一场风波终于落下帷幕。那正午校尉张敢很快便领着手下将士，押着吴申与徐敬之浩浩荡,荡荡离开。自然也很快有闻讯赶来的吴家下人，将那如死狗般昏厥在地上的吴子俊拖走。福寿大街上水泄不通的围观百姓，终于在一片交头接耳议论声中渐渐散去。只是此时谁也没注意的，远处街边一棵大树下，正俏生生站着一个妙龄女子，一袭纯黑色烟纱长裙，腰挎一柄青铜长剑。 脸上蒙着一块黑色纱巾，让人看不出容貌。可因为长期习武，那盈盈一握的小蛮腰，搭配胸前那无比惹眼的饱满身材，竟是那般火辣，惹人犯罪。隔着老远，一双美目只死死盯着那王修。半晌，一阵呢喃：“登徒子，臭流氓！”本想着等那群城防司官兵把你抓起来打一顿，先打得鼻青脸肿，本公主再出手相救的，也算出口恶气。谁知道圣旨来的这么快，气死本公主了！低下头。 瞟一眼胸前那高耸的饱满，又一阵咬牙切齿，哼，卑鄙小人，隔三差五就做些卤肘子藏在厨房里，害本公主又长胖了些许，臭不要脸！随即一声冷哼，便消失在人群中。郑明礼是最后告辞离开的。令人意外的，这位马上就要进京任职、直达中枢的堂堂灵州太守，临走前却径直走到王修跟前，神色说不出的古怪，还莫名其妙丢下一句。 本官虽年后便要离任返京了，但这几个月王侯爷闲得无事的话，可以多来府衙官舍坐坐。小女虽无侯爷这般惊世才华，可对诗词歌赋也颇有研究，你们年轻人可多探讨探讨。只唯独王修王侯爷依然木头桩子般站在原地，目光呆滞，哭丧着脸，如丧考妣，仙人板板的，这都叫什么破事哦？老子已经够低调了，好吧？怎么莫名其妙就混成这样了？爵位官职。 封地、宅子这些统统也就罢了，怎么就连平常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这几个两球货，也摇身一变成了东宫太子以及什么国公、郡公之后了？想想前段时间，老子可是天天一言不合就一巴掌直接往太子脑袋上抽啊，一脚往小公爷屁股上踹啊！大爷的，老子这是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了多少遍啊！对楚君不敬，那可堪比欺君之罪，好吧？看来以后可千万不能这样了。不知多久。 才终于一声长叹，扭过头望向身边赵太白，一巴掌便抽在他后脑勺，气急败坏一声大骂：“你大爷，臭不要脸！”铁青着脸，砂锅大的拳头咯咯直响。“你等着，你完了！感情破裂了，友谊的小船已经翻了。”等回到家，不把你这坑蒙拐骗的玩意屎都打出来，你当本老爷蹲着撒尿的？又咬牙切齿瞪一眼陈静与陈虎，还有你俩。当下。 根本懒得再搭理这三副颜色，而是径直便朝前方依然还俏生生站在原地那名叫苏婉的女子走去。没想到刚走到跟前，两人目光一对视，还不等她开口，却见这妹儿脸蛋却是唰的一下直接红到脖子根，那叫一个娇羞无限，眼里都快滴出水来。顿时更将他王老爷气得快吐血。卧槽，这妹儿过分了哈！要不是因为她收了礼不办事，老子能沦落到现在这地步？ 他居然还有脸在这羞答答的！要不是看这妹儿长得还挺乖，特别那副温柔娴静的模样，还挺招人喜欢，否则以老子这小暴脾气，能一拳打哭一个羞羞怪。尽管如此，也只是一声苦笑。婉儿小姐，你害我苦矣！你办事是真的一点不靠谱啊！漆黑着脸，一摊手。现在好了，圣旨都写了，你堂姐诰命夫人也疯了，你就眼睁睁看着你堂姐嫁给一个既不傻又不憨，还要京城去做官。 既没感情基础，又不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陪他生儿子的夫婿，终身幸福彻底毁掉，从此就天天以泪洗面吧。可没想到，任凭他满面无奈数落着，这苏婉也不说话，脸上娇羞渐渐褪去，一双美目正正凝视着他，不知为何，目光之中说不出的幽怨与失落，贝齿轻轻咬着下嘴唇，眼角隐约有泪花在闪烁。半晌，却只是声音哽咽一声呢喃：“我也没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对不起。” 是苏喂，让侯爷失望了。随即，一双葱缎般的小手轻轻拽着裙摆，跌跌撞撞便朝前方奔去。这一刻，王修甚至清晰看见那绝美白皙的脸蛋上，两行晶莹的泪珠悄无声息滚落下来。深秋下午的暖阳竟是有些刺眼，惹得他王老爷心中一阵莫名烦躁。哎，这妹儿心理素质也不行啊！老子又没骂他，没训他，无非就是抱怨吐槽两句，好端端怎么还哭了？ 可同样，这时接下来的情形却让他一下子傻眼了。只见跟前那游子还呆呆站在原地的丫鬟兰儿，却是急得快哭了，鼓着腮帮一跺脚：“姑爷，您都说些什么呢？你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都是奴婢的错。当时在府上遇见姑爷您，因为对小姐的婚事打抱不平，一时冲动才说这是苏家二小姐苏婉。可姑爷您为何就不知去咱们苏家的铺子里打听打听？咱苏家哪有什么二小姐？” 随即却是姿态恭敬一欠身，千错万错，全怪奴婢，给姑爷您赔罪了。噗！于是刹那，王修彻底惊呆了，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眼珠子瞪得滚圆，下巴都快滚到地上。卧槽！十八个卧槽！就算用屁股想，哪里再不明白这兰儿所言到底什么意思？可关键，这到底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破事啊？天天被老子拳打脚踢的那几副颜色，竟是当朝太子与国公、竣工之后。 也就罢了，就连老子又是送礼，又是小之以情，动之以理，退婚一事寄予厚望的苏婉，竟然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这大康朝的人都这么会玩的吗？还能不能多一点真诚，少一点套路了？短暂沉默，只见兰儿又悠悠沉吟道：“其实姑爷您有所不知，以前倒还没什么，可自从上次您送了小姐那花露水面膜膏，还美其名曰那是您本打算送给未来夫人的礼物，小姐虽然明知道那番说辞。” 根本就是姑爷您胡编的，可他别提有多高兴了，一直都舍不得用，视若珍宝，锁在柜子里，只偶尔拿出来看看。说着说着，声音竟有些哽咽。另外，您也别怪小姐瞒着你身份，其实小姐很多次都想要向您坦言，可偏偏又不敢，怕您觉得她轻浮，怕您生气，更怕您一冲动，主动跑去衙门递了退婚文书，惹来一顿牢狱。王修没说话，只是认真听着。 兰儿眼里撅着泪花，还有姑爷您不知道，就上次您那万通商行新品发布会，又是广告轰炸，又是搭高台限量发售的，可毕竟咱们商贾自古地位低下，被那些儒生文人瞧不起，而那发布会声势搞得那么大，小姐担心会生出诸多事端，让姑爷您措手不及，她暗地里又付出了多少？顿了顿，就今日来说，小姐本来在书房看书，是突然听到有店铺小厮来报，说吴子俊领着吴申要查封您这体验馆。 他也知道，哪怕他赶过来，也根本无济于事。那吴生身为陆氏参军，竟越俎代庖，管起了商贾经营之事，必然有恃无恐。害怕姑爷出事，便赶紧领着奴婢去了府衙求见太守大人。谁知道却被告知太守大人不在城中。小姐更一下子便预感到可能要出大事，当时急得都哭了，又领着奴婢马不停蹄去了下属县府，火急火燎，连脚都扭伤了，现在还肿着呢。您没注意刚才。 小姐哭着离开的时候，还一瘸一拐，痛得直冒汗吗？皇天不负有心人，总算寻到了太守郑大人，才慌忙赶了过来。短暂沉默，兰儿抽泣着又继续道：“本来这些小姐都吩咐了，不让奴婢给姑爷说，怕让姑爷为难。可奴婢就是替小姐委屈。还有，姑爷千万不要觉得小姐那退婚一事是她办事不利，故意拖着。其实小姐早就说过，若下次遇见姑爷，您还是执意想要退婚的话，她便答应了。” 甚至小姐亲手把退婚文书都拟好了，可因为这段时间老爷与夫人一直在外地，来不及去劝说。其实他就是说的轻松，您不知道，这半个月来，奴婢都好几次看见小姐偷偷抹眼泪。只是眼下他也没料到圣旨突然来了，这婚事肯定退不成了，他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嘴唇蠕动着，却再没说什么，只一声长叹，便大步朝苏婉晴离开的方向追了上去，只留下王侯爷一个人站在原地。 脸色青一阵红一阵，半晌才讪讪憋出一句：“这傻婆娘。”夜幕刚刚降临，周府衙门旁官舍小院二楼闺房中，正沿着一身淡紫色长裙，安静端坐在轩窗前那张书案前，如葱缎般的小手依然捧着那本被他填上了那首“竹外桃花三两枝”的王修诗集，只是此时也不知在想些什么，目光怔怔望着窗外，几分莫名惆怅。丫头，丫头。 而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一阵喊声。这次反应倒是挺快，迅速将诗集塞进桌案下。紧跟着，便见父亲郑明礼推开门，大步走进来，与往常一样，二话不说，拉过一张椅子，便在他对面坐下。不知为何，神情却说不出的古怪，在他身上打量着，半晌才满是宠溺笑笑：“怎么，又在想那王修小哥了？”顷刻间，郑妍神色一阵慌张：“没有，女儿没有。”然而。 郑明里只是嗔怪一瞪眼：“你这点小心思能瞒得过为夫？瞧瞧，这才几天时间，我这宝贝闺女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不去跟那些官家小姐聚会了，也不去逛街买些好看的衣物了，就成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还足足瘦了一圈，连小脸蛋都没以前看着圆了，眼睛还红红的，今天又哭过了吧？”郑妍儿再没说话，只是被齿轻咬下嘴唇，良久才悠悠沉吟道：“女儿不孝，又让爹爹担心了。” 爹爹放心，女儿既然说过以后会彻底忘了他，就一定会做到的。可没想到，郑明礼却是一脸玩味之色。对了，说起那王修，今天出大事了。陆氏参军吴深擅自带着府衙衙役，以涉嫌欺诈主顾为由，想要查封他那什么品牌体验馆。他带着三个兄弟，一怒之下打伤了衙役，还当街打了那吴深。可紧随其后，判司徐敬之便带着城防司官兵赶到了，给他灌了一个企图谋逆的罪名，要缉拿归案，打入大牢。 毕竟你也知道，暴力拒捕、殴打衙役与朝廷命官，那可是大罪。啊！刹那间，郑妍儿一声惊呼，嗖的一声从椅子上窜起来，脸蛋瞬间变得煞白，双手死死抓着父亲胳膊，一时间急得眼泪唰的一下便滚了出来。爹爹，他现在怎么样了？他有没有受伤？被关在哪儿了？我要去看看他。爹爹，你快想想办法呀！一定要救救他！女儿求您了。爹爹，您倒是说话啊！ 他到底怎么样了？可没想到，任凭他急得面色苍白，带着哭腔，郑明礼却依然满面玩味的笑。半晌，却一脸打趣调侃：“瞧瞧，你这丫头，还说不会再想着人家了。”眼见着女儿已经急得眼泪簌簌的向下掉，才终于将今天福寿大街发生的事仔仔细细讲了一遍，又宠溺的笑笑：“所以放心吧，你那王修小哥儿不但好着呢，而且封千户侯，官拜太子伴读，宅子封地的赏赐可是样样不缺。” 人家现在可是一气风华，春风得意的很啊！一时间，郑岩彻底愣住了，虽依然梨花带雨，可满脸急切与担忧，却总算缓和不少。眼见父亲依然满面打趣，却又脸蛋瞬间一片绯红，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一跺脚，谁关心那呆子的死活了？女儿只是，只是愤恨那吴声和徐静之无法无天，仗势欺人。郑明礼终于正了正色，其实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陛下向来赏罚分明，前几天就有京城传来的消息，说朝廷如今已经掌握了细盐提炼之术，仅用咱大康的粗盐便可提炼出雪白无杂质的细盐。陛下也已下旨，不再从庆国购入庆盐。只是没料到，这对社稷、对百姓的千秋奇功，竟是出自这王修之手。今日真正令为父震惊的一塌糊涂，脑袋都嗡嗡响的，却是他腰间挂着的那块羊脂玉吊坠。顿了顿，你有所不知，那块吊坠。 尚且还是陛下身为皇子时，先帝赏赐之物，陛下无比喜爱，向来都是在明德殿珍藏着，只偶尔才会拿出来佩戴。魏父曾有幸见陛下拿出来赏玩过，爱不释手，所以今日为父一眼便认了出来，只没料到陛下竟将最心爱之物赏给了那王修。虽并无什么特殊意义，可足以说明陛下对那王修的喜爱，这才是天大的圣宠啊！郑儿认真听着，泪痕未干的脸蛋依然红扑扑的。 郑明礼又温和笑笑，因此你这丫头的婚事，为父改变主意了。既然我这宝贝女儿是真心喜欢那小子，为父同意便是了。倒不是为父多么心眼势利，此次入京任职，为父就没想过会得善终。而他不仅贵为侯爷，深得陛下宠爱，又与太子殿下情同手足。有朝一日，为父若真招来横祸，他保你不受牵连，保你性命无忧，已是绰绰有余。顿了顿，继续叹道：“况且今日陛下的圣旨。” 就很奇怪，虽然爵位以及封地、宅子都是最高规格的重赏，可是按照朝廷惯例，初次封爵，陛下一般都会给予赐婚，要么是重臣之女，要么宗室之女，也可能是公主、郡主，以彰显皇室的亲近与恩宠。哪怕是年长者，也会赐予美妾。那苏家小姐虽封了诰命夫人，可终究是与王修仙有婚约，算不得陛下赐婚。皱了皱眉，如果没猜错的话，恐怕是这道圣旨下得太匆忙。 陛下心中还未有合适的赐婚人选，所以不出意外的话，过不了多久，可能还会有补充的赐婚旨意。而那小子如今已贵为侯爷，为父这个太守要想再利用手中权力周旋一番，让你这丫头以平妻身份嫁过去，已是不能了。因此，唯一的办法只能趁陛下还未有合适的赐婚人选，捷足先登了。满脸宠溺之色，怎么样，丫头？只要你点头，为父这两日便进京面圣，去陛下面前。 为你讨一个好姻缘。刹那间，郑妍脸蛋又唰的一下涨得通红，一跺脚：“爹爹说什么呢？谁要嫁给那坏人了？”他又呆又傻，还只会欺负女儿，才不是女儿喜欢的人呢，是吗？郑明礼又是一脸玩味打趣，故作严肃，一声轻叹：“既然如此，那就算了吧。等陛下另选个素未蒙面的宗室之女赐婚吧。”郑妍顿时神色一紧，这半晌才憋出一句：“女儿全凭爹爹做主。” 只是话音未落，却已是脸红到脖子根，目光瞥向一边，压根不敢与父亲对视，娇羞的眼里都快滴出水来。可良久，却又满面患得患失。女儿只是担心，那呆子会不会根本不喜欢女儿？而且他要是得知这些，会不会生气？没想到郑明礼却是脸色一板，他敢！日后他要是敢对我宝贝女儿不好，我就天天在陛下面前写奏章参他，一天参三本！不要！请客。郑言满脸紧张。 一把拽住父亲的手，爹爹不要。哪怕他对女儿不喜，可女儿也只想他好好的。昔日一个大字不识的憨子，竟然突如其来被朝廷封了兰平县后官拜太子伴读，自然一夜之间轰动了整个林州府。接下来几天，满大街的百姓嘴里津津乐道议论的，那可都是王修侯爷的事。就连那些酒楼的说书先生也是滔滔不绝，夸夸其谈。诸如那兰平县后天庭饱满，脚踏祥云。 实则乃天上的文曲星下凡。诸如那蓝屏县后，只因某一天丢失了一把斧头，又遇上了天上老神仙。老神仙问他丢的是金斧头、银斧头还是铁斧头，可他是个憨子啊，不知道金斧头更值钱啊，只选了铁斧头，感动了老神仙，得了神仙点化。哎，百姓就喜欢听这些啊。九月十八，京城太阿宫德政殿，荒唐，胡闹，那混账小儿！ 简直不是个好东西，胆大包天，乱臣贼子，实在当诛。景龙帝身着龙袍，端坐在一张椅子上，手里攥着一本奏折，脸色阴郁的都快刮出几斤寒霜来。来，皇后，你瞧瞧，这就是那孽畜给朕呈上来的谢恩折子。双眼喷着火，哟，那孽畜果真好文采啊，写的那叫一个情真意切啊。什么，陛下吃过饭了吗？身体还好吗？什么，最近京城天气怎么样？临州城天气还可以。 只是下了场雨，又凉了不少，搞得朕还挺感动，以为他上道了呢。可最后你瞧瞧，你瞧瞧，他居然说自己年事已高，身体也大感不如从前，而且最近食欲不振，饭量也下降不少。因此，那太子伴读一职，请朕恩准，允许他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一时间情绪更无比激动起来，一巴掌拍在面前桌案上，瞧瞧这像话吗？他才刚满十九，何来的脸面？ 说自己年事已高，还身体大不如从前。当初暴打那吴子俊的时候，朕怎就见他生龙活虎的？当初在他府上，就数他吃的最多。手臂这么粗的卤肘子，他几口就啃完了。一桌子菜，他一个人就吃了一半，最后还干了三碗白米饭。他也好意思说自己食欲不振，还告老还乡？这天下有还没上任就告老还乡的官吗？镇恩准他两个大嘴巴子。司礼监太监总管张三千。 侍立在殿门口，低着脑袋，大气都不敢出。而景龙帝跟前桌案一侧，正端坐着一位雍容华贵的女人，约莫四十左右年纪，虽指着宫中便装，可仪态端庄，举手投足皆是身居高位的威严气势。正是当朝皇后娘娘陈皇后。顿了顿，景龙帝却又是一阵气结，铁青着脸，从怀里摸出一封密函，还有，你再瞧瞧，景阳那丫头刚呈上来的。那畜生自领了圣旨回到府上。 气急败坏之下，竟是拎着铁锹在院子里撵了足足半个时辰，最后还是给把太子劈头盖脸揍了一顿，还骂太子是缺德玩意，还说什么兄弟感情破裂了，以后再敢踏入他家半步，打断他的狗腿。你那侄陈静，还有那陈虎，也没幸运到哪里去。你听听，这像话吗？以前他不知太子身份，倒还情有可原，可如今他竟然还胆敢，太子乃国之储君，他怎能如此不敬？ 他胆子是不是太大了些？这也就罢了，他竟然还琢磨着，若朕不允许他告老还乡，他就一直拖下去。反正那圣旨只说了年后上任，又没说年后啥时候上任。还说什么大不了爵位、封地、宅子都不要了，反正他是不可能进京做官的。他在跟朕扣字眼呢。没想到，任凭他怒气腾腾的厉害，陈皇后却只是温婉笑笑，嗔怪瞥他一眼：“圣上也真是的，都多大年纪了，犯得着跟一个后生小儿置气？” 几分哭笑不得，听圣上骂了半天，可妾身却越是对那小子喜欢的很。陛下想想，若那王修也与那些成天只想着封爵做官、光耀门楣的文人世子一样，岂不反而让人看清？这让妾身都迫不及待想去一趟临州城见上一见了。这景龙帝神色一愣，尽管依然面色铁青的厉害，也只是一阵苦笑。皇后所言，朕何尝不明白？他要是也与别人无异，封了侯，拜了官。 便恃宠而骄，沾沾自喜，对朕感恩戴德。得知了太子的储君身份，便举止恭敬，逢迎巴结。反倒只说明朕看走了眼啊！可就是，反正不知为何，一想起他那张臭脸，朕就一肚子火。那混账东西，果真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该给的赏赐都给了，还是一点不上道。短暂沉默，却又一声长叹。话说回来，这次林州城闹出如此大的动静。 那孽畜也不知脑袋怎么长的，瞧瞧现在，不仅京城百姓，连朝堂上都已经沸沸扬扬，真真假假说那吴身陷害忠良，还有谋反之心，还把吏部侍郎吴正德都给牵扯了进来。听说吴正德已两次登门去求见右丞相曹木，都被拒之门外了。手段虽实在卑鄙恶毒了些，可实在深得朕心啊！皱着眉头，还有便是这次对那混账小儿的赏赐，这赐婚的人选，实在令朕颇为头疼。 那礼部尚书唐明昨日倒是含沙射影跟朕提过，他有一女，年方十八，待字闺中。可这唐明朝堂之上向来属于明哲保身的做派，看似忠厚，实则老狐狸一个。宗室之女中一时又挑不出年龄、身份合适的。至于公主、郡主，景阳那丫头倒是个合适的人选，反正她也在那混账身边待了这么久。可一想起那可恶可恨的小儿就要做朕的女婿，朕这心里就堵得慌。 然而，就在这时，却只听得殿门外有太监来报：“禀陛下，临州太守郑明礼来京了，正在明德殿外候着，说有事求见陛下。”九月二十，又一场大雨后，天气终于放晴。乌鸡巷小院中，王修正舒坦无比，躺在院子角落那张自制的躺椅上，一边把玩着腰间那块鸡蛋大的羊脂玉吊坠，可脸色却难看的厉害。脚边还躺着一把铁锹。 陈静与程虎傻站在院子另一角，缩着脑袋；而前方不远处，东宫太子赵成，字太白，却正弯着腰，大口喘着气，哭丧着脸：“王兄，本宫都说过多少次了，这次封侯拜官真的不关我的事啊！我赵成对天发誓，那细盐提炼技术呈给我爹的时候，我是真一口咬定就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呀！你怎么就不信呢？”胡乱擦拭一下额头大汗，还有，本宫真不是故意想对你隐瞒身份的呀，这不实在是…… 怕你得知本宫的太子身份，关系不就不亲近了吗？而且你要知道我是太子，还会把那五十首诗交给我一起发财吗？哦，好像最终一个铜板也没捞着，全被我爹搞了。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可这都五六天了，兄弟也都给你解释过多少遍了。你也实在不能拧着铁锹一天撵我三次啊！本宫好歹也是太子，左邻右舍瞧见了，影响也不好，是不是？还有，咱俩是过命的兄弟，福寿大街打过架，凤来楼里听过曲儿。 林州使馆装过笔的，这感情怎么能说破裂就破裂呢？对不对？却奈何，任凭他苦口婆心说的喉咙沙哑，王修依然铁青着脸，双目直喷火。尽管如此，半晌却也只得咬牙切齿一声骂：“本侯爷今天累了，暂且先放过你，明天继续。”你妹夫的，不整死你这坑蒙拐骗的货，你当我蹲着撒尿的？还有，有了你这前车之鉴，老子现在一遇见京城来的人，心里就慌得很。你说？ 就之前跟你聊起过的那个什么赵几，会不会也有什么别的身份，比如什么郡公、侯爷或者尚书之类的？赵太白却是一个机灵，快哭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王兄，别成天疑神疑鬼的，这问题你都问我十遍了。本宫保证，那赵几绝对不是什么郡公、侯爷或者朝廷当官的。不信的话，你可亲自去京城商律司查一查，那康泰大商行的东家真的名叫赵几，只是一边说着。 嘴角却若有若无一阵呢喃：“王兄，这到底经历了什么？连想象力都这么不丰富？没办法，被一天铁锹追着撵三次，和被吊起来用金条抽上两个时辰不歇气，孰轻孰重，本宫还是拎得清的。”眼见他信誓旦旦拍胸脯，王修这才彻底放心了，没好气瞪他一眼：“对了，我给你爹写的谢安折子，他回了。本以为他会批准本老爷告老还乡，可谁知道回函中就一个字。” 滚！你说你爹身为皇帝，怎么这么粗鲁呢？毫无素质！他是不是没读过书，没有什么文化？然而，同样这时话未说完，却只听得远处厨房内一阵哐当嘈杂的声音，伴随着一个女子的尖叫：“王修，我要宰了你，诛你九族！卑鄙无耻，竟然偷偷在厨房装机关陷阱！”请客。王修神色一喜，得手了，哪顾得上院子里这三副颜色？嗖的一声。 拔腿便朝厨房冲过去，可当他推门进去，眼前的景象却让他也瞬间呆住了。只见此时厨房灶台后的空地上，正站着一个女子，一袭纯黑色烟纱长裙，勾勒着那惹人犯罪的火辣身段，葱缎般的玉手还抓着一根炉肘子，白皙精致的脸蛋，特别那温润诱人的弹口，竟是说不出的美艳动人。只是此时，整个人已经被小拇指粗的麻绳所编织的大网给牢牢套住了，大网的两端。 还牢牢记在房梁与两根房柱子上，让他完全不能动弹。虽然这次女子没有蒙着面，可仅凭他腰间那柄青铜长剑，还有胸前那大，哪里看不出来？竟是上次在大街上情急之下出手相救，又直接把剑架在他脖子上，吓得他王老爷差点尿了裤子的那个蒙面女子。我操！这特么到底什么情况？一时间硬是惊得眼珠子滚圆。这个把月来，每次做些卤肘子藏在书房里。 总是隔三差五就少一根，最开始还以为是赵太白那三个两球货趁他不注意偷吃了，后来发现这三副颜色都回京城了，还是如此。本怀疑家里进野猫了，可偏偏每次又只少一只，其他的都完好无损。很明显，家里进毛贼了吗？偷炉肘子偷到侯爷家了，那还得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花费了好多心思，偷偷设计安装了这么个陷阱机关。瞧瞧，这不就得手了？ 可关键是，怎么是这个暴躁婆娘？这下怎么搞？最怕空气突然安静。这时，赵太白自然也领着陈靖成虎冲了进来。可是，只看了一眼那女子，竟是噗的一声，一口口水喷了出来，眼珠子瞪得滚圆，一脸活见鬼的表情，喉咙样样一声呢喃：“我的个阿娘也，王兄这是干了票大的呀！”总算知道，王兄一举封侯，本宫天天挨抽，到底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嘴角一抽。 已带着哭腔：“景阳妹子啊，你害我苦矣！”陈静脑袋迅速往后一缩，闭紧嘴巴不说话。程虎木头桩子般出那儿，呆若木鸡。而此时，女子也同样正死死瞪着王修，一双美目寒气逼人，娇躯颤抖不已，谈口喘着气，那架势就好像被他王老爷拖进小树林整了一顿，提起裤子还不认账一般，着实就要扑上来跟他拼命，哪怕剁不了这无耻奸贼的脑袋，能咬上一口也是极好的。 却奈何身子被麻绳如蜘蛛网般牢牢套着，纵然武艺高强，也根本使不出力气来。反倒越挣扎，麻绳就套得越紧。顿时更气得胸前硕大饱满，上下起伏的厉害，一声歇斯底里大骂：“恶贼，登徒子，臭流氓！快放了本姑娘，否则总有一天，本姑娘要亲手宰了你，大卸八块，诛你九族！无耻，卑鄙，臭不要脸！”可是骂着骂着。 却又似乎突然意识到什么，神色一慌，赶紧将手中那卤肘子往身后藏，脸蛋更唰的一下涨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于是刹那，王修更气得够呛：“大爷的，这婆娘脾气不是一般的彪啊！虽说上次救命之恩，老子自当狠狠的涌泉相报，而且老子好像还抓到了不该抓的地方，可你也不该一言不合就把剑往老子脖子上架呀！这些统统罢了。” 看在当初救命之恩的份上，思想教育两句就给放了。反正几根卤肘子也不值多少钱。可是，哟呵，老子这受害者还没发话，他这小毛贼倒是发起飙来了。还有天理吗？还有王法吗？还有正义吗？很明显，没有吗？上次是打不过，但今天不一样了呀，活捉了呀！老子这小暴脾气，今天非得让他明白明白。姑娘家家的脾气还是不要这么暴躁的好。 要温柔贤惠，要知书达理，说话要嘤嘤嘤，动不动就要拔剑，要把人大卸八块，这样是没什么前途的。尽管气得心肝尖尖都在颤，却还是强忍冲动，没一拳整过去，把他那看着还挺好看的小鼻子都给打歪。只是扭头朝厨房门口杵着那三尊门神，一声大骂：“三颗猪脑袋啊！还不快去搬张椅子来！本老爷今天要亲自审一审这女毛贼。”程虎反应挺快，噔噔跑去搬椅子了。 赵太白却是嘴角一抽，勾着她肩膀，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王兄，我看要不放了吧？可毕竟她是……可没想到，话未出口，那女子脸色一紧，一声呵斥：“闭嘴！”咬牙切齿瞪着他，眼里满是威胁的味道，顿时把他赵太白吓得身子一哆嗦，赶紧改口：“她是个妹子。”哎，没办法这景阳公主可是陛下最宠爱的三个公主之一了，就连每次微服出巡都带在身边。 乃像他赵太白，隔三差五就挨抽，惹不起啊！王修又一阵气结，反手就是一巴掌抽在他后脑勺，破口大骂：“放你妹啊！我还看不出这是个妹子。还有，告诉你，这妹子我以前遇见过，武艺高强的很。伸手一比划，就那发了狂、受了惊的马，他就这么一下，那马就躺地上了。你说凶不凶？而且上次已经把他得罪了，要是这么轻易就放了他，拔剑就要砍人。” 你来替本老爷受着。赵太白嘴角一抽，印堂漆黑，闭上嘴不说话了。椅子很快搬了过来，赵太白三人又跑去门口当门神了。隔着远远的，一脸看神仙的表情望着这边。王修这才在这女毛贼面前屁股一甩，大咧咧在椅子上坐下，翘着二郎腿，一边把玩着腰间那块羊脂玉吊坠，先拿捏一下气质，这才清了清嗓子。本老爷乃是朝廷刚封的蓝平县侯，亲自审问你，那是你的荣幸。 说吧，姓名哪里人士？为何三番五次来本侯爷府上偷卤肘子？此时，景阳公主赵婉何尝不是气得快吐血？天哪，这大康朝怎就有如此厚颜无耻的泼皮无赖？好吧，本公主承认偷卤肘子的确是不对的，可不就是实在抵挡不住那卤肘子的美味，偶尔偷吃一根吗？就当本公主暗中保护你这么久，一点点酬劳吗？至于这么小气，竟是在厨房偷偷装了个机关陷阱！ 害本公主一不留神就着了道，气死人了！等着吧，姓王的，你完了！上次账还没算，眼下这梁子又结下了，总有一天本公主亲手剁了你脑袋，再把你抄家流放。因此，尽管气得郊区都直发抖，却也只能一声冷哼，死咬牙关不说话。可没想到，眼前这恶贼反倒更来劲了，坐直身子，哟呵，都这个时候了，还敢朝我瞪眼睛，完全不服管教啊！ 老子这小暴脾气，今天倒要看看多大根猪肘子卤不趴。妹儿，你也别不服气，自己出去打听打听，本侯爷是什么人。临州师馆打过架，福寿大街揍过朝廷命官的。别以为你长得怪，老子就不敢打你。我要狠来，可是连自己都打的。砂锅大的拳头朝他使劲扬了扬，把我惹毛了，你可能麻烦就大了。这做人啊，要服管教。我知道你现在很不服气，很想弄死我，可没办法呀。 这不就在本老爷手里了？空有一身武艺还使不出来，你说气人不气人？倒是懒得再跟他废话，一撇嘴说吧，今天这事怎么处理？要不还是直接从州府衙门让刑律司来判。只是此时心里又何尝不是叫苦不迭的厉害？我操，这妹儿是脑袋有问题啊！看在当初出手相救的份上，屁大点事你就服个软，道个歉，再写份保证书，保证以后绝对不会来找老子报仇。 老子不就放你走了？可你现在这个样子，一副要吃人的眼神，还张嘴闭嘴要把老子大卸八块，搞得老子真的很慌啊！上次被长剑架在脖子上，现在还后怕的很。现在要把你放了，万一哪天月黑风高，突然就摸到老子被窝来，给老子捅上一剑，那谁受得了？你敢？请客！赵婉更一阵气结，又一声娇叱，恶贼，你要敢告官府，本姑娘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小拳头攥得咯咯直响。 大口喘着气，郊区都直哆嗦。天呐，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堂堂皇室公主偷偷溜进侯爷府上偷卤肘子吃，还被抓个正着，本就已经够丢脸了。可这要是闹到府衙，再传了出去，甚至史书都可能留上一笔啊！没法活人了。这也是刚才为何不惜威胁太子哥哥，不准泄露他的身份。可是眼下这如何是好？反正对这个登徒子臭流氓求饶，是绝对不可能求饶的。 咽不下这口气，一时间更急得快哭了。于是刹那，王修一下子来了精神。哟呵，这妹儿还知道闹到官府是件丢脸的事啊？这不就好办了吗？当下找了个舒坦的姿势，靠在椅子上，一撇嘴。哦对，本老爷不但要送你去府衙，我可能还要张嘴乱说，说你是个心理变态，还经常偷偷溜进我家偷看本老爷洗澡，污本老爷名节。一摊手，没办法，谁让我是侯爷呢？我说的话。 刑律司总得听着。瞬间，赵婉更恼羞的厉害，一声暴喝：“登徒子，谁经常偷看你洗澡了？本姑娘只看过一次，还是无意间撞上。”只是话未说完，瞬间意识到不对，赶紧住嘴，脸蛋唰的一下已红到脖子根。噗！顷刻，王修眼前一黑，差点一根头栽在地上。仙人板板哟，这特么有什么情况？苍天啊！大地啊，老子的名节啊！ 远处，赵太白三人更是眼珠子瞪得滚圆，面面相觑。可接下来的情形却更让王修彻底懵了。只见这妹儿依然脸蛋红得如熟透的苹果，可偏偏双目煞气凌人，被持死咬着下嘴唇，饱满诱人的胸脯起伏的厉害。可半晌，殷若文提：“只要你不报官，不把这事传出去。”一跺脚，我赵婉愿意给你做一年贴身侍卫，随时保护你安全。哦不，两年。江湖儿女最重信义，本宫。 姑娘说到做到，疯了啊！本公主真的要疯了。反正给这个恶贼道歉服软是不可能的，怎么就稀里糊涂栽在了这么个卑鄙无耻的臭流氓手上？堂堂公主竟只能委身给一个恶贼当侍卫。虽然圣上的旨意让本公主暗中护他周全，可这性质能一样吗？可眼下也只能如此了呀！都怪这杀千刀的，没事做什么撸肘子，惹得本公主天天淌口水。于是乎。 王修也是彻底呆住了，半晌，却是一下子乐了：“乖乖也，还有意外惊喜啊！没看出来这妹儿还挺上道啊，大气呀、啊！明明服个软、写个保证书就能解决的事，却硬是要搞个两年卖身契。关键有这么个武艺高强、一招就能撂翻一匹马的侍卫，以后说话做事都可以嚣张点了呀、啊！”转过头来，只没想到这妹儿依然咬牙切齿，一副要吃人的德行。 可不知何时，那绝美脸蛋上已是两滴委屈的泪水，搞得他多少有些于心不忍，倒是三两下走上前，将他身上的麻绳大网给解开，老脸微微一红。可其实，然而话未出口，却见这婆娘又气急败坏一声娇斥：“臭流氓，少在这假惺惺、啊！”当下竟是抱着他手臂，照着他手背，张嘴便狠狠一口咬了下去，疼得他直吃牙咧嘴，总算解气不少，一跺脚。 转身便朝门外大步走去，把他王老爷给气得暴跳如雷，不服管教，不服管教啊！而赵太白直愣愣看着这一幕，嘴角直抽搐。我的个阿娘也，王兄真是个人才啊！姑爷，姑爷！然而就在这时，却只听得外面传来一个女子的喊声。可当几人走出厨房，却见院门外正俏生生站着一女子，正是苏婉晴那贴身丫鬟兰儿。也不知何时，俏脸几分急切。眼见几人出来。 兰儿自然迅速迎了上来，看一眼旁边不远处依然杀气腾腾、咬牙切齿的赵婉，尽管几分疑惑，也只是径直走到王修身边，躬身行礼：“奴婢见过姑爷。”可紧跟着，却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木匣子来，递到他跟前：“小姐这几日在城东一片为姑爷您置办了一座宅子，这里面是房契。小姐差奴婢给姑爷送过来。小姐还说了，不到一个月便是婚期了。姑爷这两日若有空，去那宅子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添置的东西？告知他一声。另外，希望姑爷能尽早搬过去。噗！刹那间，王修差点一口口水喷出来。老子不是入赘的上门女婿吗？按照规矩，到时候不是老子从乌鸡巷坐上花轿，盖着盖头被抬到苏家去，从此就住在苏府的吗？什么宅子？然而兰儿也只是摇了摇头。至于原因，小姐没说，而且她这几日忙得很。可随即脸上泛起几分担忧。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支支吾吾半晌，才一咬牙：“还有，姑爷要有空的话，去看看小姐吧。您有所不知，当初自从福寿大街回去后，小姐这段时间便一直郁郁寡欢，茶饭不思。虽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可奴婢已经很久没见她笑过了，人也瘦了不少。老爷与夫人又在外地，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卧槽，这几天时间，光忙着为莫名其妙就封侯拜官的事伤心欲绝，茶饭不思了。” 居然把身上还背着婚约，这是给搞忘了。当下却是点了点头，转身便与兰儿朝院门外走去。可刚走两步，却又转过身，朝依然还处在院子角落的景阳公主气急败坏一声喊：“本老爷要出门了，还愣着干什么呢？还有没有点眼力见了？你这个样子就很不讨本老爷喜欢。你”你顷刻间，赵婉更气得快吐血，双目喷火，小手握着腰间长剑，指节都已发白。刁民<明>，简直杀千刀的刁民啊！ 堂堂皇室公主，何时被如此大呼小叫过？没完了是吧？蹬鼻子上眼了是吧？早知道这样，当初在大街上他那狗爪子乱摸，本公主就该活生生把他两剑捅死算了。尽管如此，却还是强忍冲动，没直接一剑砍了他的狗头，只是背驰，咬得咯咯直响，杀气腾腾跟上。院子里只留下赵太白三人，三颗脑袋凑在一起，直愣愣看着院门口方向，一脸看神仙的表情。 赵太白眼珠子瞪得滚圆，王兄这是要上天啊！这可是本太子都没有过的待遇啊！陈静身子往后缩了缩，景阳公主殿下很凶的，小时候我可没少挨他揍。两年期满，王兄会被活生生打死的。程虎似乎还有点猛，表妹武功又长进了，王兄这样的，他一只手能打十个。走出巷子，自然有苏府的马车在外面候着。兰儿作为丫鬟下人，自然与车夫一道坐在外面。可当赵完紧跟在王兄身后钻进车厢。 接下来的情形却更让他彻底崩溃了。只见那罄竹难书的恶贼倒是屁股一甩，便在正中央守卫坐下，二郎腿一翘，把玩着腰间那块羊脂玉吊坠，半眯着眼睛便在他身上打量着，半晌才一撇嘴：“对了，刚才你说自己叫什么名字来着？”一拍脑门：“哦，想起来了，赵婉。瞧我这记性，哎，最近一听见姓赵的，心里就不舒服。”倒是，一正色：“赵姑娘，赵侍卫，本老爷知道。” 你现在一定很想弄死我，对不对？可没辙嘛，谁叫你栽在本老爷手里，还有把柄被我攥着呢。赵婉嘴角一抽，小手又已经摸在了剑柄上，这货反倒还来劲了，皱着眉头，哎，本老爷跟你说话呢，能不能给点回应？就你这种态度，要是去职场上混，一辈子都混不出个名堂的。首先，你得对上司有足够的尊重，还得会来事，才会得到赏识，懂不懂？很明显，你现在对本老爷没有一点尊重嘛。 这让我很不满意。赵完死咬着牙关没说话，双眼已经在喷火。然而，这杀千刀的却又一声呵斥：“哎，你这什么眼神？本老爷给你训话呢，能不能给我做端正了、啊？看你还很不服气的样子，来，本老爷就跟你说道说道。首先，那天在大街上虽然是你出手相救，而且我这手好像也摸了，但你也不能直接就拔剑往我脖子上架，这个行为是很粗鲁、很不礼貌的，你懂吗？” 其次，你偷吃几根卤肘子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你不能偷看本老爷洗澡啊！本老爷还未成婚呢，这要是传了出去，我这脸往哪搁？赵婉娇躯颤抖不已，腰间长剑已经悄无声息往外移了两寸，却奈何这恶贼还没完了，又是眉头一皱，喋喋不休。再来说说你，上次你蒙着面，但今日瞧着吧，你这妹儿长得也挺漂亮的，身段也好，可唯独脾气怎就这么暴躁呢？一言不合就拔剑。 张嘴就要把人家大卸八块，看着年龄也不小了吧？你说说，就这个样子，以后怎么找婆家？怎么嫁人？天下又有哪个男人会喜欢你这种成天只知道打打杀杀的？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父母见你这样子该多着急？为啥就不能学学本老爷身上这种儒雅斯文气呢？随即，倒又是一撇嘴。不过没关系，既然做了本老爷的侍卫，那就是本老爷的人了。看在当初救命之恩的份上，我也得替你父母。 好好调教调教你，只要你听话一点、乖一点，再尽职尽责保护本老爷的安全，不出两年，绝对给你打造成一个又温柔又贤惠、还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到时候不就好找婆家了吗？对了，你家住哪儿呢？回头别忘了给你父母去封信，报个平安，就说你找了份好工作，在兰平县后府上做侍卫。以后我每个月给你五两银子的薪俸，你托人给父母捎回去。钱虽然不多，但能让他们放心。这么大的人了。 要懂事。对了，你念过书没？会写家书不？要不我帮你写。于是乎，景阳公主便彻底崩溃了。苍天啊！大地呀、啊！快来一道晴天惊雷，把这杀千刀的恶贼活生生给劈死吧！到底还有完没完了？疯了！本公主真的要疯了！上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才会栽在这么个泼皮无赖、无耻之徒手里？本公主这辈子都不再吃卤肘子了，还不行吗？ 一时间，竟已是羞愤交加的，眼里都已饱含泪水，连拔剑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想干脆扑上去，把这杀千刀的恶贼抱着活生生咬死算了。一切都清静了，还好不到半个时辰，马车便在苏府大门外停下。因为有兰儿引路，几人自然很快便到了后院，自然正是上次苏府寿宴时，他王老爷偷偷摸,摸摸寻得的那座幽静独立的小院。赵婉自然在楼下院子里等着。 可当王修在兰儿的带领下径直上到二楼，推开其中一间厢房门进去，却是一下子愣住了。只见这是一间极为别致的书房，那苏婉、苏婉晴正端坐在中央那梨花木书案前，依然一袭淡黄色轻纱长裙，勾勒着那婀娜款,款款的完美身段。落落大方的装饰，特别天气变寒，香肩上那条雪白貂绒披肩，再搭配那禽手峨眉、绝美的令人窒息的脸蛋，更那般明艳动人。此时。 正低着头在一本账册清单上写着什么，娴静而又端庄。只是才几天不见，这女人看着似乎消瘦了一些，脸蛋微微有些苍白，眼角写满了疲惫。说实话，直到现在，他王老爷还是有些无法将眼前这女子与他那签了婚书的未婚妻联系在一起。可不知为何，看着她这副疲惫之态，心中却一阵莫名烦躁。这时，苏婉晴总算注意到面前的王修，娇躯微微一颤，眉头轻皱。 你怎么来了？紧跟着，却又似乎突然想到什么，赶紧放下笔，走到他跟前。盈盈一欠身，见过侯爷，随即便只是一副淡然优雅的神态，悠悠望着他。一时间，反倒搞得他王老爷心里叫苦不迭。大爷的，老子连前世都尚且还是个连恋爱都没谈过的钢铁小直男啊，哪里懂得如何跟女孩子打交道？以前这还只是什么苏家二小姐，现在摇身一变，竟然成了自己未来媳妇。 这个好像有点尴尬、啊。半晌，脑袋有点犯抽，才样样憋出一句：“可苏小姐，今天天气不错哈。”没想到话音未落，却见苏婉晴扑哧一声，嘴角终于一丝浅笑，可随即又恢复了刚才那副从容姿态。被齿轻起。侯爷前来是想问那宅子的事吧？只怪婉晴因为太忙，忘了给兰儿讲清楚，害侯爷跑一趟，还请恕罪。王修嘴角一抽，没说话，顿了顿。 苏婉晴才又淡淡沉吟道：“其实也没什么，只因我们的婚事都已经写在了圣旨上，都怪民女没能早点说服爹娘主动退掉这门婚事，让侯爷失望为难了。但是民女便琢磨着，侯爷如今身份不一样了，已经贵为朝廷侯爵，那婚典自然不能真按照入赘的礼仪流程，让侯爷坐花轿跨火盆，被别人笑话看轻。因此，民女决定虽依然是入赘的婚书，但是改为我们苏家嫁女的流程，到时候。” 民女坐花轿嫁到侯爷府上，只唯一有一点，还望侯爷能成全。那便是日后若我们有了子嗣，第一个男丁希望能姓苏。如此一来，我们苏家的嫡系血脉也有了继承人，在老祖宗与爹娘面前，民女也算有了交代。王修依然没说话，只认真听着。短暂沉默，苏婉晴继续呢喃道：“至于那宅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倒不是民女嫌弃侯爷府上简陋，而实在是……” 你如今已贵为侯爷，婚典之时，不仅亲朋好友与本地商贾，包括林州府以及下属县府的一众官员，甚至朝廷也会派人前来庆贺。你位于乌鸡巷那宅子实在太小了些，要重新改造也来不及了，因此民女才自作主张，以侯爷的名义另外置办了一套大宅子，管家、丫鬟、仆役也已经都安排妥当。如此一来，众多富商与朝廷官员前来道贺，侯爷也不至于失了脸面。 却又咬了咬牙，眼神闪过几分落寞。不仅如此，据民女所了解，按照朝廷惯例，如侯爷这般少年才俊，首次封爵，陛下一般都会给予赐婚。这次的圣旨就非常奇怪，各种封赏都是按照礼制的最高规格，却唯独没有赐婚。所以不出意外，过不了多久，可能便会有补充的赐婚旨意下来。要么公主郡主，要么是宗室之女，要么是重臣之女，到时候也不知是哪家妹妹会嫁过来，新置办一套宅子。 有了丫鬟仆人，也不至于让妹妹受了委屈。又淡然道：“当然，侯爷也不必多心。这置办宅子与家具的钱，都是民女私自积攒的，没花苏家一文钱。夫妻本为一体，这就当民女的嫁妆。况且民女未来公公婆婆皆已离世，而侯爷府上又没个管家之类帮着操持张罗。毕竟日后民女便是侯爷的夫人，这些碎末小事，自然只能民女多替侯爷想着些。另外，乌鸡巷的诸多邻居也皆是些淳朴善良之人。” 以往对侯爷也颇多照拂，因此民女擅作主张，打算到时候哪怕婚典在新宅子举行，也请他们都来热闹热闹，沾沾喜气，再赠些被褥布匹之物，免得让侯爷落得个薄情寡义的坏名声。然而说着说着，这个故作平静的女人，泪水却再也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贝齿死死咬着嘴唇，半晌才又继续。虽然这些都是民女分内之事，而且我也知道侯爷对民女不喜，曾做梦都想着。 能与苏家退婚，只因为圣旨，才迫不得已如此。所以，我也不敢奢望日后能得侯爷宠爱，能与侯爷举案齐眉、夫妻恩爱。但只求侯爷在外人面前能对民女稍微好些，免得让民女爹娘担心。于是乎，王修也是彻底愣住了，正正望着眼前这个明明满心委屈，却依然还在故作坚强的女人，心中何尝不是万千感怀？昔日万通商行发布会，这个女人暗中默默的付出，无声徐敬之一事。 他不辞辛劳的奔走，再到如今如此心思缜密的考量，面面俱到，得此贤妻，夫复何求？所谓贤妻良母贤内助，也莫过于此了吧？半晌，才讪讪呢喃道：“你傻不傻？”苏婉晴神情一滞，有些不明所以。王修却是脸色青一阵红一阵，良久才样样憋出一句：“其实就按入赘的礼仪流程也挺好。”苏婉晴眉头轻皱，依然几分疑惑。王修嘴角一抽。 印堂有些发黑，半晌才又傻愣愣憋出一句：“而且到时候咱们生十个八个儿子，你想要几个姓苏都可以的。”没想到苏婉晴依然愣着，只悠悠凝视着他。于是乎，王修便更加尴尬了。哎，这妹儿看着挺聪明的，可怎么有时候脑子就不好使呢？老子一个连恋爱都没谈过的纯情小男生，大学时跟女孩子说两句话都脸红的，哪知道怎么哄女孩子嘛？知识盲区啊！而且当初。 还是老子叫着嚷着要退婚，现在都已经这样了，你让老子怎么搞吗？还有什么叫过不了多久，还可能会有赐婚的旨意呢？那景龙皇帝脑子有毛病，天天闲得慌啊，乱点鸳鸯谱。要真有这样的惯例，赵太白那两求货，身为东宫太子会不知道？他敢不告诉老子？一时间老脸都已胀得通红，支支吾吾半晌，才又憋出一句：“还有，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 我什么时候做梦都想着跟你退婚了？脸色一横，你瞎说，我没有，不要随便诬陷好人。可同样，这时话音未落，接下来的情形却让他一下子懵了。只见眼前这女人却是扑哧一声，那绝美白皙的脸蛋上已是一片忍俊不禁的盎然笑意。可紧跟着，似乎心中所有的委屈，这一刻终于彻底发泄出来，两行晶莹的泪珠悄无声息滚落下来，梨花带雨，却又笑靥如花。 特别长长的睫毛沾着点点泪花，竟是那样美艳不可方物。与此同时，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勇气，上前一步，微微踮起脚尖，那温润诱人的檀口便已堵在他那厚实的嘴唇上，却又蜻蜓点水，迅速分开。只是刹那间，那娇艳无比的脸蛋上已是一片醉人的红晕，娇羞无限下，脸蛋已红到脖子根。只是鼻息若有若无一声轻吟，这呆子扭过头，再也不敢与他对视。于是刹那间。 王修便彻底懵了，呆滞当场，硬是嘴巴张得老大，脑瓜子都嗡嗡的响。初吻呐，他怎么能这样呢？还没拜堂啊，羞死人了！可一时间，正正望着这个女人那副明艳动人、娇羞无限的模样，硬是小心脏扑腾扑腾跳得厉害。哪有丝毫迟疑，上前一步，一把搂住她那纤细柔软的小蛮腰，照着她那如樱桃般诱人的檀口，便狠狠咬了上去。然而。 同样，这时却听得耳边一声尖叫，啊！吓得他一个机灵，差点把这妹儿的嘴唇都咬个洞。迅速转过头，却是猛地一愣，只见不知何时房门已经被推开，苏万里夫妇不知何时已双双站在身后不远处，几分风尘仆仆。他那未来岳母李芳华，肩膀还挎着一只行囊包裹，明显是刚从外地赶回来，都来不及歇口气，便直奔这边来了。此刻，郑双双张大嘴巴。 直愣愣望着两人，特别苏万里舔着滚圆大肚皮，硬是眼珠子都快滚到地上来。于是乎，王老爷便彻底懵了。毕竟尚未大婚拜堂，便跑到人家女儿院子书房来，抱着人家闺女又啃又亲的，还被人家两口子逮个正着，终究好像是有点尴尬啊。苏婉晴自然迅速从他怀里挣脱出来，顷刻更是脸蛋涨红的如熟透的苹果，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然而这时，接下来的情形。 却更让他王老爷彻底欲哭无泪了。只见苏万里倒是黑着脸一跺脚：“哎，贤婿啊，这不只有不到一个月，便是你们的大婚之日了，你着急什么啊？”可李芳华却哪里还有当初老祖宗寿宴时那股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的劲？先是恶狠狠瞥他一眼，随即走到苏婉晴跟前，拉着女儿的手，声音都有些发抖：“丫头啊，我跟你爹在外地就听传的沸沸扬扬，说贤婿不但脑疾痊愈了。” 还成了那什么万通商行的大东家，不仅如此，还被朝廷封了侯爷，得了个太子伴读的官。听到这些消息，我跟你爹这几日可是吓得晚上连觉都睡不着，连夜就往回赶啊！你快告诉娘，这些是不是真的？苏婉晴神色一愣，一阵无奈苦笑，却也只得点了点头。刹那间，却见李芳华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泪水瞬间便滚了出来，一声大喊：“苏万里，你个杀才，你个瞎了狗眼的东西！” 都给咱找个什么女婿？上次见着还挺憨厚老实的，怎么就莫名其妙又是做生意又是封侯拜官了？那叫一个悲痛欲绝，那叫一个呼天抢地，还说什么给咱婉晴千挑万选了个好夫婿？你瞧瞧，你瞧瞧，他今天敢封侯，明天就敢养外宅，后天就敢让咱女儿独守空房。他今天敢当了太子伴读，明天就敢一封休书把婉晴休了，后天就敢再另娶个官家小姐。那赵东进的女儿过得还不够惨吗？ 你让咱女儿以后可怎么活呀？当下情绪激动，不停抹眼泪，拧着那行囊，照着苏万里一顿猛砸。咱姑爷那么老实憨厚的人，肯定是被那个叫赵太白的给带坏了。早就跟你说了，劝劝姑爷，不要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你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姑爷已经被带坏了。你个沙才，还我的好女婿！而苏万里又何尝不是满面悲愤，急得一跺脚？你个妇道人家，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你又不是没看见，他们都已经那样了，搂搂抱抱都亲上了，而且晚晴丫头、诰命夫人都疯了，这婚事肯定也退不了了。你以为我不着急吗？一时间，书房内竟是乱作一团。于是乎，王侯爷便彻底欲哭无泪了，直愣愣望着这一幕，硬是眼珠子瞪得滚圆，印堂漆黑如锅底。哎呦，我操！这特么都造的什么孽哦？怎么就摊上这么一对岳父岳母？脑子到底能不能正常一点？神经病啊！ 一时间，气的心肝尖尖都在颤。苏婉晴站在一旁，何尝不是一脸哭笑不得？然而就在这时，却见丫鬟兰儿又猴急猴急跑了进来：“老爷、夫人，刚门房来报，说府门外来了个宫里的公公，领着宫中的侍卫，说是找姑爷，有朝廷的旨意下来。”乱作一团的书房顿时安静下来。李芳华顾不得眼角还挂着泪水，什么旨意？王修更是一头雾水。唯独苏婉晴似乎突然意识到什么。 转过头，几分嗔怪，恶狠狠瞪他一眼。一只小手已死死掐在他腰间软肉上。可当几人匆匆赶到府门外，果然只见门口正停靠着一辆颇为气派的马车，旁边正直直站着一个身着宫中袍服的中年太监，正是当初福寿大街上那个前来宣读圣旨的什么明德殿御前行走主事太监张景。旁边还侍立着十来个身穿盔甲的宫中侍卫。眼见几人出来，张景只看了一眼，跟在最后面。 铁青着脸、快要吃人的景阳公主赵婉神色微微一愣，紧跟着便大步走到王修跟前，一副笑眯眯的模样，微微一躬身：“王侯爷，咱们又见面了。陛下差奴婢前来，有一份补充的旨意要传。”又望向他身旁的苏婉晴：“奴婢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位应该便是陛下刚清封的未来五品诰命夫人，苏府的苏小姐吧？果真国色天香，端庄贤德，侯爷倒是好福气。”王修道只是一撇嘴，没说话。 随即便见这张景倒是不紧不慢，从怀里摸出一份红绳卷着的圣旨。或许因为是变纸的原因，自然不会如上次封侯那般隆重正式，依然笑眯眯的。所有人目光注视下，打开，清了清嗓子，诏曰：“林州太守郑明礼之女郑氏言儿，克恭九孝于归为，生序用光以伦备，秉性端淑，持公淑慎，有徽柔之志，柔明玉德，有安政之美，进正垂仪。朕闻之甚悦。” 兹特赐婚于兰平县后王修，以平妻之身，则有司则即日完婚。道士斩茶功夫便已宣读完毕，紧跟着却又笑盈盈一躬身：“奴婢先恭喜王侯爷了，马上就要迎娶两位神仙眷侣，实在可喜可贺。另外，皇后娘娘还说了，下月十八，侯爷与苏府小姐的婚期正是个难得的黄道吉日，虽时间紧迫了些，倒也还来得及。朝廷新贵兰平县侯，同时迎娶两位美娘子，也堪称一段佳话。” 届时朝廷也会派人前来道贺，如此圣宠，还望侯爷莫不要辜负了陛下与娘娘的一番苦心啊！时间紧迫，奴婢还得赶回京城复命，就不多停留了。将那便纸塞到他手中，转身便钻进那马车中，匆匆离去。于是请客，在场所有人彻底懵了。苏万里夫妇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硬是嘴巴张得老大。苏婉晴虽早有所预料，却也是一阵神情呆滞。 扭过头，又几分娇嗔，狠狠瞪一眼旁边王修，样样一声呢喃，没想到竟然是他，倒是个不错的妹妹。景阳公主赵婉也是满面错愕，抬起头来，双目依然喷着火，瞪着那恶贼，咬牙切齿一声冷哼：“这无耻恶贼倒是春风得意，气死本公主了。”而此时，王修何尝不是如遭雷击，呆滞当场，噗的一声，眼前一黑，差点一根头栽倒在地，直愣愣望着手中那份便纸。 硬是脑瓜子都嗡嗡的响，卧槽！二十个卧槽！这特么到底有什么情况？这第一个才刚刚摆平，怎么莫名其妙又来了一个？那景龙皇帝是当真闲得慌，没事干啊？脑子有毛病啊？好端端的给老子赐个什么婚，还连婚期都指定了？还有那郑言儿虽长得还挺乖，前挺后翘的，可关键老子跟他也就见过两次面，说到底点头之交都算不上。 怎么莫名其妙就变成未婚夫妇了？以后晚上还得搂着睡觉！苍天啊，仙人板板哟，这到底都什么世道？一时间气得脸色铁青发紫，砂锅大的拳头都已咯咯直响。扭过头朝赵婉一声喊：“赵侍卫，还愣着干什么？回府！今天老子不整死赵太白那狗东西，不把他屎都打出来，算他福大命大！”同样，这时李芳华总算从一片呆滞中回过神来。 一声哀嚎，呼天抢地：“哎呦，我不活了哟！”苏万里，你这沙才，瞧瞧你找的好女婿哦！这还没成婚呢，二夫人都有了，还是个官家小姐，你让我们女儿以后怎么过日子哦？十月初三，今年的天气似乎真比往年苦寒不少。才刚进入初冬，林州府便下起了小雪，虽纷纷扬扬洒,洒落在地上便消失不见，却给大地增添了不少寒意。林州城外官道上。 缓缓行驶着一辆华丽无比的马车，径直朝凤鸣山下而去。帘子遮掩的严严实实的车厢内，正端坐着一对中年夫妇。男子一身丝绸华服装束，气宇轩昂；妇人这一身素雅长裙，头戴珠钗，举手投足间却是端庄优雅，略带几分不怒自威的气质。正是当朝天子景隆帝与陈皇后。马车有些颠簸，可景隆帝端坐中央首位，却是一声轻叹：“皇后啊，咱这次……” 来的可是不巧啊！本还想领着你去那混账小儿的府上尝尝那些美味，谁知那混账今日却待在凤鸣山下。还真别说，你是不知道，那混账东西虽可恨了些，但做的那些菜品，什么卤肘子、回锅肉，那滋味真是绝了，让朕也是怀念的很啊。还有，就他自己酿那个叫什么闷倒牛的酒，啧啧，那叫一个烈呀、啊！朕的酒量你是知道的，以往喝十碗八碗，那是一点问题没有。 可那天，朕才喝了三碗，就差点被闷倒了。也罢，早听锦阳那丫头提起过，那混账东西在这凤鸣山下建了一大片作坊，咱今日便来瞧瞧那花露水面膜膏，也算开开眼界。可紧跟着又眉头一皱。不过说来也奇怪，锦阳那丫头自从十天前给朕来了个密函，倒是把那混账从头到脚一顿臭骂，骂的那叫一个洋洋洒,洒洒，文采斐然。然后又说自己上了恶贼的当，栽了。 然后一直到现在，就在吴信函传来了，也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倒令朕有点担心。可也不应该啊，那丫头的身手，朕是清楚的。要论打架，她十个王修也不够景阳热热身的。陈皇后只是温婉笑笑，没说话。而这时，便听到外面车夫小声传报：“陛下到了。”可当景隆帝跳下车来，却也顿时愣住了。只见眼前果然如当初景阳公主密函所言，本来荒无人烟的凤鸣山下。 好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前方一座建造的极为气派的门坊，正上方“万通商行产业示范园区”几个大字格外显眼。虽天空还飘着毛毛雪，可眼前却是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有拉载货品或生产材料的马车，有前来上工的工匠，夹杂其中还不少衣着朴素的村夫男女，一个个疾不快行，却又叽叽喳喳,喳说个不停。快走，快走，早点签了这定向收购契书，心里也踏实。是啊。 这万通商行的东家倒真是个大善人啊！本来上次招工没被聘上，老汉我还憋闷了好久。可谁知这么快又搞出了这什么鲜花定向收购？老汉我算了算，仅仅是农闲时候花点功夫照料照料那些花草，每年便能赚至少二十两银子。虽比不得在作坊上工，可也远比跑去城里其他商行做工要强不少啊！谁说不是呢？而且这种植鲜花还不需要占用庄稼地，只需要屋前屋后弄些闲着的荒地便可。 对啊，不仅这样，听说他们大东家还花重金聘用了好几个养花方面经验丰富的什么专家，到时候还会给定期教咱们养花的技术。景龙帝与陈皇后对视一眼，完全满头雾水。这什么定向收购，倒是能猜出个大概意思。就大康的诸多粮商来说，一般也都是与一些地主或农户提前签上收购的契书，可还没见过，不但花钱收购人家的鲜花，还派人去手把手叫人种植的。 而真正让他诧异万分的，却是脚下这条笔直通往几里外观道的路。只见这道路足足两丈宽，竟是与寻常所见的官道，甚至城中街道的路面完全不一样。不是泥土路上碾些碎石子，也不是用石板铺设而成。整条路一眼望不到头，竟完全是一个整体，明显是刚修建出来的。路面呈灰白色，无比坚硬，却无比平整。难怪刚才马车在官道上时还颠簸的厉害，可最后一段路。 却是平稳的出奇，更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还不少石匠正蹲在路上，每隔一段距离便用凿子将路面横着凿出一条条缝隙。终于再忍不住，径直走到前方一个年老石匠跟前，堆起几分和善笑容：“老人家，请问。”没想到老头蹲在地上，只抬头打量他两眼，眉头一皱：“看你这年轻后生的打扮，应该也是外地来的行商，想找咱东家或大掌柜谈合作吧？这段时间都已经来了好几十个喽。” 至于这路，老汉我也都已经给你们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外地人解释好多遍喽。这是咱们大东家最近刚领着技术研发部研究出来的新玩意，取了个名字叫水泥。这路便是那水泥与河沙按一定比例混合，再用水稀释，然后铺设出来的。不仅价格低廉、运送方便，而且铺出来的路又平整又结实，好多年都不会坏。倒是乐呵呵一笑。而且这水泥还可以用来建造房子、修桥。用水泥砖石造出来的房子。 比起以往的木头瓦房，不但造价更加便宜，而且还更加结实耐用。哪怕造五六层楼，风吹雨打二三十年都不需要修整，也不会漏雨，也不用担心会被大雪压塌，而且也不容易走火。当然，只因为这水泥上月才刚研究出来，产量还很低，目前只够咱商行内部使用，不对外售卖。却又一记白眼。至于你说这好端端的路为何要凿出一条条缝，一看你就没念过多少书吧？大东家说了，热胀冷缩的原理。 如果不这样，等到酷暑时，路就容易开裂。于是乎，景龙帝便彻底懵了，与陈皇后你看我，我看你，硬是完全摸不着头脑。这水泥到底又是什么东西？仅仅加入不值钱的河沙，用水搅和搅和成稀泥，就能变成这样结实坚硬的道路来？更重要的，仅仅皇宫内每年用以各座宫殿寝殿的修整、翻新、维护，那都是一笔庞大开支。可要是真如这老头所言，要是换做水泥砖石来修建， 那得节省多少钱啊！尽管如此，也再没多说什么，领着陈皇后便径直朝那门方走去。虽几分无奈，却也只能老老实实，在那两个胸前挂着万通安保牌子的大汉面前，老老实实登记了信息，以京城康泰大商行东家的身份前来洽谈合作为理由，才得以放行。可当二人踏进大门，却更瞬间呆住了。只见果然如景阳公主密函所言，皆是高大的围墙，里面竟是围了好大一片地，横竖足几里。 远处不清楚，可眼前却早已是房宅交错，新建造的作坊排列有致，工匠们来回穿梭忙碌着，却又一个个有说有笑，干劲十足。隔着老远，甚至还看见远处有两栋二层阁楼的侧面，还挂着什么工人食堂、工人临时宿舍的牌子。更匪夷所思的，一条条道路上方还挂着不少横幅，什么精力集中最安全，粗心大意最危险，什么严格把控产品质量，缔造百年商行品牌。 什么酒后不上工，上工不喝酒？什么大干一百天，过个幸福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不仅他景龙帝，就连陈皇后也硬是看得一愣一愣的。问了好多工匠，才终于在一个中年女工的嘴里得知，那王修小儿此时正在作坊区后面的什么办公大楼。还好那中年女工还挺热心肠，得知他俩是京城来的商贾，便主动带路。只是一路上，这中年女工却是说个不停，三句话不离那混账小儿。 什么？我们大东家长得可俊了，而且年纪轻轻还贵为朝廷侯爷。如今城里可是多少大户人家，甚至当官的都盼着把女儿嫁给他呢。什么？别看大东家对咱们管理特别严厉，谁要是违反了他制定的安全生产条例，那就是一顿臭骂。可实际上心肠可善了。什么？你们想跟大东家谈合作？估计够呛。这段时间都来了多少波了，全都被拒绝了。直听得景龙帝胃里直冒酸水，才终于到了地方。可眼前的景象…… 却更让他一瞬间惊呆了。只见此处应该位于那一大片作坊的后方，倒是少了些刚才人来人往的嘈杂。可眼前矗立着一座楼房，竟是足足三层高，颇为气派。应该便是刚才那石匠所言，用水泥砖石修建而成，与寻常所见的木质阁楼完全不一样。方方正正，顶上也没有瓦片，果然看着就极为结实。楼体正上方还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几个大字：“办公大楼”。 应该是刚刚才建造成的，因为旁边还堆了不少沙石。可此时，大楼前方一块空地上也同样热闹非凡，平整地面上竟是密密麻麻摆着几十口箱子，箱门全部打开，里面装着的竟全是满满的银锭，几乎都是五两一个的，目测应该有十来万两之多。哪怕下着小雪，天色略显昏暗，却是刺得他景龙帝眼睛生疼。而空地上还十多个商行的人员在忙碌着。 一个约五十多岁、身材微胖的中年男人，一身商贾打扮，应该便是这商行大掌柜了，正忙着指挥。有人负责一口箱子一口箱子的清点数目，有账房先生在忙着登记造册，忙得不亦乐乎。于是乎，景龙帝便彻底愣住了，这才恍然想起当初亲眼所见那什么万通商行新品发布会，又是搭高台唱戏，又是贵宾卡发售的，那限量的三千套花露水面膜膏，不就是定的十月初一正式发售吗？ 这才过了两三天，就卖了这么多钱了。一算下来，按照持贵宾卡可九折优惠的话，那三千套货品若是全部售完，那可便是足足二十七万两银子啊！上次没来得及细想，可此时一算账，吓死人啊！皇室的内堂，加上皇室名下的康泰大商行，零零总总加起来，一年也才勉强能进账八九十万两银子、啊。而且要知道，每年的支出与开销，诸如宫内的日常开销。 皇宫各宫殿寝殿的修整翻新，还有皇子公主以及后宫嫔妃的月钱，几乎能勉强维持用度就不错了，几乎没有盈余，而且还得依靠皇后精打细算，带着后宫节省用度。而那混账小儿，这才多长时间？中秋还在为了搞区区几百两银子，冒着被衙门追查的风险，混迹于诗会中，鬼鬼祟祟,祟卖诗，丧尽天良。这才不到两个月，从一个十来亩薄田的小地主，摇身一变就成了月进账二十多万两的大富商了。 那小儿是个妖怪吧？一时间竟是直看得他紧隆地，后槽牙钻心的疼，两眼发红。关键不老老实实按照旨意入朝为官，为百姓与社稷谋福，他搞这么多钱干什么呢？花得完吗？陈皇后又何尝不是咋舌的厉害，满面动容。而此时，只见那混账小儿正舒坦无比的坐在办公大楼门口的一张椅子上，果然是有钱啦、啊，就是不一样啊。 跟上次相见时还只是一身粗布长衫，截然不同啊，却是一身崭新的绸缎长,长衫，看着就精神不少啊。虽只是中规中矩寻常商贾打扮，不像以前那么寒酸了，可反正在他景龙帝眼里，就是一副暴发户土财主的恶臭味，让他心里堵得慌。特别是此时靠在椅子上，满脸悠闲，还正把玩着腰间那块羊脂玉吊坠，更让他门牙也痛起来了。而更让他瞬间惊得一塌糊涂的景阳公主赵婉，也同样正在一侧。 一段时间不见，脸蛋看着圆润了不少，比起以往更漂亮了些。应该是卤肘子、酱大骨什么的，伙食开的不错。可关键是，眼下却哪还有昔日那英姿飒爽、行侠仗义的女侠风范？只是安静坐在旁边一张小凳子上，虽然腰间依然挎着身为公主开府剑牙时她赏赐的那柄青铜长剑，可手里居然正绣着一副女工，只是漫不经心，动作也说不出的生疏。偶尔绣上两针，却又抬起头来。 朝前方不远那混账小儿投过去一记煞气凌人的眼神，咬牙切齿的厉害，似乎一个忍不住就要直接冲过来给他后脑勺来上一针。于是乎，景龙帝便彻底懵了。从小到大，何时见过景阳这丫头绣过女工、做过女工？她那手乃是用来穿针引线的，是用来拔剑的。还有，她不是一直在暗中保护这混账小儿的安全吗？这到底有什么情况？陈皇后与他对视一眼，又何尝不是满面错愕？ 动容的厉害，可紧跟着使劲在王修身上打量着，却又扭过头，压低声音，倒真是个俊朗小哥，看着就讨人喜欢。哟，赵掌柜。而这时，王修终于一眼望见了前方站着的景龙帝，隔着老远一声招呼，倒是迅速起身，三两步便已走到跟前，几分笑意：“鸽子，怎么到这里来了？对了，怎么不见陈掌柜？别说上次见面，那老哥说话还挺有趣的。”又转过头。 疑惑的看一眼陈皇后，这位是景阳公主，自然也赶紧站起身来。先是神色一愣，不知为何，脸蛋又是刷的涨得通红。隔着老远，不动声色朝皇帝与皇后欠了欠身。景龙帝正了正色：“陈掌柜这段时间有生意要忙，这是赵某的夫人。此次也只是领着夫人出来散散心，凑巧路过林州城，就琢磨着来瞧瞧小哥儿。谁知却被告知你在这凤鸣山下，所以便赶了过来。” 没想到小哥这万通商行倒是令赵某大开眼界啊！哎，这混账东西总算没像上次一举幸会便把他晾那儿了，倒是让他本来就有些发堵的心里稍微好受了些。当下却又扭头死死望着前方那装满银锭几十口大箱子，嘴角一抽：“小哥这生意……”可没想到话没说完，这混账小儿却是一撇嘴，一摆手：“你也知道我折腾的花露水、面膜膏，这不前天正式发售吗？到现在……” 卖出去差不多一半，有些贵宾主顾还没来买货，还有些下属县府或者隔壁州府的主顾需要送货上门。算起来，起码得十天半月才能基本上卖完。二十六七万两银子，再扣除商行的开销、工匠们的薪资奖金，还有材料成本，还要拿出一部分扩大规模。能落到我手里的也就不到十万两。事业才刚起步，还处在原始资金的积累阶段，本老爷还很穷啊，比不得老哥你，你那康泰商行。 我打听过，听说在京城生意做的挺大、啊、死！景龙帝牙根又一阵钻心的痛，瞪着这小儿，脸色一下子黑了下来。什么叫也就不到十万两？别的不说，就你那苏家月账，好歹也是林州府数一数二的富商，可你也不去打听打听？别说每年盈利，就算把所有产业生意全卖了，能卖出二百万两银子吗？那还是几代人的积累。那吴子俊为了筹齐被你敲走那二万多两银子？ 可是变卖了老宅一半的田产，皇家的康泰大商行生意是做得挺大，酒楼、不装瓷器、粮食都有所涉猎，可累死累活，一年也才勉强能进账八九十万两，好吧？你这就靠着花露水、面膜膏，每天就躺着，啥也不用干，轻轻松松一年收一百万两银子，这狗东西还好意思哭穷，磕碜谁呢？用太子不知从哪儿学来的话说，这笔装的还可以啊！尽管如此，却也只是嘴角一抽，再忍不住满心疑惑。 伸手一指前方不远的赵婉，小哥儿，这是没想到这混账小儿反倒几分惆怅，摆了摆手，哎，别提了。本老爷新聘用的侍卫，名赵婉，跟你还是本家呢。据他所言，隔壁齐州府人士，他爹在县衙做捕快。扭头瞥一眼依然咬牙切齿、煞气凌人的景阳公主，勾着他的肩膀，压低声音：“鸽子，我跟你说，别看这小娘子长得娇滴滴的，可武功高强的很，唯独就是这脾气。” 那叫一个暴躁啊！一言不合就要拔剑，张嘴就要把人大卸八块啊！说实话，要不是他当初曾对本老爷有救命之恩，我还真懒得管他。就他这脾气，成天只知道打打杀杀，别说在外面混，稍有不慎便容易惹出祸端，就算以后找婆家都难。没办法，看在他心地还算善良，再加上本老爷又心软，所以就琢磨着带在身边，替他爹娘好好管教管教呗。这也是为他好，就当报答他的救命之恩了。 刹那间，景龙帝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直愣愣望着这小儿，硬是一脸看妖怪的表情。可顷刻却是气得脸色铁青，肺都快要炸裂。乱臣贼子，乱臣贼子呢？朕最宠爱的女儿，那是给你当侍卫使唤的吗？你就拿这个报答救命之恩？虽然这次来临州城，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想来看看这丫头，顺便责令她接下来这段时间继续暗中护卫这混账的周全，只因。 前几日得到安插在庆国的探子传回的密报，说是庆国朝廷流出来的传言。上月大朝会上，那庆国女皇帝李青梅朝堂上可是四次提到这王修小儿的名字。毕竟，就因为这小儿的戏言提炼之术，可是让大康在庆国面前彻底扬眉吐气了一番。从此，庆国利用庆言处处掣肘大康朝廷的时代一去不复还了。谁知道那庆国君臣恼羞成怒下，会不会暗中做些肮脏动作？可关键。 朕令他暗中护卫，和你把他当侍卫使唤，那性质能一样吗？最重要的，虽然朕也颇为这丫头发愁，从小这性子怎么就随了她娘成贵妃，大大咧咧，嫉恶如仇。堂堂皇室公主，是你调教的吗？还有，她明明一直藏在暗处，怎么就被你给拧出来了？而一旁陈皇后更是嘴角微微抽搐，一脸哭笑不得。然而王修却只是一撇嘴，几分热情望向景龙帝。行了，咱也别站在这里了。 终究是作坊区，嘈杂的很。走，走去我府上。难得嫂夫人来一趟，今晚小弟亲自下厨，弄几个好菜，咱哥俩好好喝点。上次都没喝尽兴，你非忙着要走，而且看你当时脸色也不大好，黑得很。但今晚别走了，就在我府上住下。便一个劲张罗，夫妇二人朝外面走去。景阳公主自然跟上。然而，当几人刚回到门方边，王修却又止住脚步：“老哥与嫂夫人应该是乘马车来的吧？” 我与赵侍卫便不跟你们一道了。还有，刚忘了说，小弟刚搬了新家，一会儿便把地址告诉你们车夫。可接下来的情形却更让景龙帝瞬间愣住了。却见这家伙倒是不紧不慢，从门方那什么门卫室后面推出来一物。只见这玩意长得那叫一个奇形怪状，压根见都没见过。约莫半人多高，在整体几根钢铁管子的支撑下，一前一后并列安装着两个圆形车轮。 从侧面看上去，倒是与寻常所见马车的下面半截差不多，可唯独那车轮虽与马车轮子形状无异，却全是采用钢铁制作成，轴心用一根根细细的钢条支撑，而且整体也单薄不少。那铁质轮子四周还包裹镶嵌,嵌着一层黑褐色的东西，不知是什么材料做成。两个轮子之间还安装着一个比脸盆略小的齿轮盘，一圈长长的钢制链条连通后面轮子的轴心。这种齿轮链条在降噪间的一些器械上常见。 只是眼前这个精致小巧了许多。除此之外，正前端上方还横着一根近两尺的铁管，两端微微向后方弯曲，做成了把手。那铁管下方竟是两根分叉，直接死死钳着前面车轮的外端，似乎只要左右搬动那铁管，便可以控制前端车轮左右摆动。而这整个玩意还刷了一层黑白相间的油漆，看上去还挺别致。于是乎，景龙帝便有些懵了、啊，与陈皇后面面相觑，硬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琢磨了半天，倒总算看出来了，这玩意应该是与马车、马匹如出一辙，应该是一种用来代步、骑乘的工具。可关键是，这玩意就前后两个轮子，与地面接触的部位又那么窄，怎么能用来骑乘？不会倒的吗？可没想到，任凭他景龙帝眼珠子瞪得滚圆，满面错愕，王修却只是一翻白眼，一脸如看乡巴佬的表情，撇了撇嘴：“行了，老哥，别使劲盯着看了，不是什么高科技玩意，这是最近几天。” 本老爷让商行的几个老工匠根据我画的图纸折腾了好久才折腾出来的，给取了个名字：自行车。顾名思义，便是不需要马匹拖着，自己就能行走的马车。景龙帝依然一头雾水，奈何这家伙反倒一脸无奈。哎，没办法，可能是穷了小半辈子，根本就坐不惯马车。遇上道路平整还好，稍微颠簸的话，能把人晃的胆汁都吐出来。骑马又不会骑，让赵侍卫教了四五天，现在还连马背都爬不上去。 所以只能勉强折腾出了这么个玩意，出门代步挺方便。而且这玩意，因为现在大康朝的技术局限，钢铁质量也不行，各部件精度也达不到，齿轮隔三差五就掉链子。最重要还缺少一种最重要的材料。这轮子，钢铁圈轮外面包裹那玩意，本来应该是空心的轮胎，可现在也只能用羊筋、羊皮来熬制，再经过一些特殊处理来代替。可即便这样，减震性和耐磨性依然达不到理想要求，而且用不了多久就得烂。 只能重新更换，所以也没法建作坊来生产售卖。一番话只讲得他景龙帝脑袋晕乎乎的，可接下来的情形却让他瞬间惊呆了。只见这家伙嘴角又一声自言自语：“哎，也不知这个世界有没有橡胶这作物。”又一脸恨铁不成钢，没好气朝旁边景阳公主一瞪眼，走了。哎，明明打架这么凶，可脑子怎就这么笨？手把手都教你两天了，这自行车还是学不会。 搞得每次出门还得本老爷拖着你，我累得吭哧吭哧的，你还挺享受。紧跟着大咧咧一撩长袍，屁股一甩，便跨坐在那什么自行车中间的羊皮坐垫上。而景阳公主先是瞧一眼景龙帝二人，脸蛋又涨得一片通红。尽管依然一副煞气凌人，恨不得将这登徒子生吞活剥的德性，倒是轻车熟路，挎着青铜长剑斜坐在他身后位置。紧跟着便见这小儿先是一只脚踏在那齿轮盘两侧支出来的踏板上。 用力一踩，与此同时，便见那自行车前后两个轮子竟是快速转动起来，就这么拖着两个人，竟是四平八稳朝前面行驶而去，跑得飞快。于是刹那，景龙帝便彻底呆住了，直愣愣望着那水泥路远处的两道人影，一脸活见鬼的表情。一时间，硬是惊诧的下巴都快滚到地上来。这都什么玩意？竟还真能拖着人像骑马那么跑？ 可最匪夷所思的，总共就那么两个轮子，那混账小儿是怎么做到这自行车不侧翻摔倒的？还有这狗东西，怕是个神仙吧？写起绝佳好诗来，如地里拔萝卜白菜，那堪称千秋不朽之功的细盐提炼技术，那天下独一无二的花露水面膜膏，那廉价又结实的水泥，还有那什么供暖系统，眼下莫名其妙又冒出这么个玩意来。身为天子，自然不会对这些民间奇淫巧技的东西有多少兴趣。 可正正看着远处点点风雪中那两道人影，不知为何，突然只感觉身后自己这辆微服出巡时的御用马车一点不香了。陈皇后又何尝不是谈口微张，满面震惊。足足近一个时辰，马车终于在林州城停下。可当景龙帝领着皇后跳下马车，却又神情一愣。果然如那小儿所言，搬了新家，与当初和宰府陈无香前来时那乌鸡巷的简陋景象截然不同。眼前。 一座大宅子虽见不到里面的光景，可仅凭那建造的颇为气派的大门，还有两侧延伸至老远的高高围墙，也看得出来，里面应该也是重重院落、亭台楼阁，样样不缺。那混账小儿竟还比他与皇后乘马车早到片刻，此时正推着他那自行车与景阳公主在门口等着。而当景龙帝夫妇在王修的张罗下踏进大门，却只见府上同样一片热闹景象。只见进门后便是一大片空旷的前院。 一个个丫鬟下人正在一个年过五旬、身材消瘦的管家张罗下，来来往往穿梭，忙碌个不停。对此，他景龙帝倒也不觉意外，毕竟算算时间，还有不到半个月，便是眼前这小的大婚之日。而且据他所知，那苏家也主动去府衙将入赘改成了寻常嫁娶的婚书。堂堂朝廷侯爷，同时迎娶两位美娇娘，而且其中一位还是皇帝赐婚的太守千金，自然得大办特办。况且。 这狗大户现在也不差钱，所以很多事情都得提前操持。管家自然迅速领着丫鬟下人停下手中的活，齐刷刷迎上来，躬身行礼，恭迎老爷。然而，却是将王修气得够呛，没好气一声骂：“跟你们说多少次了，本老爷府上没那么多讲究。”倒是吩咐那老管家一声，则他先领着景龙帝夫妇到客堂看茶，然后便径直回了后院。而直到这时，景龙帝却终于再忍不住，满心诧异。 将景阳公主拽到一边角落，没想到赵婉却只是涨红着脸，支支吾吾半晌，才急得一跺脚：“阿、啊、爹，那恶贼太不是东西了！您说说，儿臣暗中护卫他那么久，不就是偶尔偷吃一根卤肘子吗？谁让他隔三差五就做些卤肘子藏在厨房里，惹得儿臣天天淌口水？可他竟然臭不要脸，偷偷设计了机关陷阱，把臣抓个正着！无耻，卑鄙啊！” 一时间，那叫一个恼羞交加，硕大饱满的胸脯都起伏的厉害。这也就罢了，这段时间他还天天逼着儿臣，要么学女工，要么练字，要么读一些女诫、女训之类的书。儿臣要是不答应，他就是一篇大道理：什么身为姑娘要温文尔雅，要温柔贤惠；什么儿臣都这么大了，要懂事，不要让家中爹娘操心。长篇大论，他能滔滔不绝在儿臣耳边念到半个时辰。一跺脚，牙齿咬得咯咯直响。 都快哭了！天哪，这都什么人啊！而臣都快被他逼疯了，有时候真气儿臣只想把他两剑捅死算了。于是乎，景隆帝不说话了，脸色漆黑如锅底，而陈皇后却是在一旁早已笑得花枝乱颤。可没想到，沉默半晌，景阳公主虽依然羞愤的厉害，鼓着腮帮，煞气凌人，却又悠悠沉吟道：“这恶贼虽然实在讨厌，天天能把人气死，可其实他心地挺善良的。” 知道儿臣喜欢卤肘子，每次都会故意多做一些。对府上下人也是如此。这府上的护院下人丫鬟，基本都是从牙行买回来的，都是些活不下去的贫苦人家的子女，签了卖身契的。别看他成天在下人面前凶巴巴的，可实则对他们挺好的。不但对每个人家里的情况都了如指掌，还坚持给他们每月发放薪俸，而且还挺丰厚。这在京城那些大户人家，包括朝廷重臣的府上，还闻所未闻的。 谁会给签了卖身契的下人发薪俸？可紧跟着却又气呼呼一跺脚。可就算这样，两年期满，等偷偷把那卤肘子的手艺学会，儿臣就把他大卸八块，流放抄家，气死儿臣了！好端端的，怎么就栽在这么一个泼皮无赖手里了？夜幕快要降临，而府上专门招待贵客的膳厅，那张大木桌上已经摆上了好几道别致的小菜，闷倒牛烈酒也已摆上。府上下人包括老管家，自然是不会在这里用饭的。 等到三人又一阵寒暄，两杯酒下了肚，眼见气氛已差不多，景龙帝这才不动声色，朝身边陈皇后递了个眼色。哎，没办法，上次与宰府陈无香前来，眼前这混账小儿奸猾的很，泥鳅一样。这次好歹已经封了侯，还拜了官，胆子总该大一点了吧？说实话，他景龙帝此次近三百里路舟车劳顿，自然不是为了一口美味两碗烈酒。大康虽立国不过百年，可此前连续经历两任帝王软弱平庸。 在家战事不断与天灾，早已不见昔年圣祖高皇帝与武帝时的盛世荣光。他赵太子登基以来，一心励精图治，奉行与民休息之策，十九年有余，总算有了些起色。在没了先帝时，鸡民遍野、匪类横行的景象，对外也终于不再只能依靠纳贡和亲、委曲求全。可如今的大康，依然身处内忧外患啊！依然不少底层百姓饱受饥寒之苦，多少人家卖儿卖女为奴，便是例子。 朝堂之上也已经隐约有了前朝衰帝时权臣营私的端倪，国门之外依然强敌环伺，特别北方庆国本就版图辽阔，矿藏富饶，而自五年前女皇帝李青梅登基，雷霆手段，大刀阔斧的变革，如今更是朝堂清明，国库丰盈，兵强马壮。前几日更有探子来报，庆国似乎隐约有了兵马粮草调动的迹象。当然，他赵太身为天子，自然还不至于。 指望眼前这乳臭未干的小儿能扭转这一局面，但眼下朝廷取士制度的变革已经迫在眉睫。陈皇后从始至终都只是端庄娴静，陪在皇帝身侧，而此时也只是泛起几分温婉笑意。这些时日，常听得我家夫君念叨，说王公子不但才华横溢，更是难得的经商之才。今日所见，果然名不虚传。不仅如此，王公子现在已贵为朝廷侯爵，而且还官拜太子伴读。 虽说那点俸禄，王公子自然看不上，但是为官之后，再不必因为商贾身份为天下儒生、世子所看轻，更可大展宏图，为百姓与社稷谋福，甚至史册留名，真是可喜可贺呀、啊！可没想到，话音未落，王修却是神色一暗，哪还有刚才吃肉喝酒的畅快淋漓？皱着眉头，连刚夹在筷子上的葱爆腰花都放下了，满面无奈，一声长叹：“嫂夫人，你这是在小弟心口上戳刀子、啊！” 望向旁边景龙帝，我的想法，老哥你是最清楚的。别的不说，中秋诗会后，仅仅为了不让林州太守往朝廷递举荐文书，我花了多少心思？结果呢？也不知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爵位官职一下子就砸脑袋上了。一口闷酒下肚，勾着景龙帝肩膀，老哥，小弟心里苦啊。说句实话吧，当初圣旨一下来，我可就第一时间给皇帝去了个折子，请求告老还乡。谁知道他竟是一口就给否了。 这段时间我可是茶不思饭不想，净琢磨着，哪怕爵位不要，也定要把这个官位给辞了。真是脑袋都愁大了。实在没辙的话，也只有拖着了。皱着眉又一声悲叹，这些统统也就罢了。更过分的是，居然还有赐婚，真是莫名其妙啊！那太守千金，我连面都没见过两次，怎就莫名其妙成我未来媳妇了？一时间情绪还有些激动起来。老哥，你说说，那景龙皇帝他是不是？ 可话到嘴边，却戛然而止，闭紧了嘴巴。于是请客，景龙帝脸色一下子变黑了下来。反正不知为何，一股莫名怒火腾腾的烧。混账！果然还是混账啊！爵位、官职、赐婚，那是天下多少读书人做梦都想着的东西。光宗耀祖，史册留名，怎么到你眼里就成洪水猛兽了？不好好琢磨着如何报效朝廷，为社稷百姓创下一番丰功伟业？ 竟然成天还在琢磨如何把官职给辞了，你这脑子除了搞钱还能不能想点正事了？还有那太守千金怎么了？朕虽未见过，可也听闻那郑妍儿学识渊博，长得也是沉鱼落雁，怎就配不上你了？一时间手臂青筋都已条条暴起，满面漆黑，死咬牙关。你是不是想说那景龙皇帝根本就是闲得慌，脑子有病？所以……然而话未说完，只见这杀千刀的混账！ 竟是脸色唰的变了，毫无征兆，猛的一把抱住他脑袋，便已死死捂着他嘴巴，硬是把他吓得一个哆嗦，才又松开他。铁青着脸，压低声音一声骂：“你瞎说什么呢？找死啊！我才刚搬新家不久，府上丫鬟下人用的还不熟。这话要是传出去，你有几颗脑袋够砍？”当下又站起身来，跑到门外，小心翼翼左右瞧瞧，才又把房门关上，重新回到位置。实话告诉你。 虽然本老爷也是这么想的，那景龙皇帝就是脑袋有毛病，成天闲得慌，还不知在心里骂他多少回了。可这是张嘴就能说的吗？听小弟一句劝，以后说话千万注意点，别一不小心惹了祸事，后悔都来不及。于是乎，景龙帝便彻底懵了，直愣愣望着这家伙，硬是气得快吐血，简直乱臣贼子啊！什么叫虽然本老爷也是这么想的？信不信，朕现在就给你这个大不敬之罪？ 先来上三十大板，然后咱们再接着聊。唯独陈皇后强憋着笑，早已憋得脸颊通红，身躯微颤，半晌才总算镇定了些。略微一沉思，却是眼珠子咕噜一转，故意嗔怪的瞪一眼景龙帝一眼，一声轻叹：“王公子说的是啊，你有所不知，我家夫君就这样，有时候嘴上没个把门的。不仅如此，还时常愤愤不平，念叨，说什么虎狼庆国，野心勃勃，实在可恨。” 又说什么？咱大康何时才能真正国富民强，百姓能衣食无忧，国库充盈，兵强马壮，再也不必畏惧四方强敌？我都说过他多少遍了，这些事那是咱这种普通商贾该担忧的。话锋一转，其实根本原因，他就是因为年轻时也算念过不少书，本一心想要入朝为官，走上仕途，却奈何一直得不到机会，最终不得已才只能选择继承了家中生意，抑郁不得志。 便总觉得朝廷的取士制度有极大的问题，所以才总爱针砭时弊，多说几句。他自己才学不精，拿不到举荐的机会，科举又不中，这怪得了谁？当然，这些话也就咱们私下聊聊，还望王公子切莫传了出去。毕竟妄议朝政，抨击朝廷取士制度，那可是大罪啊，不是咱们寻常商贾担当得起的。顷刻间，王修却是一下子乐了，一扫刚才心中阴郁，一片回锅肉丢进嘴里，勾着景龙帝肩膀。 呦呵，个子看不出来啊，一把年纪了，居然还是个愤青啊！咧开嘴一乐，不过别成天发牢骚了。嫂夫人说的对，这是咱小百姓左右得了的事吗？咱们寻常商贾有银子赚着，有酒喝，有肉吃就行了，想那么多作甚？况且咱大康要做到真正的国富民强，从此不惧虎狼庆国难。景隆帝心中一凛，为何艰难？可没想到这家伙又嘴巴一撇，摆手，哎，聊这些作甚？ 鸽子吃菜吃菜，刚才嫂夫人还说你话多，你又不长记性，请客。景龙帝又一阵气结，这混账小儿又开始了是吧？倒是陈皇后迅速打圆场，端起酒盏，反正这里也没外人，王公子不如就详细说说。您有所不知，现在有传言说，就这一两年，北方可能还会再起战事，而我们康泰商行有很大部分生意都是往庆国售卖瓷器与绸缎，所以妾身也挺关心这些啊。 还好，只见这小儿虽依然几分迟疑，倒挺爽快。也罢，既然嫂夫人都发话了，那咱们就当酒后吹牛闲扯。又一块葱爆腰花塞进嘴里，随即便笑眯眯望着景龙帝：“鸽子，我就问你，真正的国富民强，最核心的条件是什么？除开版图辽阔、资源丰富，那一定是在各个领域领先全天下最前沿的科技与文化，诸如医疗、工业制造、农学、水利学，甚至气象学、地理学。” 科技才能兴国，科学才是第一生产力。景龙帝眉头紧锁，陈皇后只笑盈盈看着他，认真听着。紧跟着，便见这小儿又一撇嘴，举个简单例子：咱们大康是个农耕大国，有着广袤肥沃的土地。可是从古至今，有谁真正研究过农业？比如水稻，最适宜什么气候、什么酸碱度的土壤？抽苗期,挂期、挂穗期又当如何养护？又当如何防治虫害与干旱？还有？ 我们又能否培育出新的品种，大幅度提高作物产量？再比如商业上，又有谁真正研究过各种商业规律，可以给朝廷提供建言，以便适时制定更加合理的律令？可以给商贾更多建议。比如工业制造，全靠老工匠带学徒，手艺传承。可又有谁真正研究过如何提高钢铁的质量，如何提高作坊生产的效率，甚至研究出更多前所未有的新技术？一百首，这里面的东西可就太多了。但是。 你想想，若是在这诸多领域，大康都有着一大批最顶尖的人才，还用担心百姓会吃不饱饭、国库不充盈？可是大康缺少的，恰恰便是科学人才啊！于是乎，景龙帝有些呆了。尽管压根与上次这家伙聊起那商贾之事来如出一辙，那什么水利学、地理学，又什么土壤酸碱度之类，搞得脑袋晕乎乎的。可这番言论，却又何尝不只感觉耳目一新，颇有几分醍醐灌顶。 别的不说，就眼前这混账研究出那细盐提炼技术，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仅仅这一样，为大康带来多少好处啊！端起酒盏与他碰了一下，压低声音：“那小哥觉得朝廷若要改变这种局面，又当如何？”还好，只见这家伙倒也爽快，又一块肉塞嘴里，嚼两下，声音含糊不清。无非两点吗？其一，重视人才，这可不仅仅是喊两句口号那么简单。首先，朝廷得出台一系列。 关于科学人才的激励措施，诸如对人才按照学问水平进行评级考核，达到某种级别，朝廷就应该给予相应的官衔与,与丰厚的薪俸，甚至若其有新的研究思路，朝廷还可拨付一定的款项给予支持。其次，对已经做出全新研究成果的，诸如你赵东家，若某一天培育出来一款全新水稻，亩产可以从五百斤提高到八百斤，朝廷就应该按照规定给予重赏。 甚至拨款支持你成立研究团队，继续深入研究。当然，还包括什么研究院的成立啊、专利保护啊，说起来就复杂了。又一口烈酒下肚，至于第二点嘛，人才不仅靠激励，最重要还得培养。说到这个，就涉及到朝廷的取士制度与百姓教化了。顷刻，景龙帝心中猛地一喜，瞧瞧，还是皇后厉害啊！这头驴牵着牵着，这不就自己上道了？尽管如此，还是故作平静。 那小哥觉得取士制度与教化，朝廷又当做出什么变革？可接下来的情形却又让他一下子懵了。只见这家伙先是神色一怔，先是皱着眉头打量他两眼，随即一耸肩：“取士制度与教化挺好的呀。”然后就闭上嘴巴了。噗！景龙帝眼前一黑，差点一根头栽倒在地。刹那间，只感觉心中怒火腾腾的烧，肺都快要炸裂。又来了？怎么又来了吗？ 绕来绕去，这取士制度与教化怎么又变挺好的了？刚才这一番科技兴国、激励科学人才的策略，倒是让朕耳目一新，瞬间如醍醐灌顶。可是接着往下说啊，上次还情有可原，可现在已经封侯拜官了，胆子可以大一点了，说话做事可以嚣张一些啊。你这个样子，可能是真会掉脑袋的、啊。可没想到这家伙倒是傻呵呵一乐，勾着他肩膀，行了，不说这些了，喝酒喝酒。 咱们聊聊诗词歌赋和人生哲理。我操！现在京城的商贾胆子都这么大了吗？闲得无聊，老子给你闲扯两句科技兴国的理论，即便传出去，倒也没什么大不了，毕竟影响不到朝中权臣的利益。可这朝廷取士制度是随便可以聊的吗？以前本老爷身为小屁民，倒还好一点，没多少人关注。可眼下已经身为侯爷还拜了官，鬼知道暗中多少只眼睛盯着老子的一言一行。 老子到现在都没想明白，那细盐提炼技术，皇帝是怎么知道出自老子之手的？跟你扯这个，老子是得有多大胆子，有几颗脑袋够砍？越是身居高位，越是要谨言慎行啊，这个道理亘古不变。况且你媳妇刚才自己都说了，你这愤青键盘侠，有时候嘴上没个把门的，鬼知道老子今天给你说了，你明天会不会就拿去给别人吹牛了？什么可以聊，什么不可以聊，心里没点笔数吗？ 一顿饭直到半夜才结束，自然很快便有丫鬟领着已微醺的景龙帝与陈皇后去府上客房休息。等到丫鬟退下，景龙帝这才终于再忍不住了，满面阴郁，额头青筋都条条暴起。皇后，你不是老念叨朕一把年纪了，总爱跟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置气吗？现在瞧见了吧？来，你说说，就他那副德行，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三脚还踹不出个屁，换做谁不一肚子气？简直混账！ 乱臣贼子，能把朕活生生给气死！而且你也听见了，他这段时间脑子竟琢磨着怎么把官给辞了，那就是投驴，还是投将驴？陈皇后何尝不是满面哭笑不得？可半晌也只是一声轻叹：“行了，妾身看着王修倒是个心思缜密的人。更重要的，陛下所言不假呀，此子当真难得一见的大才啊！更难得的心地纯良，连对府上签了卖身契的下人都尚且如此。” 还用担心日后为官会欺凌百姓、横征暴敛吗？妾身对这小儿倒是越看越喜欢。顿了顿，却又嗔怪地瞪他一眼。况且这次也并非一无所获。妾身刚才一直在细细琢磨他刚才那番“科技才能兴国，重视科学人才”的言论，乍一听还不明所以，只让人一头雾水。可越琢磨，却越令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啊！记得陛下不是曾提起过，前不久那庆国女皇帝又推出了一项政令。 在全国遍寻招揽各个领域颇,颇有建树与学问的英才，并且在太学中增设了不少新的学科。想来，竟是与这小儿刚才所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毛毛小雪终于放晴。第二天，王修睡到上午才起床，洗漱完毕回到前厅，便见景龙帝与陈皇后此刻正在两个丫鬟伺候下勘察。眼见他进来，陈皇后倒是温婉一笑：“王公子昨晚休息可好？”“多谢王公子昨日的盛情款待，劳叨了一天。” 我夫妇二人也该告辞了，毕竟京城商行里还有些事需要处理。王修倒是痛快一摆手：“嫂夫人客气了。”望向正坐在椅子上沉默寡言的景龙帝，却是一愣：“哟，老哥，我看你这脸色怎么有点不大好啊？昨晚没休息好，也不应该啊！这新宅子同样也已经安装上那供暖系统了，不至于会冷啊！”景龙帝嘴角一抽，脸色更加黑了。然而这时，不等他说点什么，却见府上那老管家急急忙忙从外面跑了进来。 径直跑到那小儿跟前，一躬身：“老爷，就刚才府衙门外来了一群人，自称是南楚国派来的使臣，前往京城觐见天子，途经临州府，顺道来拜访老爷您，非得见您一面。虽这要求实在无理了些，可毕竟是他国使团，护院们也不敢得罪。不过老奴已经派人去通知未来亲家老爷、太守郑大人了。”刹那间，景龙帝心中骤然一凛，与陈皇后对视一眼，几分疑惑。 身为天子，自然对这南楚国了如指掌。本属于南方的一个小国，与大康接壤，版图与人丁皆不及大康的五分之一。大康立国之初，武帝雄才伟略，统兵南征，大获全胜。从此，这南楚国俯首称臣，变成了大康的藩属国，朝见纳贡，接受天子册封。奈何好景不长，武帝之后，大康连续两任皇帝软弱平庸，再加上连年战事，国势衰弱。 已足足五六十年，这南楚不仅再无纳贡，也再没有派遣过任何使臣前来朝见大康皇帝，背信毁盟、不臣之心早昭然若揭。可眼下，他景隆帝即便再昏聩，也还不至于天真的以为这南楚当今国王朱举是突然幡然醒悟、良心发现，重新恢复宗主国的朝见纳贡。要知道，这朱举可也算得上是个野心勃勃的忠心之主，自登上王位以来，便对外用兵不断，短短十来年。 已陆续吞并了南面临海三四个弹丸小国，更何况别说藩属国朝见，哪怕是大国与大国之间的交往，派遣使臣之前也都会有正式的国书，以示尊重。可是他景隆帝并未接到南楚国呈来的任何国书，而此时王修又何尝不是诧异万分？说实话，来大康好歹也几个月了，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什么南楚国。可关键是，那南楚使团来就来呗，赶紧去京城觐见皇帝呗。 跟老子一个虽拜了官，却还未上任的闲散侯爷有鸡毛关系？啊？满面疑惑望向景龙帝，老哥，你是京城人士，可曾听说过这什么南楚国？景龙帝依然黑着脸不说话。倒是陈皇后讲了个大概，直听得他一愣一愣的，半晌才讪讪憋出一句：“来者不善啊！”随即转身便大步朝外面走去。刚踏出前厅，便看见景阳公主赵婉正俏生生站在院子里。 一袭纯黑烟纱长裙，勾勒着那惹人犯罪的火辣身段，看着似乎又长胖了些，胸前越发饱满了。眼见他出来，近乎本能，便是一记苦大仇深、杀气腾腾的眼神瞪过来，顿时把他王老爷吓得脸色一板。赵侍卫，注意你的态度！跟了本老爷这么久，还是一点没长进。虽然本老爷有时候对你凶了点，说话难听了点，可那也是为你好，对不对？只把他气得牙根咬得咯咯直响。 胸前硕大饱满，又开始上下起伏个不停。陈皇后也是一阵哭笑不得，与景隆帝对视一眼，自然跟了出去。可当几人到达府门外，王修也不由得愣了。只见此时大门外宽敞街道上，正等候着一队人马，目测足足一百三四十人之多。从样貌上看，与大康百姓并无太大差异，只或许因为出身南方蛮荒之地，总体看着身材要矮小一些。 站在最前端为首的是一个约莫五六十岁的男子，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身材略显瘦小。这一身紫红色官袍，虽看着几分和颜悦色，可不知为何，却又总给人一种阴柔老谋深算的味道。特别浑身上下那种不怒自威的气势。如果没猜错，这货应该在南楚国朝廷中官位极高。老头身后还有着足足十多个同样身穿官袍的男子，同样骑着马，只是从官袍的制式与颜色看来，品阶应该要低一些。 除此之外，这百多号人中还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当然，大多数还是一些随行的侍卫与宫娥。人群中扫视了一圈，倒是有两个人瞬间引起他王老爷的注意。其中一个侍卫，约莫四十出头的年纪，个子不高，却颇为壮实，下巴留着短须，虽看着其貌不扬，同样身着盔甲，手持长矛，混在那一群侍卫中。可身旁其他侍卫却总明显与之保持着一定距离，而且偶尔瞟他一眼，眼神敬畏。 以及其中一名宫女，大约二十岁出头，虽个子算不得高挑，可身段婀娜，五官精致。尽管同样身着宫女长裙，也只是微微低垂着头夹杂其中，但不经意间那种自信而又沉稳的气质，却总显得格格不入。特别是白皙如凝脂的肌肤，哪像是一个天天端茶递水的宫女？而此刻，大街不远处也早已围了不少看热闹的百姓，正成群指指点点，议论个不停。毕竟，寻常百姓平常哪有什么机会？ 见着他国使团，而这时，眼见王修出来，为首那老年官员倒是迅速堆起一脸笑容，骑在马上一拱手，朗声道：“如果没猜错，这位少年俊才，应该便是如今大康名噪一时的兰平县侯王修侯爷了吧？”本官为南楚国大赵司马游四方，此次奉我南楚天子之命，率领南楚使臣进京觐见大康皇帝陛下。顷刻间，景龙帝脸色猛的一变，虽只是与陈皇后。 不动声色站在门口那几个护院旁边，死死盯着这南楚使团，可目光之中已是一片寒意怒气。要知道，尽管这南楚国已足足五六十年，在未来这大康纳贡朝见，可说到底，终究还有武帝时期所签订的隶属国书，至少名义上还是大康藩属国。既然身为藩属国，那便只有一个天子，大康皇帝。而这由四方竟然公然宣称受南楚天子之命，已经属于赤裸裸的冒犯宗主国权威了。 这让他如何不愤怒？然而，同样这时，接下来的情形却让他一下子懵了。只见那王修小儿先是神色一怔，可紧跟着，竟是连看都没看一眼那游四方，大步便朝前方不远处那群熙熙攘攘围观百姓走去。眨眼间，脸上已是一片灿烂笑容。哟，这不是隔壁李员外府上的张管家吗？今儿看着气色不错呀。不过话说回来，贵府的那条狗实在不招人待见啊，随时乱吠个不停。 隔着院墙都吵得本老爷不安宁。上次见他，竟然还敢在主人面前龇牙咧嘴，得好好管教啊！那张管家先是一愣，竟是一个劲点头：“王老爷说的是，说的是了。现在有些狗的确不像话。”随即便见那家伙又望向人群中一个穷酸书生打扮的男子：“哟，这不是城西周老汉家的儿子吗？你忘了，以前咱还是邻居，就隔着一条巷子。听说上个月周公子一篇孝道论可是大放异彩。” 连林州使馆的几位大儒都赞不绝口啊！多少年寒窗苦读，周公子也总算快出人头地了。不像有些没读过书的蛮荒之人，不懂孝道，还连话都不会说。于是请客，那由四方脸色刷的变了，羞愤交加，铁青的厉害。可尽管如此，却依然强忍怒火没发作，只是咬了咬牙，再次朗声道：“本官南楚国大赵司马由四方，奉我南楚天子之命，率领使臣进京觐见大康皇帝陛下。” 途经林州府，特来拜会兰平县后。还好这一次，这家伙总算有反应了。谁在说话？似乎终于注意到这群南楚使团，不紧不慢走到那由四方跟前，呵呵一乐。本侯爷怎么老觉得有人说话，却又找不到人？眼睛上下瞟了两眼，也不知是说他，还是说他骑着那匹马。原来是这畜生太高了。可此时，他王修王公子又何尝不是叫苦不迭的厉害？大爷的，这特么都什么情况？ 好端端的，从哪儿就冒出这么一群听都没听过的南楚使臣来？虽然也想不明白这一百多副颜色此次前来大康究竟是想干啥。反正老子对朝廷之事也一向不关心，哪怕跟赵太白那两球货天天勾肩搭背，可也从来只谈兄弟好六六六，不谈朝政大事。可关键是你们来就来嘛，作为藩属国，要示威也罢，要宣战也罢，甚至要刺杀皇帝也罢，直接去京城找景龙呗。你莫名其妙。 跑来找老子一个闲散侯爷做啥？这是要玩死人啊！要知道，自古以来，身为朝廷官员，对于这种他国派来的使臣，可从来都是避而远之的。毕竟这涉及到两国关系。身为朝廷侯爷，老子得有多大胆子，才敢跟你们有啥私下来往啊？搞得不好，那就是一个涉嫌勾结他国使臣的罪名。老子就算有一百颗脑袋，也不够砍的呀！老子就算脑子被驴踢了，也不敢跟你们这群害死人的狗东西！ 在这里和颜悦色、客套寒暄，甚至还迎到府上去喝茶啊！所以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仇恨值拉满再说。你刹那间，那由四方更是气得快吐血，双手死死抓着缰绳，脸色已青得发紫，下巴花白胡须都快一根根翘起。身为南楚高官，何时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毕竟这关系的可不仅仅是他个人颜面。一时间，那十多个南楚官员以及那群侍卫。 更是勃然大怒，杀气腾腾望着这少年郎，着实就要围上来。甚至不少侍卫右手都已经死死握着腰间横刀，场面顿时变得剑拔弩张起来。景龙第八风不动站在原地，虽依然神色阴郁，可此时又何尝不是满心错愕？如何想得到，眼前这混账小儿，别看平常一副三脚踹不出个屁的德行，还胆小怕死的很，能把人活生生气死，可竟还有这样一番胆识？关键时刻。 那是一点不怂，是真顶得住啊！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骂了再说。看似轻描淡写三言两语，却已是狠狠挫了一番这南楚使团的跋扈气焰啊！干得漂亮啊！当然，作为他国使臣，自然还不至于胆大包天道，到敢在大康的地面上对堂堂朝廷侯爷动手。半晌，那由四方虽依然羞愤的老脸发紫，可也只得一挥手，示意那群杀气腾腾的侍卫退下去。紧跟着，也终于老老实实。 与那群南楚官员翻身下马，阴沉着脸，又一拱手。王侯也好，一副伶牙俐齿，可又一拂袖，冷哼。可难道这就是大康的待客之道？这就是大康身为礼仪之邦的气度？王秀瞬间来了精神，可没想到，不等他上前一步，跟着南楚大赵司马好好聊聊什么叫待客之道，却只听得远处传来一声大喝：“说得好！”与此同时，便见远处大街上疾驰而来一座官轿。 紧随其后还有十来个府衙衙役，眨眼间穿过已越聚越多的人群，便已到了跟前。轿帘掀开，便见太守郑明礼身着官服，大步走下来。王修更一下子乐了。虽然到现在，他王老爷还是没想明白，这堂堂灵州太守怎就越混越倒退，马上就要混成自己的岳丈了。可眼下来的恰到好处啊！反正本老爷该拉的仇恨值也拉了，跟他国使团毫无瓜葛的立场也表明了。 至于这南楚国此次前来，而且还如此气焰嚣张，究竟意欲何为？自然跟他这闲散侯爷没什么关系。若是再继续与这群使臣闲扯下去，难免会说错话。接下来交给这太守证明礼，自然再合适不过。当下自然领着景阳公主屁颠屁颠走到景龙帝身边，二话不说，勾着他肩膀一努嘴：“本老爷该做的都做了，看戏，看戏。”对了，老哥，你知不知道那什么大赵司马？ 在南楚多大的官？景龙帝印堂一黑，不说话。你连人家多大的官都不知道，张嘴就骂人家是畜生，是乱吠的狗。而这时，只见郑明礼冷冷扫视了一眼四周，目光正正望着此时正站在大门口的景龙帝与陈皇后，以及正勾着景龙帝肩膀、一脸乐呵呵看热闹表情的王修，嘴角猛地一抽，脸色微微一变。可紧跟着，却又迅速恢复平静严肃，只是几分严肃，扭头望向那群南楚国使臣。 背负着双手，已是满脸逼人的威严之气，目光直直望向那游四方。你便是南楚大赵司马游四方。好一句大康的待客之道，好一句礼仪之邦的气度。嘴角一丝冷笑，本官灵州太守郑明礼，倒想问问你游四方：你南楚自本朝武帝时期便已身为大康的藩属国，且有臣属盟书为证，世代受大康朝廷庇,庇护，却足五六十年未曾尽臣属之道，未曾朝见天子，是为不忠。其二。 你南楚身为藩属国国王，朱举何来的胆量，可自称天子，是为不臣，冒犯我大康天子威仪。其三，本官虽无爵位在身，可这位王修王侯爷乃是大康朝廷刚清封的兰屏县侯。你区区南楚大赵司马，即便在南楚国等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可终究还是藩属国之臣。见了大康的侯爷，不知下马行礼，竟是骑在马上，满口聒噪，是为僭越，藐视大康朝廷。 就凭这，仅仅本官今日便可拿你问罪。顿了顿，又一声冷哼。其四，既然身为藩属国使团，即便朝见天子，自当直奔京城。而我大康朝廷，自然也有礼部官员以礼相待。可是你们却在我林州府逗留盘桓，企图私下结交当朝侯爷、太子伴读，又意欲何为？不愧是为官多年，即将要官拜户部侍郎、直达中枢的当朝大员。 一番话堪称咄,咄咄逼人，竟让那群南楚使臣面面相觑，哑口无言。特别那由四方更是脸色涨得通红，想要出言反驳两句，却偏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半晌，才咬牙道：“早听闻这林州太守乃是大康难得一见的能臣，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待到此次见了大康皇帝，返程之时，定当登门拜访郑大人。”却奈何郑明礼又只是一声冷笑：“拜访就不必了。” 本官与王侯爷都没有与他国使臣私下来往的习惯，倒是你由四方身为藩属国之臣，浩浩荡,荡荡领着使臣，言行如此跋扈，本官斗胆倒是想替我大康皇帝陛下问问，你南楚究竟意欲何为？然而这时，接下来的情形却让在场所有人一下子懵了。只见这由四方尽管依然满面悲愤，却是上前一步：“本官说与你听也无妨，我南楚王上自登基以来。” 便对大康朝廷对南楚多年的庇护深为感念，也对这些年来南楚未曾尽到作为藩属国的职责颇感惭愧，因此特命本官率领使团前来朝见大康皇帝陛下，呈上纳贡，奉上国书。当然，为表达我南楚王上的决心，王上还周旋于比邻的西赵、宋、吕两国，终达成共识，吴三国从此愿意一道奉大康皇帝陛下为尊，接受皇帝陛下册封。 顿了顿，冷笑：“当然，为了表达我南楚的诚意，以及大康皇帝陛下的仁德，还请大康皇帝归还当年武帝时所占我南楚通宇虎牙之地，共七座城池。同时，我南楚国地处偏于蛮荒之地，土地贫瘠，虫兽横行，百姓实在生活疾苦，还望大康朝廷能每年拨付一些钱粮。在此，本官先替我南楚百姓谢过大康皇帝陛下了。另外，还请大康皇帝陛下。” 能赐婚一位公主，下嫁我南楚王上为妃，从此结为姻亲，更有助于两国世代友好的关系。易福秀脸上已是一片傲慢之色。当然，下官早在南楚时便早已听闻，大康出了一个天下难得的少年英才。昔日诗会，一口气二十五首绝妙好诗，何等才华横溢！更为大康朝廷尽献戏言提炼之术，年纪轻轻封侯拜官，又何等意气风华！凑巧此次行程又途径灵州宝地。 因此，我南楚国也有不少饱学之士，便慕名随本官前来，想与王侯爷讨教一番学问。倒是朝王修一拱手，因此这才冒昧打扰到王侯爷，还望见谅。于是刹那，在场所有人脸色瞬间已变得无比难看起来。王修勾着景龙帝的肩膀，哪还有刚才那副事不关己看热闹的悠哉模样？直愣愣望着那游四方，嘴巴张得老大，半晌才讪讪憋出一句：“卧槽，这哪是朝见宗主国？” 这是宣战来了呀！纵然他王侯爷来到这大康朝才区区几个月，而且对朝廷与周边各国的局势几乎是一无所知，可此时就算脑子被驴踢了，如何看不出来这已是赤裸裸的挑衅啊！一番话倒是说的极其漂亮，什么永久以大康皇帝为尊，什么两国世代友好关系，可自古以来哪有宗主国给藩属国割地、拨付钱粮，甚至还下嫁公主的先例？哪怕这地本来就是占领人家的。 这不仅仅是那点土地、人口或者钱粮的问题，已是事关大康朝廷的颜面与威严了呀！这已经是跟赤裸裸宣战无异了呀！那南楚国王到底几个菜，醉成了这样？一时间，就连远处那熙熙攘攘的围观百姓也是满面愤恨，七嘴八舌谩骂个不停。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啊！区区南楚国，竟是如此张狂吗？五人太甚！皇帝陛下就该出兵灭了这南楚！ 只要朝廷一声令下，讨伐南楚，老汉我亲自上阵冲锋。而此时，景龙帝八风不动，站在原地，又何尝不是滔天震怒？任凭王修趴在他肩膀上，额头青筋已是条条暴起，死死望着这一群南楚使团，目光之中已是漫天寒意。只是更多的却是深入骨髓的凝重。身为天子，他何尝看不出来，这已是南楚国肆无忌惮的挑衅，又如何听不出来？ 这由四方口中所言，什么与西赵、宋、吕两国愿一起以大康皇帝为尊，也根本就是赤裸裸的武力威胁。言下之意，无非若大康不答应这些条件，他三国将组成同盟联军出兵大康。说实话，别说如今的大康，在他景隆帝十多年励精图治下，国力也算蒸蒸日上。哪怕是之前两任皇帝在位，国势衰微时，也还轮不到这三个区区小国上蹿下跳的威胁挑衅。别说区区三国。 哪怕南面十多个小国联合在一起，如今的大康也有浑然不惧的资本。然而，他景隆帝自然还不会天真的以为，这仅仅是那南楚国王自以为拉拢了另外两个小国，就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了。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北方强大的庆国。毕竟如今那庆国历经五年变革，可谓是兵强马壮、国库充盈，再无他国可与之抗衡。而眼下已经有了虎视眈眈、大举挥兵南下之意。 如果两国一旦开战，北方战线大康本就极为吃力，可若是与此同时，南方边境再起大的战事，大康必定陷入两面用兵的被动局面。如此一来，大康危矣。因此，要么只因为那南楚国王是算准了他景蒙帝这个节骨眼上根本不敢南下用兵，才敢如此跋扈、肆无忌惮的挑衅，目的只有一个：趁机夺回当年武帝时期被大康占领的土地、城池、人口，并且彻底脱离藩属国身份。 还要狠狠的敲诈一笔好处，要么那南楚、西赵、宋、吕三国根本就与庆国私下达成了某种协议。可无论是何种原因，却已是将大康彻底逼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若义正言辞拒绝这些无理要求，难免恐怕避免不了一场战事。眼下这节骨眼，庆国已有粮草兵马调动的迹象，大康绝不敢奋兵南下。可若是答应，堂堂大康身为宗主国，竟然向藩属国割地拨付钱粮。 甚至下嫁公主和亲，那是何等的奇耻大辱！别说他景隆帝登基以来，哪怕大康立国，如今已历经六任皇帝，还从没有过给他国纳贡和亲、委曲求全的先例。更何况还是藩属国，那是要让天下人耻笑的呀！他赵泰死后还有何脸面九泉之下去见列祖列宗？而至于这南楚使团进京之前为何会来这林州城找到这王修小儿，原因便再简单不过了：所谓讨教。 说到底不过是挑战，毕竟这小儿虽无一官半职，却已是大康朝廷长达十年唯一赐封的侯爵。中秋诗会上洋洋洒洒二十五首精妙绝伦,伦的好诗，又有戏言提炼技术，至今是奇功，那自然绝对算得上眼下大康最炙手可热、风光无限的人物，一定层面上甚至算得上大康儒生世子的脸面。若是能在此借着讨教的名义将其狠狠羞辱一番，这南楚国也算是扬眉吐气。 在进京觐见天子面前，气势上也强势了许多。如果没看错，那使团中那二十多个身着常服的男女老少，甚至夹杂在宫女侍卫中，不少人皆是南楚国才学见识方面真正堪称翘楚的人物了。国与国之间的往来与谈判，不就是这样？郑明礼脸色何尝不是凝重的出奇？可半晌也只能望向游四方，冷声问道：“这些事自不是本官区区一个林州太守所能妄议的。但本官倒是好奇。” 你们南楚王朱举看上了我大康哪位公主殿下？然而，由四方又一拱手，几分傲慢。素闻大康景阳公主殿下静美仪正，温柔贤淑，若能下嫁我王为妃，定能促我南楚与大康世代友好。顷刻间，安静站在王修身后，本就满面愤恨的赵婉脸色唰的变了，娇躯猛地一颤，目光之中已是一片深入骨髓的紧张。暂且不说这是怎样的奇耻大辱，也不提那南楚地处偏隅。 环境恶劣，条件艰苦。更重要的，身为公主，如何能忍受嫁给一个年过四十的他国国王为妃？可偏偏身为皇室公主，虽性子嫉恶如仇，又如何不清楚如今的大康面临怎样的局面？一时间，脸蛋煞白，被齿死死咬着下嘴唇，泪水已忍不住在眼眶打转。然而这时，却见那由四方只是堆起一副奸诈傲慢的笑，扭头望向正趴在景龙帝肩膀上的王修，倒是王侯也。 不仅在大康，如今哪怕在南楚偏远之地，那也是名噪一时啊！连下官也仰慕的紧，这不才有诸多我南楚的世子学子，做梦都盼着能一睹王侯爷的风采，讨教一番。还望王侯爷能够赏脸，莫要推辞。景阳公主，王修眉头一皱，扭头望向景龙帝哥子，那什么景阳公主听说过吗？今年多大了？景龙帝嘴角猛地一抽，印堂漆黑，压根不想搭理他。 好歹也是当朝侯爵了，能不能多关心关心朝政局势？不要成天满脑子只想着搞钱。还有，景阳公主有多大？你心里没点数吗？然而，眼见他王修不说话，尤四方更堆起一脸灿烂的笑。怎么，王侯爷这是瞧不起咱们南楚世子，不愿赏脸？刹那间，王修一阵气结。我操，这南楚使团怕是脑子有毛病吧？此次来大康，不就是仗着在南方拉拢了几个小国，结成了同盟？ 天晴了，雨停了，感觉自己又行了。因此，靠着武力威胁，便想摆脱大康藩属国身份，夺回当年被占领的土地城池，然后再顺便捞一笔，一雪前耻，扬眉吐气一番呗。直接去京城找景龙谈嘛，谈不拢就打嘛。死缠着老子一个闲散侯爷，有鸡毛用啊？还美其名曰讨教一番，说到底不就是挑战吗？你们当老子很闲啊？况且，搞赢了一点好处捞不着，搞输了。 还丢脸，可没想到，眼见他依然装没听见，由四方却又一拱手，脸上已满是傲慢之色。怎么？难道这大康的儒生世子多为徒有虚名之辈，还是王侯爷心中胆怯？顷刻间，王修更气得快吐血，脸色铁青，心肝尖尖都在颤。大爷的，没完了是吧？不搭理你，还来劲了是吧？尽管如此，却也只得松开景龙帝，黑着脸问道：“只是不知。” 你们想如何挑战？一时间，四周再次安静下来，所有人都面色紧张，望向这边。只见那由四方更一下子来了精神，倒是故作一副谦卑姿态，一拱手：“王侯爷说笑了，是讨教，讨教。”顿了顿，天下学问从插秧播谷，大到治国齐家，诗词书画，何止万千，自是不可能一一讨教。因此，本官倒有个建议：此番讨教分为三轮，取胜两轮者，便为最终获胜方。 如何？却又伸手一指使团随行人员中一个年过六旬、身材瘦弱、穿着粗布衣衫的老者，以及他身后两三个年轻男子。这位老先生名为宫野阳，不过我南楚国一普通乡野村夫，只因年轻时念过几天书，认得几个字，便不知天高地厚，山外有山，不知好好似弄地里的庄稼，却总喜欢舞文弄墨，尤其酷爱连帐一事。实则肚子里没几滴墨水，附庸风雅而已，倒让侯爷见笑了。只奈何此次。 听闻本官御林使团前来大康，便非得缠着本官，领着他与三个后辈一同前来。看在他年事已高，本官也不便推辞。因此，依我看，侯爷不如就遂了这不知好歹的村夫的心愿。第一轮定为连仗，如何？脸上依然笑眯眯的。谁人不知王侯爷当初可是洋洋洒洒二十五首精妙绝伦的好诗？那是何等才华横溢！想必这连仗一事也定不在话下吧。此轮讨教。 自然轻轻松松便可叫这不识趣的老匹夫深知什么叫人外有人。王修摸了摸鼻子，没说话。短暂沉默，由四方又笑盈盈道：“至于第二轮，又伸手一指使团那群宫娥中那名容貌绝美、肤白如凝脂、总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的宫女。这女子乃是我南楚王宫中一个普普通通的宫女，自幼便被卖入宫中，一直做些洗衣碟、被、端茶递水的杂活。因手脚勤快又懂事，被主子赐了个名朱妙语。” 唯独令人哭笑不得的，这宫女虽没念过什么书，却脑子聪慧，平常总爱跟几个小姐妹琢磨研究些客物之理，或者摆弄些新奇的小物件，成天就琢磨些：为何水往低处流？为何天冷时水会结冰？为何好端端一盆水放在那儿，过段时间便无故消失了？一摆手，实在上不得什么台面，哪比得上吟诗作赋这般雅趣？只奈何此次来大康，凑巧这几个小宫女被选定在随行的名单中，做些洗衣做饭之事，要不。 侯爷便赏个脸，这第二轮定为客物如何？要知道，连那细言提炼之术都是出自侯爷之手，想必对这客物一事自然造诣颇深。赐教一番，也让这几个小宫女长长见识。王修嘴角一抽，只盯着那名为朱妙宇的女子，神色说不出的古怪。沉默半晌，众人目光注视下，由四方才又笑呵呵介绍了使团随行人员中两个身着儒士长衫的中年男子以及两个年轻学子。 语气如出一辙，无非又是什么现学中不争气的差等学子，还屡次科考不中、一无是处的废物那种。弯弯绕绕了一大堆，便将第三轮讨教定位了算学。于是请客，在场所有人便彻底懵了。远处那越聚越多，早以为的水泄不通的百姓，已是满面愤怒。说实话，在这种国与国之间派遣使臣，随行都会带着些本国的儒生士子饱学之士，两国的学子进行一番比试，都是再常见不过的事。 虽美其名曰增强一下两国学子的交流，可说到底却终究是扬眉吐气一番，两国谈判时更有了底气。笔试的项目也无非是吟诗作赋、连仗或者骑射武艺之类，笔试的形式也无非按照制定的规则各自挑选一些翘楚精锐。可何曾听说过眼下这种讨教的方式？不仅连规则，就连笔试的内容都根本全由对方说了算。这统统也就罢了，说到底。 还根本是对方近二十人用车轮战的方式挑战大康一人啊！至于那由四方口中所言，南楚出战的人员中，又是耕田种地的村夫，又是没念过书的宫女，又是现学不争气的差等学子，鬼才信啊！谁人不知，这等国与国之间看似无伤大雅的比试，却关系着国家脸面与荣辱。毫无疑问，那一群人根本就是南楚国在这三个比试项目的领域中真正千挑万选的翘楚。那几个年长者。 甚至根本是南楚数一数二、真正造诣高深的大儒。一时间，群情激愤之下，谩骂声、怒吼声响成一片。欺人太甚，真是欺人太甚呐、啊！这天底下哪有如此不公平的比试方式？就是，还好意思说什么讨教？这南楚也太不要脸了！真气死本姑娘了！对我家王公子太不公平了，陛下就该出兵灭了这南楚国。谁说不是呢？谁不知道我家王相公？ 最擅长的便是写诗，他们为何不来比一比写诗？景龙帝与陈皇后对视一眼，何尝不是滔天震怒，死死瞪着那有四方，脸色已阴郁的快刮下几斤寒霜来。本来这种极其不公平的比试方式，要换做别人，即便是拒绝，倒也无所谓。可偏偏却是直接找到了这王修小儿，毕竟这小儿可是背着个大康诗神的名头，更是朝廷炙手可热的侯爵，一定层面上也算得上大康文人世子的脸面了。 可要是认了怂，丢的可就是大康朝廷的尊严了。一时间，场面更变得紧张起来。然而，同样这时，接下来的情形却更让他景龙帝惊呆了。只见王修丝毫没有因为这由四方的咄咄逼人而显得多么恼羞成怒与悲愤，相反，却是一下子乐了，笑的那叫一个意味深长，眼睛都快眯成两道缝，扭过头朝他咧嘴一乐：“我还以为多大根乌梢蛇顿不爬呢，都快把本老爷吓尿了。看好了。” 本老爷今天要干票大了，当下终于抬头望向那游四方。话已说到这个份上，本侯爷若是拒绝，岂不显得不识抬举？这场比试，本侯爷应了。不过这么干巴巴的比试，岂不显得无趣？就如同一桌子美味佳肴，却唯独没有了美酒。因此，本侯爷倒是有个提议，可就怕你游四方还做不了主。哦，请客，游四方一脸诧异，却依然满面笑容。什么提议？侯爷不妨说来听听。 王修笑得依然玩味。刚才听闻你们南楚此次前来，便是要求我大康皇帝归还昔年武帝时期所占通宇、虎牙两地七座城池，拨付钱粮，下嫁公主通婚。可若是此番比试，哦不，讨教，本侯爷若是侥幸得胜，那便请你们南楚使团从哪儿来，滚回哪儿去。只是说着说着，脸色已是一片冷凝。不仅如此，第一，只要大康一日不亡，你南楚便依然作为大康的藩属国，需年年纳贡，朝见天子。 第二，通宇、虎牙两地永久划入大康版图，你南楚必须予以承认，不得再提归还二字。第三，从今往后，你大康的王位更迭，无论是立储还是立后，需经大康皇帝册封认可。第四，刚才你们南楚不是咄咄逼人，叫嚷着还要我大康下嫁公主吗？我大康朝身为宗主国，还没有向藩属国下嫁公主的道理。因此，若是此番比试，本侯也省了，还需你南楚。 嫁一位女子到我大康皇室，没办法，本侯爷就是这么睚眦必报。刹那间，不仅远处那水泄不通的百姓，就连景龙帝也彻底懵了，眼珠子瞪得滚圆，惊诧的无以复加。那群南楚使臣又何尝不是瞬间震惊的无以复加，面面相觑，人群一阵躁动。由四方哪还有刚才那副趾高气扬的气势？作为南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如何不清楚这四个条件意味着什么？ 南楚从此将永远失去通于虎牙两地。尽管如今这两地七座城池尚且还被大康占领着，可终于跟南楚朝廷予以承认，性质截然不同。最为狠毒的，恰恰还是那王位更迭，无论立楚还是立后，皆需经大康朝廷册封。这可意味着，从此大康可通过名正言顺的手段扶持听话的楚君，从此牢牢掌控南楚朝廷。到时候，南楚可真就成了傀儡了。 一时间，脸上笑容戛然而止，满面羞愤之下，目光中已是一片阴冷寒意。一声冷哼：“王侯爷倒是好大的口气，可要是你输了呢？”可没想到，王修只是摸了摸鼻子，一字一顿：“细言提炼之术，若是本侯爷输了，细言提炼之术所有详尽资料绝无保留，赠与贵国，并且虽然这技术本侯爷已成交大康朝廷，但是我可以保证，可以说服我大康皇帝。” 这雪白无杂质的细盐，从此只在大康内部生产，绝不卖于任何一个国家一粒细盐。也就意味着，从此你南楚可以向除了大康之外任何国家垄断这细盐的售卖。如此一来，每年能带给你南楚国库的收益，可不止千八百万两银子。又一声冷笑，只是不知你南楚敢不敢赌上一赌？目光不经意瞟一眼那群南楚侍卫中那个其貌不扬却浑身满是上位者威严气势的中年男子。 一字一顿，当然，如果你南楚没有这胆量，就当本侯爷开了个玩笑。毕竟你南楚偏远小国，想来也没什么气度胸怀。寂静，刹那间，四周化作一片死寂，再没人发出丝毫声音，似乎空气都快凝结。而刹那间，景龙帝却是脸色巨变，扭过头，死死望着身边这混账小儿，目光之中已是，一片愤怒寒意。虽不得不承认，这小儿刚提出那四点条件，其中三条。 可谓是条条刺中南楚的要害，令这南楚使团就地折返，依然作为藩属国那共称臣，可瞬间解了眼下这场进退两难的危机，令南楚朝廷需承认通于虎牙二帝，永久为大康版图，那可谓是开疆拓土的万世之功。最为恶毒的还是南楚以后立储立后需经大康朝廷册封，唯独就是要求南楚嫁一女子来大康皇室，实属鸡肋了一些。可如何想得到这小儿？ 竟胆大包天到如此地步！尽管这提炼之术根本出自这小儿之手，可说到底，这可是大康朝廷的垄断技术。仅仅靠这个，日后往周边诸国售卖细盐，便可为国库每年带来至少两三千万两银子的收益呢。大康如今每年的国库收益也才不过区区六七千万两银子啊！这混账小儿平常一副怕死的要命的德行，可此时何来的胆量，竟敢拿出这细盐提炼之术作为对等的赌注？此番比试。 要是赢了，自然是惊世奇功；可要是输了，那就是大康的罪人啊！往大了说，那是叛国之罪，是要诛九族的。恐怕到时候，朕也保不了你的脑袋啊！这些统统也就罢了，你哪怕真有五成的胜算，朕也还能理解。至少，细言提炼之术，往他国售卖细言的权利，相对于对南楚提出的那一堆条件，简直千值万值。可关键是，你真天真的以为？ 那南楚出战的人员，真如那由四方所言？不过一群没念过书的山野村夫，真以为写得一首好诗就能招架得住南楚几乎倾全国之力精挑细选的一群饱学之士的车轮战？大康虽文风鼎盛，却盛行吟诗作赋，恰恰南楚学子精通连仗。还有那客物一学，什么水为何往低处流？一盆水为何无缘无故消失？朕都不明白，你能懂？还有算学，说到底，这根本就是必败之局啊！ 一时间，就连站在远处的郑明里，又何尝不是满面震惊，目光之中一片凝重担忧。那群南楚使团成员更是面面相觑，错愕惊骇不已。说到底，此番来大康，之所以率先来了林州府，近乎死缠烂打的方式，逼着这蓝平县侯比试考教一番。如果预料不差，等到南楚提出这三个比试项目之后，对方八九不离十，定会直接怯战认输，倒是让南楚狠狠地扬一扬国威。毕竟。 据周密调查，这蓝平县侯尽管曾二十五首绝妙好诗名动天下，也更有戏言提炼之术，可之前终究不过一个智力低下的憨子，成天爬树掏鸟窝那种。即便是脑疾突然痊愈，脑子突然开窍，却也绝无可能短短两三月变成了那脚踏七彩祥云的文曲星转世。可谁料得到，这少年郎不但应战了，居然还提出这样害人的赌注来，反倒一下子让他们难处变得进退两难。若拒绝， 反倒颜面尽失，遭天下人耻笑。如果同意，可要是输了，那可就意味着南楚从此就真正彻底沦为大康的傀儡玩物，再无翻身的机会了啊！最关键的是，那细盐提炼之术着实诱人啊！南楚终究是小国，而且因为地理与环境的问题，农耕与工业极其不发达，朝廷一年的国库收益也不过区区一千万两左右。可要是有了这细盐提炼之术，仅仅靠往其他诸国卖盐，每年都可为国库。 带来至少两千万两银子的收入啊！有了这庞大的一笔收益，从此南楚虽还不足以可与大康分庭抗礼，可要一一吞并南面十多个小国，那也是指日可待啊！一时间，场面更变得紧张起来，空气都充满着压抑的气息。唯独王修倒是满面轻松，只耐心等着对方答案。那由四方更是脸色青一阵红一阵，愣在当场。毫无疑问，这样的惊世豪赌事关国运，已远非是他一个大赵司马所能做主的了。 半晌，才终于一咬牙，一字一顿试探性问道：“只是不知，如果我们输了，侯爷想让我南楚哪位女子嫁入大康？”然而，只见王修依然笑眯眯的，却连想都没想，只是一伸手，便径直指向了那群南楚随行宫娥中那个容貌娇美、肤白如凝脂的女子，咧嘴笑笑：“这位名叫朱妙语的宫女。”可没想到，刹那间却见那上百名南楚使团成员脸色竟是齐刷刷变了，一阵哗然下，满面愤慨。 那叫一个悲愤交加，就好像受到奇耻大辱，被他王侯爷半夜偷偷跑到自家老婆床上撒了泡尿，提起裤子还不认账一般。刹那间，那架势就似乎要冲上来跟他拼命。特别那群侍卫更是齐刷刷已摸向腰间横道，而那名叫朱妙宇的宫女又何尝不是面色巨变？总算第一次抬起头来，满脸错愕、震惊，望向王修，目光之中已是滔天羞愤与屈辱。可尽管如此，也只是面色惨白。 被齿死死咬着下嘴唇，一言不发。时间流逝，场面依然僵持，气氛依然紧张。不知过了多久，却见那由四方迟疑不决之下，只是看似不经意向身后使团望去。与此同时，王修却是清晰看见那群男主侍卫中那身穿盔甲、手持长矛、其貌不扬的中年男子，也终于抬起头，脸上闪过一丝决然，若有若无点了点头。随即便见由四方终于一咬牙：“好。” 既然王侯爷如此气魄，那本官就冒昧替我家王上做主了。这场赌注，我南楚答应了，因为这场所谓的讨教，已不仅仅是两国荣誉之争，更已事关两国命运，自然也不可能简单草率。眼见南楚使团应下这场豪赌，景龙帝脸色已苍白到极致。尽管如此，既然对方都已应下这场赌注，大康方面自然也没有退缩反悔的道理，因此也只能暗中给郑明礼递了个眼色，最终。 也只得由这位林州太守出面，双方一番商议，最终决定将快马加鞭，将这场比试上奏朝廷，再由兵部官员前来两国正式画押，立下国书字据。因此，最终这场比试便定在了三日之后，十月初七。比试既然已成定局，由四方自然很快便领着使团告辞离开。熙熙攘攘的围观百姓，也同样在阵阵惊叹与议论声中渐渐散去。一场风波暂时落下帷幕。 证明里几乎算是最后离开的，只是临走之前，满面凝重担忧之色，径直走到王修跟前，欲言又止了半晌，却也只得一声长叹：“哎，贤婿，你太冲动了。”随即只若有若无朝景龙帝一躬身，便领着那群府衙衙役离开。唯独景龙帝赵太依然怔怔站在原地，满面凝重。尽管这场赌约也算是他这个皇帝亲自点了头，可何尝不清楚，这场本就极其不公平的比试。 这胆大包天的混账小儿，独自一人面对南楚倾全国之力挑选出来的精兵强将，败得一塌涂地，自是必然，根本毫无胜算。不但对大康眼下面临的局势毫无用处，依然要面临南楚方面咄咄逼人，要求归还失地、拨付钱粮、下嫁公主，反倒更只会助长南楚的气焰。更重要的，大康还将彻底失去细言对他国的售卖权，那可是国库每年上千万两的收益啊！这时，倒是陈皇后走上前来。 俯在他耳边，一声轻叹：“圣上也太莫过于焦虑。虽然妾身也想不明白，他究竟何来的底气，可以应下这场比试，还提出如此惊世骇人的赌注来，甚至不惜用激将法逼迫南楚使团答应。可依照这两日妾身对这王修的了解，他绝不是鲁莽行事之人。若没有把握，他定然不会如此。或许朝廷眼下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困局，就因此迎刃而解了呢？”然而景龙帝只是摇了摇头。 面色沉重，忧虑一声长叹：“皇后就莫要说些安慰的话了，朕倒是希望如此。可关键，可没想到，话未说完，却见王修倒是一脸喜笑颜开走了过来。哟，都老夫老妻了，说啥悄悄话呢？”眨眼间，那胆大包天的混账小儿已屁颠屁颠走到跟前，似乎丝毫没意识到自己今日闯下了怎样的大祸，反倒一咧嘴，笑得贼灿烂。怎么样，老哥，就问你，本老爷刚才干得漂不漂亮？” 请客，景龙帝更一阵气结，心中怒火焚烧，脸色漆黑如锅底，双眼直喷火。胆大包天的乱臣贼子，心里还挺美是吧？干的是挺漂亮，漂亮的可能要掉脑袋。可没想到，眼见他不说话，这家伙一下子怒了，气急败坏一声骂：“我说鸽子，你这都什么表情呢？你不会也跟我那不争气的未来岳丈一样，以为本老爷是一时冲动吧？”景龙帝嘴角一抽，依然不说话。这时。 陈皇后虽也同样几分无奈与忧虑，倒是温婉一笑：“哦，王相公详细说说。”可接下来的情形却让两人一下子呆住了。只见这混账小儿又是没好气朝景龙帝一瞪眼，瞧见没有？还是嫂夫人识大体，正了正色，脑袋凑得更近点。当然，这些本老爷也就给你们说说。一脸如看白痴的表情望着景龙帝：“哥子，咱们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哥俩关系处的也还算融洽。可是，难道你也认为？” 本老爷之所以会答应这场比试，是被那男厨咄咄逼人的架势给激将的。就这点把戏，本老爷玩得比他们熟练。大家都挺忙的，好吧？有那闲工夫跟他们纠缠不清，我还不如躺院子里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小酒喝着。况且比赢了一个铜板捞不着，比输了还丢脸，直接拒绝便是呗。大不了就是丢脸嘛，被人骂懦夫嘛。他们还能刀架在脖子上胁迫不成？一撇嘴，面子多少钱一斤？ 景龙帝只瞪着他，印堂漆黑。倒是陈皇后几分忍俊不禁，可没想到这孽畜又话锋一转：“但是鸽子，听好了哈，但是来了。”就在那由四方说出了比试规则之后，本老爷有那么一刹那功夫，突然脑袋灵光乍现，计从心来，恶向胆边生，心中瞬间有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景龙帝眉头一皱：“是如何快速掉脑袋的全新思路吧？”却见这混账还故意卖了个关子：“鸽子。” 你也知道，这段时间最让我郁郁寡欢、茶饭不思的，还是如何辞掉官职的事。一声长叹，就想不明白了，那景龙帝为何也问问本老爷愿不愿意，直接就砸个官职过来，居然还辞都辞不掉？那官究竟有什么好当的？就像我那不争气的未来岳丈，堂堂太守，天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忙不完的正事。关键我打听了一下，他居然还没搞到什么钱，连给女儿准备嫁妆都还得从老家东拼西凑拿钱。顿了顿。 却见这混账又一下子乐了。可眼下辞官的机会不就来了？虽然那南楚国我也搞不清楚，身为藩属国，据嫂夫人说，还只是南方一小国。可就算拉拢了另外两个小国，可哪来的胆量，居然敢跑到大康来要地、要钱、要粮，还要迎娶公主？但谁也不是傻子，必定有恃无恐。老哥，你说会不会跟北方庆国有关？我听说那庆国好像挺强大的。但是如果没猜错，他们必然有什么筹码。 足以让景龙皇帝焦头烂额。一咧嘴，鸽子，你说，如果我就在这林州城，就把这事给解决了，让那南楚使团不但灰溜溜滚回去，还必须承认通于虎牙两地永久为大康版土，还必须年年给大康纳贡，日后就连王位传承都受大康控制。就问你，是不是今世奇功一件？可能不比细言提炼技术的功劳小吧？那景龙皇帝不得不认吧？到时候，本老爷再快马加鞭给皇帝去个折子。 用这个功劳谈条件，让他准许我辞去官职，告老还乡。他多少总得考虑考虑吧。刹那间，景龙帝更一阵气结，死死瞪着这畜生，脸色瞬间铁青的发紫，砂锅大的拳头更咯咯直响。乱臣贼子，简直乱臣贼子啊！真是打着不走，牵着倒退的犟驴呀、啊！全天下的人可是做梦都想着为朝廷立功，加官进爵，光宗耀祖。可唯独这杀千刀的逆贼！ 成天径只想着用功劳来换辞官，你这思路是不是未免太清奇了些？还有，朕大康朝的官员就那么让你瞧不起吗？一时间，就连陈皇后也是惊得弹口微张，一脸哭笑不得。可接下来的情形却更让两人欲哭无泪了。只见这畜生还来劲了，不知不觉已是一脸猥琐无比的贱笑，压低声音。至于那四个条件，要求男主嫁一个女子到大康皇室，鸽子。 这里面可就太有学问了。实不相瞒，其实本老爷跟东宫太子关系还不错。打听过了，听说当今皇帝正值壮年，而且都已经快十年没有纳过妃嫔了。而且还听说，就先帝后宫佳丽都几百人了，结果都六十多岁一把年纪了，还在让人到处给他物色美人呢。搂着他肩膀，呵呵一乐。身为皇帝，又有哪个不喜欢年轻貌美的女子呢？而本老爷要是靠这次赌约给皇帝挣来一个绝色佳人，你说？ 他就算嘴上客套两句，可心里是不是喜欢的很？就刚才那个叫朱妙宇的，你也看见了，那模样，那身段，算不算绝色美人？换你，你也喜欢吧？最关键是，就凭刚才那群南楚使臣的反应，我告诉你，很可能是南楚公主，最起码也得是个郡主。退一万步，哪怕皇帝不喜，也没理由怪罪于本老爷吧？老哥，你说这两件大功劳加在一起，只跟皇帝换一个告老还乡的诏令，那景龙帝要是再否决？ 是不是就实在有点不讲武德了？倒又是一声轻叹，哎，倒是可惜了那个姓朱的妹儿。若是咱大康的女子，本老爷断不会如此。可只怪那南楚竟然还胆敢提出要迎娶咱大康的公主，这如何能忍？以牙还牙喽！就问你，本老爷这思路清晰不清晰？噗！刹那间，景龙帝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直勾勾瞪着这畜生，硬是只感觉心中怒火腾腾的烧，肺都快要炸裂。 刁民，真是胆大包天的刁民啊！成天脑子都在琢磨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虽不得不承认，那朱妙语的确国色天香，而且在南楚绝对身份不俗。而且这嫁一女子到大康的条件，也的确算以牙还牙，狠狠替大康出了口气。可先帝是先帝，朕是朕，朕是那种沉迷酒色、无心正事的昏君吗？况且朕的年纪都可以给人家当爹了，可以。 不错，这思路果真无比清晰。你就去挣吧，大胆去挣功劳吧，把那朱妙语赢回来。管他南楚公主也好，宫女也好，你看朕会不会纳入后宫做嫔妃吗？到时候谁杀的谁埋，谁挣来的谁消化。还有最关键的，你到底哪来的自信？一人之力挑战二十多个南楚国精挑细选的饱学之士，还是人家擅长的领域，可以赢得这次比试？一时间，就连陈皇后也是强憋着笑。 脸颊涨得通红，花枝微颤。时间转眼已是十月初八，京城太阿宫太阿殿虽不是十天一次的大朝会，可天刚亮，偌大的殿内却笼罩在一片压抑凝重的气氛之中。景龙帝头戴官流，身着龙袍，端坐龙椅，面色阴郁的快要刮出两斤寒霜来。这都两天了，想必那林州府的才学比试也已经结束了。那南楚使团恐怕最迟明日便会进京了。怎么，各位爱卿？ 还没想出应对之策吗？南楚使臣不日便要进京，以拉拢了西赵、宋、吕两国作为武力威胁，意欲胁迫大康归还武帝时所侵占的通榆、虎牙两地城池与人丁，拨付钱粮。早已在大康朝廷人尽皆知，景隆帝自然不至于留在林州府观看那一场赌约比试。眼下最为迫切的，自然是赶在南楚使臣进京之前，朝廷必须拿出应对之策来。泰阿殿内，文臣武将分裂两侧，却也只是纷纷低垂着头。 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一不小心惹怒了天子。当朝左丞相宰府陈无香手持护板站在队列最前方，更是满面愁容与焦虑。与之并肩站在一起的是一个年过六旬、身材清瘦、须发皆白、身穿紫色官袍的长者，浑身上下满是身居高位的威严气势，可此时却微眯着眼睛，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自然正是当朝右丞相曹木。陛下。而这时。 眼见天子脸色已是越来越难看，队列靠前的位置终于站出来，一年近五十的中年官员，正是礼部尚书唐明。正了正色，臣以为那兰平县侯王修，此番未奏朝廷批准，便擅自与南楚使团立下赌约，而且还是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不仅致使朝廷痛失日后往周边诸国售卖细盐的权利，极大损害了大康利益，更令朝廷在接下来与南楚使臣的谈判中可能极其被动。尽管那细盐提炼之术， 本就出自兰平县侯之手，可此举却有鲁莽冒失、藐视朝廷之罪，因此臣斗胆谏言，应将那王修削为男爵，免去太子伴读一职，以彰显朝廷赏罚公允。顷刻间，景龙帝脸色微微一变，目光只扫了这礼部尚书一眼，没说话。身为天子，如何不清楚？这唐明一番话倒是极具用心。此番那王修小儿与南楚使臣的赌约比试，虽眼下…… 那林州府还未有消息传来，可压根不用考虑，毫无悬念的必败之局。到时候，朝廷痛失往周边诸国售卖细盐的权利，必然遭到朝中文武，特别又丞相曹木一派疯狂攻击弹劾，被冠上一个叛国之罪，那也不是不可能。到时候，恐怕连他这皇帝也保不住那胆大包天的小儿的脑袋。这唐明倒果真不愧是老奸巨猾老狐狸一个，先发制人，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给那小儿定一个鲁莽冒失、藐视朝廷的过失。 削为男爵，免去官职，已算是狠狠护了那混账小儿一把，倒生合他景龙帝之意。等到这一两日，那林州府赌约比试败北的消息送到京城，也只能如此处置了。毕竟这唐明当初还有心求皇帝赐婚，将小女儿嫁于那王修。与此同时，吏部侍郎吴正德脸色一变，然而正要站出来说点什么，却见前方又丞相曹木回过头来递了个眼色，却又不动声色退了回去。 大殿之内再次陷入一片死寂，景龙帝脸色依然沉重，目光扫过台下文武百官，声音更以冷凝的可怕：“怎么，诸位都是大康的股肱之臣，如今南楚咄咄逼人，诸位就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来吗？兵部，你们来说说吧，这本是你们兵部之责。可因为眼下，兵部尚书已领着一众官员前往了灵州府，与那南楚使臣就那场事关两国荣辱与国运的比试接洽并签署正式国书，无奈之下。” 兵部侍郎周勃只得硬着头皮站了出来，眼见皇帝正目光灼灼看着他，更是紧张的满头大汗，半晌才终于支支吾吾道：“禀陛下，眼下据兵部得到的情报，北方庆国已有兵马调动的迹象，狼子野心已是昭然若揭。而庆国虎狼，兵强马壮，眼下更是国库充盈。若北方再起战事，恐怕咱大康已是极为吃力。毫无疑问，那南楚国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才胆敢如此跋扈、咄咄逼人。顿了顿，可如此形势下，南方万万不可再生战事了呀。因此，以臣之见，索性不如就应了那南楚的要求，将通于虎牙两地七座城池与土地人丁归还南楚，再拨付一些钱粮，下嫁一位公主。一来可彰显我大康朝廷的仁德与胸怀，其次也可为大康南方边境换来至少上十年的安稳，不至于陷入南北两线作战、更加被动的局面。 为今之计，也只有如此了。况且那通于虎牙之地之前本就一派胡言。然而就在这时，话未说完，景龙帝却是一下子怒了，嗖的一声从龙椅上站起来，龙颜大怒下，脸色已铁青的发紫，目光死死瞪着周伯，气得身子颤抖不已。又是一声暴喝，简直胡言乱语。一时间身子都止不住颤抖。你倒是嘴皮一碰，说的轻巧。各殿拨付钱粮，下嫁公主。 的确，这倒也是个办法。那南楚要啥朕就给啥。可是你堂堂兵部侍郎，想过没有？你这朝廷的脸面何在？你这大康的国威何在？你怎么有脸说出这样奇实大辱的话来？咱大康从立国至今，哪怕是先帝在位最艰难之时，还没有过给别国割地和亲的先例。还有那痛于虎牙之地，没错，的确本属于南楚国。可是今日，朕就问问你，周伯就这么轻轻松松交出去？ 你对得起七十年前武帝时期南下征战死去的数万将士吗？你去那虎牙，当年虎背山一役爆发之地看看，那里还埋着多少我大康男儿的铮铮白骨？滔天震怒下，又是一声怒喝：朕即便再昏聩，还没昏聩到给藩属国割地和亲的地步。你让朕死后九泉之下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去见昔年为国征战、血染沙场的数万大康忠魂？这天下怎有尚未开战、率先投降、沿河的兵部？ 这番话，满朝文武皆可言，唯独你兵部不可言。有朝一日，若那虎狼庆国大军压境，你是不是尚未开战，也要领着兵部官员前去割地赔款、言和？如今北方还有前朝时被庆国占领的失地，你怎么不去问问那庆国女皇帝李青梅，何时归还我大康的土地城池？狠狠一巴掌拍在面前龙案上，来人，给朕嫁出去，杖责三十，一大礼寺听候发落。话音刚落。 自然便有殿外的侍卫冲了进来，将那早已吓得面色惨白、瘫痪在地的周伯架了出去。顷刻间，偌大的太阿殿内气氛更压抑到极致，所有人噤若寒蝉，再不敢发出丝毫声音。愁云密布下，似乎连空气都快要凝结。然而，同样这时，却只听得大殿之外似乎隐约传来阵阵沙哑喊声：“捷报！有捷报！”喊声由远及近，渐渐终于能让殿内众人听得清清楚楚：“快快放行！快快放行！有捷报！” 速速通报！末将要面见陛下。大捷，有大捷！顷刻间，不仅殿内满朝文武面面相觑、错愕不已，就连景龙帝又何尝不是满面诧异？眼下大康并未有战事，何来捷报？可接下来的情形却那样始料不及，让在场所有人彻底惊呆了。只见片刻间，大殿之外跌跌撞撞冲进来一粗壮男子，看身上穿着的盔甲与头顶的关羽，应该是地方州府城防司的守将。 至于佩刀，自然早在入宫之时便已解下。只是此刻，明显是快马加鞭，经过长途跋涉，早已累得衣衫不整，身上大汗淋漓，说不出的狼狈。径直冲到大殿中央，单膝跪地，一边大口喘着气，却是激动的声音都直发抖。末将林州府城防司百户长王二牛，奉林州太守之命，有捷报上呈天子。可实在因为太累了，竟是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满面激动之色，声音颤抖不已。 一声大喊：“禀陛下，大喜大喜啊！就昨日，林州城内兰平县后王修，只身一人应战南楚国使臣的比试，大获全胜。咱大康赢了，赢了！”刹那间，满朝文武一下子懵了，景龙帝更是嗖的一声，再次从龙椅上站了起来。与此同时，却见那王二牛更是激动的语无伦次：“禀陛下，就就那场比试，按照双方的约定，分为连仗、客物之学、算学，一共三轮。” 每一轮由双方各自出十道题目，交予对方作答。当然，出题一方必须自己知道正确答案，并且事先密封，呈与双方共同保管。双方都作答完毕后，再公开标准答案。而每一轮比试，半个时辰为限，哪一方答对的题目多，便为获胜一方。三轮两胜者为最终获胜。至于连仗，却考教对仗平仄是否工整，是否更有意境。末将懂得也不多。所有人都没说话。 只是瞪大眼睛望着他，总算顾得上擦一把汗，王二牛才继续道：“这场比试是昨日午后进行的，为了比试的公平公正，林州府衙还特地在城内大街上搭了一座高台，还专门抽调了城防司官兵维护秩序。昨日林州城可谓是万人空巷，前来观看比试的百姓人山人海。”歇了口气，王二牛才又结结巴巴说道：“末将当时也在场，比试一开始，便只见那王侯爷身着如山，手持折扇。” 脚踏祥云，宛若天神下凡。不到半个时辰，竟把对方三十道题目全答完了。一对照标准答案，竟是一题不差。记得连仗一轮，南楚有一个上联，出的什么？寸土为寺，寺旁言诗，诗曰：明月送僧归古寺。王侯爷竟是想都没想，直接给出了下联：双目为零，林下示镜，径云抚今已时入山林。就连南楚那一众饱学之士也是连声喝彩，不得不承认，比他们给出的标准下联。 还要出色几分。那科务一轮，末将记忆最深的男主给出的第一道题目，便是十斤重的铁球和一斤重的铁球同时从同一高度落下，谁先着地？顷刻间，文武百官中倒是一片议论声。这么简单的题目也好意思拿来考教？那男主当真无人？对啊，这还用想吗？肯定十斤的铁球先着地啊！可没想到，那王二牛只是扭头望了一眼那说话的官员，末将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可谁知道，王侯爷给出的答案竟然是同时落地，而且答案正确。顿时，只见那官员脸色瞬间涨得通红，文武百官又一阵哗然。怎么可能呢？对啊，怎么可能同时落地呢？然而，只见那王二牛吞了吞口水，激动的声音依然哆嗦。可轮到王侯爷出题时，谁知道王侯爷竟说自己很忙的，还要忙着回去是十日后大婚的礼服，所以就只出三道题。 只要南楚那群学子能答对其中两道，便算对方获胜。当时可是把末将急得直跺脚。王侯爷这未免也太轻敌了一些。可谁知道三道题目，那南楚使团上百人竟是无一人能作答。特别是算学一轮，王侯爷给出的题目，什么零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数可以组成多少个六位的单数，末将都听得晕乎乎的。那南楚使团上百人围在一起，焦头烂额，憋得满头大汗，可最终依然无法给出答案。 可关键，王侯爷不但给出了答案，还在那南楚使团的跟前亲自讲解了整个解题过程。虽然那群南楚文人很明显也根本听不懂，可看着实在解气，解气啊！所以陛下，咱大康胜了。于是请客，所有人彻底呆住了，满朝文武面面相觑，再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景龙帝更是嘴巴微张，眼珠子瞪得滚圆。可不等有人说话，接下来的情形却更那般始料不及。 狠狠冲击着在场所有人的心脏。只见这王二牛情绪反倒还更激动起来，惊魂未定，声音更哆嗦的厉害。这还不算完，陛下您有所不知，就那个被作为赌注要嫁来大康的宫女朱妙雨，太守郑大人已经查明，实则乃是南楚国长公主。不仅如此，连那南楚国王朱举也混杂在使臣团中，扮作了一个侍卫，倒是无耻的很。眼见南楚书的一塌涂地，遭受奇耻大辱，那朱举竟是气昏了头。 完全没了理智，当场站了出来，表明了身份，丝毫不顾那一众大臣的劝阻，非得逼着王侯爷再赌一局。至于赌注，依然是那戏言提炼之术。而对方在王侯爷的指定下，定位了南楚紧挨着通宇的岐山之地三座城池与土地人口。结果毫无悬念，王侯爷又大获全胜，又是一声激动大呼：“陛下！”也就是说，从此以后，那南楚的岐山之地也彻底成了大康永久的版图啊！ 倒是那朱局败北之后，竟是气急攻心，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昏死在了那高台之上。对了，为了防止南楚方面反悔赌约，兵部尚书钱正钱大人已顾不得奏请陛下，与郑明礼郑大人商议后，灵机专权抽调了金鸡大营林州驻营的三千名将士，已与昨日傍晚连夜启程，与那南楚使臣一道折返前往南楚王城，签署正式国书，正式交接通语虎牙。 岐山之地的城池、土地与人丁户籍，并且驻营防守。当然，还有关于那南楚作为永久藩属国纳贡朝见、接受大康册封，以及那南楚长公主朱妙语前往大康和亲的事宜。一边说着，又迅速从怀里掏出一本封蜡密封的折子，双手举过头顶。对了，这是兵部尚书钱大人与灵州太守郑大人联名呈给陛下的折子。于是，请客满朝文武便彻底呆住了，直愣愣望着那王二牛，满面错愕与震惊。 竟是再无一人发出声音来，偌大的太阿殿化作一片死寂，画面彻底定格，时间如同静止。不知多久，人群中也不知是谁一声惊呼：“见鬼了！”刹那间，大殿内一下子沸腾起来，交头接耳议论声、惊呼声混杂在一起，已是乱作一团。匪夷所思，匪夷所思呢！一人之力挑战二十多个南楚宝学大儒，还是在对方擅长的领域，竟能大获全胜，居然就这么赢了、啊！ 那蓝屏县侯，怕真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吧？痛快，痛快啊！未能亲眼一睹这惊世骇俗的一战，人生一大憾事啊！李公，你当年好歹也担任过国子监教学，更尤其擅长算学，从零到五，能组成多少个六位的单数？你可推算得出？宰辅陈无香站在队列最前方，更是激动的老泪纵横，身子都颤抖的厉害，语无伦次，阵阵呢喃：“惊世奇功，惊世奇功啊！此子,子。” 当真乃大康的麒麟之才啊！良久，大殿内一阵大呼：“臣等为大康贺，为陛下贺！”声音震耳欲聋，快将房顶掀开！而此时，景龙帝又何尝不是震惊的无以复加？木头庄子般站在龙岸后，一遍又一遍看着那封刚呈上来的折子，嘴巴张得老大，一脸见鬼的表情，硬是只感觉心脏扑腾扑腾的跳，脑袋都嗡嗡的响。那场本就极不公平的赌约比试，那混账小儿！ 一人应战，南楚倾全国之力，精挑细选的二十多个饱学之士，无论怎么看，那都是必败无疑的呀，压根就毫无胜算啊！怎么稀里糊涂就赢了，还赢得如此彻底，完全是碾压之势啊！写起精妙绝伦的好诗，如在地里拔萝卜白菜，一拔一箩筐；在连账、刻物、算学方面，竟也精通到如此境界。那小儿到底是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妖怪？更重要的，自己这个皇帝还在领着满朝文武百官。 为那南楚国之事一筹莫展、焦头烂额，可人家不声不响，轻而易举就把这事给解决了。南楚使团昨晚都已经折返离开了，朕还在这一个什么东西？不仅如此，这一场惊天动地的豪赌所带来的，南楚继续身为大康藩属国，此后必须年年朝见纳贡，王位更迭必须受大康天子册封。身为天子，他如何不清楚这些条件意味着什么？从此以后，那南楚就彻底成为了大康的附庸。 南方边境再也没有了动荡之忧，特别那痛于虎牙之地，从此彻底、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大康的版图，那更堪比开疆拓土万世之功啊！这些统统也就罢了，那小儿竟然还顺便把岐山之地给赢了过来，就靠着一场才学比试，不费一兵一卒，千百年来翻遍史书，哪有这样搞的？如此一来，可谓不但彻底解除了大康可能陷入南北两线作战的危机，更是开疆拓土。 狠狠扬了大康的国威了，于社稷于百姓，这可是真正立在千秋的盖世奇功啊！入夜，德政殿，解气，实在解气啊！陈皇后身着简便工装，举止端庄，坐在一张椅子上，此时激动之色溢于言表。想当初，林州城亲眼见那南楚使臣何其跋扈，何等咄咄逼人！谁曾想，还未曾进京面见陛下，便半道赔了夫人又折兵，灰溜溜的回去了。咱大康朝。 可是好久没这么扬眉吐气过了呀！妾身恭喜陛下，贺喜陛下！景隆帝端坐一侧桌案后，神清气爽，更是满面意犹未尽的激动。谁说不是呢？皇后，你是不知道啊，朕当时听到这份捷报，大殿之上脑袋都是嗡嗡的响。这都快一整天了，现在还感觉像做梦一般。你说，那小儿脑袋究竟是如何长的？他怎么就这么轻而易举把那南楚二十多名精挑细选的饱学之士给赢了呢？ 亏得朕这两日还在为那难处之事焦虑的茶饭不思，还在为如何处置那小儿，既不至于失了朝廷赏罚公允，落了朝中某些大臣的口舌，又能保全那小儿一条狗命，而一筹莫展。结果人家轻轻松松就赢了比试。朕今日还问了国子监，那什么从零到五可以组成多少个六位单数，也无人能解答出来。顿了顿，这还不算，那靠着比试迎来的岐山之地三座城池的土地人丁，下朝之后，朕瞧了瞧堪舆图。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也不知是那小儿歪打正着，还是真正眼光独到敏锐。皇后，你有所不知，那岐山之地虽不算富庶，可因为山势险峻，易守难攻。昔年圣武皇帝损兵折将上万，也未能攻下这岐山。说到底，这根本就是横在南楚与大康之间的一道屏障，那可是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塞。跨过岐山，却是一片坦途。因此，这岐山之地彻底成为大康版图之后，那就意味着。 从此以后，不仅整个南楚，乃至南面诸多小国门户大开啊！还有便是此次兵部尚书钱政以及灵州太守郑明礼，为避免夜长梦多，林机果断先斩后奏，直接越权调动京畿大营灵州驻营的将士前往岐山之地接管驻防，也是深得朕心啊！陈皇后温婉一笑：“是啊，那钱政便不必说了，郑明礼也算是大康难得的能臣啊！还有那王修后生。” 仅仅是岐山之地，便可谓是为大康立下了万世之功。虽说后宫不得干政，但妾身还是斗胆为他请功，朝廷当重重赏赐啊！可没想到，话音未落，景龙帝却是神色一滞，哪还有刚才那神清气爽、容光焕发？印堂瞬间一片漆黑，一声长叹：“皇后，先别急着请功了。”一提起那混账东西，朕心里这怒火就忍不住嗖嗖的往上冒，咬牙切齿：“那狗东西，不把朕活生生气死！” 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随即从怀里掏出一份折子来，这不，那狗东西这次动作还挺快。捷报前脚刚到，他的折子跟着就来了。陈皇后一阵错愕，可顷刻间，景龙帝那叫一个悲愤交加，手臂青筋都条条暴起。来，这份折子朕念给你听听，你也瞧瞧，这就是大康的麒麟子，这就是大康朝廷的堂堂侯爷。他说的是人话吗？打开折子，清了清嗓子，来。 听听，和上次谢恩的折子一样。啧啧，真不愧是才高八斗的饱学之士啊！开篇那叫一个感人肺腑啊！陛下，吃过午饭了吗？今天吃的啥呀？我跟您说，平常饮食一定要注意荤素搭配，还要多加强锻炼，才能有个健康的身体。进入冬季了，天气越来越凉了，而今年的冬天好像格外冷。陛下，您一定要记得多穿点衣服，不要感染风寒。我虽远在林州，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陛下，忠君之心。 可照天地，嘴角一抽，就问你写的敢不感人？一声暴喝，可朕要是信了他的连篇鬼话，那就是脑袋被牛踢了。他不天天在背后骂朕脑子有病，就谢天谢地了。果然，紧跟着你听听，陛下这几日南楚国使臣浩浩荡荡前来，气焰嚣张，举止跋扈，意图逼迫我大康归还通于虎牙之地，还要朝廷拨付钱粮下嫁公主。相信你也已经知道了，实在可恨至极，人神共愤。 虽然我也不知道那南楚国身为南方小国，何来底气如此嚣张？但是想必定有恃无恐。如果我没猜错，应该让陛下您也是进退两难，一筹莫展吧。不过没关系，我已经帮您解决了，您就安心的多吃点饭，睡个好觉。眼下那南楚使臣雄赳赳气昂昂的来，又灰溜溜滚蛋了。而且从此以后，通于虎牙之地永久成了大康版图。不仅如此，我还顺道靠打赌帮您把岐山之地三座城池也赢过来了。 念着念着，脸色已漆黑如锅底。皇后，接下来你再听听，都是些什么混账话！当然，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我听闻陛下如今正值壮年，春秋鼎盛，而且已经快十年没有那嫔妃了。急陛下之所急，想陛下之所想，乃是身为臣子的本分。因此，我还顺道帮陛下赢了一段好姻缘。南楚长公主朱妙语，恪恭九孝于归为，生序用光以伦辈，秉性端淑。 十功书圣，景隆帝嘴角又是一抽。嗯，他倒是把朕给他赐婚证言儿便纸上的话给活生生抄过来了。黑着脸继续念道：“最主要是，我亲眼帮您把关瞧过了。那朱妙语不但长得貌若天仙，而且身材柔美婀娜，应该好生养。而且，科物易学上有着丰厚才学与见识，堪称南楚第一才女。此番比试，他出了两道题目，还挺有水平。最重要的，还是南楚嫡长公主，身份也不低。” 如此妙人，想来陛下必定喜欢的很。当然，感谢的话陛下就不必说了，这都是身为臣民应该做的。日后要是再有他国公主、郡主之类，只要长得漂亮，我再替您多赢两个回来。一时间更是气得额头青筋都条条暴起。那朱妙语，朕都可以给人家当爹了。尽管如此，还是一声冷哼。瞧瞧，接下来果然就进入主题了。陛下，我也不知道这两件事加起来算不算功劳一件，到底是多大的功劳？ 为君分忧，为陛下尽忠，乃是我的分内之事。但是赏赐就大可不必了，赏赐已经赏得很重了。至于这两件功劳，我左右思量，就想着跟陛下商量商量，能不能换一个告老还乡的诏令。陛下有所不知，虽然我无时无刻做梦都在想着有朝一日能入朝为官，为陛下尽一份忠心，然而实在自感年事已高，身体也每况愈下，这段时间又清瘦了许多，我便寻名医，介云，我这身体。 应当静养调理，万万不能操劳过度。因此，太子伴读一职实在力不从心，还望陛下能看在我一片忠心以及此次为陛下赢得一美人的份上，准许我告老还乡，从此颐养天年。臣自当感激涕零。总算念完了，可刹那间，景龙帝更是已气得快要吐血，满腔悲愤下那叫一个滔天震怒，狠狠一巴掌拍在面前桌案上，身子都颤抖不已。你听听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 乱臣贼子，简直乱臣贼子啊！要不是瞧见他此次为朝廷立下如此奇功，朕今日就非得去林州城亲手剁了那混账的脑袋喂狗。别人做梦都想着加官进爵，他倒好，还真琢磨着用功劳换辞官的诏令。犟驴，简直油盐不进的一头犟驴。他是要把朕活生生气死啊？还美其名曰身体应该静养，是每天喝着小酒啃着卤肘子，躺在院子里晒太阳静养吗？ 大康的官职，在他眼里就那么如洪水猛兽般可怕吗？这也就罢了，还好意思舔着张脸，说什么日后要是再有他国公主、郡主之类，还帮朕多赢两个？那狗东西还真把朕当做沉迷酒色、无心正事的昏君了？才十九岁就想着颐养天年，那朕是不是该早点去皇陵里躺着了？漆黑着脸，双眼喷着火，情绪更加激动起来。他不是不想入朝为官吗？成天满脑子就想着搞钱吗？ 朕就再把他往前逼一逼，还有那南楚长公主，朕意已决。等到南楚宋清的仪仗来了，到时候朕就直接一道赐婚旨意，让送亲队伍直接往那狗东西府上送，谁挣来的谁笑话。那南楚长公主身段婀娜，好生养，她就去跟人家多生几个儿子吧。又一巴掌拍在桌案上，简直混账东西。而陈皇后却早已是满面欲哭无泪，脸颊涨得通红。十月十八。 一嫁娶、祭祀、开光、祈福、求嗣，大吉！兰平县侯王修，昔日林州大街上，一人之力应战南楚二十多名饱学之士，身着如山，手持折扇，宛若天神下凡，最终大获全胜，自然早已轰动全城，人尽皆知。大街小巷中，上到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妪，下到三四岁的稚嫩孩童，谁不是津津乐道、口口相传？各种离奇古怪的版本更是层出不穷。 诸如那王修，根本是天上玉帝座前的一根灯芯。奈何有一天，玉帝跟王母两口子吵架拌嘴，不小心打翻了油灯，灯芯遗落在了凡间。诸如那王修，当年出生之时，突然乌云密布，狂风骤雨，一道金色霞光从天而降，直接落在了王家的屋顶，实则文曲星下凡转世之兆。然而持续没几天，那兰平县侯王修的大婚之喜，自然更瞬间成为了百姓争相议论的话题。按照大康的习俗，迎亲与婚典都是在下午与晚上举行。 然而这一天才刚过晌午，临州城内迎亲必经的大街两侧早已水泄不通，围满了百姓。毕竟这王侯也将同时迎娶两位美娇娘，终究是难得一见的盛世与美谈。况且那太守千金还是天子赐婚，人头攒动下，一边使劲朝远处张望着，一边七嘴八舌议论个不停：“大丈夫当如是，大丈夫当如是啊！是啊，是啊，那王侯爷实在羡煞我等读书人也。” 谁说不是呢？当初中秋诗会，他还来问过在下买不买诗。哎，悔不当初啊！要是当时一咬牙砸锅卖铁买上几首，说不定今日迎娶太守千金的便是不才在下了。做你的黄粱美梦吧！听那王侯爷昔日邻居周老汉说，他当年出生时西方天上有金光闪现，宛若佛陀金香。你出生的时候天上出了几朵乌云？还有什么？你刘兄，你这人说话怎推字难听？ 哎，小弟自认也饱读诗书，长得也十分好看，可何时才能有王侯爷这般荣光啊？当然，其中也不少穿的花红柳绿的年轻女子，一个个更是扼腕顿足不已。哎，想当初，本姑娘天天陪他爬树掏鸟窝，还早就郎情妾意，他还曾答应过我一定要娶我过门。可今日，那负心汉实在伤透我心。张燕，你一天不吹牛会死啊？七月十五那晚，本小姐陪他赏月饮酒。 他亲手为我写下那首《花间一壶酒》的时候，怎未提起过你？哇呜、哦！那天他与南楚使团比试，亏得本小姐给他呐喊助威，嗓子都喊嘶了。他明明还朝我笑了，好迷人的那种。我还以为他对我也有意呢，可谁知我再也不想见他了。然而这时，却听得大街远处一片此起彼伏的叫喊声，紧跟着便只见远端正浩浩荡荡行来一支迎亲的队伍，堂堂当朝侯爷。 同时迎娶林州富商苏家大小姐与太守千金，自然无比隆重，足足一百五六十人之多，屏风布帐开道，雄赳赳气昂昂，好不喜庆。队伍中央两座打造的华丽无比的花轿，四周护着好几十个丫鬟婆子。正前方，只见那王修少年郎身穿那大红喜服，胸前系着大红花，骑着一匹同样头挂红布的高头大马，竟是龙眉凤目，何等意气风华！只奈何，明显根本不会骑马。 一左一右还跟着两个青山小帽的仆从扶着，倒多少显得有点滑稽狼狈。于是请客，大街上更热闹起来，起哄声、呐喊声、尖叫声响成一片。喧闹嘈杂下，不少人开始使劲往前涌，只为更近距离一睹这位封侯拜官、昔日更一场豪赌大败南楚学子、风头正盛的当朝侯爷的风采。倒是不少儒生士子夹杂在人群中，一边摇着折扇，一边酸溜溜说些“他就是运气好而已”。 有朝一日无意如此之类的话，当然还有不少油腻大汉或者些脸皮厚的妇人扯开嗓门喊些打趣的话：“王相公，你这身子有点瘦啊。”“王相公，今晚是进苏小姐的房呢，还是进郑小娘子的房？”引得一片哄堂大笑声。而此时，王修骑在高头大马上，却何尝不是印堂漆黑，心情郁闷的想哭。说实话，还真小瞧了这大康朝婚典的繁琐。 从早上天不亮就在府上老管家、好一大群丫鬟婆子的张罗下，各种仪式、各种规矩，折腾到现在，累得他快吐血。这统统也就罢了，更要命的，做一个从小便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三观齐正的社会五好青年，从来都是对这种古代封建腐朽,朽的三妻四妾现象深恶痛绝，到现在都还想不明白。来了这大康朝才四个多月时间，只想着把苏家的婚事退掉，守着那便宜死鬼老爹留下的宅子，再做点小生意。 悠哉悠哉，混吃等死。可好端端的，怎么就活成了现在这副自己最讨厌的样子？同时娶两个媳妇，这换谁能受得了？可此时不知为何，足足四个多月了，心中却突然第一次想起了前世时那个让他恨得咬牙切齿的臭婆娘。虽出身农村，但作为国内顶尖的九八五理工科高材生，他王老爷可是一毕业便进了一家上市企业做技术主管，月薪两万多，还各种福利奖金的那种，自然是好不得意。 只需奋斗十来年，便可在城里买房买车了。可谁知，怎就莫名其妙招惹到了那个外号“灭绝师太”的臭婆娘？虽长得要脸蛋有脸蛋，要身材有身材，还是汉语言文学的研究生，可脾气秉性实在，一想起就让他火冒三丈。在公司，那是各种横眉冷眼，比如一份再简单不过的技术图纸，都得让他王老爷改了一遍又一遍才罢休。明明不属于他的工作职责，也非得拽着他陪着他一起加班到深夜才肯罢休。 就连周末节假日也不放过，常常是大清早比闹钟还准时就跑来敲门了。各种手段层出不穷，要么是逼着他王老爷陪着去逛街买一大堆衣服化妆品，充当免费凝包工，累得他苦哈哈的；每次选上一件衣服，试穿后还好意思在他面前转上两圈，问他好不好看，好看个狗屁！要么明明难得可以睡个懒觉，却非得逼着他陪他去跑步锻炼，可没办法 谁叫人家不仅是公司总经理，还是董事长的宝贝闺女啊？官大一级压死人啊！况且还大了好几级，就业大环境不好，如果辞了这份工作，恐怕人生就不容易起飞了，惹不起啊！可直到有一天，他王老爷到现在都还记得，那是突然接到了家中的电话，说是老家舅娘给他物色了一个相亲对象，让他务必回老家去见一面。实在拗不过，自然便请假回了乡下老家。说实话，不但家中叔伯舅娘。 包括他王老爷对那相亲的小妹儿还是挺满意的，虽长得不算貌若天仙、沉鱼落雁，可也亭亭玉立，看着文文静静。更难得的，两人不但是同乡，而且那妹儿也同样是名牌大学毕业，还刚考进了与他王老爷同一个城市一家还挺有名的国企。虽工资不算太高，但胜在稳定有编制，实在是门当户对，再般配不过。好歹也是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虽不至于立马就谈婚论嫁确定关系。 但至少决定试着交往一段时间，可谁知道，就第二天，那可恶的臭婆娘居然也不知道哪根神经不对了，开着他那辆保时捷，两百多公里，直接就杀到他老家来了。仗着自己是公司总经理，将他王老爷那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说什么公司新品上市正是最关键的时候，他身为技术主管，怎能在这么重要的时刻请假相亲？又说他对工作极其不负责任，导致现在技术部的工作都已经处于瘫痪状态。 泥菩萨尚且还三分火气，况且还是酒精压迫，更何况那段时间公司有个鸡毛新品上市啊！而且他请假之前可是早将工作安排的妥妥的。于是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天雷勾动地火，跟那恶婆娘大吵了一架，那是从未有过的酣畅淋漓啊！随即一张辞职报告丢在他面前，大呼一声：“老子不伺候了，痛快啊！”当即大手一挥，决定马上跟他回公司办离职手续。还真别说。 一下子就狠狠杀了杀那恶婆娘的嚣张气焰。回城的路上，那婆娘只是安静开着车，一句话不说了。可谁知道，还没到县城上高速，悬崖峭壁的盘山公路上突然遇上暴雨后的泥石流，一块巨大石头就那么从山顶斜坡直接冲了过来，不歪不斜，撞在那辆保时捷上。坠下悬崖的那一刻，如遭雷击，惊慌失措至极。不知为何，他似乎隐约看见那可恨的恶婆娘在驾驶位挣扎着，想要冲过来护着他。 似乎又隐约看见他哭了，满脸都是泪水；似乎又隐约听见他对他说了三个字，好像是对不起，又好像不是。可当他再睁开眼，却已经到了这大康王朝。唉，也不知道那婆娘有没有侥幸活下来。如果活下来了的话，在那个他再也回不去的世界，他应该也早已经把他忘了吧？或许又找到了一个可以任他呼来喝去、随意欺负的人了吧？迎亲队伍依然缓缓前行。 大街两侧围观的百姓依然喊声一片，热闹非凡。可不知为何，竟让他王侯爷心中有些烦闷。不到片刻功夫，队伍便率先到了苏府门外。本来按照惯例或仪式，苏家会有一些宗亲的未出嫁的女子守在苏婉清的闺房，甚至院门外，或者拦门酒，或者故意出些难题，折腾一下迎亲之人，闹腾一番，不把他王老爷折腾的满头大汗，是很难将新娘子背上花轿的。可没想到。 尽管府上装饰的喜庆洋洋，可苏家的人却似乎兴致都不高。只有当花轿到达苏婉晴位于宅子后侧那座独立小院门外时，才有喜婆上来，按照女子出阁的流程说上一些吉利的话。唯独苏万里舔着滚圆的大肚皮站在院子门口，更是一副愁眉苦脸，如死了亲爹的德行。岳母李芳华更是拽着一根手帕，哭的那叫一个肝肠寸断，死去活来，一边抽泣还不忘使劲朝苏万里捶上两拳。苏万里，你个傻才！ 瞧你找的好女婿，你让咱闺女以后可怎么活哦？我的女儿怎么就这么命苦哦？那郑言儿不但与咱女儿一样是平妻身份，而且还更是官家小姐，咱闺女以后是要受欺负的呀！一时间直看得他王老爷印堂漆黑如锅底，不过倒也能理解，好端端一个又憨又没文化还穷的卖屁股，日后注定只能老实巴交守着自己女儿相妻轿子，为苏家生一大堆大胖小子的绝佳上门女婿，现在摇身一变又封了侯。 又拜了官，还得了皇帝赐婚，还连生意都做得比苏家还大了，就连赘婿的文书都改做了迎娶，这换谁能受得了？倒是那妾室所生的小舅子苏文，一看见他王老爷到来，瞬间只如被踩着尾巴的猫，嗖的一声便窜了起来，破口大骂：“姐夫，你这粗鄙之人，别以为你封侯拜官就了不起，以后你要是敢事事都向着那太守千金，而敢冷落了我姐，我苏文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你要敢对我姐不好！” 我跟你拼命！然而屁股挨了一脚之后，一下子就消停了。没有了蓝门这些刁难，王老爷倒也乐得轻松，径直便在迎亲随行而来几个丫鬟婆子的簇拥下，上了阁楼，去了闺房。又是一番礼仪流程，才终于将早已穿好大红礼服、盖好盖头的苏婉晴背着下楼上了花轿，拍了拍屁股，便浩浩荡荡离开。尽管证明里属于京官外调，才人了这林州太守，在林州城并无房宅。 可为了方便，自然将郑言儿的出阁典礼定在了府衙官舍。然而，又因为郑明礼灵机之下与兵部尚书钱正调动了京畿大营、林州驻营的几千将士去了南楚签署正式国书，并且换防驻营岐山之地。这位林州太守只能错过女儿的出阁之礼，倒是一大遗憾。可尽管如此，郑家从京城老宅赶来，作为娘家人的亲朋与兄弟姐妹倒是不少。毕竟，堂堂太守千金，总不能孤苦伶仃的出嫁。 郑家岳母郑王氏，她王老爷还是第一次见，与李芳华年龄相仿，虽算不得美貌，却贵在气质端庄。而且与李芳华截然不同的，的一看见迎亲队伍到来，却是一个箭步便冲到跟前，上下打量着这女婿，那叫一个喜笑颜开。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啧啧，不错不错，果然一表人才，果真是个俊朗的小哥儿。明里这次是给妍儿那丫头挑了个好夫婿啊！一家欢喜一家忧，可这画面。 怎总让王老爷似曾相识？而更让他几分诧异的，却是拥堵在小院大门外，除了府衙内一些官员、女眷，以及郑家赶来的众多叔伯兄弟姐妹，站在最前方的，却是一个身穿红色官袍、年近五十的中年男子。官服极为正式，虽然他王修也懂得不多，但看制式以及胸前绣的图案，如果没猜错，在朝中恐怕品阶极高。身材清瘦，须发花白，几分威严，可又总给人一种老谋深算的味道。 眼见他王侯爷到来，倒是迅速堆起一脸和善笑容，走上前来。这位便是兰平县侯王修，王相公。本官礼部尚书唐明，此番奉朝廷之命前来恭贺王侯爷新婚大喜。王修顿时心中一凛，虽然对朝廷礼制不甚了解，可自己区区一县侯，哪怕是有皇帝赐婚，可也还不至于让堂堂礼部尚书亲自前来道贺吧？然而唐明只是呵呵一笑：“王公子多心了。”继夕颜提炼技术之后。 王公子为朝廷再次立下盖世奇功，扬我大康国威。如今王公子成婚大典，我这个礼部尚书跑一趟，代表朝廷前来道贺，自然是应该的。另外，本官与你那岳父郑明礼郑大人本就私交不浅，而眼下郑公与兵部一众官员去了南楚，我这个做伯父的也算是娘家人，于情于理，自然得先来这边看看。当然，本官稍后定然会去贵府讨杯喜酒喝，还望王公子莫要嫌本官叨扰才是。可没想到。 不等他说点什么，这唐明却又一把将他拉到一边，一脸神秘莫测，压低声音：“当然还有些话。要换做别人，本官自是不会多言。但王公子不一样，虽然初次相见，但本官对王公子却是倍感亲切投缘，因此才多说两句。”面色说不出的古怪，只搞得他王老爷满头雾水。唐明才又小声道：“王公子初为朝廷新贵，又一鸣惊人，即将上任太子伴读，很多事你还不懂。” 就比如你这月丈证明里，尽管他与本官也算有些交情，可本官跟你说，他这人别看表面上刚正不阿，可实则一肚子心眼，常爱在背后做些小动作。当然，本官倒不是嚼舌根子，言你这月丈品行不正，而只是感慨正宫这人有时候蔫坏蔫坏的。比如陛下此次次，却又赶紧住嘴，一拍他肩膀。但是本官不一样，本官向来为人正直，从不背后搞小动作。因此，王公子年后进京为官。 空闲时候，大可以来我府上喝喝茶。两家以后多走动走动，亲近亲近嘛。我那瘸子与小女对王公子的才名也是仰慕的很，你们年轻人也可多交流交流。请客，王修嘴角猛地一抽，歪着脑袋使劲打量着老头，脸色漆黑。卧槽，老子瞧着你这礼部尚书，才是一肚子坏水，蔫坏蔫坏的吧？又一系列繁文缛节，着实将人累得够呛，才总算将郑言儿背上花轿。 迎亲队伍浩浩荡荡，回到府上已是傍晚时分。府上老爷不仅已贵为当朝侯爷，更要同时迎娶两位主母，自然是无比隆重的大事。因此，在府上老管家的操持下，不但整个宅子早已是张灯结彩，就连府外大街上也到处都挂着喜庆的装饰。前来道贺的客人更是络绎不绝，人满为患。除了以前乌鸡巷的一众邻居、王家一些宗亲以及林州府的一些商贾或士绅，更多的却是州府包括下属县衙的一众官员。 七八十桌酒席都直接摆到了前院，又是一大堆繁琐的仪式，诸多之前听都没听说过的规矩流程，诸如跨木马鞍、跨火盆，足足半个多时辰，大婚典礼才总算结束。婚宴的酒席足足折腾到深夜，宾客才渐渐散去。直到这时，王修才总算长长松一口气。可尽管如此，因为在王家宗亲长辈的带领下，挨着挨着敬酒。诚然，他王老爷自认酒量还可以，可被纠缠折腾大半天下来。 也是醉的脑袋昏沉沉，走路都东倒西歪。因为同时迎娶两位夫人，后院自然设了两间洞房。沉思良久，却还是咬了咬牙，拖着疲惫的身子，径直便朝苏婉晴的房间走去。而当王修推开房门进去，便只见布置一新的洞房内，红烛高燃，苏婉晴正身着大红喜服，头顶盖头，端坐在那张铺着大红喜被的大床前，旁边侍立着一个喜婆，领着两个手持托盘的俊俏丫鬟。 那喜婆自然是对这些流程极为熟练，一番礼仪与吉利话过后，饮过合卺酒，便领着那两个丫鬟退了出去。于是很快，洞房内便只剩下两人。虽然自从来了这大康王朝，他王老爷可是做梦都想着退掉与苏家这桩婚约，也搞不明白怎么稀里糊涂就到了眼下这地步。可说实话，这段时间每每想起这女人，心中就总是一阵暖意，从未有过的踏实。只唯独眼下这么快。 这傻女人变成了她拜了堂的夫人，倒让她感觉有点像做梦。去过旁边托盘早已摆放好的玉如意，轻轻挑开大红盖头，却更一下子呆住了。只见映入眼帘，好一个风姿卓绝的美人，眉如翠竹，肌如白雪，偏若青云出岫，双目犹如一泓清泉，温润的潭口更如樱桃般诱人。搭配着头顶的喜冠以及那身华贵喜服，烛光下是那般光彩照人，美艳不可方物。温婉娴静下，几分端庄。 尽管早已不是第一次见识这个女人的卓绝风姿，却也是彻底看得痴了，心脏都扑腾扑腾跳得厉害，小腹一阵燥热。而此时，苏婉晴也正盈盈望着他，眉目眼波流转，嘴角上扬，带着几分甜蜜笑意。看着他那副痴痴傻,傻傻的模样，竟是扑哧一声，笑靥如花下，脸蛋更瞬间一片醉人的红晕，被齿轻启，音若蚊虫：“夫君。”随即竟是再说不下去了，只是将脸蛋瞥向一边，再不敢与他对视。 娇艳的脸蛋绯红的如熟透的苹果，耳根都滚烫的厉害。刹那间，纵然他王老爷乃是千年钢铁直男修炼成精，却哪还有丝毫迟疑？二话不说，便一把搂住他那柔软的小蛮腰，将他那凹凸有致的娇躯紧紧搂在怀里，只丢下一句：“夫人，为夫为你宽衣。”厚实的嘴唇照着他那樱桃般诱人的檀口，狠狠便啃了上去。嘴巴到了位，双手不用脑袋指挥，自己便知道往哪儿去。呃。 手感真好，苏婉晴娇躯微微一颤，只是近乎本能，一双莲藕般的玉臂轻轻环着他的脖子，彻底瘫倒在他怀里。然而，同样这时，一只手刚顺势解开他那系在腰间的束带，接下来的情形却让他一下子哭笑不得了。只听得怀里这女人鼻息一声轻盈，似乎突然想到什么，娇躯一颤，却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力气，竟是三两下便将他推开。尽管早已被他一顿生疏的操作折腾的衣衫凌乱。 领口一抹肌肤若隐若现，通红滚烫着脸蛋，呼吸急促，眼里都快滴出水来。可紧跟着却是嗔怪朝他一瞪眼：“清翠，你这恶人，都差点误了正事。”王修有点懵，却见苏婉晴又一声娇嗔：“你倒是春风得意，可难道忘了妍儿妹妹还在洞房内等着？作为女子，大婚之典一辈子就一次，如果新婚之夜夫君连洞房的门都没进过，你让妍儿妹妹得多伤心？而且还有合卺酒和挑盖头。” 如果缺了这两样，流程是不吉利的。王修嘴角一抽，印堂有点黑。然而苏婉晴却又是杨怒一瞪眼，一只小手狠狠掐在他腰间软肉上，似乎几分醋意。你这花心大萝卜，小事上总是丢三落四，得让妾身替你多想着。虽是陛下赐婚，可妍儿妹妹好歹也是官家小姐，既长得娇美动人，又博学多才、知书达理，嫁与夫君也属实上等良配。夫君日后万不可冷落了妍儿妹妹，让她受了委屈。 况且夫君同时迎娶两位夫人，妾身作为姐姐也自当多为妹妹考虑。妾身可不想作为府上大夫人，新婚之夜便独留着夫君，落得一个恶妇妒妇的名声。紧跟着，却径直从他怀里站起来，拽着他便往房门外走去。你这呆子，还愣在这作甚？还不快去！今晚就留在妍儿妹妹房里，多陪陪她。只是眼见他王老爷依然一副哭丧脸的德行，却又由自好笑，扑哧一声，踮起脚尖。 吧唧一口，蜻蜓点水吻在他腮帮上。清脆，行了，瞧你这德行，夫君心中有我，妾身便已知足了。却又脸蛋一红，抚在他耳边，音若蚊虫，要不，要不明晚，夫君来妾身屋里，妾身，妾身。只是说着说着，却再说不下去了，耳根滚烫，娇羞无限，都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直看得他王老爷更是口干舌燥，浑身燥热，可最终也只得将他轻轻搂在怀里。 好好联系一番，这才转身走出房间。哎，这都叫什么事啊？心里准备都做好了，爬山爬到一半，却半道被撵了下来，实在不是滋味。可心中何尝不是万千感慨？这傻婆娘！而当他推开正妍的房门进去，只见里面光景倒是与刚才大同小异。红烛高燃下，那个娇小可人的女子正身着大红喜服，顶着盖头，端坐在床前。只是听她进来，似乎明显有些紧张。 娇躯一颤，那葱缎般的小手紧紧拽着喜服的裙边，指节都有些发白。倒是喜婆与两个伺候在侧的丫鬟，明显早等的有点瞌睡了。又一番仪式与吉利话，饮过合卺酒之后，便匆匆领着两个丫鬟退了出去。只是这个喜婆明显有些不正经，临走之时还说不出意味深长，丢下一句：“侯爷也别太劳累了，身体要紧。”把他王老爷气的，心肝尖尖都在颤。而当他轻轻挑开那大红盖头，却更有些吃了。 只见此时火红烛光下，这小妞略施淡妆，圆圆的鹅蛋脸，清皱的小摇鼻，眼波盈盈，顾盼嫣然，却哪还有昔日苏府寿宴相见时那几分刁钻俏皮的味道？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凝视着他，明显早已紧张的不行，娇躯紧绷,绷着，长长的睫毛不停颤抖。可此时，尽管这小妞那副娇柔可人而又明媚楚楚的模样更让他心神恍惚，可心中却更叫苦不迭。说实话，直到现在，他都还没想明白。 眼前这个小妞怎就成了自己的媳妇？日后还得生儿育女，晚上搂着睡觉那种。尽管皇帝赐婚，点兵点将总得挑一个。眼前这小妞好歹还见过两次面，总比起直接赐婚一个素未蒙面的公主郡主要好点。可说到底，终究与苏婉晴不一样。与那个婆娘之间虽也诸多波折，可冥冥之中似乎一切都是天意，水到渠成。可眼前这小妞怎么搞？洞房花烛夜，今晚还只能一个被窝里睡觉。 大爷的，好尴尬的好吧？房间里安静的出奇，唯独能听见的只有郑妍那砰砰的心跳声。纵然他王老爷万众瞩目下只身应战南楚二十多名饱学之士，可游刃有余。可此时这场面却属实有点不知所措了。该死的知识盲区啊！却也只得一咬牙，故作镇定，屁股一甩，紧挨着这小妞坐下，望着她那娇艳无比的脸蛋。可半晌，才讪讪憋出一句：“妍儿小姐。” 随即倒是迅速反应过来，慌忙改口：“可夫人。”然而不知是酒劲上头，还是脑袋突然犯抽，世事无常哈。你说好端端的皇帝为啥就将咱俩赐婚了呢？这事就透着玄乎啊！为夫可是打听过，一般这种赐婚都会以宗室之女甚至公主居多，可怎么就选中你了呢？我也知道这婚事，你肯定也很无奈，但是你应该多劝劝你爹，看能不能让皇帝收回旨意的。毕竟听说你爹…… 可是天子近臣说话肯定比我管用啊！搞得现在你瞧咱俩多尴尬。眼见这小妞不说话，依然只是几分紧张，又涨红着脸望着他，顿时倒是镇定了些许，一声轻叹：“算了，咱们都已经拜了堂了，提这些还有什么用？时候也不早了，咱们早点休息吧。不过你放心，若是夫人心中不愿的话，为夫自是不会做出轻薄之举。只是今晚，怕只能在夫人房里待着了。”一边说着。 着实就要脱下身上喜服，爬到床上去。然而，同样这时，接下来的情形却更让他瞬间懵了。眼见他都快要脱下衣衫，只见郑妍儿却是脸蛋唰的一下更胀得通红一片，那叫一个恼羞交加，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手忙脚乱，竟是嗖的一声窜起来，语无伦次，阵阵尖叫：“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呢？出去，快出去！今晚你去苏姐姐房间。”如同被踩着尾巴的猫，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力气。 竟是三两下就将他撵了出去，房门砰的一声关上。只是此时他王老爷也没看见的，这小妞被靠着房门，娇羞无限，下耳根都滚烫的厉害。扬了扬小拳头，这呆子胡言乱语什么呢？又是一扭腰一跺脚，呆子，难道你就看不出来本小姐早就喜欢上你了吗？我能告诉你，自从第一眼见到你这坏人，我就忍不住天天念着想着吗？我能告诉你，这次婚根本就是本小姐让爹爹去陛下面前求来的吗？ 羞死人了，好吧！捂着滚烫的脸蛋，又是一阵呢喃。正言儿那正言儿，你怎么还是这么不争气？自从赐婚便指下来后，可是无数次幻想着安静躺在这呆子怀里，和他说些提己的话的场面，该多幸福啊！可怎么事到临头，却又紧张的连话都不会说了？而此时，可怜的王老爷讪讪站在房门外，已是彻底欲哭无泪了。我操！大爷的，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破事啊！ 同时迎娶两位夫人，多少人眼里看着风光无限，可怎么偏偏洞房花烛夜竟沦落到如此地步？师身的心理准备都做好了，姿势都摆好了，可结果……可关键是现在怎么搞？因为大婚，往日的房间早就被撤空了，搞得大半夜老子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纠结了半天，也只能一跺脚向阁楼下面走去。哎，没辙，看来只能去书房将就一晚上了。然而，当他酒精越来越上头。 踉踉跄跄，亮亮呛呛刚走到院子，只见略显昏,昏暗的夜色下，院子里那颇为精致的凉亭长椅上，隐约可见孤零零一道人影。待得仔细看清，却是一下子乐了：“哟，赵侍卫！”虽然府上有规定，除了两位主母的婢女，任何护院与下人皆不许进入内院，但唯独这赵婉，因为是他王老爷的贴身侍卫，又是女儿身，自然便住在这院子一楼厢房。而让王修颇感诧异的，都已过了子时了，这小妞居然还没回房休息。 果然不愧是习武之人，这大晚上都降霜了，坐在外面也不怕冻着。想都没想，自是大步走过去，屁股一甩，便在他旁边坐下，在他身上打量两眼，脸上已是一脸调侃的贱笑。这么晚还不睡觉，莫不是想来听本老爷的房？哟，没看出来啊，赵侍卫还有这种癖好。说实话，别看这小妞在他王老爷面前随时一副苦大仇深、要将他生吞活剥的德行。可还真别说，偶尔无伤大雅的调侃两句。 看他气得咬牙切齿，就要拔剑砍人，却又偏偏拿本老爷无可奈何的样子，简直人生一大乐趣啊！只唯独此时柔和月光下，眼见着小妞依然一袭纯黑长裙，包裹着那火辣的勾人犯罪的身段，特别是胸前那无比惹眼的傲人饱满，以及领口若隐若现那一抹白皙肌肤，也不知是因为酒劲上头，还是刚才在苏婉晴的房间内本就折腾的浑身火燥燥的，搞得他王老爷顿时更口干舌燥的厉害。 可出乎意料，这小妞居然并没如往常，当场暴跳如雷，窜起来跟他拼命，或者大骂两句“无耻登徒子”。两年期满，本姑娘亲手宰了你。相反，只是娇躯微微一颤，抬头看他一眼，虽明显颇为诧异。洞房花烛夜，他王老爷不老老实实待在房里陪两位夫人，怎么跑下楼来了？可紧跟着扭头望向一边，也不知在想些什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看着似乎情绪有点低落，而且那娇艳迷人的脸蛋上一片酡红。 也不知是不是刚才婚宴酒席上喝了点酒，王修顿时脸色一板。哎哎，跟你说话呢，能不能给点反应？而且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职场上混，对领导要有足够的尊重。你这个样子，本老爷很不喜欢。信不信这个月扣你二两银子薪俸？还有《女婿女诫》两本书，能背了吗？居然还有空坐在这里发呆。眉头一皱。另外，看着挺漂亮一姑娘，武艺又这么高，怎么偏偏脑子就这么笨？这都多少天了？ 那自行车还没学会，每次出门都得本老爷驮着你，实在不像话。于是乎，只见这小妞果然有反应了，一只手已摸向腰间长剑，投过来一记杀人的目光，咬牙切齿，想死就明说，本姑娘现在就成全你。然而，却又神色恢复如初，不再搭理他。可紧跟着，却又似乎想到什么，扭头悠悠望着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鼓着腮帮，半天却因若蚊虫憋出一句：“谢谢你。” 噗！刹那间，王修差点一口口水喷出来，直愣愣望着他，硬是惊得眼珠子滚圆。哟呵，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还是哪根神经搭错线了？跟在本老爷身边这么久，从来都是一副生死仇敌的姿态，居然也会说谢谢两个字？瞬间更是一下子来了精神，脸上已是一片满足的笑容。啧啧，没看出来赵侍卫还有点良心啊！现在总算知道本老爷的一片良苦用心了。 说实话，要不是看在当初你对我有救命之恩的话，本老爷还真懒得管你。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一个姑娘家家的，脾气怎么就那么冲动暴躁，一言不合就要拔剑砍人？的，你这个样子是很容易惹出大祸的。靠在椅背上，二郎腿一翘，把玩着腰间羊脂玉吊坠，瞧瞧现在这样多好。一边给本老爷做侍卫，工作又体面，薪俸又高，还能一边读读书、学学女工之类。等到两年期满。 再将这成天只知道打打杀杀的暴脾气收敛收敛，到时候本老爷再给你寻个家境殷实的好婆家，多好，对不对？你知道的，本老爷好歹也是当朝侯爷，要给你介绍一个年少多金或者才高八斗的如意郎君，还是很容易。然而，同样这时，接下来的情形却让他瞬间彻底懵了。只见话未说完，这小妞总算又扭过头来，可出乎意料，依然并未如同往常那般，立马恼羞交加、暴跳如雷。 一副就要跟他拼命的架势，不知是因为喝了点酒，或者被他王老爷给气昏了头，身子朝他这边挪了挪，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勇气，让他连反应都来不及，微微扬起头，那娇艳欲滴的潭口，竟是狠狠便堵在了他厚实的嘴唇上。嗡！刹那间，王老爷呆若木鸡，只感觉大脑嗡嗡的响，时间似乎静止，画面彻底定格。我操，这特么什么情况、啊？半晌，倒是总算回过神来，可没想到。 不等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破口大骂两句，眼前的景象却更让他一下子吃了。只见这小妞倒是终于将他放开，似乎总算意识到刚才的举动多么羞人。绝美的脸蛋唰的一下，一片醉人的红晕，眼波盈盈，那叫一个娇羞无限，只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可偏偏似乎又几分恼羞交加，嗯、啊，狠狠瞪着他，咬牙切齿一声娇斥：“本姑娘给你说谢谢，不是因为这个。还有，姓王的，你没完了是吧？” 一天不在本姑娘面前长篇大论的念叨一遍，诚心惹本姑娘生气，你浑身不自在是吧？只奈何，却哪还有以往那副凶神恶煞的模样，竟是说不出的娇憨迷人。一时间，王修彻底吃了，莫名其妙被这婆娘啃了一口，本就大脑嗡嗡的响，再加上喝得醉醺醺的，刚才跟苏婉晴一番折腾，更搞得浑身火燎燎的。再加上此时眼前这小妞最红着一张脸，吐气若兰下。 胸前那饱满硕大，上下起伏着，近在咫尺；领口那一抹白皙诱人的肌肤若隐若现。瞬间，喉结上下鼓动着，更只感觉口干舌燥的厉害。当下已顾不得多想，上前一步，捧着这小妞的脸蛋，照着她那温润弹口便堵了上去。虽醉的步履踉跄，紧跟着二话不说，拦腰便将她搂了起来，大步朝不远处他那厢房走去。不到片刻功夫，幽静的小院子内隐约阵阵极其不和谐的声音：“臭流氓！” 你要干什么？放开本姑娘，不然我杀了你！把脏手拿开！允许你就这样抱着我，但不准乱动，否则我剁了你的狗爪子！一身武艺，这时候怎就使不出来了？以及阵阵男子的低骂声：“叫老子别乱动！你手往哪伸呢？你能不能温柔点？老子的大婚礼服花不少钱呢，别扯烂了！”野蛮、粗鲁。第二天已是日上三竿，王修才终于慢悠悠从睡梦中醒来。 可当他缓缓睁开眼睛，眼前的景象却让他瞬间懵了。自己正光着身子躺在被窝里，打量一眼四周，明显根本不是新婚的洞房。然而刚扭过头，却更彻底呆住了。只见旁边还正躺着一个女子，此刻指着一身雪白内衫，就这样紧紧蜷缩在他怀里，一双莲藕般的玉臂轻轻环着他的脖子，脑袋枕在他肩膀上，正甜甜的熟睡着。那娇艳白皙的脸蛋带着几分醉人的红晕。 呼吸均匀而又沉静，赫然正是自己那贴身侍卫赵婉。顷刻间，王修心中猛的一个激灵，哪还顾得上细细品味这美人在怀的滋味？使劲甩了甩依然昏沉沉的脑袋，倒是总算回忆起昨晚新婚之夜，明明是要睡在郑妍儿的房间的，结果谁知莫名其妙竟被那小妞给赶了出来。下了楼，正打算去书房将就一晚上，便看见身边这婆娘大半夜不睡觉坐在院子里。再然后。 或许因为酒劲，本着闲着也是闲着，调教调教这成天凶巴巴的婆娘也算一番乐趣。可谁知正义堂如何做温柔贤惠的女子课程讲的正起劲，这婆娘居然鬼使神差抱着她就一口亲上来，搞得他当场脑袋一片空白。再然后记忆就断断续续了，只隐约记得老子好像气不过，也抱着她啃了一口。毕竟堂堂府上老爷居然被一个侍卫欺负了，老子这小暴脾气哪能忍得了？再然后。 好像不知怎么莫名其妙就到了这房间里，跟着婆娘好像还打了一架，只是打着打着，自己好像身上衣衫就打没了，再醒来就变眼前这德行了。更要命的，目瞪口呆看着床前散落的两人衣衫，以及轻轻掀开被子一角，床铺上那几朵刺眼的桃花。就算用屁股想，如何再想不明白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刹那，王老爷便彻底呆住了，大脑再次一片空白。卧槽！三十二个卧槽！ 仙人板板哟，这到底都什么破事啊？昨天洞房花烛夜，两个娇滴滴的媳妇一个没碰，反倒老子的处子之身啊！更关键的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怎么搞？一时间，硬是印堂漆黑，额头冷汗都簌簌的往外掉，那叫一个悲痛欲绝，眼里都已饱含泪水。可纠结了半天，也只能一咬牙，紧绷着神经，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将怀里这小妞那白皙如莲藕的玉臂。 轻轻从自己脖子上移开，唯一的念头也只有趁着这小妞熟睡着，赶紧穿好衣服开溜。倒不是他王老爷多么不负责任，吃干抹净拔腿就跑，翻脸就不认账。相反，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他自然必须负责到底。该提亲提亲，该下聘下聘呗。毕竟这可跟前世所处的时代不一样。这大康朝女子的名节可比命还重要。相信自己，身为当朝侯爷。 在他那在隔壁州府县衙里做小捕快的老爹面前说话，应该还是好使吧？哎，稀里糊涂，老子怎么就活成了现在这混账德行哟、啊？最主要的，等到这婆娘醒来，看见两人就这么搂在一起，睡在一个被窝里，到时候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实在太尴尬了。然而就在这时，当他刚掀开被子坐起身来，接下来的情形却更让他一下子崩溃了。突如其来，只听得一声歇斯底里暴喝：“啊，登徒子，我杀了你！” 与此同时，叮的一声脆响，脖子一阵刺骨寒意，几乎与上次大街上初次见着这小妞一模一样。微微一低头，便只看见锋利的剑尖在自己眼皮底下微微颤抖。哪怕多年以后，他王老爷每次跟眼前这彪悍婆娘在被窝里打完架，累得腰酸背痛，将她轻轻搂在怀里，眼神呆滞望着房顶的时候，再回忆起此刻这一幕，也不得不承认，比起第一次被这婆娘用剑架在脖子上，心里还要慌的一批。 顷刻间，硬是吓得尿都快出来了，身子僵硬，一动不敢动。足足半炷香的功夫，眼见脖子上的长剑依然没有任何动作，才总算稍微镇定了些，缓缓转过头来，却顿时愣住了。只见这婆娘自然已经醒来，此刻跪坐在一侧，一只手抓着被褥，死死捂着胸口，让自己不至于走光；另一只手却死死握着那柄青铜长剑，架在她脖子上，俏脸铁青的发紫。 双目寒气凌人，娇躯微微颤抖着，额头点点晶莹汗珠，那叫一个恼羞交加，似乎随时都可能一个忍不住，手起刀落将他大卸八块。眼见他扭过头，瞬间更是悲愤的厉害，杀气腾腾一声暴喝：“无耻登徒子，我要宰了你！”顿时更将他王老爷吓得一激灵。可紧跟着却是索性胸脯往前一挺，只瞪着他不说话，反正不管了，就算心里慌的一批，但求饶是不可能求饶的。 房间的气氛顿时更变得无比紧张起来。然而半晌，却见这小妞似乎总算想起来点什么，娇躯又是猛的一颤，脸蛋瞬间涨得青一阵红一阵，目光瞥向一片，竟是羞得眼里都快滴出水来。道士总算将长剑缓缓移开，丢在一边。可紧跟着，那叫一个羞愤交加，傲人胸脯上下起伏的厉害，情绪彻底失控，只如一头发了狂的母豹子，再顾不得可能会走光，手忙脚乱，一个劲把她往门外推。 出去，快出去！臭流氓，你死定了！等着吧，总有一天，本姑娘定会亲手宰了你。还有，我警告你，昨晚的事，你必须忘得干干净净，当做什么也没发生，更不准记得昨晚是本姑娘先先对你那啥。反正你必须忘干净，不然我我……一时间倒是搞得他王老爷几分狼狈，可眼下功夫也只得赶紧溜之大吉。 然而，当他刚穿好衣服，正要朝外面走去，却更瞬间眼前一黑。只见不知何时，房门早已被人从外面推开，苏婉晴正俏生生站在门口，直愣愣望着这边。只见这女人自是已换下昨日大婚的喜服，而是身着一袭米黄色长裙，少了些华贵之气，可婀娜款,款款下更多了些端庄娴静。特别头顶新附髻，斜插两根珠钗，搭配那张宛若皎月的绝美脸蛋，更那般光彩照人。 明显是被厢房内的尖叫声吸引而来，就这样怔怔站在原地，一双美目悠悠望着厢房那两人。然而出人意料的，并没有如正房抓着小三那般，立马气急败坏冲进来抓头发撕衣服大吵大闹一番，也没有悲痛欲绝掩面而泣。相反，神色说不出的平静，让人看不出丝毫情绪波动。只唯独贝齿轻轻咬着下嘴唇，目光之中隐约几分说不出的复杂味道。倒是他身后那一同陪嫁过来的丫鬟兰儿。 呆若木鸡，眼珠子瞪得滚圆，却又咬牙切齿，鼓着腮帮，满面愤恨之色。画面彻底定格。于是乎，王修便彻底哭笑不得了。大爷的，这又叫什么破事啊？虽然昨晚老子根本是被莫名其妙撵出来的，可洞房花烛夜，两个娇滴滴的媳妇一个没碰，反倒跟别的女子发生了这样的事，还被逮个正着，丢死人了。偏偏一时间，他还真不知该说点什么。 而良久，只见苏婉晴神色依然平静的出奇，只是眼波幽怨看他一眼，却是扭头望向身后兰儿，被齿轻启：“事关赵姑娘的名节，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能提及。另外，去叫几个丫鬟在楼上收拾出一间厢房来，陈设被褥全部要新的。今晚开始，就让赵姑娘搬到楼上去住吧。”随即便领着兰儿转身退了出去，只留下他王老爷脸色青一阵红一阵，讪讪站在原地。 可半晌，扭头望一眼身后，早已羞得无地自容，却又依然一副杀气腾腾架势要吃人的赵婉，却也只得漆黑着脸，老老实实跟了出去。仙人板板哟，这都什么苦命哦！房门再次关上，而直到这时，景阳公主赵婉才总算从一片呆滞中清醒过来，一声尖叫：“啊！本公主不活了！”那娇艳欲滴的脸蛋更瞬间涨红的如熟透的苹果，耳根都一片滚烫，将脑袋死死埋在被窝里。 只传来阵阵含糊不清的娇骂：“赵婉啊，赵婉，你昨晚都干了什么？你居然明明早就发过誓，两年期满定要将那无耻恶贼大卸八块、流放抄家的。可为何这段时间他每次长篇大论没完没了，还故意调侃招惹本公主生气？偏偏还觉得他其实也没那么讨厌。明明知道他与南楚使团比试根本只是为了辞掉官职，不是因为本公主要去南楚和亲。可为何还是对他感动的一塌糊涂？” 明明恨死那恶贼了，可为何昨日看他大婚，同时迎娶两个夫人，本公主心里却总空落落的，只饮了两盏酒便醉了。明明一身武艺，轻而易举便可剁了那臭流氓的脑袋喂狗，可为何昨晚他搂着本公主，一双狗爪子欺负人的时候，却偏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为何都被他那样欺负了，可被他搂在怀里，看他沉沉睡去，心里还感觉特别喜欢？没脸见人了，没脸见人了。他会不会觉得本公主就是个轻浮随便的女子？ 可紧跟着又猛地从被窝里抬起头来，顾不得依然只身着内衫，宽松的领口内白皙的肌肤若隐若现，通红着脸，又一阵悲愤交加，咬牙切齿。不行，本公主意志必须坚定，有朝一日还是非得宰了他不可。无耻恶贼，竟偷偷在厨房里安装机关陷阱，害本公主上当。当着太子哥哥与表兄的面丢尽脸面也就罢了，知道本公主喜欢吃卤肘子，还专门每次都多做些，害得本公主越来越胖了。 低头瞟一眼胸前那傲人的饱满，牙齿咬得咯咯直响。看嘛，才一夜之间，好像又胖了些许。还有，昨晚虽是本公主一冲动，羞死人了，可她也不能不能那样，臭不要脸，气死本公主了。骂着骂着，声音却弱了许多。对了，万一他缠着本公主，非得登门提亲怎么办？当时就信口胡编了个身份，可现在乃去找一个在隔壁州府下属县衙做小捕快的爹？还有。 他可是最不惜与皇室的人沾上关系的，哪怕与太子哥哥相交，也只谈兄弟情谊，闭口不谈朝政之事的。若是将公主身份告知于他，他会不会从此便心生恨意，不再理我了？而且他也定然便猜到，那戏言提炼之术根本出自他之手，压根是本公主告知圣上的。他必然一辈子都不会再理我了。更重要的，他已经有了朝廷赐婚，有了两位夫人，按照祖制，阿爹是断然不会同意下嫁一位公主的，否则皇室颜面扫地。 朝堂也会生出动荡，而且若阿爹知道了昨晚发生的事，欺辱皇室公主，他必定会掉脑袋的，根本毫无回旋余地。小手捂着滚烫的脸蛋，赵婉啊赵婉，现在该怎么办？本公主到底遭了什么孽，怎就彻底栽在这么一个无耻恶贼手里了？可随即却又一咬牙，算了，下次再见到他，就随便找个理由，比如他长袍颜色搭配不好看，惹本公主不喜欢，直接一剑砍了他脑袋吧，也就没了诸多烦恼。 当王修黑着脸走出赵婉的房门，却见院子里早已没了苏婉晴的踪影，让他又一阵无奈惆怅。不过倒也能理解，毕竟从今日开始，那女人变成了府上名正言顺的大夫人、主母，府上诸多事宜都得交由她来决断。老爷，老爷！然而这时，正当他还在迟疑要不要去找那婆娘说会话，便见院门外跑来一小丫鬟，眨眼便冲到他跟前，躬身盈盈一行礼：“老爷，太子殿下来了，正在前厅勘察。” 噗！刹那间，王修差点一口口水喷出来。昨晚的事乱糟糟的，本就憋着一肚子窝火，一听见这四个字，脸色更是唰的一下变得铁青，心中怒火疼的一下直冲天灵盖。大爷的，那个杀千刀的两球货，隐瞒东宫太子身份，在老子身边混吃混喝也就罢了，居然连朝廷初次封爵、皇帝可能会有赐婚那么重要的信息，硬是一个字不跟老子提。别的不说，如果当初封侯的圣旨一道。 老子便知道了，可能还有赐婚，自然便在给皇帝谢恩的折子里果断给推辞了。蝴蝶效应下，没了赐婚，昨天还会同时迎娶两个美娇娘吗？还会被苏婉晴以不愿做恶妇妒妇为由给赶到郑妍儿的房间吗？还会又被郑妍儿莫名其妙给撵出来，导致老子只能下楼去书房，然后遇见喝了酒的赵婉吗？还会有昨晚这乱七八糟一摊破事吗？那天在苏府大门外接了赐婚的便纸，他王老爷怒火冲天下。 可是第一时间便领着赵婉火急火燎往乌鸡巷那简陋小院子赶，反正不整死那坑爹玩意，不把他屎都打出来，算他王老爷白来大康走一趟。可谁知道，等他杀气腾腾赶回乌鸡巷，那杀千刀的货竟然早已领着陈进、程虎二人人去楼空了。毫无疑问，应该是那什么御前行走主事太监张景前来颁赐婚的旨意，先去了乌鸡巷。那三个狗东西提前得了消息。 竟是连随身带来的换洗衣物都没来得及收拾，拔腿就跑了。跑得挺快，应该还是连夜扛着马匹跑的。让他王老爷杀了个空。可眼下，呦呵，老子没跑去京城弄死他，他竟然还敢主动找上门来！一声暴喝，老子刀呢？当下杀气腾腾，便朝院门外走去。而当他铁青着脸到达府上专门接待贵客的前厅，却见此时那赵成赵太白果然正端坐在一张椅子上，怡然自得品着茶。 府上那老管家在一旁伺候着，毕竟当朝太子、国之储君，谁也不敢怠慢。并不见陈静与程虎那两个两球货的踪影，倒是与以往所见那副鼻青脸肿、连狗都嫌的狼狈模样截然不同。一身极为考究的丝绸华服，举手投足气度不凡，倒是好一副翩翩公子模样。看得出来，最近这段时间没被他爹吊起来抽，只唯独大冬天的还一边不时摇晃两下折扇。 翘着尾巴，四十五度角望天，实在一副欠抽德行，还不时啧啧出声，跟那老管家念叨几句：“嗯，王兄这新宅子是挺不错，比乌鸡巷那破院子强。可比起我爹在京城给他赐的那座侯府，还是差得远啊。他也不知抽空去看看。对了，王兄向来胆子小，但你身为管家，得多劝劝他。封侯了，拜官了，以后说话做事可以嚣张一些了。听说王兄昨日迎亲，他那苏家岳母。” 竟然还给王兄脸色看了，看吧，被本宫说中了吧？那苏夫人可不是个善茬，看她的眼神凶神恶煞的。当初就劝过王兄把婚事退了，要换做别人，赘婿退婚可能挨板子蹲大牢，可本宫亲自给他办，不就一句话的事？结果他非不听，生怕这辈子娶不到媳妇打光棍。这下好了，那苏夫人今天敢给他脸色，明天就敢把他儿子打着玩，后天就敢怂恿女儿侵吞他的家产。 说着说着，道士眼尖，一眼便看见了正杀气腾腾大步走进来的王修。当下折扇一收，眨眼便已冲到他跟前，搂着他肩膀，笑得无比灿烂：“哟，王兄，好久不见！王兄昨日迎娶两位美娇娘，可是堪称一段佳话，意气风华，可喜可贺！”眼见主子来了，老管家自然行了一礼，便赶紧退了出去。顿时，王修更气得快吐血：“大爷的，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哪还顾得了那许多？双眼喷着火，砂锅大的拳头已高高扬起，着实就要朝他那张无耻老脸弄过去。今天不整死这狗东西，他真当老子蹲着撒尿的！刹那间，赵太白吓得一个哆嗦，再笑不出来了，面色惨白，惊慌失措，倒是眼疾手快，一把抱住他胳膊：“王兄息怒，王兄息怒啊！”哭丧着脸，堆起几分谄媚：“我知道，因为我爹赐婚的事，王兄这段时间肯定做梦都想弄死我，但本宫实在冤枉啊！” 那段时间，你拎着铁锹，一天撵我三遍，我连踹气的功夫都没有，哪顾得上跟你说我爹可能要赐婚的事？一跺脚，最主要是你也没问啊！王修顿时更一阵气结，心肝尖尖都在颤。你还有理了是吧？然而赵太白又吞了吞口水。况且你我弟兄，辈子弟兄，不能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感情说破裂就破裂，对不对？你是有格局、有胸怀的人，对不对？ 当下眼珠子咕噜一转，一拍胸脯。不过放心，以后这种事情，本宫绝对不会对王兄半点隐瞒。急王兄之所急，想王兄之所想，是做兄弟的本分。比如王兄，你给我爹上那折子，想要用两件功劳换一封告老还乡的诏令，本宫也看了，而且还替王兄探过我爹的口风了。王兄顿时心中一紧，哪还顾得上两拳头整死这玩意？你爹怎么说？我操！那折子都呈上去十多天了。 到现在还没个回信，到底是成还是不成？倒是给句痛快话啊！搞得老子现在心里越来越慌。可没想到赵太白眼神古怪，支支吾吾半晌，才憋出一句：“不大乐观。”况且王兄，你真是我见过的难得的人才，怎么就会想到迎一个南楚长公主给我爹做嫔妃的？你最好提前有个思想准备。噗！刹那间，王修眼前一黑，差点一根头在地上。你他妈说话当放屁啊！ 什么叫不大乐观？你爹到底想干啥？你问清楚没有啊？你现在搞得老子心里更慌了。然而就在这时，不等他破口大骂两句，却听得耳边扑哧一声，紧跟着一道温婉动听的声音：“早就听闻蓝屏县后不但才华盖世，更是个有趣的妙人。今日一见，倒是令我大开眼界。”王修循声望去，却一下子愣住了。只见刚才光顾着想弄死赵太白这货了，完全没注意到前厅另一张椅子上。 还端坐着一个貌若天仙的女子，与其称为年轻女子，倒不如说是少妇御姐更为贴切。约莫二十五六的年纪，乌黑如瀑布的长发挽着这个时代已婚妇人特有的流云髻，折一袭淡黄色拖地长裙，腰系流苏，勾勒着风韵成熟的身段，却又不显丝毫赘肉。脸蛋圆润白皙，眉若青烟，杏眸流光，仅仅安静坐在那儿，便是说不出的万种风情。特别那柔软腰身，以及胸前惹眼的浑圆饱满。 更浑身都充斥着一种成熟女人特有的性感妩媚，可真正让他王老爷啧舌的，却是这个女人举手投足间浑身所散发那种端庄典雅的气质，令人不敢生出丝毫亵渎之意。正当他歪着脑袋在这女人身上上下打量着，女人也同样打量着他，眼波盈盈，嘴角几分浅笑，压根没有因为被一个初次见面的男人这样直勾勾盯着，浑身使劲看，举止多少有些冒犯无礼，而有丝毫愤怒之色。 甚至脸都没红一下，唯独葱缎般的玉手理了理长裙领口，不动声色挡住胸前一抹诱人肌肤。一时间，反倒搞得他王老爷有些吃瘪尴尬。这婆娘道行有点深，不是一般人就招惹得起的那种。半晌，也只能讪讪收回目光，扭头望向一旁赵太白。然而赵太白却是神色一阵恍惚，耸了耸肩：“这位赵兰赵娘子是本宫此番来临州城的路上，半道偶然遇上的。” 自称是京城康泰大商行的大掌柜，此番前来林州，想跟王兄谈庄生意。对了，记得之前本宫不是跟王兄提起过，那康泰大商行真正管事的其实是一个女子吗？虽然本宫与她也是初次见面，但应该就是她了。勾着她肩膀，还有，以前你不是跟本宫说过，跟康泰商行的大东家赵几相交不错吗？这应该就是那赵几的女儿了。王修神色猛地一愣，紧跟着。 扭头望向那成熟风韵女人，却是一下子乐了。原来是大侄女，本侯爷刚才还在纳闷，怎么总感觉似曾相识，现在才发现，大侄女与我那嫂夫人，竟是如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实不相瞒，我与你爹相交匪浅，还喝过两次酒，常以兄弟相称。只没想到，我那老哥看着也就四十二三岁，竟都有这么大一个女儿了。他懂事的挺早啊。如今大侄女远道而来，倒是有些怠慢了。心中戒备烟消云散。 哪还顾得上赵太白这副欠抽货？拽过一张椅子，便在那赵兰跟前坐下，仔细打量着他。啧啧，瞧瞧，果然跟赵老哥与嫂夫人长得颇为相似。对了，你爹最近还好吗？他每次来临州城，都好像行事匆匆的样子，待不到一天就走，也不知瞎忙些什么。还有，看大侄女这打扮，自是早已出阁嫁人，怎么却还留在娘家打理照顾生意，倒着实让人奇怪。怎么？难道大侄女也是招了个上门夫婿？ 噗！刹那间，站在远处的赵太白直接一口口水喷出来，嘴角一抽，脸色漆黑，眼珠子瞪得滚圆，喉咙“样样”一声呢喃：“我的个阿娘，王兄是越来越有才了。”可没想到，这赵兰也不生气，只是捂着嘴一声娇笑：“王公子倒是挺会无端占人便宜。奴家比王公子尚且还年长几岁，王公子一口一个大侄女，难道不觉别扭？因此，奴家觉得此后我与家父各论各的。” 王公子称呼奴家一声赵娘子，岂不更加合适？这称谓虽别扭了一些，却也是如今大康寻常百姓家男子对已婚妇人的常见称呼。王修有点尴尬，黑着脸不说话。然而赵兰却又是温婉一笑。至于王公子所说，奴家是招了个上门女婿，倒还真错了。难道王公子就不知这世上还有个词叫做寡妇，而且还是两任寡妇？神色几分古怪，王公子要不要听一听？不等他说话。 倒是笑得更迷人了。十九岁那年，家父便替奴家定下一门亲事，与王公子一样，倒是好一个英俊的小郎哥，才华横溢，风度翩翩，尤其写的一首好诗。只没料到，知人知面不知心，尚且还有两月大婚，他竟找了个机会，借着酒劲，企图侵占奴家的身子。奴家一个弱女子，自然害怕的要死，所以也只能让人把他抓了起来，装进麻袋里，扔进了京城的怀柔河中，任他自生自灭。 只是没想到他竟然如此薄命，那河也不深，他居然没能爬起来。一声叹息。哦，忘了说了，麻袋里还装了些石头。嘶！王修嘴角猛地一抽，印堂漆黑。然而这赵兰依然笑温婉动人，优雅款款，语气平淡。过了三年，家父便又为奴家寻摸了个夫家，身份不低，还是个朝中官家子弟，倒是已经拜了堂。然而洞房花烛夜，喝了合卺酒，揭了盖头，因为奴家身体不适。 便命他我那夫君去书房睡，可谁知他转身出了门，愤恨不平，色胆包天下，竟企图对奴家随驾的一个丫鬟行那禽兽之事，所以他又去了怀柔河。说起来，奴家这是命中克夫啊。顿了顿，却又朝他抿嘴一笑。今日见王公子，同样一表人才，更是才华盖世，倒是令奴家心生仰慕。不知有没有兴趣做奴家的第三任夫君？噗！刹那间，王修眼前一黑，差点一根头栽倒在地。 牛皮，厉害，不愧是成了婚的妇人，说话就是彪啊！调戏起老子这个纯情小男生，脸都不带红的啊。难怪这婆娘区区一介女流，能独自打理撑起那么大一家康泰商行，道恒果然不是一般的深啊！要换做别的女子，刚才老子又是使劲盯着看，又是一口一个大侄女的，怕是早就拍案而起，羞愤不已了。可这婆娘不一样啊，三言两语，反倒把老子弄得手足无措了。这绝不是一般人招惹得起的。 还做你的第三任夫君，吓死人了！老子还想多活几年，好吧？最关键，不吹牛会死啊！老子要是信了你那连篇鬼话，两任夫君都被套了麻袋，丢了怀，如何？那才是脑子被驴啃了！要真如此的话，你还能坐在这里？可一时间却只得黑着脸憋出一句：“大侄女，赵娘子果然女中豪杰。”刚听太子殿下说，赵娘子此番前来是想跟本侯爷谈生意，不知想谈什么生意？ 大爷的，那赵几看着还挺实在的，特别是他那媳妇，更是端庄贤淑。两口子怎就生出了这么彪悍一女儿？跟这种女人打交道，还是多留个心眼较好。这时，只见这赵兰总算正了正色，眼波流转，望着他，一声清脆：“王公子果然滑头的紧啊！”从刚才太子殿下介绍了王公子，明明便已猜到了奴家此番的目的，又何必多此一问呢？否则，也不至于一口一个大侄女，想要在气势上先压奴家一头。 没错，奴家此次便是想与王公子谈一谈万通商行日后所有货品独家售卖权。哦，王修面色一愣，倒并不感觉多少意外。却见赵兰又只是捂耳一笑。据家父所言，这段时间可是有不少商行的东家前来，想与王公子谈合作吧？王公子的做法就挺有意思，虽最终都拒绝了，可又从未明确表示不会与任何商行合作。如果没猜错，王公子只是在等一个更合适的合作对象主动登门吧？ 王修没说话，只半眯着眼睛看着他。赵兰微微欠了欠身，声音依然说不出动听。况且王公子那花露水面膜膏虽自是极好的货品，可因为售价太高，自不是一般寻常人家能买得起的。仅仅三千张贵宾黑卡就已经在林州府以及下属各县趋于饱满，而眼下王公子又在紧锣密鼓的扩大规模，又是建自己的鲜花种植基地，又是与农户签鲜花定向收购契书的。奴家的预测。 待到明年，仅仅那花露水、面膜膏，每月便能生产一万套。更何况，据我所知，万通商行下个月还将推出新品，什么肥皂、香皂之类。尽管奴家也不知是什么东西，但想必也定是能大卖的好货品。与他目光对视，又是温婉笑笑。因此，目前王公子最急需要的，便是拓展售卖渠道。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可一套完善健全的售卖渠道，甚至包括货品运送，才能让王公子的货品卖往大江南北。 而这恰恰万通商行最欠缺的。王修依然不说话，神色玩味。短暂沉默，赵兰才有沉吟道：“当然，王公子可能要说，万通商行完全可以建自己的售卖渠道，或者与你那岳父苏家合作，毕竟是姻亲，也信得过。但是，相信王公子自己也清楚，万通商行除了林州府，在京城，在其他州府根本毫无根基。要迅速建立起自己成熟的售卖渠道，即便花费大量人力财力，绝非一朝一夕能做到。” 反倒不如将重心全部放在研发新货品与扩大生产规模上来得更划算。而苏家虽说也算临州府数一数二的富商，可主要的产业终究还是胭脂水粉与布匹之类，在邻近的州府自产自销，远远达不到王公子的要求。王修倒是找了个舒坦姿势，翘着二郎腿，怡然自得把玩着腰间那块羊脂玉吊坠。可此时心中何尝不是翻江倒海、惊骇的厉害？卧槽，尽管早有心理准备。 可还真有点小瞧了眼前这婆娘，果然是能独自撑起那么大一家康泰商行的女强人啊，很有几把刷子、啊。无疑，来之前就已经做足了功课啊，倒是将老子的万通商行目前的境况针针见血分析了个头头是道。顿了顿，只见赵兰风情万种之下已是巧笑嫣然，所以很明显，我们康泰大商行才是最合适的选择。奴家知道，其实王公子早对康泰商行做了些调查。 否则，也不至于上次家父与娘亲前来时，酒桌之上屡屡提及万通商行目前最要紧的是研发新品与扩大生产规模。奈何家父与娘亲实则很少管理家中生意，心思也不在生意上。随即，倒是话锋一转，当然，在商言商，奴家既然主动登门谈着独家售卖权，自然也得拿出足够的诚意。我们康泰商行旗下虽都是些诸如瓷器、布匹或者粮食、马车行之类的生意，比不得王公子那般日进斗金，但是。 胜在我们不但在北方各州府都有完善的店铺与忠实主顾，而且陆路、水路都有成熟的运送渠道。最重要的，康泰商行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更是往北方庆国售卖瓷器与丝绸。庆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可不是寻常商贾就能吃得下的。所以，如果王公子选择与奴家合作，或许明年那庆国女皇帝都能撒上王公子的花露水，敷上王公子的面膜膏。只说着说着，语气已经几分坚定。不仅如此，如果咱们合作， 我们康泰商行还将全面收拢如今所有的生意，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渠道都将全力为万通商行的货品服务，包括各州府的诸多店铺都将改成万通商行货品专营店。当然，林州府的市场，奴家不沾手。奴家唯一的要求，除林州府以外，万通商行以后所有货品由我们康泰商行独家售卖。所有货品的定价权可以由王公子做主，但是我们抽走一成的售卖额。当然。 奴家也会定期亲自前来林州府，当面与王公子核实售卖账册，商讨售卖策略。刹那间，王修也彻底懵了，直愣愣望着这婆娘，硬是眼珠子瞪得滚圆。大爷的，这婆娘不简单啊！提出的条件，那是字字戳中老子心坎啊！搞得老子本来准备了一大堆谈条件的话术，硬是一句没说出来啊！据他王老爷所了解，那康泰商行哪怕在京城，也是数一数二财力雄厚的大商行。 一年纯利润都能达到七八十万两之多，可眼下这婆娘仅仅为了拿到老子万通商行的独家售卖权，甚至不惜自断手脚，抛下以往那些挣钱的生意。仅仅这份魄力，这大康朝怕是难找出能与之比拟的呀。说白了，那从此就是把整个商行的命运彻底交到了他王老爷手中啊。两家牢牢捆绑,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且很明显，这婆娘也深知要从老子手上拿到独家售卖权。 仅仅靠老子跟他爹那点酒肉关系是远远不够的，是真舍得下血本啊！关键这样的合作条件实在让人不得不心动啊！只是这个女人以后还会经常打交道，得多留点心眼才是。然而这时，却见这赵兰又只是抿嘴一笑。当然，王公子也不必觉得诧异。虽说货品是核心，但售卖权也堪称命脉。王公子这般谨慎之人，如果奴家不主动提出砍掉康泰商行以往的生意， 所有渠道全力为万通商行的货品服务，纵然奴家说破天，王公子也断然不会答应。况且，仅仅那花露水、面膜膏，如果到明年每月奴家能拿到一万套的货品，按一百两银子一套的售价来算，我们康泰商行一个月便可抽成十万两，扣除各种成本，已不比商行眼下每月的利润低多少了。亏本的买卖谁也不会做，说到底，这才是双赢的合作。当然，既然是合作，王公子能不能领着奴家？ 去你那产业示范园走走，也算多些了解。前厅之内顿时陷入安静，赵兰也再没说话，依然只是满面浅浅笑意，眼波盈盈望着王修。时间流逝不知多久，王修才只是一声轻叹：“既然赵娘子都已拿出这样的诚意了，本侯爷要是再谈条件，倒显得落了下乘。既然日后我们两家都已牢牢捆绑在一起了，去我那产业示范园看看，自然是应该的。”做了个请的手势，便首当其冲朝外面走去。而此刻。 眼见前厅再无他人，一直木头桩子般住在远处的赵太白，却再忍不住了，一个箭步已冲到那赵兰跟前，吞了吞口水，压低声音：“姐，路上不都跟你说了吗？我这兄弟胆小得很，你好歹也是当朝长公主，为何要拿你那两个未婚夫君被陈和的事来吓唬他？”吞了吞口水，老脸一红。还有，虽然阿爹当年是曾两次为你指婚，可你哪有跟人拜过堂，还非得输个妇人计，惹他误会？其实你有所不知，最当初。 我可是有心想撮合撮合你和我这兄弟的，当然，现在他都已娶了两位夫人了，你和他自然也就毫无可能了。可没想到赵兰却是扑哧一声，风情万种下已是一片盎然笑意。阿爹可是说过，这家伙奸猾的很，不来点手段还要多留点心眼，稍有不慎就得被他往沟里带。况且吓着他了吗？本公主瞧着未必吧。而且他胆子小吗？刚才一双眼珠子。 就死死盯着本公主身上看的时候，我瞧他胆子就大得很啊！要换做别人，本公主早掌他嘴了，却又没好气瞪他一眼。倒是你，身为储君，不知将心思放在学业上，乱点什么鸳鸯谱？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姐可是早就决定终身不嫁了。况且她也不是你姐喜欢的类型，而且还比我小着几岁。府门外，长公主赵兰自然有一辆精致华丽的马车在候着。赵太白每次与陈靖成虎前来，也都是骑马。 可当王修从大门后侧不紧不慢推出来他那辆做工粗糙还老爱掉链子的自行车，却惹得二人一阵啧舌。赵太白一个箭步冲过来，围着那自行车团团打转。王兄，这就是那什么自行车？你怕是个妖怪吧？不声不响，居然又折腾出这么个新奇玩意来？就这么两个轮子，骑在上面就可以自己跑？两眼金光直冒，不行，咱俩什么关系？你得给本宫也搞一个。对，还有东坡兄子、美兄。 以后咱兄弟去凤来楼听曲儿，就骑这玩意去。王修丢过去一记白眼，压根不想搭理他。倒是赵兰，虽同样几分错愕，却也只是俏脸含笑。早就听家父说，王公子智谋异于常人，又研究出了水泥和自行车两样新奇东西。刚进城的时候，更听得街上不少人议论，说好几次见王公子骑着一个稀奇古怪的东西，驮着一美貌女侍卫，大街上跑得飞快，气质卓绝，堪称一大奇景。亲眼目睹这自行车，也着实有趣。 话锋一转，神色玩味。对了，怎不见王公子那女侍卫？王修一怔，也只得黑着脸叹道：“这两日他偶感风寒，身子不适，本老爷便让他歇着了。”哎，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一想起昨晚的荒唐事，脑壳都大。可事关那婆娘的名节，他王老爷自还没傻到啥东西都老是往外说。随即长袍一撩，踏板一蹬，骑着那自行车一溜烟便朝前方跑去，只留下二人面面相觑。 赵太白嘴巴张得老大，羡慕的两眼通红。赵兰看着他撅着屁股，双脚使劲蹬踏板的滑稽模样，却是忍俊不禁的厉害。近半个时辰，终于到达凤鸣山下万通商行产业示范园，却见赵太白二人，一人乘马车，一人骑马，倒已提前到达，正在那大门方外等着。其实这所谓独家售卖权，在他王老爷前世所处那个时代，都是早已被那些集团企业玩烂了的东西。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才能利益最大化。 既然眼下两家已达成初步合作意向，领着赵兰这战略合作伙伴前来看看，加深一下双方了解，自是无可厚非。只唯独让他王老爷现在还心有余悸的，却是不得不承认，这个叫赵兰的婆娘属实不简单。仅仅是从此彻底放弃康泰商行旗下那些经营过年一年能带来足足七八十万两纯收益的重要产业，大刀阔斧，从此所有渠道资源全力为万通商行的货品服务。 说白了，根本就是将整个商行的兴衰存亡，孤注一掷，全压在了万通商行身上。这份魄力，放眼大康，恐怕都无几人能及。当然，背后也同样是这婆娘眼光的毒辣。接下来的时间，倒也平淡无奇，无非他王老爷亲自领着大侄女在作坊区内四处走走看看，简单介绍一番。唯独赵太白这货，明明跟他半毛钱关系没有，也非得在后面屁颠屁颠跟着。 还不时摇着折扇，四十五度角望天，品头论足一番，实在讨厌的很。倒是长公主赵兰，尽管从始至终都只是风韵卓绝、从容优雅并肩而行，圆润白皙的脸蛋上满是温婉笑意，可此时尽管也早已从皇帝皇后口中有了大致了解，心中却又何尝不是万千涟漪、错愕诧异的厉害？用高高围墙圈起来，这巨大的产业示范园内布局严谨下，下一条条用水泥铺的极为平整的道路。 一栋栋同样水泥建造的崭新作坊与楼舍，还有随处可见那一张张写着“什么酒后不上工，上工不喝酒，大干一百天，过个幸福年”的横幅。纵然她身为皇室公主，又独自掌管偌大的康泰商行多年，又何曾见过这般新奇的景象？而更令他几分啧啧称奇，却是一路上自然也遇上不少各个作坊间来来往往的工人工匠们，一个个要么拿着上工的工具，要么搬着货品，忙碌的一塌糊涂，甚至汗流浃背。可出乎意料。 却并没有因为上工的劳苦而丝毫怨气苦闷，相反，一个个兴高采烈，似乎就连干着最劳累的体力活，那也是浑身都充满劲，走路都带着小跑。一看见这少年郎，更没有丝毫作为下属工人见着大东家的拘谨与害怕，相反，眉开眼笑就凑上来，扯开嗓门嘻嘻哈哈，便说些粗糙打趣的话。东家昨天才刚大婚，不在家陪着两个美娇娘夫人，居然跑这里来了。东家昨晚到底先去的苏主母的房？ 还是先去的正主母的房啊！我有个朋友李老汉，喜欢听这些，快给详细讲讲呗。更有些中年妇人，完全没羞没臊哟！我看小哥儿走路两腿都没以前稳了，看来是不行啊！就是就是，表面看着光鲜，估计跟我家那汉子一样，经不起两下折腾，就睡得跟死猪一样了。顿时气得他王老爷暴跳如雷，朝那些男工匠一人踹上一脚，破口大骂两句：“滚犊子！”一个个又皮痒了，久了没挨本老爷踹了是吧？ 在胡言乱语，今天多加一个时辰的班，没工钱的那种。虽这些不堪入耳的言语，让他赵兰也听得面色燥红，耳根发烫。可看着那家伙拌起口舌，哪是这一群油腻汉子妇人的对手？气急败坏，几分狼狈模样，却更忍俊不禁的厉害。葱断般的玉手捂着嘴，憋得花枝微颤。更重要的，以往所见的作坊，别说东家到来，仅仅是管事的对工匠们那都是极为苛责，动不动便是厉声呵斥，甚至拳打脚踢。往往工匠们。 也是天怒人怨，何曾见过堂堂大东家竟能一点派头没有，跟这样一群再普通不过的匠人工人们喜笑颜开打成一片，亲近如家人的景象？更何况这可是当朝侯爷，这让他赵兰倒是心中万千感慨。转眼已是晌午，王修却是领着二人径直去了位于园区靠后侧的员工食堂。他赵兰虽贵为当朝长公主，还从未与这么多人同时用餐过，可说实话，倒还几分期待。 因为到了饭点，同样水泥砖石建造出来的空旷食堂内早已密密麻麻挤满了园区的工人，而且果然如皇帝皇后所言，午饭只需三个铜板，便有荤有素还管饱。只唯独令人意外的，诚然这家伙身为商行大东家，竟也只能老老实实排队打饭。眼见他几分诧异，倒是颇为尴尬。没办法，我自己定的规矩，连我这个东家也没有特权。更令他啼笑皆非的，却是好不容易到了打饭的窗口。 只见这家伙身上摸了半天，竟是一个铜板也没摸出来，黑着脸望向赵太白。太子也是身上摸了半天，然后就四十五度角望天，气得他王老爷当场就是一脚踹上去，破口大骂：“你在本老爷这里要混吃混喝到什么时候？”最终还是他赵兰交了饭钱。午饭过后，王修倒是又领着二人去了园区那一间库房，尽管早已得知这万通商行即将在十天之后推出新的货品。 可当他赵兰亲眼目睹了那几样新货品之后，却也忍不住一阵啧舌。那什么肥皂，看着平淡无奇，就四四方方、呈淡黄色的一块。他亲手试过之后，沾上油渍的脏衣物，只需涂抹一下，竟真可以三两下便洗得干干净净。还有那什么香皂，听这家伙言语，更是洗澡之时，只需在身上涂抹一番，再冲洗干净，不但肌肤清爽，而且还会残留淡淡花香味。只唯独当这家伙一边拿着货品，一边朝他手舞足蹈。 介绍那什么卫生棉，高谈阔论女子天魁一事。诚然，他赵兰向来从容稳重，却也是骚得脸颊通红，有些无地自容。可心中却又何尝不是震惊万分？实在想不明白，眼前这家伙脑袋到底是怎么长的？短短几个月，便从一个只知道爬树掏鸟窝的憨子，摇身一变成为了这么大一家商行的大东家，更折腾出如此多新奇古怪的玩意来。多年执掌康泰商行，如何不清楚？ 就这香皂、肥皂、卫生棉之类的新品，一旦正式售卖，那必然又是一场轰动。将这园区逛了个大概，接下来王修自然便领着那赵兰径直去了办公大楼。他作为大东家专属的办公地，足足两个时辰，倒是一番据理力争，最终敲定了此番合作的具体细则，签订了契书。具体内容也无非是之前在府上这婆娘所提出的那些条件，只是更具体细化一些而已。诸如他赵兰必须定期亲自前来林州，当面核定账册。 商讨售,售卖计划与策略，诸如货品的交割以及属于康泰商行的一成抽成如何支付。走出园区大门，都已是傍晚。正式契书已签订，他王老爷自然也没兴趣，留着大侄女回府上吃顿饭，当做合作达成的庆功。可没想到，刚跨上自行车，正打算先走一步，接下来的情形却让他哭笑不得了。只见从始至终都只是默不作声、屁颠屁颠跟在他身后的赵太白，却是一个箭步窜了过来。 勾着他肩膀，老脸已胀得通红，一副便秘的表情，半天才讪讪憋出一句：“咳，王兄，你看哈，眼下你已经跟康泰商行达成合作了，在搞钱的道路上又使劲往前跨了一大步。可是你瞧瞧，兄弟我还是穷的风采依旧。以前大家都穷的时候，尚且还不觉得什么；可眼下你一人独富，本宫与东坡兄子、美兄皆穷，这是不是很不合理、不科学？你总不能……” 自己已经吃的满嘴飙油了，却不管兄弟的死活吧？你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哎，天天看兄弟你大把大把捞钱，比本宫自己亏钱还难受啊！脸一横，一咬牙，那卖尸的事肯定是没法干了。不行，本宫以后套跟着你一起做生意，一起愉快的搞钱。刹那间，王修却是气得够呛，脸色铁青，心肝尖尖都在颤。大爷的，这货是脑子有毛病，还是神经搭错线了？ 成天想啥大美事呢？要换做别人，倒还好说。你堂堂东宫太子，不成天琢磨着精进学业、辅理国政，跑来跟老子做生意搞钱，蛊惑国之储君，老子有几颗脑袋够砍的。还有，就凭你干的这些破烂事，又是隐瞒太子身份混吃混喝的，又是连皇帝赐婚的事都只字不提的，老子已经不想跟你做朋友了，感情已经淡了，好吧？能不能哪凉快哪儿待着去？尽管如此。 眼看着他那副可怜巴巴、嗷嗷待哺的模样，却还是强忍冲动，没一拳照着他鼻梁整过去，只是一脸看白痴的表情，一撇嘴：“这个好办，我去找根拐杖，你去找个破碗，明天大早上咱俩就去福寿大街一顿，你负责哭，我负责喊。等搞到第一桶金，咱再多招点人，去邻近的州府发展发展。”说完，压根懒得再打理他，踏板一蹬，骑着自行车便跑得老远。 只留下赵太白直愣愣杵在那里，眼珠子瞪得滚圆。倒是长公主赵兰扑哧一声，风情万种下早已笑得花枝乱颤，半晌才一声清脆：“倒属实是个有趣的妙人，不过也果然奸猾无耻得很。刚才在办公大楼被他一顿弯弯绕绕长篇大论，差点就被他绕进去了，稀里糊涂就把货品配额与水运陆运调配权给交出去了。以后会时常打交道，看来还得处处留着心眼。”入夜。 王老爷今日心情不畅，食欲不振，晚饭也只啃了两根卤肘子，外加一根酱骨头，外加三碗白米饭而已。想起昨日大婚之夜发生的那一堆破烂事，就只感觉头疼欲裂。大爷的，上辈子都造的什么孽哦？结个婚怎么就结成这个德行？沉思良久，也只得咬了咬牙，大步便朝内院赵婉那厢房走去。哎，事情已经发生了，总得想法解决，毕竟事关女子名节，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况且一天没见了，那小妞眼下到底什么状况？他还真有点担心。在苏婉晴的安排下，赵婉自然已搬到楼上厢房。当王修推开房门进去，却不由得一愣，只见这小妞正端坐在屋子中央一张桌案前，依然一袭纯黑色烟纱长裙，包裹着那油物般火辣的身段，纤细柔软的小蛮腰，胸前傲人挺拔的饱满，惹人犯罪。也不知是否因为已从少女变成妇人的缘故，更多了些妩媚诱人的味道。 明显一整天都没有出门，只是此时如同彻底变了个人一般，就这样安静坐着，也不知在想些什么，一副心思重重的模样，眼眶微微有些红肿，眼角还点缀着斑斑泪痕，目光呆滞，脸上写满着忧伤与茫然。不知为何，王修心中一阵莫名惆怅，也只得轻轻关上房门，径直走到他跟前坐下。你这时，赵完总算抬起头来，出乎意料，并没如早上从被窝醒来时那般。 恼羞交加，一副要吃人的德性，或者杀气腾腾，暴喝一声：“登徒子，本姑娘宰了你！”只是娇躯一颤，俏脸瞬间一阵红晕，却又似乎有些慌张。“你怎么来了？”王修抓了抓脑袋，想要说点什么，可偏偏一时间却又不知如何开口。哎，该死的知识盲区啊！半晌，才讪讪憋出一句：“就是来看看你。”倒是总算脸色一横。另外，可，你看昨晚哈。然而，同样这时话未说完，却见这小妞。 脸色刷的变了，一反刚才那副怅然若失、心事重重的模样，娇躯猛的一晃，杀气腾腾一声娇斥：“你闭嘴！”羞愤的脸蛋通红，小手已紧握放在面前那柄青铜长剑。姓王的，昨晚谁跟你？然而出乎意料，尽管明显被他哪壶不开提哪壶，气得胸前饱满都颤抖不已，却也没有跳起来跟他拼命。紧跟着，似乎突然想到什么一般，反倒神色一暗，扭头望向一边，贝齿轻咬着下嘴唇。 昏暗油灯下，一双美目隐约有泪花在闪烁，良久才又扭过头来，可不知为何，娇艳脸蛋上已是一片决绝,绝与漠然，娇躯微颤，声音已冷漠的不带丝毫感情：“王修，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也知道你的想法，但是你听好了，我们什么也没发生过，昨晚是你的洞房花烛夜，你早早的便在夫人的房间睡了，本姑娘喝了点酒，也早早的便回房休息了。”王修没说话，脸色已变得有些难看。 而眼前这女人却依然只是强忍着眼泪不流出来，一咬牙，声音有些哽咽：“从今往后，我依然是你的侍卫，全力护卫你的安全。两年期满，我自会离开。即便你忘不掉，你也必须记住了。昨晚都是我赵婉主动招惹你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也不需要负任何责任。是我赵婉不知廉耻，我就是个轻浮的女子，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这样对你对我都好，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的。我要说的就这些。” 你出去吧，我要休息了。于是刹那，即便他王老爷乃千年钢铁直男修炼成精，一向在女人面前脾气温和，却如何不是气得够呛？脸色瞬间铁青的发紫，手臂上的青筋都条条暴起，一巴掌拍在桌案上，一声暴喝：“放你娘的狗屁！”尽管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个小妞为何突然变得如此，从未有过的陌生。可看着她那强忍着泪水、满面忧伤，却还故作冷漠坚强的模样。 不知为何，心中竟是说不出的烦闷，气血翻腾的厉害。顷刻间，哪还顾得上这婆娘一身高强武艺？情绪激动之下，神色更阴沉难看到极致，双眼喷着火。姓赵的，老子不知道你这脑袋瓜子究竟在瞎琢磨些什么，也不知道你在这期期艾艾跟个娘们似的究竟为何。但是你也给老子听清楚了，没错，昨晚的确是你先招惹老子的。但事情发生了，那便是发生了。 本老爷虽向来胆小怕事，可还没窝囊到连跟一个婆娘搂着睡了一晚上的事都不敢认。一字一顿，所以你记好了，从此以后，老子就是你男人，你就是我婆娘。该提亲就提亲，该下聘就下聘，老子就得风风光光把你娶进门。嘴角一丝讥诮冷笑，一撇嘴，哟，没办法，老子就这脾气。你要再在,在这里阴阳怪气，惹毛了，信不信老子就天天晚上折腾你，就让你给老子生上十个八个儿子的。 老子打不过你，还打不过你儿子吗？老子以后就天天打你儿子出气。还有，老子去提亲，你爹要是敢不同意，老子就上门去弄他。不就一小小的县衙捕快吗？老子当朝侯爵，还有太子伴读的官职在身，想怎么弄他就怎么弄他。有有，怎么不服气？眼珠子瞪那么大干嘛？想咬人？你差那间？赵婉更悲愤交加的厉害，嗖的一声站起来。 一双美目死死瞪着他，娇躯颤抖个不停，葱断般的玉手死死握着剑柄，直接发白，大口喘着气，似乎就要忍不住冲动，直接扑上来跟他拼命。可没想到，任凭他已是满面煞气，寒意逼人，王老爷却是破天荒一点不怂，面色一横，情绪更激动起来，索性脖子往前一伸：“怎么，又想拔剑往老子脖子上比划，吓唬谁呢？来，来，有种拔剑砍死老子！” 都教育你这么久了，一个姑娘家家不要成天只知道打打杀杀，就你这个样子，虽找婆家是不愁了，但以后娶过门，老子还得继续好好教育，老子就不信调教不出来一个温柔贤惠的贤妻良母来。然而，同样这时正气急败坏破口大骂的起劲，接下来的情形却让他王老爷也瞬间懵了。只见这小妞依然紧握着长剑，恼羞交加的直喘粗气，胸前硕大饱满更颤抖的厉害，可紧跟着。 手中长剑一丢，狠狠一跺脚，双手捂着脸蛋，啊！我要疯了！咬牙切齿，暴跳如雷，疯子，无赖，姓王的，你就是个泼皮无赖！然而骂着骂着，却那般始料不及，猛的上前一步，一双莲藕般的玉臂死死环在他脖子上，那温润诱人的檀口已死死堵在他厚实嘴唇上。画面彻底定格，时间似乎静止，四周再没有丝毫声音，唯独能听见的只有两人砰砰的心跳声。 不知多久，这小妞才总算将他松开。可眼前的景象却更让王修呆住了。只见不知何时，这个一向脾气暴躁、大大咧咧、一言不合就要拔剑砍人的女子，那娇艳无比的脸蛋上却早已挂满了泪水，晶莹的泪珠就这样一颗一颗无声向下滚落。可偏偏却早已是笑靥如花，一双玉臂就这样搂着她脖子，笑得那么甜，笑得那么迷人。看着她那副傻愣愣、有些不知所措的模样。 任凭泪水依然无声滚落，却又扑哧一声，破涕而笑，声音有些哽咽。你知不知道，你就是全天下最大的傻子？娇躯微微颤抖着，一声幽怨轻叹：“你真是我的冤家，我赵婉这辈子是彻底栽在你这无耻恶贼手里了。”你真想好了，要风风光光娶我过门？随即却是一咬牙，目光之中隐约一道决绝坚毅：“好，我同意了。从此以后，这辈子无论生与死。” 我就是你的妻子，你就是我的夫君。你不是要我给你生十个八个儿子吗？好，以后我就给你生十个八个，我们一起打着玩。依然甜甜的笑着，如夏日荷花悄然盛开。可泪水再一次如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贝齿轻咬下嘴唇。但是答应我一件事，在这之前有些事我要去处理，我也不知道会离开多久。但是答应我，不要去打探我的消息，也不要问我去做什么。 略微沉思，可声音已哽咽的含糊不清。我们做一个约定好不好？京城东郊二十里外有一座信陀寺，山下有一棵五百年的黄花树。明年八月十五是我初次遇见你这冤家，刚好整整一年。到那一天你在那儿等我。若是此生你我有缘，我自会前来见你。从此我便风风光光嫁给你，哪怕你不喜欢我，这辈子我也赖定你了，给你生一大堆儿子，好不好？可刹那间却已是泣不成声。 可若是那一天过了子时，我还未来，你就彻底忘了我，就当这辈子从未遇见过我，更不要去寻我。我知道你心中诸多疑惑，一定很想知道我要去做什么。可是你答应我，什么也不要问。于是乎，王修便彻底懵了，怔怔望着近在咫尺这张梨花带雨的脸蛋，不知为何心中酸楚的厉害，嘴唇微微蠕动着，想要问点什么，可看着他那副幽怨近乎哀求的目光，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此时唯一能做的，似乎只有将这女人搂在怀里。而这时，只见怀里这小妞虽依然满面泪花，却又一反刚才的忧伤，仰头吸了口气，娇笑嫣然，没好气瞪他一眼：“瞧你这紧张样，放心吧，只是我个人有些私事要去处理而已。”紧跟着，似乎鼓起莫大勇气，使劲往他怀里拱了拱，踮起脚尖，一块轻咬着他的耳朵：“恶贼，还愣着干什么？另外，再告诉你个小秘密，其实那自行车，本姑娘早就学会了。” 只是本姑娘就喜欢让你驮着我，看你用力往前蹬，累得直喘气的样子，心里特高兴。谁让你当初那般无耻欺负我的？只是话音刚落，那温润如玉的脸蛋却早已羞得一片通红，快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顷刻，王老爷哪还有丝毫迟疑，二话不说，将怀里这火辣娇躯拦腰抱起，大步便朝不远处那张柔软大床走去，将她轻轻放在上面。 看着他那早已吐气若兰娇羞模样，更瞬间只感觉浑身燥热的厉害，嘴唇狠狠啃在他那如樱桃般诱人的檀口上，大手轻轻一扯，那烟纱长裙已悄无声息从他香肩滑落。于是很快油灯熄灭，房间里隐约只传来阵阵不和谐的声音，就连窗外的月牙儿似乎也被羞得红了脸蛋，躲进了乌云的缝隙。第二天，当王秀悠悠从睡梦中醒来，已是半上午，睁开双眼却又是一愣。 只见枕边早已是空空如也，不见那小妞的踪影，就连房间中她那些寻常换洗的衣物之类，也同样早已不见了，唯独留下的只有房中桌案上一张字条，本该娟秀的字迹却显得有些潦草，也只有简简单单两句话：“夫君勿忘八月十五之约定，若那日妾身未能赴约，便彻底将我忘了，只怪你我此生无缘。答应我，不要伤心，你一定要好好的。”只明显写着写着。 却再写不下去了，纸张上只留下点点斑斓的泪痕。一遍又一遍看着这纸条，想起昨晚两人的疯狂，一时间，他王老爷也只感觉心中怅然若失，堵得慌。许久，才小心翼翼叠好纸条，揣入怀中，一声长叹，甩了甩头，推门走了出去。然而刚走出房门，却见苏婉晴正俏生生站在外面，一袭淡黄长裙，披一条雪白貂绒披肩。 落落大方的刘云髻，斜插两根玉簪，优雅款款,款，光彩照人，宛若皎月。明显，根本就是在外面等着他。说实话，前日洞房花烛夜，他王老爷两个娇滴滴的夫人一个没碰，反倒发生那样的事情，让他心中终究存着些尴尬，些许内疚。只奈何此时实在心中堵得慌，也不知该对这个女人说点什么。半晌，也只是凄然笑笑。他走了，没想到。 苏婉晴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同样几分怅然。妾身知道，刚一大早在院子的时候遇见他了，却是缓缓走到他跟前，小手轻轻塞进他的掌心，似乎只想用这样的方式给他一些慰藉。声音有些哽咽，他让我好好照顾你，也给我说了八月十五之约。我看得出来，他有心事。他是个好女子，也是真心待你。伸手温柔贤惠，理了理他的衣领。还有前天晚上的事，我知道夫君心中愧疚。 也知道你想对妾身说什么。要说妾身心中不介怀，那是虚伪。这天下又有几个女人能心甘情愿与别的女子分享自己的夫君？可夫君前程远大，人中龙凤，又深得陛下圣宠，自不是妾身一人能独占的。夫君心中有我，便已足够。顿了顿，又柔情似水，笑笑。另外，距离八月十五只有不到十个月，很快便到了。到时候，妾身陪夫君一起前去京城。 风风光光迎他回来，好不好？王修侯杰上下鼓动着，怔怔望着眼前这女人，纵有千言万语，却已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轻轻将她搂在怀里，一声轻叹：“傻女人。”只是此时，或许两人都想象不到的，却是时光荏苒。再见那女子时，她已是何等的名动天下，位尊居显。十月二十七，大雪节气才刚过。 冬至尚未到来，可以一场堪称二十年难遇的雪灾来势汹汹，袭击了整个北方大地。寒风凛冽下，京畿附近几个州府一片银装素裹，很多地方积雪都超过两三尺。而大清早，当王修刚从暖和被窝里睁开眼睛，便见身边苏婉晴也早已醒来，此刻正单手托腮，美目流转盈盈凝视着他，一头乌黑长发如瀑布般挥洒，峨眉轻皱，搭配那精致白皙的脸蛋，梨涡浅笑下竟是那般明艳动人。 特别此时，只身着洁白内衫，宽松的领口下那一抹白里透红的肌肤，更那般诱人。这个女人自从前两日在她王老爷一番操作猛如虎下，从女子变成了真正的妇人，肌肤愈加吹弹可破，一颦一笑更那般妩媚动人。一时间更看得他王老爷彻底吃了小腹燥热的厉害。眼见他醒来，苏婉晴却是神色一慌，温润脸蛋顿时一片醉人红晕，几分娇羞，杨怒瞪他一眼：“呆子，看什么呢？” 可随即却是盈盈一低头，那娇艳诱人的檀口，蜻蜓点水，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英若蚊虫，妾身服侍夫君起床。顷刻，王老爷哪还有丝毫迟疑，一个翻身，轻车熟路便已将她揽在怀里，另一只手顺势便朝她内衫束带伸去。没想到瞬间却是将这婆娘吓得够呛，啊！一声惊呼，脸蛋更瞬间一片涨红，眼里都快滴出水来，小手掐在她腰间软肉上。 没好气瞪着他，登徒子！大白天的，你又想干什么呢？昨晚折腾的还不够吗？手忙脚乱便将他往被窝外面推，一声娇嗔。还有，据妾身所知，除了大婚之夜，这都好几天了，你再也没进过妍儿妹妹的房。夫君切莫冷落了她才是。这两天你不准再留在妾身房里了。于是乎，王老爷便有些哭笑不得了，看着怀里女人这副娇艳欲滴却又几分恼羞模样，却也只得作罢。 将她搂在怀里，上下其手一番，直折腾的这女人脸蛋滚烫，吐气如兰。再吧唧一声，狠狠在她那温润小嘴上啃了一口，才总算将她放开。府上所有厢房都安装了供暖系统，自是暖和。然而穿好衣服，洗漱完毕，走出房间，一股逼人的寒意袭来，让她直打哆嗦。可是不知为何，今年这该死的鬼天气，却想起了那个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要拔剑砍人的女人。几天过去，也不知那婆娘如今身在何方。 过得好不好？他自幼习武，体质自非常人能比，想必应该不会冻着吧。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有时候挺犯贱的。以往每次出门都把那婆娘带在身边，还总喜欢故意调侃逗弄她两句，看她气得暴跳如雷、煞气凌人的模样，只觉乃人生一大乐趣。可眼下她走了，反倒还有点念着。最终也只是甩了甩头，大步朝外面走去。然而…… 当他刚走到府上前厅，便见赵太白那沙才又跟往日一样，正翘着二郎腿，端坐在一张椅子上，一边悠哉悠哉喝着茶，一边跟旁边侍立着的一个府上丫鬟叨叨个不停。妹子今年多大了？可曾许配人家？我跟你说哈，虽然你只是府上侍女，可有机会的话，劝劝你家侯爷，胸怀要宽广一点，气度要大一点，不要随时一看见本宫就一副苦大仇深的样。不就是本宫每次前来林州，都在他府上白吃白喝吗？ 至于吗？本宫不要面子的吗？很明显，他这样不像话吗？关键这天寒地冻的鬼天气，一边叨叨，居然一边摇晃两下折扇，也不怕被冻死了。顿时，直气的他王老爷火冒三丈：“大爷的，这两球货！自从那日与那个名叫赵兰的婆娘一同到来，人家连饭都没吃一顿便走了，这狗东西却又赖在这里好几天了。”而这时，正当王老爷还在琢磨着要不要去前院找把铁锹， 这家伙却一眼便看见他，折扇一收，扯开嗓门一嚷：“王兄！”大步迎上来，与往日如出一辙，脸上已是一片谄媚的笑。一夜不见，王兄风采依旧啊！王修嘴角一抽，压根不想搭理他。然而这家伙只是老脸一红，几分尴尬，一把搂住他肩膀：“王兄，这几日本宫跟你说的事，你到底考虑的怎么样？说真的，自那天去了你那产业示范园区，看着你大把大把的搞钱，比杀了本宫还难受啊！” 你瞧瞧，咱们四兄弟，就你天天吃的满嘴飙油，我与子美兄、东坡兄还是穷的叮当响。于是乎，王修更气得够呛，这狗东西脑子有毛病啊！没完了是吧？还能不能一起愉快的玩耍了？自从那天去了产业示范园，赖在老子这里白吃白喝也就罢了，这几天就跟着了魔似的，天天就缠着老子带他一起做生意搞钱。老子搞钱，那是因为当官又不想当，身份又低微，只能做点生意，一个月挣个十来万两银子。 勉强维持生活这样子，可你堂堂国之储君，格局能不能稍微打开一点？最关键是，老子要真带着你一起做生意，搞得你连太子府正事都耽搁了，蛊惑太子，你大不了又被你爹吊起来抽一顿，可老子是要蹲大牢被流放的好吧？没想到这家伙反倒还来劲了，紧跟着却又一跺脚。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放心吧，我爹虽对我的学业管得严，可其他方面向来都是放养的，不然。 你以为本宫能这么闲？每次跑来林州待十天半个月也没事。而且太子府的事自有一众属官操持，本宫只需偶尔盯着点便可。况且你有所不知，本宫其实自幼便对处理正事没什么兴趣，天天看那些折子批文，脑袋都大。这方面我姐反倒比我强多了。尚未开府建衙，搬去公主府的时候，倒是协理我爹处理过不少正事。老脸一横，你个没良心的！反正我不管，你得带着我一起做生意。 一起发财，不然的话，本宫就赖在你家不走了，天天吃你的，喝你的。自从你发财，本宫就不快乐了。于是乎，王老爷便崩溃了，铁青着脸瞪着他，硬是后槽牙钻心的疼。算是看出来了，这货是自从上次从老子这里两次买，请了六十首饰回京城，搞到钱了。虽然最终一文钱都没吃到嘴，可从此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了呀。这次他要是不在老子这里， 另外找个新的搞钱的法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烦死人了！可半晌也只是没好气一瞪眼。你有像花露水、面膜膏那种天下独一无二的货品吗？赵太白使劲摇头。你有如康泰商行那般四通八达，甚至直运北方庆国的货运售卖渠道吗？这货依然使劲摇头。王修顿时如看白痴，已经彻底不想搭理他了。啥都没有，跟你说个球！可紧跟着却又似乎突然想到什么。 扭过脑袋，皱着眉头，在他身上使劲打量着，直看的赵太白后背发凉，使劲拽了拽长袍，将身子裹紧一点，眼珠子咕噜一转，一下子乐了。不过有一桩生意，整个大康朝还真非你不行，而且还得以你太子府的名义。于是乎，赵太白瞬间来了精神，那叫一个热情谄媚，打开折扇，使劲朝他扇风。哟，愿闻其详，愿闻其详，却又神色一柄但若是需要本宫出卖身子， 那是万万不行的！王老爷顿时气结，一巴掌抽在他后脑勺：“神经病啊！”看着这狗东西那副两眼放光、嗷嗷待哺的模样，终于正了正色。虽然你没做过生意，但是有没有发现，如今天下的商贾售卖货物，特别是诸如康泰商行那般，货物售卖到各个州府，甚至北方庆国的那种，别说货物，包括货款银钱，从来都是几大车、几大车的长途运送，费时费力也就罢了，还时常诸多危险。摸了摸鼻子。 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有这样一种商行，就叫钱行吧。商贾将银两交给钱行来保管，而钱行只需要给他们开出一张特制的、能够严防伪造的票据。比如，本老爷在林州存入一万两银子，可某一天去了京城，急需要用钱，而凭借存钱的票据，在京城便可将银子取出来。如此一来，是不是方便了许多？赵太白听得晕乎乎的，半晌才讪讪憋出一句：“你是说靠收取银子的保管费？” 从中获利，却奈何王老爷又一记看白痴的眼神，倒是难得的耐心，将前世所处那个时代银行经营存款贷款的基本模式大致讲了一遍，才又一撇嘴。因此说到底，这钱行便是利用存款与贷款利率的差价获得盈利。如此一来，对于诸多商贾，包括百姓来说，家中有闲钱，自然是非常乐意存入钱庄。一万两银子存满一年，至少可额外获得一百多两的收益，还不用如以往。 要么锁在柜子里，要么挖坑埋在地下，提心吊胆。而且不仅如此，诸如许多想要建作坊扩大生产，或者有好的生意门路，却偏偏本钱不够的商贾百姓来说，也可以从钱行贷款应急，借出一万两银子，一年只需额外支付三四百两的利息。但是要从钱行贷出银钱来，必须要用其他产业作为抵押，诸如房契、地产之类，否则容易坏账。如此一来，对百姓对朝廷来说，也算是加快了钱财流通，刺激了商业的发展。 而钱庄只需要根据情况调整利率，随时维持一定数额的钱，不至于资金断裂，便可以了。赵太白张大着嘴巴，眼珠子瞪得滚圆，却一脸谨慎疑惑：“可不对啊，这么好的生意，你为何不自己搞？你是不是想坑本宫？”奈何话音未落，王修却是一声破口大骂：“你猪脑袋啊！这钱行如果一旦建成，经营成熟之后，也算是牢牢掌握着大康朝的钱币流通。你觉得？” 这是本老爷这种闲散侯爷能做的生意吗？以你爹那暴躁脾气，你这个亲儿子都能随时将你吊起来抽着玩，你信不信？我要是敢干这个，信不信？钱行还没开起来，脑袋就先掉了。所以说到底，本来最适合的应该是由朝廷户部出面，但你不是想搞钱吗？由你的太子府出面来搞，问题也应该不大，而且有朝廷背景，百姓们才信得过呀。于是乎，赵太白瞬间只如睡梦中被一泡尿浇醒。 那叫一个豁然开朗，一脸看神仙的表情，一声惊叹：“王兄，你怕是个神仙吧？这么绝妙的主意都想得出来。”当下倒是猴急猴急，激动的直抓耳挠腮。王兄肚子里果然有东西啊！不行，本宫就搞这个，由太子府出面来搞也不是什么难事。一跺脚，说干就干，本宫马上回京城。然而话未说完，王修却是一脚踹他屁股上，又一声大骂。 你慌个毛啊！这钱行还只是一个粗略构想，以目前大康朝的现状条件，是否适合，还需要很周密严谨的调查。况且要建钱行，至少在京城以及全国各大州府都得建起专柜来，再加上启动资金，算起来前期至少得投入近百万两银子。一瞪眼就问你，你现在能筹出来多少本钱？你都穷成这样了，居然还敢琢磨开钱行？于是请客赵太白一下子蔫巴了。 涨红着脸，支支吾吾了半天。本宫现在能拿出来几千两，要是再偷点太子妃的首饰、字画去卖的话，能筹出来。说着说着，竟是悲从心来，一声悲呼：“什么叫我都穷成这样了，快哭了！”王兄，你为何要说这样伤人的话？王修又一记白眼，不想说话了。反正适合你搞钱的方法已经告诉你了，至于你自己没实力搞起来，怪我喽。再天天不务正业，死缠烂打，逼着老子带你做生意。 烦死个人，那就实在不要脸了。然而这时，不等他王老爷再往他伤口上撒点盐和须臾粉，却只见外面匆匆奔进来一下人，正是府上门房，三两步便已冲到跟前，躬身一行礼：“禀老爷，府门外来了两人，京城来的，自称是国子监祭酒孔令先，以及礼部尚书唐明的公子唐子聪，说是有事拜会老爷您。”国子监祭酒王修顿时一愣，尽管对朝廷各种建制了解不多，却也知道。 国子监乃是国家最高中央官学，能在里面念书的，要么是皇室与朝廷高官子弟，要么是各地州府精挑细选的极优学子。而祭酒一职不仅是国子监最高官职，而且向来都是由真正学问高深的大儒来担任，绝对是桃李满天下的角色。那孔令先莫名其妙跑来干什么？还有那唐子聪，虽从未听说过此人，可他爹礼部尚书唐明上次大婚时代表朝廷前来庆贺，倒是见过，给他王老爷的印象。 那货有点蔫坏蔫坏的，一百斤的身子，八十斤的心眼，满是诧异望向赵太白。没想到这货同样一头雾水，比他还猛。半晌才讪讪道：“那唐子聪不仅是礼部尚书之子，更是孔先生最得意的亲传弟子，磕头敬茶，真正拜了师的那种。而且在国子监几百名剑生中，绝对算是学问极优之人，每次大考都是前五名，尤其擅长算学与客户之学。虽每半月一次的国子监授课大奖，本宫也得去听。” 算起来也算同门，但是交往甚少。王修只投过去一记白眼，一问三不知，要你何用？而当两人到达府门外，便见门口正停着一辆马车，前方站着一六十岁左右的老头，倒并没有身着朝服，而只是一套素布长袍，颇为朴素，须发皆白，身材也略显精瘦，倒是双目炯炯有神，看着其貌不扬，一副平易近人的和善模样，倒是让人很难将其与堂堂国子监祭酒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身后还站着一个约莫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身材修长，长相俊朗，却是一身丝绸华服，手持折扇，腰坠玉佩，头戴文饰方巾，好一副风度翩翩、才高八斗的饱学之士模样。可此时却根本与赵太白那两球货平常如出一辙，一边摇晃折扇，朝门口那两个府上护院扯开嗓门大喊：“门房都进去通报这么久了，你们家侯爷怎么还不出来迎客？” 如此天寒地冻，竟让本公子与恩师站在外面等，如此待客之道，知道本公子是谁吗？脑袋一昂，家父礼部尚书唐明，惹毛了，信不信回去就让我爹在陛下面前参你们侯爷一本？顿时直看得他王老爷牙痒痒。这时倒是那老头眼尖，一眼便看见了正勾肩搭背走出来的两人，先是神情一致，大步迎了上来，朝赵太白躬身一行礼：“老臣见过太子殿下。”尽管身为国子监祭酒。 一定层面也算太子之师，可毕竟君臣有别。随即才又望向王修，却也丝毫没有朝堂大员的架子，反而乐呵呵的。这位便是蓝平县侯了吧？王侯爷昔日洋洋洒洒一口气二十五首绝妙好诗，更一人之力应战南楚二十多名饱学之士，大获全胜，扬我大康国威，何其壮哉！能亲眼一见，倒是人生一大幸事啊！王修依然一头雾水，没说话。只见这老头依然一脸和善，老夫国子监祭酒。 孔令先，此番前来临州城，实乃奉陛下之命，负责给王侯爷讲学。说来惭愧，老夫本来年事已高，也已向陛下递了辞去国子监祭酒一职，请求告老还乡的折子。奈何陛下却非得托付给老夫如此重任。王修依然有点懵：讲学？讲什么学？然而孔令先双手插袖，陛下说：“王侯爷虽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更乃今世济国之大才，却奈何唯独不思进取。” 不务正业，一门心思只放在那商贾一事上，空有一身才学，却不知上报国家，下安黎民，却不知大丈夫生于天地间，读圣贤之书，当养浩然之气，仿天地之德以爱人，效圣贤之志以成业。空有满腔忧国忧民的情怀，却不知治国平天下，不知为社稷谋福，为朝廷分忧，胸怀气度未免小了些。相反，哪怕如今已贵为当朝侯爵，且以官拜太子伴读，却一门心思。 只想着辞去官职，实在有辱圣贤思想，尚需好好调教调教，进行一番思想教育。因此，特命老夫在辞官之前前来林州府，给王侯爷讲一讲这圣人之学。所以，以后每日老夫都会来侯爷府上陪侯爷读书，给侯爷讲学一个时辰。而且放心，老夫也已将侯爷隔壁的宅子买了下来，断然不会叨扰到侯爷。依然笑盈盈的，而且侯爷也不要觉得陛下此举未免唐突、匪夷所思。 如今的大康尚处于内忧外患，北方虎狼庆国日益强大，已有了大军南下的迹象；而西面的夏国虽从来都是庆国的藩属国，可实力也不容小觑，同样已经跃跃欲试、不安分。大康的形势已岌岌可危，对内依然还太多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因此朝廷正是用人之际，陛下更是求贤若渴。噗！刹那间，王修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直愣愣瞪着这老头。 脸色唰的一下变得铁青，眼珠子都快滚到地上来。我操，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堂堂国子监祭酒，堪称天下读书人之师，跑来给老子一个人讲学，滑天下之大稽呀、啊！荒不荒唐？那景龙皇帝脑子有毛病啊！牛皮，脑回路相当清奇，这大康朝个个是人才。上次老子那么辛苦，一个人单挑南楚二十多个保学之士，足足两件功劳，只盼着能换一封辞官的诏令。 就换来了这个，属实不讲武德，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啊！还有，老子除了写诗、戏言、提炼之术，包括与南楚比试连仗、克物之学、算学，可这些东西跟能不能做一个治理天下的能臣，能不能匡扶社稷，有鸡毛关系啊？天高皇帝远，他哪只眼睛看见老子有什么经世济国之才，有什么忧国忧民的心思了？老子只想天天小酒喝着，酱大骨啃着，在每个月挣个几十万两银子，然后悠哉悠哉等死，好吧？ 还有，这怎么跟老子当初调教赵婉那婆娘手段如此相似？还有眼前这孔老头，那皇帝糊涂了，你也老糊涂了。这种荒唐的差事你都接，还什么狗屁讲学？说到底，不就是登门来做老子的思想工作，让老子过完年老老实实去朝廷打工上班呗？你怎么可能叫得醒一个装睡的人？可关键是每天一个时辰，你不嫌累，本老爷还嫌烦啊！大家都很忙的好吧？ 能不能找点正经事做了？要不是看你一把年纪了，又是德高望重的大儒，非得一拳整过来。一时间，竟是气得脸色铁青，肺都快要炸裂。而此时，一旁赵太白何尝不是嘴巴张得老大，一脸见鬼的表情？半晌，才扭头望向王修：“我的个阿娘也，我爹连这法子都想出来了。”王兄，堂堂国子监祭酒亲自登门讲学，这可是天大的待遇啊！足见我爹对你的看重啊！王修更气得够呛。 漆黑着脸，压低声音：“看中你妹啊！要不每天一个时辰，你也来听。”赵太白吓得直摆手：“不了，不了，本宫不配。”王老爷恶狠狠瞪他一眼，懒得搭理他。讪讪望向孔令仙，不等他说点什么，却见这老头倒是一脸淡然镇定，依然双手插袖，笑盈盈的。老夫知道王侯爷心里肯定是抗拒的，甚至现在可能还恨不得揍老夫一顿。没关系，临行之前，陛下曾指点过老夫两句。 说王侯爷若是想对老夫动手，或者将老夫拒之门外，不听老夫授课的话，老夫就直接往地上躺，没个五千两银子起不来。于是乎，王老爷便彻底崩溃了，砂锅大的拳头咯咯直响，印堂已漆黑的发紫。我操！这死老头，老子虽然没啥了解，可好歹也是国子监祭酒，天下读书人之师，能不能稳重一点，有点德高望重的大儒该有的样子？怎是生的这副三脚踹不出个屁的德行？ 还有那景龙皇帝，牛批，脑回路相当清奇。这大康朝果然个个是人才，得要登门讲学就来讲嘛，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到时候看到底是谁调教谁。已经不想再搭理这老头了，只黑着脸望向旁边唐宰聪，瞪着他。我知道你爹是礼部尚书唐明，不用大声嚷嚷，说吧，你又是来干嘛了？也来给本老爷讲学？然而。 唐宰聪折扇一收，使劲摇头：“那倒不是。”一反刚才那副昂着脑袋、趾高气扬的德行，上前一步，已是满脸热情洋溢的笑：“我是来听王公子讲学的。不仅如此，更想与王公子结识一番，拜个把子，结为异姓兄弟也可以。”噗！请客。王修眼前一黑，差点直接被口水呛死。可没想到，这家伙反倒还来劲了，脑袋使劲向前凑了凑。其实吧，本公子陪恩师来之前，还琢磨着想与王公子比试一番才学。 毕竟当初王公子与南楚学子的比试，那可是轰动天下。本公子不才，忝为恩师的亲传弟子，在诸多学问方面也有不少研究，自然寄养的很。可琢磨了半天，与王公子比试写诗好像不行，连仗，刻物之学、算学好像也不行。比跳舞吧，好像不雅，而且我也不会。脑袋一昂，所以本公子就不自讨没趣了。但是相反，王公子有所不知，就当初那场比试，除了连仗一轮。 刻物之学，算学。南楚学子所出的几十道题目，本公子倒也能答对一半。可王公子给南楚学子出那几道题目，别说在下，国子监几百名学子，竟是无一人能解答。说着说着，竟已是胀得满脸通红，一副死了亲爹的模样。你是不知道、啊，本公子在学问方面就这脾气。不会做的题目，搞不懂的学问，不弄明白，那是觉都睡不着啊。别的不多说，就十斤重的铁球与一斤重的铁球，从同一高度落下。 谁先着地？南楚学子出那题目，在下与国子监诸多学子反复做过试验，结果竟真是同时落地，奇怪的很啊！可为何会如此呢？已带着哭腔，还有王公子给南楚学子出的那算学题：零到五六个数可组成多少个六位的单数？通过逐一列举，费上半天功夫，在下倒是能解答出来。可如何用算学原理去推导，按照定论去计算，在下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啊！一跺脚，王兄有所不知啊！ 这大半个月，在下天天在家琢磨这些东西，已经快疯掉了，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头发一把一把地掉，脸一横，反正我不管，王兄得多教教在下这方面的学问，否则我也赖着不走了。恰逢恩师此番前来，在下自然就跟着前来了，而且我爹也持支持态度的，说让在下多与王兄结识交流，以后在下与恩师就住在隔壁，每日来听王兄讲学。从今以后，王兄就是在下的大哥，在下就是王兄的忠实追随者。 右脑袋一扭，如果王兄不同意，不教我，那在下也往地上躺。不过与我恩师不同，在下只需三千两银子就可以起来。于是乎，王老爷已经不想说话了，嘴角直抽搐，印堂漆黑。这到底又哪里冒出来的两球货？典型的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神经病啊！本老爷教你个鸡毛啊！就那算学题，在前世那可是高中数学排列组合的问题，就计算公式，老子倒可以给你讲，可你听得懂吗？ 老子成天很忙的，好吧？哪有功夫天天给你讲课？还有，大家萍水相逢，初次见面，结交个毛线啊？果然是有其师必有其徒啊！一言不合就要往地上躺，一个缠着要给老子做思想教育，一个缠着要让老子教育。哦，旁边还处着一个货，成天缠着要让老子带着搞钱。嗯，等着吧，看老子会不会给你讲课吗？不是成天爱瞎琢磨吗？遇到不懂的问题不搞明白，觉都睡不着吗？ 行，到时候老子再给你弄两个课题，自己琢磨去吧。不彻底把你搞成神经病，算本老爷没技术含量。根本懒得再搭理这师徒俩，更没什么想法，请到府上去喝点茶。然而这时，不等他转身回府，却听得远处一阵大喊：“大东家，大东家！”扭过头，却不由得神色一愣。只见前方正大步跑来一小厮，正是上次那吴子俊领着陆氏参军吴深，想要查封商行品牌体验馆。 跑到乌鸡巷前来报信，那品牌馆内的跑堂，三两步便已冲到跟前，神色几分慌张。禀东家，就刚才，咱品牌馆的张执事在南城门口看见二夫人，在那哭得稀里哗啦的，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东家，您要不去看看吧？王修顿时心中一沉，哪还顾得上眼前这三人，大步便朝城南而去。而当到达南城门口，却让他一下子呆住了。只见眼前竟是好一片凄惨悲凉景象。 宽阔厚重的城门内外，没有了往日商贩马车络绎不绝的热闹，只有拥挤不通的灾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个个衣衫褴褛，或者背着锅碗瓢盆简单家当，或者拖家带口，一个接着一个涌入城中，伴随着的或背井离乡的悲叹，或家破人亡的嚎啕大哭。更重要的，如此天寒地冻的鬼天气，凛冽刺骨的寒风下，天空尚且还依然飘着鹅毛大雪，绝大多数灾民皆是衣着单薄，破烂不堪。 甚至不少人尚且还只穿着草鞋与单衣，早冻的脸色苍白，浑身僵硬。甚至隔三差五，还有老人或小孩走着走着，直挺挺便躺在了地上，伴随着的又是一阵哀嚎痛哭。于是顷刻，王修便彻底愣住了。说实话，他王老爷不是那种何不食肉糜之人，尽管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很少真正走到乡野去看看，可也清楚，这大康朝依然还有太多太多底层百姓吃不饱穿不暖。 不少人家一到大冬天，只能一家人挤在一个被窝里相互取暖，苦苦煎熬。可还真没料到，百姓竟是贫苦到如此地步。当然，又何尝不知，眼前这些灾民几乎都是因为家中房舍被大雪压塌，没了栖身之所，才只能背井离乡，涌入城中求一个活下去的机会。除此之外，城门口的大路两旁还有不少施粥舍粮的摊点，皆是一些城中大户或商贾自愿做些乐善好施之举，也算积些德性。 包括他王老爷家，自雪灾发生，昨日也同样在大夫人苏婉晴的安排下，由府上些丫鬟下人在这城门口架起了一口大锅，为灾民提供些粥食。然而，对于这场惨烈雪灾而言，灾民们所缺的不仅仅是粮食，喝上一碗热粥也只能暂时暖和一下身子而已。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安身之所，能度过今年这个格外苦寒的冬天。当然，也不少大户人家的摊点募捐了一些旧衣物，分发给灾民，可也杯水车薪。 在王家设立的施粥摊点后，他自然一眼便看见了郑妍儿。这施粥之事自然是不需要他这个府上二夫人亲自出面，奈何这小妞非得声称自己是太守的女儿，想要亲自出一份力。只是此时也不知发生了什么，只见这小妞身着一套淡黄长裙，包裹着她那娇小却又前挺后翘的身段，寒风大雪下早已冻得小脸红扑扑的，尽管已几分疲惫，却依然咬牙坚持着。 张罗几个府上丫鬟给过往灾民盛上一些热粥，可明显刚刚撕心裂肺哭过一场，俏脸上尚且还挂着斑斑泪痕，眼角都红肿的厉害，情绪低落，说不出的楚楚动人，让他王老爷揪心不已。自是大步走过去，没想到刚走到跟前，这小妞抬头看他一眼，神情一滞，声音哽咽呢喃了一句：“夫君，你怎么来了？”可刹那间，话音未落，却只如受到莫大的委屈般，径直扑在他怀里，小脑袋紧紧埋在他胸口。 竟是嚎啕大哭起来，哭的那叫一个伤心欲绝，泪珠再次汹涌而出，一抹香肩耸动的厉害。瞬间，王修脸色更阴沉的可怕。大爷的，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竟招惹到老子媳妇身上来了？可此时，任凭周围人来人往，也只能将他轻轻搂在怀里，不停擦拭他脸上泪水。不知过了多久，这小妞才总算情绪稍微缓和一些，从他怀里缓缓抬起头来。 可那白皙娇艳的脸蛋上，梨花带雨，依然那般惹人怜惜，神情竟是说不出的悲伤。半晌，才一声抽泣：“夫君，小黑牛死了。”顷刻，王修神色一愣，完全一头雾水。只见这小妞终于强忍着满心悲伤，声音哽咽呢喃道：“他才只是一个五六岁的小男童，是从隔壁济州府和他娘一道逃难来的。其实这些灾民，绝大多数都是附近几个州府过来的。虽然长得黑黑的，但特别可爱。” 特别那双大眼睛，好像会说话似的，也特别有礼貌。昨天下午，妾身给他盛粥的时候，他还一个劲给我鞠躬。他说他从来没喝过这么香的粥，哪怕他只穿着一件破烂的单衣，手脚耳朵都被冻烂了，可随时都笑呵呵的。他还给我讲他因为不听话被娘满地里追着打的趣事。他还说长大以后一定也要娶个像我这样漂亮的媳妇。他还说今天还来喝粥，他要喝的饱饱的才能挨得住冻。 他还说，他爹两年前在与北方庆国的战事中战死了，但是他长大了也要做一个他父亲那样的男儿，去沙场杀敌。说着说着，泪水再次滚落出来，贝齿死死咬着下嘴唇。可是就刚才，我才听说，就昨晚，他和他娘双双冻死在街头了。我也没想到怎么会这样，早知道昨天我就该把他们娘俩安置好的，早知道我就该给他们买一些厚衣物被褥的。于是刹那，王修便彻底愣住了。 正正望着怀里这个哭得梨花带雨的小妞，一阵欲哭无泪。如何想得到，这个昔日那般开朗又略带刁钻俏皮的小妞，竟有着如此心善多愁善感的一面？搞得他王老爷还以为发生了其他什么事呢。几分哭笑不得，本想打趣调侃他两句，可一时间却偏偏总感觉心里有些发堵，也只能牵着他那柔弱无骨的小手，一边擦拭去他脸蛋泪珠。傻妞，我们回家。只是紧跟着。 转过头，讪讪望着前方来来往往、衣衫单薄褴褛的灾民，良久才咬了咬牙，招手叫过来旁边一个正忙着施粥的府上丫鬟，吩咐了一句：“去凤鸣山下叫商行大掌柜李通来府上见我，本老爷有事情吩咐。”鹅毛大雪依然还在沙沙下着，林州城的大街上早已是厚厚的积雪，还结了冰，而且因为这冻死狗的鬼天气，大多数商户都关门歇业了，大街上也见不着几个人影，早没了往日熙熙攘攘的喧闹景象。 王老爷牵着郑年儿的小手，不紧不慢向前走着，可此时心中却是些许感慨。尽管与这小妞成婚已经十来天，可还真没有好好单独相处过。说实话，直到现在都还想不明白，这小妞好歹堂堂太守千金，之前也就见过两三次面而已，最多算点头之交，怎就稀里糊涂跟自己拜堂成亲了？还得相守一辈子、生儿育女的那种。转过头，只见这小妞虽娇艳，脸蛋上依然斑斑泪痕。 可情绪倒是平复不少，两人目光一对视，郑妍儿俏脸顿时一片红晕，明显因为刚才一见着他王老爷，心中悲痛之下便扑在他怀里的情形，几分娇羞。毕竟除了当初在大街上险遭马车冲撞，情急之下被他王老爷搂在怀里，两人还从未有过今日这般亲密举动，倒让王老爷又一阵哭笑不得。这小妞什么都好，就是太容易害羞了。这些日子在府上遇见，哪怕只喊上一声夫人。 他都能羞得无地自容，眼见他依然直愣愣望着自己，郑妍儿更脸蛋一红，一声娇嗔：“看什么看？你这坏人！”可紧跟着，明显因为那小孩童的事，心中依然难以释怀。夫君，你会不会觉得妾身太软弱矫情？这么严重的雪灾，哪有不死人的？可妾身就是想着，那么可爱的一个孩子，昨天还好端端的，今天说没就没了，心里就总觉得难受。王修苦笑，可还真不知该如何安慰他。 没想到这小妞依然满脸多愁善感，一双美目悠悠凝视着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半晌，似乎已鼓足着全身勇气，一声轻叹：“其实我知道，夫君对妾身并没有像对苏姐姐那般的男女之情，只是因为陛下赐婚才娶我过门。可是你知道陛下为何会将妾身赐婚于你吗？”咬了咬牙，其实这赐婚根本就是妾身让爹爹去陛下面前求来的。噗！刹那间，王修差点一口口水喷出来。 直愣愣望着他，嘴巴张得老大，都快能塞下两只臭鸡蛋。卧槽，这都什么情况？然而郑妍儿却是悠悠一声轻叹：“自当初第一次在林州诗馆见着你，鬼鬼祟祟卖,卖诗，明明讨厌的很，可不知为何，从那以后，脑袋里就总是忘不掉你这坏人。吃饭的时候也想着，睡觉的时候也想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娘亲说的一见钟情。她说当年第一次见到爹爹的时候也是如此。明明知道。” 你已经与苏姐姐有了婚约，可就是忘不掉。苦涩笑笑，还有当初在大街上，那般危险的情况下，你却不顾一切冲过来救我，你这傻子，当时都吓死我了。万一你要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听说吴子俊带着陆氏参军无身，要将你抓捕入狱，我急得直眼泪直掉。再后来，听爹爹说陛下还可能赐婚于你，我又感觉特开心。尽管明知道夫君只是将我当普通朋友看待，可我还是让爹爹去求了陛下。 然后才有了赐婚的旨意下来。只是说着说着，泪水已忍不住在眼眶打转，满脸患得患失，贝齿咬着下嘴唇，声音有些哽咽。我知道，夫君得知了这些，定会觉得妾身就是个轻薄不知羞耻的女子。可夫妻本当坦诚相待，妾身不想再继续瞒着你。我不敢奢求夫君能如戴苏姐姐那般待我，但只求夫君切莫看清了妾身。于是乎，王修便彻底懵了。 直愣愣望着眼前这女子那副患得患失的紧张模样，不知为何心中竟是一阵莫名酸楚。如何料得到，这个曾经一见着她就刁蛮脾气，动不动就扬着小拳头用卖诗的事做威胁的小妞，心中却是如此一份情谊。近乎本能，只是将她轻轻揽在怀里，双手紧紧搂着她那柔软的小蛮腰，一声轻叹：“傻妞。”俯下头，厚实的嘴唇已狠狠堵在她那樱桃般诱人的檀口上，顷刻。 郑妍儿如遭雷击，娇躯猛地一颤，似乎也没想到这个男人竟会做出如此动作来。可当王老爷终于将他放开，却又不由得愣住了。只见怀里这女子脸蛋早已涨得通红，羞得眼里都快滴出水来，可又明显哪里再不明白她的心意，几分甜蜜欣喜之下，扭头望向一边，再不敢与她对视。眼见她依然直勾勾盯,盯着自己看，更是瞬间羞得无地自容，小手轻轻掐在她腰间软肉上，一跺脚。 一声娇嗔，将头转过去，不准看。随即却扭过头，杨怒瞪他一眼。反正我不管，本小姐该交代的全交代了。你不喜欢我也罢，你看轻我也罢，反正这辈子本小姐就赖定你了。昂着小脑袋，使劲朝他扬了扬小拳头，几分恼羞下，气呼呼鼓着腮帮：“你这坏人，活该！谁让你当初在使馆卖尸，发现正盯着你们，竟敢朝本小姐瞪眼睛、扬拳头威胁的？谁让你这讨厌的坏人，害本小姐天天想着念着的？” 还偷偷哭过好几次，你要是敢对本小姐不好，我就把你卖尸的事告诉爹爹，让他去陛下面前参你。一时间那叫一个娇憨迷人，直看得王老爷眼睛都直了，却也只是将他搂得更紧了。半晌，才样样憋出一句：“要不今晚我去你房里睡。请客”顷刻，郑眼娇躯又猛的一颤，可紧跟着鼻息只是若有若无“嗯”了一声，更是脸蛋死死埋在他胸膛上，再不敢抬起头来，只隐约看见耳根都通红的吓人。 十一月初六，京城泰阿宫，依照惯例，朝廷每十日一次的大朝会。可此时，偌大的泰阿殿内却是笼罩在一片压抑紧张的气氛中。景隆帝头戴官旒，身穿龙袍，端坐龙椅之上，脸上却是一片震怒，目光冷冷扫过台下密密麻麻站着的满朝文武，一声威严怒喝：“诸位都是国之重臣，朕的股肱。这堪称二十年难遇的雪灾，都已经十来天了，各位还拿不出一个救灾的方案来吗？” 一时间，台下密密麻麻的文武百官低垂着头，噤若寒蝉。就连势力在皇帝一侧的司礼监太监张三千，都同样额头满是冷汗，颤颤巍巍，连大气都不敢出。唯独右丞相曹木半眯着眼睛，看不出丝毫情绪波动。这时，宰辅陈无香站在队列最前方，尽管同样满脸焦虑，倒是手持护板站了出来。陛下，今年这雪灾实属几十年难遇，鹅毛大雪连下了几天几夜，许多地方。 积雪甚至都超过三尺，而且不仅是京畿附近七八个州府，甚至包括再往南和西道一带，都同样受损严重。说着说着，声音更加沉重。截止昨晚，各州府上报的灾情，因为房屋被积雪压塌，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灾民已达十五万六千余人；被活生生冻死或者在逃难路上而亡的，更是已超过一万八千人。而百姓们被冻死、饿死的牛羊牲畜，更是不计其数。记得上次发生如此惨烈的雪灾。 尚且还是二十五年前先帝在位之时，其中受灾最轻的，反倒是林州府无家可归的灾民只有四千多人。据臣所知，也只因为郑明礼任林州太守这五年期间，每一年入冬之前，都会带领州府以及县府乡亭所有官员，全部下到乡间山野，由州府出钱招募劳力，挨家挨户检修加固房舍，筹备些过冬物资。再加上林州府这几年在太守郑明礼的治理下成效卓绝，百姓相对富足一些。 当然，因为大雪封路的原因，各州府的奏报要传到京城，最低也得两三天。眼下，恐怕情况恐怕已更加严重。景隆帝没说话，脸色依然阴沉的出奇。短暂沉默，陈无香才又沉吟道：“如今的朝廷国库虽依然算不得充盈，可比起当年已是好了不少。今日朝会之前，陈仪与户部有过探讨，要筹措出一笔钱粮，拨付到各地州府，用以紧急修建房舍，收留救助这些流离失所的灾民。” 倒也不算太难，无非明年朝廷各项开支与军费用度节省一些，而且臣也已经出拟了一份救助这些灾民的案略，只等陛下过目便可实施。脸上又是一阵苦笑。然而这雪灾比起其他灾情终究不同，真正让百姓们苦不堪言的不是饥荒粮食，而是这苦寒天气。诸位臣工都知道，别说今年，哪怕是往年，一到冬天，特别是到了晚上。 即便是穿得严严实实，还裹着被褥，也能被活生生给冻醒。唯独只能在屋子里烧上火盆，才能暖和许多。话锋一转，诸位臣公以及那些士绅大户，自然是不缺御寒的衣物被褥，不缺酒肉，也不缺取暖的木炭。可是那些最底层的百姓呢？只能活生生熬着，甚至很多人家连一件厚点的衣裳都没有，一大家子只能挤在一起互相取暖。而那取暖的木炭，往日都是十来文一斤。 可眼下就因为这雪灾，京城已经涨到了快五十文，足足翻了四倍之多，而且还供不应求。别说寻常百姓，恐怕就算诸多商贾地主家烧着五十文一斤的木炭，怕也是吃力的很。包括御寒的衣物被褥之类，同样价格翻了好几倍。这些也就罢了，最重要的，眼下才冬至刚过，距离来年翻春还有近两个月的苦寒，如果解决不了取暖的问题，将来还会有更多的百姓被活生生冻死。景龙帝依然没说话。 额头青筋条条暴起，脸上写满焦虑疲惫。身为天子，如何不清楚？宰府臣无相所言，才是眼下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拨付些钱粮，加紧修建临时房舍，收留灾民，倒算不得太难。可这才刚过冬至时节，接下来小寒、大寒，接下来恐怕只会更加苦寒。真正令人一筹莫展的，还是这御寒的物资。这根本就是个无底洞，哪怕掏空国库，也根本不可能筹集得到。 一时间，大殿之内更是阴云密布，气氛压抑凝重到极致。陛下，而这时，队列中间站出来一身着青色官袍的壮年男子，正是工部右郎中薛琪，手持护板，清了清嗓子，朗声道：“宰辅大人所言，句句在理。但是，陛下，卑臣却有不同看法。自陛下登基以来，那是勤政爱民、励精图治之下，如今大康的国力已是蒸蒸日上，陛下实乃千古难见的圣君也。如今雪灾突发。” 陛下更是殚精竭虑，与民忧心，更令天下臣民感念。赤裸裸的马屁倒是拍得干脆，紧跟着画风一转。然而这天灾自古以来，哪怕是天上神仙也束手无策。翻遍千百年史册，但凡洪灾、蝗灾、旱灾之类，哪一次百姓不都是死伤无数？远的不说，就二十五年前那场雪灾，据臣所知，被冻死、被倒塌的房屋压死的百姓都足足十多万人，更别提无家可归的灾民。因此。 陛下也不必过于为此事儿劳烦伤身。顿了顿，一脸邀功之态，朗声道：“而眼下最重要的却是这些灾民。众所周知，这些难民大多数皆未经教化，行为无端。可眼下却是如洪水之势，一窝蜂涌,涌入各大州府，甚至京城之中。记得也同样是二十五年前那场雪灾，先帝在位时就因为难民大量涌入城中，这样一群粗鄙野蛮之人，走投无路之下，竟是四处打砸抢掠，紧随其后。” 竟是生了民变，朝廷足足花了近一年时间，才终于将叛乱平息下来。因此，以臣所见，眼下朝廷当及时颁布诏令，令各州府衙门与城防司将这些难民全部赶出城去，并且严加监管。若有带头闹事者，当严惩。如此一来，才能杜绝二十五年前的祸事再次发生啊！另外，然而就在这时，话未说完，却只听得一声歇斯底里的暴喝：“一派胡言！” 响彻整个大殿，令人胆寒不已。只见此时景龙帝已是一片滔天震怒，嗖的一声站了起来，面色更以铁青阴郁的可怕，双眼喷着火，额前官流左右摇晃不已。一时间爆了粗口：“放你娘的狗屁！你薛琪倒是好洒脱，上下嘴皮子一碰，十几万甚至数十万条人命，在你眼里只如草芥，轻描淡写。好一句先帝时那场雪灾，被冻死、被倒塌的房屋压死的百姓。” 都足十多万，好一句未经教化、行为无端的渔民而已！狠狠一巴掌拍在面前桌案上，又是一声怒吼。可你知不知道，那都是朕的子民，是大康朝最寻常的百姓啊！就你身上这身衣服，每天吃的肉、喝的酒，每月从朝廷领的丰厚俸禄，哪一样不是出自你嘴里这些下贱渔民之手？亏得你薛琪。如果朕没记错，也是出身贫苦，祖上世代务农，还是靠着十五年前的春闱科举高中，然后一路平步青云，才有了今天这身官服。 才有了资格能站在这泰和殿内吧？就连各地那些最受你们这些官员与儒生瞧不起的商贾，尚且都还知道自发组织起来募捐一些御寒的衣物，熬上一碗热粥。你也是受过苦日子的，怎就有脸说出这一番话来的？咬牙切齿，已是怒极而笑。好一句，应该颁布诏令，令各州府将那些灾民赶出城去。如此天寒地冻，大雪盖地，如果不是实在无家可归，实在没了活路，谁愿意背井离乡？ 涌入城中，那也是想求个活命的机会。赶出去干什么？眼睁睁看着他们在荒郊野外活生生被冻死吗？怒急之下，身子颤抖不已，一声冷笑，那番溜须拍马之言，什么“朕勤政爱民，千古难见的圣君”，说的倒是漂亮。又是一巴掌拍在桌案上，可朕告诉你，朕不吃这一套。倒是你薛齐，嘴里说着圣君，却根本就是要让朕做前朝那荒淫无度的暴君摔帝呀。朕这大康朝。 怎就有了你这样的官员？一声大喝：“来人，给朕拖出去，给朕拖到城门外，让他也在那荒郊野外待上一天一夜，让他也尝尝那天寒地冻、走投无路的滋味。”自然很快便有殿外候着的御前侍卫径直冲了进来，将那早已吓得瘫痪在地面若死灰的薛琪左右架了出去。一时间，朝堂之上更是鸦雀无声，再听不见丝毫声音，就连一根针掉落在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满朝文武更是低垂着头，连大气都不敢出。尽管不少人也完全没料到，这薛琪竟然会无知到如此地步，说出这样一番言论来，可又如何看不出来？皇帝今日是动了真怒，气氛更加沉闷凝重，让人快喘不过气来。不知多久，只见与陈无香并肩而立的右丞相曹木，看似不经意回过头来，朝身后不远夹杂在人群中的吏部侍郎吴正德递了个眼色。吴正德会意，点了点头。 又悄无声息扯了扯旁边吏部右侍郎郑卓的衣袖，紧随其后，便见那郑卓几分战战兢兢行到大殿中央，措辞良久，才朗声打破大殿的沉寂：“陛下，虽说此次灾情乃工部与户部之私，但吏部却有为朝廷举荐贤才之责。刚宰府大人所言极是，这雪灾与其他天灾截然不同，朝廷拨付钱粮安置收留灾民是远远不够的。今年冬天，接下来恐怕还会更加苦寒。” 到时候恐怕被冻死的百姓与牲畜只会更多。如此严酷的形势下，以臣之见，恐也只有挑选一位真正的大贤之才来全面主持这赈灾大局。而眼下，臣心中却有一合适的人选，定可担当重任。顿了顿，声音都陡然提高几分，那便是蓝平县后王修。朝周围众人拱了拱手，诸位同僚皆知，那蓝平县后昔日洋洋洒,洒洒二十五首绝妙好诗，更有戏言提炼之术。紧随其后。 更有一人之力独占南楚二十多名饱学之士，扬我大康国威，何等风姿卓绝，屡建奇功，实乃大康千百年罕见之大才与祥瑞也，堪比神仙下凡。想来对这赈济雪灾一事，也定有奇思妙想。而眼下兰平县后虽尚未入京任职，可也以官拜太子伴读，为社稷分忧，为朝廷分忧，自是分内之事。因此，臣建议陛下可临危受命，诏令这兰平县后。 另设官职，全面主持着雪灾一切事宜，再由六部全力配合。相信以兰平县后的才学见识，定可轻易解朝廷燃眉之急。刹那间，大殿之内一片哗然，文武百官面面相觑，成群议论个不停，却是神色各异。景隆帝更是身子一颤，目光如炬望着这郑卓，面色变得有些古怪。身为皇帝，统领文武百官，如何不清楚这郑卓一番话究竟是怎样的包藏祸心？毫无疑问。 这雪灾一事，令整个朝廷都焦头烂额，无计可施。这什么所谓给那混账小儿另设一官职，全面主持雪灾事宜，六部全力配合，看着光鲜，可实则根本就是直接将那小儿推上了刀山火海。那小儿一身才学倒是不假，还隔三差五总是折腾出一些新鲜玩意，倒也不假。可眼下寒灾最紧迫的，却是需要大量的御寒物资。那小儿纵然天大的本领，还能平白无故变出几百上千万斤木炭？ 或者几百上千万床被褥，说到底，这满朝文武根本无一人胆敢站出来接这么一个差事。无疑，待到那小儿领了这样一个职务，却依然一筹莫展，冻死的百姓数字继续上升，到时候那便是失职祸国的罪名啊！这郑卓与吴正德一伙人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这是抓住机会就要把那小儿往死里整啊！一时间，就连宰辅陈无香扭头望向郑卓，也是满面愤恨之色。 奈何那郑卓又是一躬身行礼，朗声道：“还请陛下为社稷着想，为数十万百姓着想，速做决定啊！眼下情形，或许也只有兰平县后此等奇才，可力挽狂澜啊！”可这时，礼部尚书唐明却紧跟着站了出来，倒是一脸温和笑容：“陛下，臣认为此举不妥。此前那兰平县后大婚，臣亲自代表朝廷前往林州城庆贺，倒是见了那王秀，聊过几句。那后生虽却又一身才学。” 刻误算学方面更堪称精绝，可说到底也跟常人无疑。两个眼睛一张嘴巴，哪有正侍郎说的那么邪乎？根本就是一年轻小而已，哪懂什么赈灾？一拱手，更重要的，如此大事却交给一个区区十九岁的后生，传了出去，岂不也让天下百姓甚至周边诸国耻笑我大康朝廷无人？眼下朝廷还是得一边安置灾民，一边想方设法筹措御寒物资才是上策。然而，同样这时。 话还未说完，却只听得殿外一声大喊：“喜报，有喜报！快，快快通报陛下！雪灾、寒灾之危已基本解除了，百姓们有活路了！快放行，我要面见陛下！”不仅满朝文武，景龙帝也是一脸愕然诧异。紧随其后，便见大殿外急匆匆冲进来一壮年汉子，身着盔甲，腰佩横刀，头戴红羽，正是他景龙帝自雪灾爆发时派出去搜集各地灾情情报的宫中侍卫。 众人目光注视下，顾不得因长途跋涉早累得喘气如牛，已径直冲到殿中央，单膝跪地，语无伦次一声大喊：“禀禀陛下，雪灾寒灾已基本可解除了。”顷刻，大殿一片哗然，密密麻麻的文武百官一阵错愕：“怎么可能？”“是啊，朝廷的赈灾方案都尚未确定。”可紧跟着，只见这汉子更是满面激动：“是太子殿下与兰平县侯，禀陛下。” 雪灾发生之时，各州府皆受灾严重，被积雪压塌房舍、无家可归的百姓，短短几日便已达到数万之众。逃难的灾民们纷纷涌入城中，一度造成混乱。各州府衙门更是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应对。虽有大量地方商贾与士绅地主自发组织起来，募捐一些旧衣物或者施粥，可也根本杯水车薪。难民中被活生生冻死者与日俱增。声音颤抖的厉害，而凑巧。 太子殿下身在林州兰平县后府上，而就在初一雪灾爆发后第四天，眼见灾情越来越严重，涌入城中无家可归的灾民越来越多。在兰平县侯的谏言下，太子殿下来不及上奏陛下，颁布了太子令。王侯爷说，灾情紧急，百姓的生命大于天。而眼下大雪盖地，连官道都是两三尺厚的积雪，折子送到朝廷都至少需要三四日之多，待到朝廷的救灾方略确定。 钱粮拨付运往各地州府，至少又得需要五六日。如此一来，又不知多少百姓将活生生冻死。因此，唯一的出路便是各地迅速自救。满朝文武无人说话，只是讶然望着这边。在太监总管张三千示意下，倒是很快有个年轻小太监送上来一碗热水，咕咚咕咚狂饮两口，那汉子总算平复一些，才继续朗声道：“太子令规定，各地州府、县府官员不得以任何名义驱离涌入城中的灾民。” 治重灾当用重点，违令者就地免职。其次，太子殿下以太子府的名义，已经下令各州府针对各地商贾与地主进行了钱粮募集，并且提出，凡是出钱出粮的商贾，所出钱粮数额全部造册折算成银两，灾情结束后以两倍数额抵扣商税。如此一来，自然很快便得到了无数商贾的大力响应。短短一天，仅仅林州府便已募集到十多万两银子，而各大州府募集到的这些钱粮。 如今已经立即投入到灾民的救治之中，由各地官府招募劳力，大力修建临时安置的房舍，用以安置无家可归的灾民。太子殿下还临机调动了各地城防司与衙役，甚至附近驻军，全部投入到赈灾的前线，修建安置点，维护秩序，搜寻灾民，以及挨家挨户排查、加固百姓的房舍。就临州府，短短两天便已在城外建起了一片足以安置上万灾民的临时房舍。不仅如此，太子殿下还命令各地州府征召了大量医馆的大夫。 前往安置点，免费为灾民医治冻伤。截止到初四，卑职离开林州府时，绝大多数逃难的灾民都已经得到了安置。短暂停顿，却见这汉子又继续道：“当然，太子殿下与兰平县侯也深知，仅仅这些，百姓们要平安度过这个格外寒冷的冬天还远远不够。百姓们真正需要的，却是大量御寒的物资。可与此同时，那兰平县侯竟是带领着他万通商行的什么科技研发部。” 只用了一天时间，便弄出来一种新的可以烤火取暖的物资，那便是煤石。刹那间，景龙帝却是面色一寒：“荒唐！那煤石岂能用来生火取暖？身为天子，如何不知？别说南方一带，仅仅金鸡附近，便好几座大型的煤矿，从地下挖出来，状若石头，黑乎乎的，可以点火燃烧。只奈何那煤石虽燃烧持久，而且火力旺盛，却是伴随着大量乌黑色滚滚浓烟。” 那浓烟不但刺鼻难闻，而且应该含有剧毒之物，只吸入少量便能令人恶心呕吐；若稍微吸入多些，便可致人昏厥，甚至死亡。因此，那煤石虽是再好不过的燃料，可也只能用在大型作坊以及朝廷降噪监军期间，用烟囱将浓烟排出去。可即便如此，每年依然不少匠人因为这煤石的烟气中毒。就那玩意，怎能如木炭一般，用以百姓家中生火取暖？可没想到，那宫中侍卫却是面色一凛。 陛下，您有所不知，卑职所言这煤石与寻常所见的煤截然不同。兰平县后给取了个名字，叫做无烟煤。好像是选用纯度较高的普通煤石，再用器械碾压成粉碎，再经过清洗、筛分等等好多道工序。经过这样一番处理后，那煤石不但极容易引燃，而且没有什么浓烟，燃烧还持久。听王侯爷说，这无烟煤虽依然比不上木炭，家中用来生火取暖时，必须要留一扇窗户通风，防止中毒。 但如今情形下，却已是再好不过的取暖物资了。一边说着，似乎总算想起些什么。对了，卑职还带了一点回来。朝殿外一声大喊：“快，快把卑职带回来的煤石呈上来！”紧跟着，便有一名殿前侍卫拧了两个黑乎乎的东西进来，摆在了众人面前。只见这玩意倒是与寻常所见煤石大致差不多，只是颜色更黑一些，不像寻常煤石带着诸多杂色，而且总体呈褐色。更重要的，明显经过诸多处理。 眼前这两坨玩意竟是如饭碗般大小，整体呈圆柱形。不仅如此，上方还一个个筷子粗的圆形小孔，如同马蜂窝一般。于是乎，景龙帝便彻底愣住了。没想到那汉子又朗声道：“这个就是那蓝屏县猴，用无烟煤制造出来的，还取了个名字叫蜂窝煤。”这时，司礼监太监总管张三千自然迅速张罗着，让人搬过来一个宫中木炭取暖所用的火炉子，因为炉子里本还有燃烧着的木炭。 在那宫中侍卫的亲自动手下，众人目光所见，只见那什么蜂窝煤很快便被引燃。真正匪夷所思的，只见那蜂窝煤一边燃烧，发出短短的红蓝色火苗，竟是与木炭如出一辙，并没有冒出黑褐色的浓烟以及刺鼻难闻的味道。而且更重要的，燃烧的速度明显比木炭要慢上不少。与此同时，那汉子又沉吟道：“对了，王侯爷还说，寻常煤石生火，主要还是因为块头大小不一。” 燃烧不充分才会产生大量有毒浓烟。经过挑选杂质少的优质煤时，再经过碾碎与清洗，制作成这蜂窝煤，轻而易举便可避免燃烧不充分、产生大量毒烟的问题。当然，为安全起见，百姓使用这蜂窝煤做饭或取暖时，依然需要保持屋内通风。顿了顿，又是一拱手。不仅如此，眼下蓝平县侯已经将这蜂窝煤的制作技术无偿呈送到各州府衙门。与此同时，太子殿下也颁布了诏令。 要求各州府县衙不惜一切代价筹建作坊，加班加点大量加工这蜂窝煤，同时也征用了不少商贾们符合条件的作坊，简单改造后迅速投入生产。仅仅王侯爷的万通商行就好几座作坊，也暂时改造成了这生产蜂窝煤的作坊。而且因为各州府煤石丰富，成本低廉，而蜂窝煤的产量又大，所以截止到初四，市面上已经有了大量的蜂窝煤售卖，售价仅仅需要两文钱一斤。相信就这两日。 京城中也会有大量蜂窝煤运来。仅林州府而言，一夜之间，木炭的价格便已经从四十文一斤跌回到十多文。无数百姓都选择购买这蜂窝煤生火取暖，毕竟价格低廉又耐燃，寻常人家也能承受得起。随即，声音激动，又一声高喊：“因此，陛下，这雪灾与寒灾已基本解除了，百姓们也基本不用再担心无生火取暖之物，熬不过这个寒冷的冬天了。仅仅各州府现有的煤石存量。” 便足以支撑数千万斤蜂窝煤的生产。寂静，顷刻间，偌大的太阿殿内陷入一片死寂，再没人说话。文武百官们只是死死盯着大殿中央那依然正燃烧着的蜂窝煤炉子，满脸匪夷所思的错愕。不知多久，人群中也不知是谁一声惊呼：“这就解决了，就这么简单！”总算彻底打破寂静。一时间，大殿之内一下子沸腾起来，交头接耳议论声、惊叹声、欢呼声。 响成一片，快要将房顶掀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天佑我大康百姓呐！是啊，那煤石本为剧毒之物，仅仅这么处理一下，便无毒气了。还有太子殿下的赈灾诏令，可谓是大手笔啊，堪称赈灾谋略的典范啊！紧随其后，一阵震耳欲聋的大喊：“臣等为大康贺，为陛下贺！”宰辅陈无香更是嘴巴张得老大，激动的身子都不停颤抖。唯独吏部左侍郎吴正德。 以及那又侍郎正着，面面相觑，对视一眼，脸色有些难看，身子使劲往后缩了缩。而此时，景龙帝站在龙岸后，又何尝不是震惊的无以复加，直勾勾望着那蜂窝煤，眼珠子瞪得滚圆。身为天子，如何不清楚？这看似普普通通的蜂窝煤，对今年这个无比苦寒的冬天来说，意味着什么？虽说或许如那小儿所言，尚且比不上木炭，可是产量充足，价格低廉啊！ 区区一两文钱一斤，哪怕是地方州府出钱采购，也能满足大量的百姓所需啊！如此一来，虽依然欠缺不少衣物被褥之物，可百姓们终究也算有了御寒的物资，足以勉强熬过这个冬天啊！那混账小儿，怕真是个妖怪吧？那燃烧时冒出大量有毒浓烟的煤石，就这么处理两下，变成了可以屋内生火取暖的无烟煤了。就这么简单，便一举解决了百姓生火取暖的问题。最关键是。 还有太子的赈灾诏令，他如何不清楚？说到底，根本就是出自那混账小儿。什么召集商贾募捐，数额双倍抵扣商税。虽说接下来朝廷可能会损失一部分税收，可比起眼下这寒灾雪灾，算得了什么？果真是绝妙办法呀！不等朝廷拨付，便已迅速筹集起大笔赈灾的钱粮啊！还有那什么调动城防司与附近驻军，全部投入到赈灾前线。什么大量修建安置房舍，什么征召大量大夫免费为灾民诊治。 那更是面面俱到啊！这些统统也就罢了，那混账小儿与太子，是不是未免也太不将朕放眼里了？好歹也呈上一份折子来通报一声啊！搞得现在朕还正领着满朝文武商议雪灾寒灾的事宜，焦头烂额，一筹莫展。两个孽障又是直接以太子府的名义颁布了太子令，统领各大州府赈灾，又是研究出这价格低廉适用的蜂窝煤，不声不响，基本就把事给基本解决了。不声不响。 竟又为朝廷立下如此盖世奇功，眼下这大朝会还一个啥呀？跟上次南楚使团之事如出一辙。那混账小儿这个习惯非常不好。可半晌，也只是脸色青一阵红一阵，朗声道：“朝廷该拨付的赈灾钱粮还得迅速拨付。如此多的灾民，仅仅靠用抵扣商税之法来筹集，可能还不够。另外，太子府颁布的赈灾之令，户部与工部需全力配合。” 又目光灼灼望向吏部右侍郎郑卓，语气古怪丢下一句：“郑侍郎果真是慧眼如炬，料事如神啊！”德政殿，陈皇后身着便服，端坐桌案前，举止依然端庄华贵。此时默不作声，只怔怔眺望着殿门外皑皑白雪，满面愁容焦虑。良久，一声长叹：“今年这苦寒天气何时才是个头？只苦了百姓。”而身侧紧挨着，却正端坐着一女子。 约莫二十五六岁的年纪，身着一袭淡蓝色长裙，头戴珠钗，腰系流苏，勾勒着风韵成熟的身段。眉若轻烟，杏眸流彩，特别柔软腰身以及胸前浑圆饱满，举手投足无不是成熟女人特有的妩媚典雅。正是当朝长公主赵兰。赵兰何尝不是几分担忧焦虑？可半晌也只得一声轻叹：“阿娘，切莫太过忧虑。如今的大康已远非先帝时所能比，满朝文武必能想出个妥善的赈灾之法。” 并不至于令二十五年前的惨剧再次重演。峨眉青皱，吾乃女儿身，也早住进了公主府，自是不便再妄言朝廷之事。可在如此拖延下去，迟迟拿不出个赈灾方略，也不是个法子。眼下大雪封山，连官道都是厚厚积雪，朝廷即便拨付赈灾钱粮，最低也得四五天才能到达各州府。如此一来，不知又将有多少无家可归的百姓流落街头，活生生冻死。因此，女儿以为。 目前最紧迫的还是当迅速颁布诏令，令各地州府不惜一切代价筹备钱粮，先行展开自救。非常时期也不必拘泥于规制与形式，一切可利用的力量，包括城防司以及附近守军，皆可全部投入到赈灾前线。眼下一切当先以安置背井离乡的灾民为重。顿了顿，又宛然皱眉道：“况且昨日从商行中自庆国返回的商队主事口中得知，北方庆国也同样受灾惨重。那女皇帝李青梅。” 早在雪灾发生的第二日，便专权独断，不顾朝中多数大臣极力反对，直接颁布了诏令。不仅各地城防司与驻军，甚至直接从京畿大营调动了上十万大军，连夜奔赴受灾前线，安置救助灾民，还征召了上千名军医官以及民间郎中，由朝廷出钱给灾民治伤看病。直接调大军参与赈灾，这可是前所未闻之事。那个女子才二十一岁，倒是好大魄力。陈皇后一声长叹，话虽如此。 虽说后宫不得干政，可为娘终究身为皇后，母仪天下。然眼前却如此多的百姓身陷重灾，让本宫这心里又如何好受？满面苦涩，笑笑。算了，不说这个了。倒是丫头你啊，再过几月便年满二十六了，却还是独身一人。放眼这大康朝，还有几个二十六岁尚未嫁人呢？这些年又一直为商行的事劳累奔波。娘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有时候想着都心疼。 说到底，终究还是怪娘和圣上看走了眼，连续给你赐婚两任驸马，谁料皆是那道貌岸然之辈。却又打量他两眼，微微皱着眉头。对了，前不久你也去了一趟临州城，见了那兰平县侯，你觉得此人如何？然而赵兰却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阿、啊、娘，你怎跟太子一样，瞎琢磨什么歪心思呢？女儿不仅比他大着好几岁，况且他也并非女儿所喜欢的类型。更重要的，那家伙表面看着老实憨厚。” 可实则一肚子奸诈主意，上次被他一顿弯弯绕绕，就差点上了他的当。陈皇后怅然一笑，倒也是最重要的。他已经两个妻室，按照朝廷礼制与宗室礼法，你与他也自然绝无可能。倒是为娘多心了。皇后，皇后！然而这时却听得殿外一阵大喊，紧随其后便见景龙帝尚且还身着龙袍，大步便冲了进来，那叫一个神情激动，走路都带着风。 眨眼便已冲到两人跟前，皇后大喜呀、啊！解决了雪灾寒灾，解决了。陈皇后与长公主虽满面错愕不解，却也自然赶紧起身，迎迎施礼。而紧跟着，便见皇帝依然满面激动之色，倒是滔滔不绝，将刚才早朝之事讲了个大概。于是刹那间，陈皇后也是彻底愣住了，呆滞当场，已是震惊的无以复加。良久，才终于回过神来，狂喜之下，身躯都止不住有些颤抖。 又朝皇帝一躬身，恭喜陛下，贺喜陛下！这雪灾寒灾，满朝文武都束手无策，居然就被那小哥不声不响，如此轻松便解除了。那每一燃烧起来，就冒出滚滚浓烟的煤石，竟真可以做成那什么蜂窝煤，以取代那有价无市的木炭。此子倒真不愧为大康的祥瑞啊！此子若能入朝为官，稍加磨练，堪称是百姓社稷之福啊！一时间，长公主赵兰纵然向来沉稳从容，又何尝不是谈口微张？ 圆润白皙的脸蛋一片错愕，可没想到皇后话音未落，只见皇帝似乎瞬间想起什么，神色一暗，却是一阵无奈苦笑：“哎，别提了，那小子才华卓绝，而且一身经世济国的本领是不假，可实在不是个好东西，果真属驴的。”一边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份折子来：“瞧瞧吧，跟上次与南楚使臣的才学比试如出一辙。朕才刚散了早朝，都还没来得及回太阿殿，那狗东西的折子就到了。” 动作依然快得很，紧跟着更是一片愤愤之色。这次还好，没像前两次那般张嘴闭嘴言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请求告老还乡。折子开篇依然那叫一个感人肺腑啊！什么陛下您吃过饭了吗？听说京城的雪灾也很严重，您可得多穿点衣物啊！如果冻伤可就不好了。什么陛下日理万机，勤政爱民，可也千万不要太劳累了，一定要保重龙体。可说着说着，已是咬牙切齿。 额头青筋都条条暴起，可是紧跟着，你们瞧瞧那混账折子里都胡言乱语了些什么？归根结底，就说此次太子颁布太子令，下令各地州府县衙以抵扣商税的策略，迅速筹集钱粮，擅自调动各地城防司以及附近驻军，乃是他利用各种手段，他诓骗太子做出如此决定，实则跟太子无关。毫无疑问，为上奏天子，上表朝廷廷议，便自作主张，实则藐视朝廷之罪。 甚至连他是如何诓骗太子、颁布太子令，都讲得绘声绘色。紧跟着就一个核心内容了，要求朕治他藐视朝廷僭越之罪。顷刻间，景隆帝更以老脸铁青的发紫，咬牙切齿一声冷笑：“哟呵，不愧是名动天下的大才子啊！写的那叫一个洋洋洒洒,洒，满篇知乎者也，引经据典。什么朝廷当法度森严，方能彰显清明；什么陛下当恪守祖宗章法，方能立大康万年根基。” 总之一句话，虽此次赈灾以及上次与南楚使臣的比试立了点小功，可功不抵过，他有罪，蛊惑太子、僭越朝廷之罪，让朕立即颁旨免去他太子伴读一职，甚至可削去爵位，贬为平民。说着说着，情绪更激动起来，双眼喷着火，下巴胡须已是一根根翘起。皇后，你听听，人言否？人言否？朕倒是总算知道了，这小孽畜此番赈灾如此盖世奇功。 为何事先一份折子通报都没有，连朕都瞒在鼓里？吭哧吭哧与太子闷着脑袋就干，他就是故意要往自己脑袋上扣一个先斩后奏、藐视朝廷的罪名。一巴掌狠狠拍在面前桌案上，荒唐！乱臣贼子！看出来了，不把朕活生生气死，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没错，撺掇太子擅自颁布太子令，调动各州府城防司与驻军，的确有僭越之失。可灾情当前，数以万计百姓的性命面前。 朕还没昏聩到是非不分的地步。以他这道理，当初兵部尚书与灵州太守郑明礼来不及奏报，灵机专断调动京畿大营几千守军前往南楚，岂不是也得治罪？刚在早朝上，连那曹木吴正德一派都尚且还不敢站出来说，要求朝廷治那小儿的罪，把嘴巴闭得严严的。他倒好，自己上赶着请罪来了。朕着他两个大嘴巴子。为了辞去官职，他也是费尽心思，想尽了办法还不如像以前。 继续称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呢。额头青筋条条暴起，又一声暴喝。这大康朝的官位，在他眼里，竟真是如洪水猛兽般可怕吗？他那脑袋还能不能琢磨点正事了？当下又咬牙切齿一声冷哼。得，算算时间，那南楚长公主的和亲使团，这几日应该也快到了。朕干脆连同赏赐的旨意一起下了吧。混账东西，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犟驴。 要不是见他一身经世才学，又为朝廷屡建奇功，仅凭景阳那丫头之事，朕非得只看一眼。旁边赵兰却又赶紧住嘴。一时间，陈皇后已是满脸哭笑不得，而长公主赵兰却早已扑哧一声，笑得前俯后仰，花枝乱颤，圆润白皙的脸蛋一片红霞，清脆，果真是个有趣至极的妙人。十一月十一，要么鹅毛大雪，要么寒风凛冽，黑云密布的鬼天气持续了半个月。 终于放晴，赵太白那两囚货也终究在两日前，眼见赈灾一事进入正轨，绝大多数灾民也都得以安置，便匆匆回了京城。兰平县侯府上书房内，正中央那张梨花木书桌前，郑妍儿正不歪不斜坐在王老爷怀里，浅黄色轻纱长裙包裹着那娇小却又凹凸有致的性感身段，心腹际斜,斜插一根玉簪，竟是那般娇艳动人。可葱断小手正全神贯注临摹着一副当朝大儒李舍人的字帖。 王老爷只是从身后轻轻搂着这他那纤细的小蛮腰，却是一脸漆黑，哭笑不得。说实话，自从那日这小妞因为情绪低落敞开心扉，被他王老爷搂在怀里好一番怜惜，就像彻底变了个人一般。虽依然每次仅仅因为他一声夫人或者亲个小嘴，都能羞得脸蛋通红。就连这几日晚上一个被窝里搂着睡觉，打完架累得娇喘如云，每次都能娇羞的脑袋埋在他怀里，半天不敢抬起头。可偏偏又实在粘人的紧。 只要他在府上闲得无事，做女工也罢，读些书也罢，写字也罢，就总爱缠着他王老爷陪着。这些倒也无可厚非。可关键此时，这小妞就这样紧紧靠在他怀里，软香在怀，那温润弹性十足的感触，鼻息中隐隐传来女子特有的幽香，以及近在咫尺那张娇艳无比的脸蛋，硬是搞得他浑身火燥燥的，口干舌燥的厉害。一时间哪还丝毫犹豫，将她搂得更紧了些，歪着脑袋。 照着他那吹弹可破的腮帮，便狠狠啃了过去。可没想到，嘴巴才刚到位，手上动作还没跟上，便见这小妞迅速扭过头，便气呼呼瞪着他：“你想干什么？本小姐就喜欢这样靠在你怀里，让你搂着我，特别安心，特别踏实。但你不准乱动。”又没好气一瞪眼：“还有，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又在琢磨什么？音若蚊虫清脆，这几晚上折腾本小姐还不够吗？反正不管，今晚你去苏姐姐房间。” 只是话音未落，脸蛋又唰的一下涨得通红，偏偏又故作佯怒，朝他嘟囔着嘴，扬了扬小拳头：“活该，谁让你这坏人当初害得本小姐天天茶饭不思，还哭了好多次的，就这么抱着我不准动，我要练字。”于是刹那，王老爷更气得够呛，印堂漆黑，哪还顾得了那许多，顺手夺过他手中毛笔，二话不说便已将他拦腰抱起，大步便朝书房内侧设立的休息间而去。大爷的！ 练字有个鸡毛前途。顷刻，郑妍儿更吓得够呛，一声尖叫，花容失色，却奈何就他那娇柔个子，哪能从小爬树掏鸟窝的王老爷怀里挣脱出去？累得香汗淋漓，却也只得一双玉臂死死抱着他脖子，脑袋紧紧贴在他怀里，脸蛋早通红的如熟透的苹果，耳根滚烫，鼻息若有若无，一声轻吟：“放放妾身下来，回我房间。”王老爷顿时乐了，可没想到。 同样，这时却听得门外院子里响起一个丫鬟的声音。因为府上有规定，未经他与两位夫人允许，任何下人是不得进入书房的，所以也只得站在外面通报：“老爷，老爷，就刚才府门外来了一队送亲的队伍，仪仗还挺庞大，里面不少人还穿着官服，好像是南楚长公主的和亲使团。可奇怪了，那仪仗就停在咱府门外了，而且好像还有个京城赶来的公公，说是有陛下的旨意要宣读。” 王修一下子愣住了，完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南楚长公主的和亲使团不直接奔京城去，让景龙皇帝早点过上幸福生活，莫名其妙停老子家门口干啥？难不成是上次才学比试输得体无完肤，不服气还想找老子比拼一番找回面子？或者那朱妙语想要当面感谢老子，给他寻了个好婆家？倒是那句有陛下的旨意要宣读，让王老爷瞬间来了精神。哟呵，来了！ 八九不离十，前几天递上去的请罪折子有效果了吗？免官的旨意，这不就来了？顿时放下怀里正言儿，牵着他小手便大步朝外面走去。而当两人到达府门外，又是神色一怔。只见此时大门口果然正停着好庞大一只送亲的仪仗，足足近两百人之多，十多顶特制的布辇打头，紧随其后足二十多名身着南楚官服的送亲官员，骑着头系红布的高头大马，在紧跟着一顶规格极高。 奢华无比的大红轿子由八个壮汉抬着，轿帘紧闭，但是无疑里面坐着的自然便是那南楚长公主朱妙语了。而左右两侧还伺候着密密麻麻一大群丫鬟婆子。再往后便是有人抬着一口口挂着红彩头的崭新大箱子，足足二三十口之多。如果没猜错，自然便是那南楚公主的丰厚嫁妆。当然，最后面便是几十个身穿盔甲、威风凛凛的南楚侍卫随行护卫安全。 整个送亲队伍竟是连绵不绝，直接从他王老爷大门口延展到了远处街口，一眼望不到头。果然不愧是皇室公主出嫁，如此喜庆而又威严高规格的送亲仪仗，硬是看得他王老爷一愣一愣的。除此之外，大门口果然还处着一个身着宫中官袍的中年太监，圆嘟嘟的脸，笑眯眯的，自然正是前两次来传旨的太阿殿御前行走主事太监张景，双手平托着一个长约两尺、用蜜蜡密封着的木盒子。 身后同样一群威风凛凛的宫中侍卫，而苏婉晴也明显早得了消息，从府里出来，此刻正婀娜款款站在大门口，同样几分茫然。不仅如此，外面大街两侧也早已围了不少看热闹的百姓，正指指点点议论个不停。而这时，眼见他王老爷出来，那张景自然二话不说迎上来，更是一脸谦和笑容：“王侯爷，没想到这么快，咱们又见面了。奴婢此番奉陛下之命前来，又有一份圣旨要传。” 瞧了瞧他身旁郑娘儿，如果没猜错，这位便是林州太守郑大人的千金吧？记得当初郑小娘子赐婚的旨意，也是咱家来传的。王侯爷果真好福气，两位夫人皆是貌若天仙，又端庄贤淑。然而王侯爷哪有闲情逸致听他在这放彩虹屁？早已按捺不住，满心激动，侯吉侯急之搓手，公公是不是本侯前几日递上去的请罪辞官的折子？陛下批准了？没想到那张景先是一怔，微微眯了下眼睛。 神色说不出的古怪，然而同样，这时接下来的情形却让他王老爷一下子懵了，心情瞬间从巅峰跌落谷底，脑瓜子嗡嗡的响。只见这张景在他王老爷一脸猴急、嗷嗷待哺的期待目光下，倒是不紧不慢，当众拆开那密封的木盒子，从里面又取出来一份用红绸子系着的圣旨，展开，清了清嗓子，高声宣读起来：“诏曰，天地仁德，海内威家。 自有蓝平县后，王修饱学诗书，文才卓然，品德贤良，礼谦恭让。先有为朝廷进献细言提炼之术，开万世之功德；再有与南楚使臣才学比试，杨大康国威，立开疆拓土之不朽奇功。后有忠心辅佐东宫太子，赈济灾民，成无烟煤制作之术，解朝廷燃眉之急，救万民于水火。忠君爱民之心，天地可照。自此，为彰天子仁德，朝廷功名，特加封蓝平县后王修为蓝平县公。 十四千户，封地五千亩，赏上等月段千匹，金八百。顿了顿，却又继续念道：“令资南楚国之女朱氏妙语，年方二十，品貌端庄，才识卓绝，有徽柔之志，柔明玉德，有安政之美，静正垂仪，是为南楚国嫡长公主，品正身贵，前来大康和亲。闻之，朕心甚慰。自此，特赐婚南楚国嫡长公主与兰平县公王修，举案齐眉，缔结良缘。” 祝两国世代交好，洋洋洒洒，足足半炷香功夫才总算念完。紧跟着，才又圣旨一收，直接塞到他王老爷手里，笑眯眯一拱手：“王献公加封进绝，再逢陛下又赐婚一位美娇娘，可谓是双喜临门啊！”对了，京城里陛下上次赏的宅子“兰平县侯府”几个字，也该换成“兰平县公府”了。奴婢在这里先恭喜县公爷了，却又话锋一转：“不过县公爷先别急着谢恩，陛下还有口谕。” 陛下说：“你这小混账，呈上来的辞官折子，朕都看了，纯属放屁。不过，朕念在你为朝廷屡建奇功，且一家子皆在林州府，可额外开恩，保留你太子府伴读一职，推延一年，待到后年年后上任。但是，眼下朝廷求贤若渴，正是用人之际，又恰逢林州府判司徐敬之被你和太子一顿操作搞下了狱，判司一职暂无合适人选，因此，你这混账东西必须给朕顶上去，年后。” 林州府新任太守到任，你便去做那林州判司，尽心尽责辅佐新太守，为林州府百姓谋福。只给你一年时间，若是做出政绩来了，朕或许还可考虑准你告老还乡；若做不出政绩，便乖乖滚到京城来，老老实实做太子伴读去。顿了顿，陛下还说了：至于这南楚长公主，朕虽正值壮年，春秋鼎盛，但一心正事，无心在那妃嫔。这和亲一事，本是你这混账东西挣来的。 自然便赐婚给你，谁杀的谁埋，谁挣来的谁消化。以后你要是再靠比试赌约赢他国公主郡主回来和亲，还是你的。之前你尚且只为县后，身份低了些，可眼下已是当朝县公，倒也不至于辱没了人家南楚公主。南楚虽身为大康藩属国，可这朱妙语好歹身为王室嫡长公主，跋山涉水前来异国他乡和亲，你自己找个时间把喜酒办了，到时候夫妻恩爱，举案齐眉。 也不准冷落了人家，毕竟这牵涉到的乃两国世代友好的关系。王老爷如木头桩子般杵着，双目无神。没想到这张景却上前一步，压低声音：“陛下的口谕便这些了。不过话说回来，奴婢与王献公也算几面交情了，有些话奴婢还是当劝劝献公也。朝廷已经快十年没封赏过任何爵位了，可王公子短短几月时间便从直达当朝献公，这是何等的尊荣！” 这可是天下多少人做梦都不敢想的天大的圣宠啊！所以王献公可就别再隔三差五的给陛下写告老还乡的折子，惹陛下生气了。你是有所不知，陛下这段时间不知道为何一提起王献公你的名字，那就是满面怒色。就连堂堂景阳公主殿下，可是陛下最宠爱的公主了，如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被陛下下令不准踏出公主府半步。奴婢能说的就这些了。紧跟着倒是一个劲张罗随圣旨而来的那些侍卫。 将献公的朝服以及封赏的诸多物资呈了上来，又朝门口守着的那几个护院张罗着吩咐：“快开中门，迎南楚长公主殿下入府。”于是乎，王秀便彻底崩溃了，直愣愣望着身边郑儿替他接过来那崭新朝服，以及前方那浩浩荡荡的南楚和亲使团，如遭雷击，呆滞当场。一时间，硬是眼珠子瞪得滚圆，下巴都快滚到地上来，只感觉大脑嗡嗡的响。这一刻。 已经不想说话了。苍天啊，大地呀、啊，这特么到底都什么情况？仙人板板哟，老子只想安安稳稳做个小地主，做点生意，搞点小钱，悠哉悠哉混吃等死。这人生路怎就越走越偏了吗？那景龙皇帝是脑子有毛病啊？这是跟本老爷杠上了？老子三封请求辞官的折子写的不够情真意切吗？说的不够清楚吗？现在好了，官没辞掉，爵位先升一级。这个势头再混两年。 老子岂不是要封国公爷了？搞鸡毛啊！倒是可以晚一年去京城打工上班，先干一年的林州判司。可关键是那判司一职，说白了就相当于林州府仅次于太守的二把手，商贾、农耕、刑律、教化，一大堆破事都得管，累得苦哈哈，还没两个钱赚。而且鬼知道到时候新来的太守又是个什么货色，还不如直接跑京城去做太子伴读，陪赵太白那二球或拉屎拉尿呢。唯一的好处。 就是不用去京城跑皇帝眼皮子底下晃悠，这些统统也就罢了。关键是怎么又来个赐婚？上次那奏折，老子没说清楚吗？这南楚长公主孙妙语是老子专门替皇帝赢的，长得又乖，在刻物艺学方面造诣又高深，而且那身材一看就好生养，怎么就赐婚给老子了？听说那景隆皇帝才四十多，是不是不行了呀？ 老子这辈子最深恶痛绝的就是这封建社会三妻四妾的恶习了。娶了两个夫人，哦，还有个赵婉，老子内心已经很自责惭愧了。现在又来一个，现在怎么搞？可关键是，老子跟那朱妙语除了比试的时候在台上因为出题针锋相对说过几句话，根本连萍水相逢都算不上。还有那圣旨倒是写的文采斐然、引经据典的，可那皇帝口谕怎么张嘴闭嘴就是放屁？混账东西！身为皇帝，怎么如此粗鲁野蛮？ 毫无素质呢，他是不是真没什么文化、啊？还有，那张景不是说那皇帝最近一听见老子的名字就满面怒色吗？愤怒就把老子免官削爵为民啊，眼不见为净啊，怎么还反倒又是赐婚又是禁爵的？牛皮，厉害，这个脑回路常人一般理解不了。一时间，王老爷印堂漆黑，站在原地，神情呆滞，双目无神。 而刹那间，倒是远处那群围观百姓一下子热闹起来，尖叫声、议论声，甚至欢呼声响成一片。天哪！王公子又进爵了，当朝县公爷啊！大丈夫当如是，大丈夫当如是啊！哼，他就是运气好一些罢了。有朝一日，本公子必定会如此。哎，早知如此，当初他在林州使馆卖诗，本公子卖了宅子天地，也得多买几首啊！今日进爵迎娶南楚公主的，便是不才在下了。 还有几个女子的哀怨骂声，哎，气死我了！她都娶第三个了，还是没轮到本小姐。就是，亏得当初她与南楚才子比试，本姑娘给她加油，嗓子都喊哑了。薄情寡义，臭不要脸！我以后再也不喜欢她了。而苏婉晴又何尝不是谈口微张，惊诧万分？可半晌，也只是款款走了过来，几分嗔怪，没好气等她一眼，压低声音清脆：“夫君倒是好福分啊，再过些日子，咱府上怕是快住不下了。” 一只小手与郑妍儿一左一右，便是狠狠掐在她腰间软肉上，几分醋意交嗔下，倒是别有一番韵味。在那张景的张罗下，南楚宋清的仪仗依然还在将那些陪嫁的嫁妆浩浩荡荡往府门里搬。而这时，正当王修依然哭丧着脸，木头桩子般杵在原地，那座喜庆而又气派的大红花轿也正缓缓抬了过来。擦肩而过之时，却只见跟前那轿帘突然被掀开，只见轿子里。 一张精致娇美的脸蛋，白皙如凝脂的肌肤，轻手峨眉下，唇若点樱，眉如墨画，神若秋水，当真如明珠生韵，美玉荧光。头戴珠钗，只若画中走出来的美人。或许因为大婚出阁的原因，比起当初扮作宫女混杂在男楚使团中，更是秀色可餐了太多。只是此刻，那如一弯青红的双目，却已满是泪水在萦绕，雪白背齿死死咬着下嘴唇，强忍着眼泪不流淌出来。 与他王老爷一对视，目光之中几分幽怨，几分痛苦，几分绝望哀伤，甚至浓浓的愤恨与仇怨。王修，我恨你一辈子！话音未落，泪水已是如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随即轿帘再次遮上，轿子已被缓缓抬进府门。尽管诸如此类，国与国之间派遣公主和亲，远比寻常公主出嫁礼仪流程要复杂太多，而即便眼前。 仅仅是南楚宋清使团到来，也并非正式的成婚大典。可和亲公主入府，依然会有一大堆繁文缛节的东西。只奈何事发突然，皇帝根本就是杀了个措手不及，府上也根本没有任何准备。再加上南楚宋清使团方面，明显也兴致不高，一个个或垂头丧气如死了亲爹，或扼腕顿足满面悲愤。特别那群南楚官员，一个个望向王修的眼神，更是苦大仇深。 就好像被他王老爷半夜跑到自家婆娘床上撒了泡尿，提起裤子还不认账一般。所以最终这过门的仪式流程，也只是在府上老管家以及太监总管张景的仓促张罗下，简单走了个形式。可即便如此，也足足耗了近一个时辰。待到这南楚公主的嫁妆悉数清点造册，随驾的侍女婆子也都交接好名单，南楚使团才匆匆告辞离开。毕竟还要赶回南楚复命。只没想到临离开之时。 为首那约莫五十多岁、身着红袍官服的南楚官员，却是径直走到王修跟前，虽同样神色愤恨，倒是一拱手，长叹：“国事卑微，便无言谈外交。自古皆如是。我南楚国走到今日，割地称臣，派公主和亲，更为致命的，失了岐山之地。我南楚门户大开，再无屏障依托，从此注定彻底沦为大康的附庸傀儡。耻辱，奇耻大辱啊！”声音一度哽咽。 虽南楚走到今天，皆拜王献公所赐，可也怨不得别人。但长公主殿下不仅是我南楚嫡长公主，更堪称我南楚第一国士，对客物易学的研究与造诣，可谓举国无双。而且为了南楚的繁荣与强大，可谓是呕心沥血，也饱受南楚万千臣民的爱戴。奈何天意弄人，令殿下遭受此般屈辱。下官只求王献公日后能待殿下好些，莫让他受了苦难。又是一拱手，翻身上门，调转马头。 仰天一声悲呼：“长公主殿下，老臣走了。环望殿下，多多保重，切莫忘了南楚的清风与明月。”浩浩荡荡的送亲仪仗就地折返，只是隐约听的人群中有人在叹息，有人在低声抽泣，倒是几分难以言状的悲凉。王修怔怔站在原地，目送和亲使团缓缓离开，直到最终消失在远处的街尾。身为南楚嫡长公主，此番前来大康和亲，仅仅随驾伺候的侍女与婆子都足足二十多人。 再加上虽已过府，可终究尚未正式婚典，因此在苏婉晴以及老管家的安排下，府上倒是很快，紧挨着后院收拾出来一座独立的小院子，供着南楚公主与随嫁侍女居住。倒是府上这些丫鬟下人，一个个却是欢天喜地，神情洋溢的很，连走路都带着风。毕竟眼下府上老爷不仅晋爵献功，更即将要迎娶堂堂南楚公主，那也是让他们这些下人脸上有光的事啊。毕竟别说迎娶寻常百姓。 哪能有荣幸能见得到皇室公主一面？何况还是他国公主。唯独王修却是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发了一整天呆，直到傍晚时分才走出书房大门。本想着招手令伺候在外面的下人送上些饭食来，可沉思良久，却是咬了咬牙，径直朝安置朱妙语那小院子而去。倒不是他王老爷见色起意，尚未婚典便对那女子有何非分之想。相反，扪心自问，即便不得不承认。 那妹子很漂亮，用闭月羞花来形容也不为过。可说到底，他也不是那种一见着美女就走不动道的人。更重要的，直到现在，想破脑袋都没想明白，如这种他国公主和亲，一般情况要么是给皇帝做嫔妃，要么就是下嫁给皇子做侧妃。可那狗皇帝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到底脑壳有毛病，还是神经搭错线？怎就赐婚给老子一个身份卑微的县公爷了？大爷的，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下好了，莫名其妙多个媳妇，还特么是皇帝赐婚的和亲公主，退都退不掉。当然，对于花轿入府时，轿帘掀开，那女子望向他王老爷，那满面幽怨、痛苦、悲伤，甚至仇恨，以及那句“我恨你一辈子”，他倒也能理解。毕竟，就因为那一场惊动天下的才学比试，南楚不得不向大康称臣、纳贡、割地。而他身为公主，南楚遭受如此奇耻大辱，心中如何不愤恨？ 就连他自己身份尊显，也迫不得以前来和亲，更是莫大屈辱。从此远嫁异国他乡，甚至极有可能此生都再回不到故土。况且，这种和亲的公主，哪怕身份尊显，可终究因为是他国之人，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只会在和亲之后受尽排挤与欺凌，甚至多少前往他国和亲的公主，最终含恨自尽。这也是为何宋清使团临行之前，那南楚高官哪怕明明对他王老爷恨之入骨。 却还得好言相求，无非也是担心那妹子嫁过来之后会饱受欺凌。更重要的，这一切还根本是他王老爷一手造成的。恻隐之心有一点，可要说心存愧疚不至于。国与国之间的交锋本就是如此残酷。只是眼前那妹子既然已经入府安顿下来，于情于理，哪怕出于礼节，他也应该去探视一下。刚踏进小院门口，便见两个男楚随嫁的小宫女迎了上来。 倒是毕恭毕敬，盈盈一失礼，奴婢见过驸马爷。只紧跟着又面色一紧，应该是想劝阻，说些诸如驸马与公主尚未正式举行婚典，不能坏了礼节，单独相见之类的话。奈何眼见他王老爷面色有点不好看，硬是活生生咽了回去。小手攥着裙摆，紧张兮兮憋出一句：“殿下此时在二楼厢房。”倒是有些好笑。而当王修径直到了二楼，轻轻推开正中央那间厢房进去，却不由得一愣。 只见这座以往本来空置着的独立小院，仅半天功夫便已收拾得焕然一新。在苏婉晴的安排下，该添置的家具物事也都已添置齐全。而眼前这间宽敞厢,厢房也同样布置一新。此时，那朱妙语默默坐在靠窗那崭新桌案前，一袭淡紫色长裙勾勒,勒着那匀称婀娜的身段，搭配那精致娇美的面容，头戴珠钗，说不出的明艳照人。几分沉静淡然下，更多的…… 却是身为王室公主特有的端庄典雅，此刻只是一动不动坐在椅子上，眉目悠悠望着窗外，也不知在想些什么，眉宇之间一片浓浓的哀伤与凄凉。而身后两个约莫十六七岁、身材娇小的男楚宫女，应该便是她的贴身丫鬟了，正忙着收拾一些随嫁带来的物事。只为独令人诧异的，从男楚带来的随嫁物品中，竟绝大多数都是一些书籍，很少金银首饰与衣物。道果真不愧是南楚第一才女。 一边收拾整理着，两个丫鬟还小声嘀咕个不停。公主在南楚时，早就听闻这大康可比南楚富有多了。果真不假，瞧瞧驸马这府上的陈设用具，竟比咱南楚王宫都差不了多少。对呀、啊、对呀、啊，这林州府的冬天可比咱南楚寒冷多了。一路上，奴婢都冻得腿脚不听使唤了。可瞧瞧这府上，屋子里居然如此暖和。奴婢刚打听了，说是安装了什么供暖系统。还有。 这府上的两位夫人也特别好，就刚才大夫人还亲自过来问有没有什么需要添置的。然而朱妙语依然悠悠望着窗外，这大康再好又有何用？声音怆然，说到底终究是飘零在异国他乡，寄人篱下而已。又凄然一笑，其实本公主倒无所谓。自从昔日那场比试，南楚大败，我便认命了。作为和亲的公主嫁来大康，或许便是我的命。嫁给大康皇帝也罢，嫁给皇子做侧妃也罢。 或是嫁给其他侯爵公爵，都注定含愤屈辱的过完一生。史唯独没料到，皇帝居然会将我赐婚于他。虽说他一身才华，如今又贵为大康公爵，倒也不算辱没了我这个贫弱难处的长公主。但别忘了，尽管当初那场赌约比试，皆因我男楚主动挑起，可男楚能有此番奇耻大辱，本公主能有今日的屈辱，全拜他所赐。说着说着，总算注意到厢房门口站着的王修，顷刻间神色微微一变。 随即，倒是朝两个丫鬟吩咐一声：“你们先下去吧。”两个宫女自然赶紧施礼退了出去。于是很快，厢房内便只剩下二人。房间内的气氛顿时有些沉闷诡异。王修脸色依然有些难看，倒不是因为这女人那份恨意仇意不仅难处，包括他自己被他王老爷一顿骚操作搞成这个样子，要是能对他笑脸相迎、心生欢喜，那才是见鬼了。恨就恨着呗，老子又不少块肉。最主要还是。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事情变成这个样子，他也不知该如何处理这南楚公主了。然而这时，不等他开口说点什么，接下来的情形却让他一下子懵了。只见这女人倒是与刚才花轿入府时截然不同，哪怕刹那间目光中已是一片深入骨髓的愤恨仇怨，却并没如意料那般羞愤交加便冲过来跟他拼命撕衣服扯头发打一架。相反，竟是连刚才那满面凄凉怆然也消失的无影无踪，正正凝视着他。 面色说不出的平静，嘴角泛起一丝冷笑。怎么，尚未婚典，王献公便进小女子的厢房，是想来看我这个南楚公主的笑话，嘲笑我南楚国仅仅因王献公一己之力便沦落到如此地步，还是迫不及待想要早点享用胜利果实？几分讥诮，声音已冷漠怆然的出奇。没错，自昔日比试大获全胜，王献公倒是好生意气风华，进爵封赏，就连我这个和亲的公主也被皇帝当做笼络人心的工具赏给你了。 况且当日立下赌约之时，王献公尚且不知小女子身份，却是一口便咬定让小女子和亲做赌注。想必也是见小女子尚有几分姿色，早就有了心思吧。却又是怆然一笑：“没关系，自大康皇帝赐婚的旨意下来，小女子的身子便注定是王献公的了。南处肌弱，眼下更沦为大康附庸，我这个长公主又有何尊严可谈？”没关系，早一天晚一天有何区别？一边说着。 竟是不紧不慢站起身来，背齿死死咬着下嘴唇，一双葱缎般的小手在腰间束带上轻轻一扯，长裙滑落些许，一抹嫩滑香肩瞬间展现在他眼前。昂着头，但只求王献公动作能快些。小女子有些疲乏，还想早点休息，明日还有些课务学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然而话音未落，却终于再忍不住了，屈辱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却偏偏背齿死死咬着下嘴唇，强忍眼泪不流淌出来。 目光一片决绝，于是刹那，王老爷便彻底惊呆了，直愣愣望着这女人，硬是眼珠子都快滚到地上来。大爷的，这婆娘有毛病啊！还真没看出来，这女人性子竟刚烈到如此地步，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羞辱老子。尽管何尝不清楚，换做任何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子，若不是心中恨到极致，若不是万念俱灰的绝望与悲凉，又怎会做出如此惊人之举？ 可一时间也是被气得快吐血，心中怒火腾腾的烧。可尽管如此，也只是铁青着脸，死死盯着他那双死死拽着裙摆的小手，嘴角同样一丝讥诮：“你倒是脱啊，继续脱啊！”朱妙与贝齿依然死死咬着嘴唇，脸蛋苍白的可怕，身躯颤抖的厉害。半晌，眼见这女人依然没有丝毫动作，只是满面悲愤仇怨盯着他，王修才又一声冷笑，径直走到他跟前，抓住他的裙领。 替他遮住那一抹诱人香肩，以及胸口那高耸的火红束胸，只冷冷丢下一句：“既然不敢脱，又装什么刚烈？”放心吧，本老爷对你这样的没兴趣。随即大步便朝门外走去，身后只传来一声歇斯底里的大喊：“王修，你就是个混蛋！”以及一阵抽泣。而当王修刚走出房门，却不由得一愣，只见此时苏婉晴正俏生生站在门外过道中，眼见他出来，顿时泛起几分无奈。 妾身本琢磨着过来跟她聊聊，说会儿话。毕竟以后便是府上的姐妹了，而且她又是南楚前来和亲的公主，异国他乡的，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心中难免委屈。再加上下午是妾身吩咐管家去找人看了，半个月后十一月二十六是个大吉的日子，也想顺便听听这妙雨妹妹的意见。妾身又管着府上大小事务，这些事情总得提前操持起来。紧跟着却是盈盈走到她跟前。 温柔理了理他领口衣衫，没好气朝他一瞪眼，又嗔怪道：“倒是夫君你，你好端端的，为何非得如此羞辱于他？”其实妾身倒挺理解他的，身为南楚嫡长公主，自是心忧着南楚的社稷与子民。奈何眼下就因为与夫君的一场才学比试，南楚不得不继续称臣纳贡，永久失去了通于虎牙、岐山三地的城池与人口。这也就罢了，就连他自己都不得不遵从赌约，前来大康和亲。自古以来。 和亲的公主本就是莫大的屈辱，而且身处异国他乡，甚至此生都再回不去故土，让她心中如何不悲苦，如何不伤感？更何况和亲的对象还是夫君你，无论南楚或者他自己，落到如今这地步，也皆为夫君一手造成的，让她心中又如何不恨？嗔怪的朝他一瞪眼，轻叹道：“虽说此乃大康与南楚之间的交锋，而且昔日的比试也本是南楚挑起，身为大康人。” 妾身还不至于对南楚如今的遭遇诸多同情。然而这妙语妹妹虽为南楚公主，可来胡了亲，日后便是府上的夫人。她是她，南楚是南楚，夫君怎能轻贱于她？又没好气一撇嘴，小手在她腰间掐了一把，去，心平气和，好好和她聊聊。妾身明日再来找她说会话。王修顿时印堂漆黑，哭笑不得。说的倒是轻巧，虽然老子还在为这和亲的婚事头疼。 可还不至于没品下作到主动跑上门去，言语侮辱一个手无寸铁的娘们，哪怕还是个外国娘们。可关键是刚才他先动手的呀，瞬间就把老子的火窜上来了。还什么只求王献公动作快点，老子动起来就快不了。倒是眼前这婆娘，明明心中还几分醋意，却还偏偏如此知书达理，思虑的面面俱到。半晌，也只是将她轻轻搂在怀里，上下其手好一番联系，直折腾的这婆娘脸蛋酡红吐气若兰，丢下一句：“一会儿我来你房里找你。” 终于放开他，才黑着脸又向朱妙宇房间折返回去。哎，这都叫什么破事、啊？那狗皇帝纯粹给老子找麻烦。而当他再推门进去，却见朱妙宇依然安静坐在窗前桌案前，目光悠悠望着前方。只是那娇美至极的脸蛋上，泪水正一颗一颗无声滚落着，香肩微微耸动着，一双玉手死死攥着裙摆。即便满面悲苦，泪水却依然强忍着不哭出声来。可此时，眼见他王老爷又推门进来。 顿时身躯一颤，几分慌张，三两下擦拭去脸上泪水，瞬间便已恢复了刚才不悲不喜的平静脸色，面无表情望着他，声音依然冷漠：“王献公怎又回来了？难道是后悔了？刚才没要了小女子的清白身子？”顷刻，王修又一阵气结，脸色漆黑：“大爷的，这女子性子还真不是一般的刚啊！要不是明知道这婆娘根本是因为对老子恨入骨髓，心中万念俱灰的悲凉绝望。” 方才有如此过激的言语举动来，或许对他而言，也只有如此方式才能在老子面前显得有尊严一些吧。否则，老子今天还真的让他试试，老子动作快不快得了。尽管如此，却也只是屁股一甩，大咧咧在他身后床沿坐下，翘着二郎腿，双眼索性肆无忌惮，死死锁定在他胸前那高耸饱满上，一撇嘴：“对呀、啊，要不你再脱衣服试试？”其实刚才出了门才发现，其实你这南楚公主。 长得也还可以，胸大屁股翘，应该好生养。你请客，果然之间，这女子面色猛的一变，被持死咬着下嘴唇，胸前饱满，上下起伏的厉害，双目之中已是一片愤恨恼,恼羞。可没想到，王修又只是讥诮一笑：“性子不是挺刚烈的吗？怎么两三句话就受不了了？”目光倒是总算从他胸前移开，仅仅是作为和亲的公主嫁到老子府上来，心中就觉得委屈了，屈辱了。不知不觉。 脸上已是一片冷笑。不过，我倒是想问问你，朱妙雨身为南楚长公主，哪来的资格在这哭哭啼啼、凄凄哀哀？你扪心自问，眼下这一切，难道不都是你南楚一手造成的？区区藩属国，竟敢在宗主国面前嚣张跋扈，动不动就叫嚷着要我大康归还通于虎牙二弟，拨付钱粮，下嫁公主，不就是算准了眼下大康面对北方庆国形势危急，不敢贸然南下用兵吗？说实话，我就一闲散侯爷。 对国政大事向来不关心，你们南楚要钱要地，直接去京城找皇帝谈呗，谈不拢，大不了就打呗。顿了顿，更已是满面嘲讽。结果你南楚使团厉害啊，思路相当清晰啊，居然先找到老子府上来了。特别那由四方，更是举止跋扈啊，张嘴闭嘴就逼着老子跟你们才学比试啊，眼光很独到嘛，想把老子这个朝廷新晋的侯爷踩两脚，先扬眉吐气一番啊。不搭理你们吗？还来劲，又是激将法。 又是冷嘲热讽的，一耸肩膀，一撇嘴，结果比试输了就全傻了，大眼瞪小眼了。哟呵，你爹更厉害啊，输红了眼，拉都拉不住了，非得拽着再来一局啊。结果呢，岐山之地又搞没了，反倒把自己气得口吐鲜血，昏死过去。朱妙雨面色惨白，玉手死死抓着裙摆，只是愤恨盯着他。短暂沉默，却见王修又只是淡然笑笑。当然，你也猜的没错，本老爷之所以提出那些的赌约条件。 也根本就是将计就计，摆了你们南楚一道。因为就那三个比试项目，哪怕你南楚前来的保学之士再来一百人，在本老爷面前也根本赢不了。把玩着腰间羊脂玉吊坠，几分无奈。至于你朱妙宇前来大康和亲的条件，不错。从你南楚使臣随行人员中看你第一眼，本老爷就已猜到你在南楚的身份绝非普通宫女，只唯独没料到，居然还是嫡长公主。我知道，作为和亲的公主，你心中屈辱。 绝望，只说着说着已是几分寒意。可你朱妙语有没有想过，若那场比试本老爷输了，或我大康皇帝被迫答应你南楚的条件，我大康的景阳公主现在恐怕已身在你南楚偏隅之地了吧？嫁给你爹，一个年纪都可以给他当父亲的男人做侧妃，他又是何等的屈辱？他又该如何的绝望悲伤？一时间情绪几分激动起来，面色阴沉，带着讥诮冷笑。你朱妙语身子娇贵，可我大康的公主，虽然我也没见过。 可难道他就活该如低贱的货物般送来送去？你朱妙语还真别动不动在本老爷面前玩什么刚烈女子那一套，幼稚可笑，简直不知所谓。说完，却已再懒得搭理他，站起身来，只冷冷丢下一句：“这小院你就长期住着吧。”放心，除了以后婚典洞房花烛夜，本老爷不会再踏入半步。当下大步便朝门外走去。然而刚走两步，却只听得身后一声轻喊：“王修！” 转过头，顿时几分诧异。只见不知何时，这女子已是满面晶莹泪水，香肩微微颤抖着，小手依然死死攥着裙摆，哪还有刚才那强装出来的倔强与刚烈模样？泪水一颗一颗不停滚落，眉目之中已是深入骨髓的怆然凄凉。半晌，才声音哽咽呢喃道：“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南楚走到今天这一步，全是咎由自取。其实你有所不知，当初使团前来大康之前……” 我便劝谏过无数次，我南楚应当趁着大康与北方庆国形势剑拔弩张之际，难得喘息的机会，与民休息，迅速发展，积蓄实力，待到时机成熟，再收回通于虎牙的失地。奈何父亲刚愎自负，太急功近利。包括我南楚所提出的让大康派公主和亲的条件，其实小女子更死谏过无数次，因为我深知，任何一个女子沦为和亲的工具，那都是莫大的屈辱，那都将痛不欲生一辈子。 奈何父亲依然独断专权，根本不听小女子的劝阻，希望借此狠狠扬一番南楚的国威。只是眼下，小女子反而成了这和亲的公主，如工具般送来送去，乃是报应吧？可没想到，紧跟着却似乎鼓起莫大的勇气，咬了咬牙，从椅子上缓缓站起来，竟是朝他盈盈一躬身：“小女子为刚才举止无端，故意出言羞辱、唐突之举，向王献公赔礼了。”随即却又死咬牙关，脸上迅速泛起一片仇怨。 可王修，你依然是我南楚的死仇大敌，哪怕此生我已注定会嫁给你为父但我依然恨你一辈子。然而王修只是摆了摆手，便已消失在门外。第二天，直到日上三竿，王老爷才终于一脸意犹未尽，一边扶着有些酸软的腰从苏婉晴房间出来。本打算趁着天气好去福寿大街商行品牌体验馆看看，毕竟商行新推出的香皂、肥皂之类新货品，前几日才刚刚正式开始售卖。 可没想到，刚走出内院大门，便见外面早已候着一府上丫鬟，朝他一躬身：“老爷，老爷，国子监祭酒孔先生前来给老爷您讲学，都已在前庭候了半个时辰了。”于是乎，王老爷脸色一下子就垮了。不提还好，一提起，那是气不打一出来。哎呦，卧槽！天菩萨也，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破事哦？那狗皇帝是真会给老子找麻烦啊！瞧瞧朱妙语的事，还正搞得老子一肚子鬼火。 这里又来了，就想不明白了，那景龙皇帝到底是哪根神经不对了，就跟老子一世景小明杠上了。为了给老子洗脑，能让老子乖乖去给他打工上班，是真的拼了。这段时间，除了跟太子一起赈济雪灾那几天，那孔令先是天天跑来府上，就缠着他王老爷要给他讲学。一大早就在前厅等着了，比鸡公打鸣还准时。不愧是堂堂国子监祭酒，堪称天下读书人之师啊！一天一个时辰，满篇知乎者也，引经据典。 那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只讲的他王老爷肚子里直冒酸水。现在倒是总算能理解当初为何每次给赵婉长篇大论教育的时候，那婆娘就是一副要吃人的德性了。这也就罢了，还有那礼部尚书之子唐宰聪，简直跟他师傅一个德性，那是天天缠着老子给他讲学、算学,课学、课务学一大堆稀奇古怪问题，没完没了，烦死人了。尽管如此，却是眼珠子咕噜一转，计上心来，大步就朝前厅而去。 得，思来想去，还是得想个办法，把这烦死人的师徒俩一劳永逸解决了。刚走到前厅大门口，果然如同往常，只见孔令先依然一身如山，精神抖擞，便迎了上来，一脸和善笑意，还不忘一拱手：“王侯爷，哦不对，应该改成王县公了，老夫又来叨扰了。今日老夫便给王县公讲讲上古圣贤思想中关于君与社稷与民的关系。”而唐宰聪那货紧随其后，折扇一手，几分猴急猴急，便凑了过来。 王兄，你到底啥时候给我详细讲解那零到五可组成多少个六位单数？具体怎么推导啊？对，在下昨晚又琢磨到一个问题：自古饱学之士皆云天圆地方，可为何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西边落下？每日皆如此。我琢磨了一晚上，觉都没睡，琢磨不出来。你知道为何不？给在下讲讲呗。王修嘴角一抽，不想说话。神经病啊！就想不明白了。 这货堂堂礼部尚书之子，当朝顶级官二代大纨绔，不知道去做些强抢民女、欺行霸市的事，或者混迹青楼拿银子砸花魁，天天脑子净瞎琢磨些什么呢？能不能务点正业了？可关键是这涉及到的什么大地是个圆球，地球绕着太阳转，老子也不敢讲啊！在这个天圆地方、大地为宇宙中心的观念根深蒂固的时代，老子要是敢讲这些，或许倒不至于如发现与维护日新说的哥白尼、布鲁诺那般死无葬身之地。 但恐怕也得被天下儒生世子的唾沫活生生淹死啊！没想到这货反倒还来劲了，抱住他胳膊就一副死皮赖脸的哭丧样。王兄，你就给在下讲讲呗！你不知道这些问题都快把在下给逼疯了，头发一把一把地掉啊，脑袋一昂，反正我不管。你要是再如往日那般推脱，我就往地上躺，没三千两银子起不来。王修直垮着张脸，可紧跟着却是眼珠子咕噜一转，已是一脸奸笑。 一拍他的肩膀，太阳为何东边升起又西边落下？这个问题本老爷也不懂，但本老爷脑子里也有两个问题，堂兄能否帮着琢磨琢磨？唐子聪一愣，不明所以。没想到王老爷却是二话不说，便已拽着他到了外面院子里一棵碗口粗的黄花树下，抬头朝树上一望，几分失望，喃喃自语：“大冬天的，这黄花树也不知道结几个苹果。”随即狠狠一脚踹在树干上。 顿时，树枝上几块拳头大的积雪瞬间掉落下来，不歪不斜，砸在唐仔聪脑袋上，将他砸得几分狼狈。紧随其后，便见王老爷先是眉头一皱：“堂兄，你说这积雪为何会往地上掉落，而不是往天上飞或者漂浮在空中呢？还有，天上打雷的时候，为何咱们总是先看见闪电，然后才听见雷声呢？”一声长叹，直摇脑袋：“堂兄，你也有所不知啊，就这些问题。” 本老爷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了琢磨透这其中缘由，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人都快要疯掉了。可没想到，话音未落，唐宰聪却一下子来了精神，顾不得刚被积雪砸得晕头转向，却是一把拽住他，乐了：“咦，王兄，原来你也跟在下一样！”一时间，那叫一个欣喜若狂。天啊，知己，终于找到知己了呀！一拍大腿：“王兄，你是不知道啊，就因为成天总爱琢磨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琢磨不出来，就茶不思饭不想的，搞得连在下自己都怀疑是不是精神有问题，患有脑疾癔症。不仅如此，母亲和妹妹都已经找过好多名医来给在下诊治了，根本没效果。没想到王兄的症状跟在下是一模一样啊！一拍胸脯，对了，听说王兄之前也患有严重的脑疾。没关系，待到母亲与妹妹寻得名医，治好了在下的脑疾，定带他来给王兄也诊治一番。可说着说着，又是神色一暗。对呀、啊。 积雪为何会掉在地上呢？打雷时为何总是先看见闪电后听见雷声呢？歪着脑袋，眉头紧锁，很明显又开始头疼起来了。半晌，脑袋直摇晃，一跺脚，不行，这问题好像有点深奥、哦，待在下回去慢慢琢磨，琢磨出眉目来了再来与王兄探讨。告辞，眨眼间便猴急猴急走远了。于是乎，王老爷便心满意足了。嗯，只要以后。 不再天天来缠着老子讲课，烦死个人，就自己慢慢琢磨去吧。随即却又扭头望向跟出院子来，怔怔看着唐仔聪离开，还在愣神的孔令先，在这死老头面前难得一见的态度和善，甚至还故意堆起几分尊敬。对了，这几日天天听孔先生讲授先贤的思想，在下也是受益匪浅，感触良多。只是心中却又诸多疑问，不知先生能否解惑？孔令先顿时来了精神，哦，王献公，请讲。 瞧瞧，瞧瞧，孺子可教也，都知道提问了。只见王修更已是一脸灿烂笑容，缓缓道：“圣人有云，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齐家。孔先生也曾说过，物者，世间万物也；歌者，来也。物至之时，其心昭然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至之也。可先生又说，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致之在格物，物格而后变之至。”话锋一转，眉头一皱。 圣人之学，自是博大精深。然而此番思想，却有先知在行之意，甚至行之脱节，知而不行。如此一来，知便是知，行便是行。可在下却有疑惑：所谓认知与实践，为何不能统一起来？意识离不开行为，行为也离不开意识。知是行的主意，行乃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乃知之成。如此，可谓知行合一。而先贤思想。 重知不重行，先知而后行。不知先生如何看解？刹那间，只见孔令先一下子呆住了，明显被他这番话问得哑口无言，眉头紧锁，一言不发。可接下来的情形却更让王老爷也一下子呆了。足足盏茶功夫，只见这烦死人的死老头虽依然满面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却又似乎明白了点什么，不停捋着下巴胡须，皱着眉头喃喃自语：“知行合一，知行合一。” 可紧跟着却是一声惊呼：“好一句知行合一，妙啊，妙啊！倒是令老夫几分茅塞顿开，如雷贯耳啊！”一时间声音都有些颤抖。与以往先贤思想不同，却是越想越深奥。不行，老夫得回去了，再仔细琢磨琢磨这什么知行合一。告辞！完全与刚才唐宰聪如出一辙，眨眼间便已跌跌撞撞走得老远，只留下王老爷在后面扯开嗓门大喊：“孔先生！” 您怎就走了？不是还要给在下讲授君与社稷与民的关系吗？我想听。隔着老远一声回应：“今天先不讲了，老夫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已经跑没影了，直看得王老爷一愣一愣的。十一月二十，晴，才上午时分，林州城外满是积雪的官道上，艰难缓慢行驶着一辆华丽马车，一身便装华服的景龙帝赵泰正端坐在车厢内中央守卫，一手轻轻撩起帘子一角，正正望着外面的白雪皑皑。 半晌，上倒是几分感慨。瞧瞧，李雪灾、寒灾发生，这才过了一个月，各地就在没有灾情呈上来。而且前几日又下了场大雪，天气又苦寒了不少。可一路行来，居然再也看不见当初灾民遍野的景象。不得不说，那混账小儿倒是真有些本事。这雪灾、寒灾，当初朝廷都是焦头烂额、一筹莫展，竟是活生生让他轻而易举给解决了。眼下连京城里到处都是那蜂窝煤在售卖，货量充足，售价还便宜。 陈皇后端坐一侧，举止典雅端庄，只是温婉笑笑，带着几分嗔怪。那圣上这些时日还屡屡一提起这王修，便是怒气冲天。此子堪称大才，常有奇思妙想，入朝为官稍加磨练，定能为朝廷为社稷做出一番大事来。却奈何，话音未落，景隆帝却又一阵苦笑。道理朕都懂，可关键，你瞧瞧这混账，景阳那丫头自从回了京，这才多久时间，整个人都足足瘦了一大圈。 朕这个当爹的看着都心酸的很，若不是那丫头不惜以死相逼，朕非亲手宰了那胆大包天的孽畜。可眼下怎么办？事情都已这样了，景阳自然不可能再嫁他人。偏偏那混账都已经娶了两三位夫人，无论朝廷礼制与宗室礼法，也是绝不会允许再下嫁一位公主的，否则朝堂必然震荡，生出乱子。愁死朕了！有时候想起，真恨不得直接砍了他脑袋。一声冷哼，更满面愤恨。还有。 历朝历代，你见过哪个皇帝赐官给臣子像朕这般低声下气过？担心他不愿去京城任职，对朝廷不满，还只能先妥协，好说歹说让他先去做这林州判司，慢慢将这头犟驴往正道上牵。倒是如此一来，年后这林州新任太守的人选，反倒又让朕为难了。陈皇后没说话，几分哭笑不得。没想到景隆帝虽依然愤恨不已，却又一声叹息。不过话说回来。 那孽障虽有时候能活生生把人气死，可要真降罪于他，砍了他脑袋，倒还有些舍不得。这不，才一个多月未见，朕还有点想着，这才趁着兰儿前来，就此番两家商行合作的事宜进展做一些商讨，顺便领着皇后也来这林州府走走。长公主赵兰一袭浅蓝色长裙，勾勒着成熟风韵的身段，端坐另一侧，从始至终，圆润白皙的脸上几分忍俊不禁笑意。马车很快在凤鸣山停下。 当三人跳下车来，却见眼前倒是与上次前来时所见并无太大区别。那座建造的极为气派的门坊上方，“万通商行产业示范园区”几个大字依然醒目。唯独不同的，隔着老远隐约可见，里面似乎又多了几座扩建的作坊。门口那两个虎背熊腰、胸前挂着“万通安保”牌子的侍卫，一听说三人正是与商行签了合作契书的京城康泰商行东家与执事，自然爽快放行。而在其中一名侍卫的引路下，到达地方。 眼前的景象却让景龙帝三人愣住了。只见此处应该正处于整座示范园区院墙所圈起来的地最靠近左侧了，周围还是一大片空旷的荒地，与刚刚穿过的作坊区的热火朝天截然不同，显得有些荒凉。可此时前方已不知何时用较为低矮的围墙已经圈起来一大片空地，成了一座规模不小的院落。正面一座大门上方已经挂着几个醒目的大字“万通商行子弟小学”。不仅如此。 明显还在紧锣密鼓的修建中，呼啦啦足足上百名工匠正来来往往忙得不可开交。有人往里面挑着砖石，有人在大门口用河沙兑上一种灰褐色的粉末，再用水搅拌成一种稀泥，然后便有人用水桶将这稀泥往里面挑。如果没猜错，应该便是那什么水泥了。一时间，不仅景龙帝与皇后，就连从来沉稳从容的赵兰也是几分错愕，明显根本搞明白这什么子弟小学是个什么意思。那王修小儿果然也正在这院墙大门外。 在不远处一块空地，正舒坦无比，靠在一张椅子上，一身素青色长衫，与这每月怒赚上十万两的狗大户身份极不匹配，却丝毫不影响他一边把玩着腰间那块羊脂玉吊坠，一边享用面前一张桌案上几份精致小点心，还不时朝着那些来回忙碌着的匠人们声声大喊：“安全第一，都给本老爷打起十二分精神，注意脚下，还有严格把控质量，将来你们自己的儿子女儿都可能来里面读书识字。” 李老汉，你在那咯咯笑什么呢？水泥多少，河沙多少，比例把控准确了吗？拌混凝土的活让你很欢乐，还是你那六十多岁的婆娘又怀上了？骂着骂着，却是一眼便看见了到来的景龙帝三人，瞬间倒是一下子乐了，拍了拍屁股，站起身，屁颠屁颠便冲了过来，二话不说，一把勾着景龙帝的肩膀，这么天寒地冻的，老哥和嫂夫人怎么来了？已是一脸热情笑容。 上次来林州，你两口子也真是的，不知道多住几天，等着看本老爷与那群男楚使团的才学比试，不声不响就走了，简直一点不捧场。又扭头望一眼旁边赵兰，更欢乐了哟，大侄女也来了，一段时间不见，大侄女越长越乖了。嘶！顷刻，景龙帝后槽牙一阵钻心的痛，死死瞪着他，双眼直喷火，要点脸吧，朕这大女儿比你尚且还大上几岁，你叫声大侄女，这合适吗？ 唯独赵兰倒也不生气，脸上依然挂着浅笑，神情玩味。尽管如此，景隆帝还是强忍冲动，没直接一拳整过去，只是讪讪瞟,瞟一眼那正热火朝天修建着的子弟小学，几分疑惑。这个事，可接下来这混账小儿的一番言论，却更让他一下子呆住了。却见这小儿只是耸了耸肩，算不得什么新奇玩意。大侄女是知道的，眼下我这产业示范园聘用的匠人都已经上千，而且年后还得大规模扩建。 绝大多数都是些苦命的劳力人，养家糊口不容易。其实跟他们相处久了，你会发现，恰恰这些最底层的劳苦百姓，才是大康朝最淳朴、最善良的人。要求也简单，无非能吃饱饭、穿暖衣。再多一些，也无非希望儿女子孙能读一点书、识一点字，将来不要再活得像自己一样艰难。咧开嘴笑笑，在家前段时间与太子殿下四处奔走赈济雪灾，心中多少有些感触。这大康朝虽说自那景隆皇帝登基， 有了些起色，可终究还太多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而且超过七八成的百姓没进过一天学堂，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又一撇嘴，当然，这全天下的百姓我管不着，那是皇帝的事。可这产业示范园内这么多匠人村夫选择跟了我这个东家，我总得为他们多想着些，所以就琢磨着建了这么做启蒙学堂，聘一些先生授课。到时候，凡是我这示范园内匠人的儿子女儿，只需象征性缴纳一点书本费。 都可以来里面读书，花不了几个钱，却能让大家伙都心里踏实，有个盼头。不仅如此，接下来这旁边还要建大规模的工人宿舍。毕竟我这里大多数匠人都是大老远来的，有的甚至拖家带口，不容易。每天往返来上工都耗费不少功夫。做东家的不能只想着使劲压榨匠人的劳力，也得为他们多考虑考虑，这样生意才能做得长久。总不能我这个东家吃上肉了，手下人却连口汤都喝不上。 于是乎，景龙帝便有些懵了。虽从未真正从事过经商之事，可这全天下哪听说过有商贾这样搞的？给作坊的工人匠人，不但薪俸高出其他作坊一大截，而且还又是建工人食堂，又是带薪休假，又是建工人宿舍，又是给人家子女建启蒙学堂的。就连府上签了卖身契书的丫鬟下人都照样发放薪资。别看这小儿犟起来的时候能活生生把人气死，可对待这些底层劳苦百姓，倒好一番纯良心思。 一时间，不仅陈皇后，就连长公主赵兰正正望向这小儿，目光中也几分异彩。可没想到，王老爷倒是一脸稀拉平常，勾着景龙帝肩膀，又是咧嘴一乐。其实我这子弟小学，跟寻常所见的学堂也不一样。老哥你也知道，咱大康哪怕是个县府建的官学学堂，先生所教授的课程也无非是幼学、文字蒙求之类，用以孩童们能识得几个字而已。算学也是有的，可从未得到重视。 许多孩童读了几年官学下来，却连一百以内相加相减的题目都不会解答。听太子说，就连国子监与太学这样的最高官学所教授的算学内容也极其简单。当然，本老爷不是说这些上古先贤的著作与思想不好，相反，必须代代相传。但是，老哥还记不记得上次本老爷给你讲过的，科学与科技才能兴国？景龙帝神色一凛，瞬间来了精神。陈皇后也不动声色，进前一步。 面含微笑望着他，只见这小儿倒是一耸肩，可唯独本老爷没给你讲，算学才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农学、水利学、工业制造，包括天文地理学，哪样离得开算学的支持？所以到时候我这子弟小学除了寻常学堂的课程，还会增加开设算学、音律、书画、体能诸多课程。至于能授课的先生，只能花重金在全国搜寻，而授课书本我们自己编纂再批量印刷。印刷是什么意思？ 景龙帝眉头一皱，不明所以。没想到王修只是没好气瞪他一眼，懒得回答他这个问题。顿了顿，继续沉吟道：“不仅如此，等到这子弟小学步入正轨，本老爷还要建子弟中学，供十到十五岁的孩子读书。而那时候，中学所讲授的种类将会更加繁多，除了文学与算学、音律、书画这些，还将增加开设史学、地理学、课务学、动植物学等等诸多课程。当然。” 要在大康如今完全不成体系的这些学科搞起一套健全的传授体系来很难，仅仅是各类学科能够达到授课水平的先生恐怕都难得寻到，甚至只能一边教学一边摸索，从最基础的开始做。要建立起一整套健全的教授体系，非十年之功不可能。于是刹那，景龙帝彻底惊呆了，歪着脑袋，直愣愣望着眼前这少年郎，不知为何，只感觉心脏扑腾扑腾跳得厉害。 这一套一套的，虽听得他晕头转向，可瞬间却是满心震撼。这不正是这少年郎当初跟太子所提起的关于教化改革的东西吗？就这小儿当初那一番能写的一首好诗，并不代表能做一个好官的言论。朝廷取士与教化制度的改革，不正是与这些东西不谋而合吗？更重要的，就上次来林州，这小儿借着酒劲一番科技兴国的言论：科技人才不仅靠激励，还需要培养。 这什么小学、中学开设史学、地理学、物学课程之类，不正是一整套人才培养制度吗？这小儿肚子里果然有货呀、啊！今天倒是难得的，自己掏出来了。只是亏的，他景龙皇帝这几个月还在绞尽脑汁的琢磨，这教化制度究竟当如何改革？可这小儿都已经悄无声息开始搞起来了。半晌，景龙帝才强忍住心中激荡，几分疑惑，讪讪憋出一句：“兄弟，你说，如果将来朝廷取士与教化也朝这方面变革？” 当然，这里也没外人，就闲聊两句。顿了顿，景龙帝才小心翼翼试探道：“比如将来朝廷录用官员，减少官员举荐的名额，大量增加春闱科举录用名额，并且将科考的内容大幅度加入你所言的这些学科的题目。甚至，比如各州府衙门急需要一批精通水利学方面的人才，派到地方去兴修水利，更可以单独针对水利学设置一场考试来录用所需的官员，甚至县令、县城这类地方官员。” 必须通过水利学、农学这类的考试，方可上任，才能为百姓真正做实事。如此一来，岂不妙哉？可话音未落，接下来的情形却让他瞬间哭笑不得了。只见刹那，这小儿脸色刷的变了，一巴掌拍在他后背上，满脸紧张，歪着脑袋四下瞅瞅。眼见周围附近并无他人，才铁青着脸，压低声音一声骂：“你张嘴瞎说什么呢？找死啊！”眉头一皱，个子，我发现你这胆子。 真不是一般的肥啊！上次就训过你，嫂夫人也经常说你嘴上没个把门的，还是不长记性。不就是年轻时想去当官，结果科考也不中，举荐机会也没拿到吗？这辈子就跟朝廷取士的问题杠上了，迟早有一天你得栽在你这张嘴上。这些东西是可以随便说的吗？恶狠狠一瞪眼，一脸恨铁不成钢。朝廷的取士与教化制度非常完善，举荐制为朝廷选用了一大批非常贤明的能臣干吏。 脑袋一摇，实乃社稷与百姓之福也。而且我这小学甚至以后中学，虽然会花不少钱，可目的也不是能培养几个官员，无非是想让这些底层贫苦百姓家的孩子能有书读，能真正学点东西。哪怕将来依然只能和他们的父辈一样，靠着下苦力活命，可肚子里能有点学识，总归没坏处。当然，或许有一天，有个别孩子成了精通算学的大家，有人成了在科物学方面造诣高深的学者。 有人或许研究出了更加高产的水稻品种，同样，绝大多数可能只能去启蒙学堂做个先生，或者去商行做个小账房，或者在作坊做个普通的技术工匠。但人生总归多了些选择，不再因为大字不识一个，注定只能靠卖苦力过活。科考又不考这些，朝廷举荐官员也不以这些为标准，不然本老爷为何非得开设这些科目？于是乎，景龙帝面色漆黑，不想说话了。看嘛，反正每次。 一提到取士制度这话题，这小儿就这副德行了。都已经贵为当朝献公了，而且即将走马上任林州判司一职了，胆子大一点嘛！再多聊点干货呗。一时间，陈皇后更是一脸欲哭无泪。倒是长公主赵兰站在一旁，早已憋笑的脸蛋通红，美目流转，眼波盈盈望着这小儿，竟是说不出的妩媚明艳。然而紧跟着，只见这家伙朝景龙帝又是一瞪眼：“本老爷刚说的记住了吗？管好你的嘴！” 我也是为你好，随即话锋一转，倒是热情张罗着。行了，这天寒地冻的，你们一家三口也难得来一趟，走，回本老爷府上。中午我让厨娘多弄几个好菜，咱哥俩好好喝点。走出园区大门，王老爷自然又从门房后面角落不紧不慢推出来他那辆做工粗劣还老掉链子的破自行车，倒是直看的景龙帝两眼发直又开始泛红。然而这时，长公主赵兰却站了出来，圆润白皙的脸上依然几分淡然温婉笑意。 被齿轻启，听闻王公子以前每次出门都用这自行车驮着那名叫赵婉的女侍卫，上次便颇感新奇，不知此次回城，奴家能否也有幸乘坐自行车体验一番？可没想到这家伙只是扭过头瞥他一眼，一言不发，屁股一甩，跨坐在坐垫上，长袍一撩，脚一蹬，便径直朝前方跑去了，只留下赵兰一阵气结，几分恼羞，一声冷哼：“小气可看着因为路面有积雪，难免打滑。 那家伙骑着自行车歪歪扭扭的背影，却又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得花枝微颤。当三人乘坐马车足足一个时辰，总算到达，却见那小儿又与上次如出一辙，竟先他们一步，早已到了府门外，手中掌着那自行车，又在门口等着了。眼见三人跳下马车来，自是开始张罗着往里面走。老爷，老爷！可没想到，就在这时，却见府门内大步冲出来一年轻丫鬟。 径直冲到几人跟前，神色却是几分慌张。老爷，可总算把您盼回来了。算算时间，就住咱府上隔壁的孔先生与唐公子，已经十天没来咱府上了，而且这么久也不曾见他们出过门。大夫人说，毕竟是陛下派来为老爷您讲学的，而且一人是国子监祭酒，一人是礼部尚书之子，身份特殊，要有个什么闪失，老爷您也不好交代。因此，出于关心，夫人便吩咐奴婢去探视一下。 说着说着，却是满面骇然。奴婢便去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那孔先生与唐公子好像是疯癫了，师徒二人就一动不动坐在他们院子里一棵桂花树下，左边坐一个，右边坐一个，蓬头垢面、披头散发的人，看着都比以往瘦了不少。孔先生从始至终就直直望着前方，目光呆滞，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而唐公子就更古怪了，一直就仰着脑袋望着树枝上那些积雪发呆。 这也就罢了，嘴里还念念有词，说什么“为什么往地上掉呢？为什么往地上掉呢？”这也就罢了，他还在房顶上挂了一个铁盆子，用一根绳子拴着一根木锤，隔着老远，偶尔还一拽那绳子，木锤便敲一下那铁盆，发出哐哐的声音，然后又念叨什么。明明敲盆子时，同时看见和听见声音，可为何打雷时就不一样呢？奴婢招呼他们，也根本像没听见似的，完全没反应。依奴婢看，两人应该是疯了。 而夫人一见女流，自是不便登门去探望。老爷，您还是亲自过去看看吧。景龙帝顿时一阵诧异，自是没忘曾亲口吩咐国子监祭酒孔令先前来林州给这混账小儿讲学的事。可眼下这又是什么情况？扭头望向王修，却见这小儿也一阵错愕，一言不发，拔腿便朝前方走去，只留下景龙帝几人面面相觑，自然迅速跟上。 而当几人急匆匆赶到隔壁，推开院门进去，眼前的景象更让人一下子惊呆了。只见这宅子自是与隔壁王老爷的居所比起来，要狭小简陋太多，无非一个两进两处的院子，也没个护院下人。而此时果然如刚才那丫鬟所言，只见还算空旷的前院中，一棵碗口粗桂花树下，孔令先正坐在一张简易小木凳上，一动不动，直愣愣望着前方，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目光呆滞，就连头上落了两片干枯的树叶也浑然不在乎。更重要的，如山虽还算整洁，可花白头发却说不出的凌乱，银丝还在寒风中飘来飘去。时而眉头紧锁，时而又似乎悟到了什么，频频颔首，却哪还有堂堂国子监祭酒、名动天下的大儒该有的风范？可比其孔令先、唐子聪还要惨不忍睹太多。盘腿坐在桂花树下一张羊皮垫子上，那翩翩公子风度的折扇也不知去哪儿了，衣衫凌乱。 披头散发，双眼还充满血丝，面色枯黄。虽一身丝绸华服，可那蓬头垢面的形象，根本与大街上的乞丐差不了多少。从始至终都只是仰着脑袋，直愣愣望着头顶树枝上的积雪，状若痴呆。嘴里果然还念念有词：“快掉下来，快掉下来。”不仅如此，手里还攥着一根细长的麻绳，隔着老远，直接延伸到远方房檐上。那里果然悬挂着一个铁盆，绳子另一端系着一根木锤。 师徒二人就这么一左一右，如老僧入定，坐在树下一动不动。于是乎，景龙帝便彻底懵了，直勾勾望着这一幕，硬是惊得嘴巴微张，眼珠子都快滚到地上来。这到底什么乱七八糟的情况？这孔令先不仅身为国子监祭酒、朝廷大员，更乃当朝与李舍人齐名的大儒。请求告老还乡之际，尚且还是他景龙帝召见，在太阿殿亲自嘱托前来这灵州府给这小儿讲学。没办法呀。 眼前这混账小儿，虽一身经世济国之才，满腔忧国忧民的心思，可就是满脑子只想着搞钱，完全不上道。给他进行一番为国为民的圣贤思想教育，也是极好的。可怎么讲着讲着，自己就成这样了？还有那唐子聪，虽然他景隆帝从未见过，却也早有所耳闻。身为礼部尚书之子，更乃孔令先的亲传弟子，在国子监从来都是名列前茅的绝优生，一身才学不凡。 过一两年便可直接入朝为官，可堪大用。此番与恩师一同前来林州，他也是知道的，说是要向这混账小儿请教些算学、科务学方面的问题，可怎么也变成这样了？又扭头望向王修，几分疑惑。这是，没想到这小儿竟比他还惊诧万分，眼珠子圆瞪，脸色青一阵红一阵，哭笑不得。随即勾着他肩膀，完犊子了，用力过猛了、啊。漆黑着脸，哎，老哥，说起来都是泪啊。 你是不知道，兄弟，我命苦啊！就前段时间，那景龙皇帝一跺脚，咬牙切齿，压低声音，用你当初的话说，皇帝就是脑子有病，吃饱了撑的，居然想了个馊主意，为了忽悠本老爷，老老实实去做官，给他打工，居然派了这国子监祭酒孔令先跑来给本老爷讲学，搞思想教育。你说说，这是正经人能干出来的事吗？景龙帝嘴角猛地一抽，印堂变黑了。然而，只见这孽障哭丧着脸。 你是不知道啊，那段时间这死老头每天比打鸣的公鸡还准时，一大早就在我府上前厅候着了，一天一个时辰引经据典，满篇知乎者也。比起当初本老爷调教那赵侍卫，还要业务熟练啊！那是把本老爷天天折腾的胃里直倒酸水，烦死个人。我就不明白了，任凭他长篇大论，怎么可能叫得醒本老爷一个装睡的人？这也就罢了，还有他这徒弟，那是天天缠着本老爷给他讲课。 要么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一撇嘴，没辙啊！实在忍无可忍，恶向胆边生，计从心来，略微操作了一下，可谁知道两人就变这德性了。刹那间，景隆帝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死死瞪着这小儿，脸色刷的变得铁青，瞬间只感觉心中怒火腾腾的烧，肺都快要炸裂。刁民<明>，实乃大大的刁民啊！朕还没问缘由，你倒是主动把底给交了。这孔令仙。 那可是当朝声名显赫的大员，天下读书人之师，是朕派来给你讲学的，不是拿给你祸害的。你去打听打听，别说当朝，哪怕历朝历代，有哪个臣子受过皇帝如此造化待遇，派遣堂堂国子监祭酒来亲自登门讲学，就这么折了？你到底给人家施了什么巫术？好端端的怎就变这样了？还有那唐子聪，那是国子监中有大才华的顶尖学子，你知道国子监要培养出一个顶尖的人才，需要花多少钱吗？ 也被你祸害成这样了，看着痴痴呆呆的样，应该是废了呀。这也就罢了，那句皇帝就是脑子有病，吃饱了撑的，这是正经人能干出来的事吗？是几个意思？每次呈来的折子上说好的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陛下，忠君之心可照天地呢。算是看出来了，每次来临州府，这混账东西不给朕心里添点堵，他是浑身不自在。旁边陈皇后更是满面愕然，望着这小儿，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唯独长公主赵兰美目流转，却又憋着笑，眼里已是说不出的欢乐玩味。可同样，这时不等他景龙帝铁青着脸说点什么，接下来的情形却更始料不及，让几人呆住了。只见这时，一只老僧入定、处于神游状态的孔令仙，倒是总算注意到院里到来的几人，扭过头只看了一眼景龙帝与陈皇后，尽管顿时神色一愣，可明显早在来灵州之前，皇帝也有所交代，因此也只是不动声色。 朝两人微微欠了欠身，算是行了君臣之礼。可紧跟着目光停留在王修身上，脸色一变，瞬间那叫一个满怀激动。六十多岁精瘦苍老的身子，竟是嗖的一声从凳子上蹿起来，跌跌撞撞，凌乱的白胡须都直颤抖，径直冲到王老爷跟前，一把拽住他胳膊，状若癫狂，只若黑暗之中看见了指路明灯，语无伦次，声音哆嗦个不停。大才，王献公果真旷世之大才也，知行合一。 好一句知行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乃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乃知之成。简简单单几句话，竟是令老夫这些时日越想越觉得如醍醐灌顶，越想越觉得以往所学竟是如此浅薄。所谓大道至简，也莫过于此了吧？苍老身子直发抖，看似简单，可实则处处玄机。在以往先贤的思想中，开天辟地，内涵大道啊！虽然其中诸多玄妙深奥，老夫依然还琢磨不透。 未能悟得真理，但能得王献公一番点拨，老夫死而无憾矣。王献公的学问，老夫自愧不如。况且圣人有云：“传道之恩，当为师也。”此后，老夫愿尊王献公为授业之师。一边说着，众目睽睽之下，竟是举止谦卑，一躬身，行了个大礼，请王献公受弟子一拜。寂静，刹那间，四周一片死寂。景龙帝眼前一黑，差点一根头栽倒在地。 直勾勾望着这一幕，震惊当场，嘴巴张得老大，大脑瞬间一片空白。这都什么情况？这孔令先，堂堂国子监祭酒、名动天下的大儒，对上古圣贤的思想钻研尤其精湛，早已著书立学，可谓桃李满天下，竟是心甘情愿尊眼前这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儿为师？听这言辞，竟是受了眼前这小儿的点拨，在大道真理上有新的感悟？那就是个半年前还成天只知道爬树掏鸟窝的憨子啊！ 还有那什么知行合一，又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可是能让当朝大儒孔令先都这般如癫似狂的，肯定是真有点东西啊！一时间，陈皇后又何尝不是惊得目瞪口呆，谈口微张，大意滞当场，嘴角若有若无一阵呢喃：“见鬼了，活见鬼了！”而此时，王修又何尝不是惊得一塌糊涂，望着眼前这状若疯癫的老头，眼珠子瞪得滚圆：“卧槽！ 大意了，这下玩大发了，用力过猛了。可当下却气得快吐血，肺都快要炸裂。大爷的，这死老头有毛病吧？难道就看不出来？本老爷当初一顿操作，只是实在被你天天长篇大论来讲学搞得腰子疼。只是简单的想把你忽悠开，耳根清净两天。还有那什么知行合一，说到底，那根本就是前世纵观几千年历史，号称两个半圣人。 其中除孔子外，独占一个名额的王阳明所提出的心学思想而已。说到底，本老爷也就知道这么几句，根本也没读透彻过。当初也就是随便扯出来忽悠两句而已，这就让你走火入魔了？这些统统也就罢了。你好歹也是当朝大员，要琢磨这知行合一的思想，回京城慢慢琢磨去呗。待在老子隔壁，天天茶不思饭不想的，大冬天就坐在院子里神游。一把年纪了，万一有个什么闪失，老子也担当不起啊！ 还有，你们声遍天下，堪称天下读书人之师，却称本老爷一声老师，几个意思？想让本老爷被天下儒生士子用唾沫活生生淹死？当下直接吓得脸都白了，暴跳如雷，直摆手：“孔先生折煞晚辈也，不敢，不敢。”还好，孔令先也不矫情，倒是哈哈一笑：“也罢，也罢。老夫的年龄都足以算王献公的祖父辈了，而且以师礼相称，也难免给王献公惹些麻烦。但从此以后。” 咱们就以师兄弟相称，师弟在学问上点拨师兄几句，倒也说得过去。哦，对了，国子监与弘文馆的一众执教，不少接触自老夫门生，日后对师弟自然也得执师礼相尊。王公子若再拒绝，便是瞧不起老夫了。老夫就往地上躺，多少银子都起不来。另外，此后老夫便在这里继续感悟这知行合一的大道。老脸微微一红，只是劳烦师弟以后每日令府上下人送点吃食来便可。实不相瞒。 我师徒二人在这琢磨学问，已经两天没顾得上进食了。又朝唐子聪一声喊：“子聪，过来见过师叔。”奈何那两囚货只死死盯着房顶那铁盆，一拽手中绳子，哐一声响。赤红着眼，失望的呢喃：“不对啊，还是不对啊！”完全没注意到这边发生了什么。而与此同时，孔令先又回到树下，老僧入定，目光呆滞往前方了。顿时，王老爷更气得脸都绿了。 望着这已经魔怔了的老头，半晌才哭丧着脸憋出一句：“要不别琢磨这玩意了，以后你每天还是来本老爷府上给我讲学，我喜欢听。每天多讲一个时辰也可以。”奈何老头完全没反应，早神游天外了。当下更气急败坏的厉害，杀气腾腾冲到唐宰聪身后，一脚踹他屁股上，破口大骂：“还有你，天天瞎琢磨什么呢？要琢磨，滚回京城去慢慢琢磨。你要琢磨疯了，你爹非跑来林州砍死老子！” 奈何这货依然直勾勾盯着房顶那铁盆，样样呢喃。如果说是因为光传播的速度比声音快的话，那为何敲铁盆又同时听见和看见呢？道士总算扭过头，咦，王兄，你什么时候来的？于是乎，王兄就崩溃了。讪讪望着这两个货，已经不想说话了。大爷的，这操作完大了！果然，自古以来，伟大的科学家与思想家全特么是疯子。景隆帝与陈皇后对视一眼。 依然惊得无以复加，回不过神来。唯独长公主赵兰满面惊诧、错愕之余，美目善善望着那少年郎，目光之中却是几分异彩，直勾勾瞪着师徒二人。又一左一右坐在桂花树下，那副疯魔痴癫德行。半晌，王老爷也只得漆黑着脸放弃。唉，怎么就遇上这么两个神神叨叨的货？回到府上已是晌午时分，尽管被那两个货气得心肝尖尖都在颤，可王老爷却是难得兴致，亲自下厨。 于是很快，府上饭厅内便已摆上好几道精致小菜。王修自然拽着景龙帝并肩在主位上坐下，倒是陈皇后与长公主坐在了左右作陪的位置。在王老爷的热情招呼下，饭厅里的气氛倒是其乐融融。而长公主赵兰尚且还是第一次在里用饭，尽管早听皇帝皇后提及这少年郎府上的饭菜堪比人间美味，实在令人回味。可举起筷子尝了尝其中那两道名叫葱爆羊肉以及红烧肥肠的小菜。 也瞬间只感觉唇齿留香，眼前一亮。只为独虽平常也会饮一些酒，可这家伙自己酿的那取名“闷倒牛”的酒实在太烈了，才区区两杯下肚，便只感觉脑袋晕乎乎的，圆润脸蛋一片红晕，不敢再喝了，悄然将酒盏放下。一边仪态优雅品尝着几道美味，一边面带浅浅笑意，悠悠打量着对面那少年郎。看着那家伙与皇帝称兄道弟、勾肩搭背，一边推杯置盏、豪气冲天的模样。 倒也一番难得趣味，而直到半坛子烈酒下了肚，景龙帝却再忍不住了，眼珠子咕噜一转，故作一脸惋惜，叹了口气。对了，听说王相公最近又遇上烦心事了？刚到林州地界，便听了传闻，说皇帝下了圣旨，虽晋封了你为兰平县公，可偏偏又勒令你年后出任林州判司一职。眉头一皱，我是知道的，王相公这辈子最不喜的便是入朝为官。对了。 记得当初你与那南楚使团立下赌约，曾说过用两件功劳去找景隆皇帝换一个告老还乡的诏令。皇帝怎么没批准呢？哎，这都叫什么破事啊！为了让这头犟驴老老实实入朝为官，走上正道，也算是费尽了心思。本琢磨着，令即将告老还乡的国子监祭酒孔令先来给这小儿讲学一段时间，或许让其思想觉悟有所提高。当明白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当仿天地之德以爱人，效圣贤之志以成业。 可谁知，才几天时间，孔令先折了。跟这混账打这么多次交道，也算积累出经验了。得顺着他的毛毛捋，否则非得把自己活生生气死。果然，只见这小儿先是神色一怔，一块羊肉塞进嘴里，愁苦着脸，一声长叹：“哎，老哥，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就想不明白了，跟那景龙皇帝无冤无仇的，也没见过面，唯独的交流，无非本老爷递了几份请求辞官的折子。” 他怎就铁了心跟本老爷杠上了？我算是看出来了，那景龙皇帝是真的不讲武德，这人没法处。我跟他也尿不到一个壶里去。顷刻，景龙帝嘴角一抽，面色有点发青。什么叫这人没法处？说的好像朕能跟你尿到一个壶里似的。尽管如此，还是强忍冲动，没直接一大嘴巴子抽过去，只是皱着眉头叹道：“探事已至此了，我倒是有个主意。听说皇帝不是说了？” 若是你能在林州判司这位置上一年内做出卓绝政绩，他可以考虑批准你告老还乡。王相公何不就安安心心走马上任，兢兢业业,业做一番功劳出来？说不定到时候皇帝就允许你辞官了呢。毕竟一年也不长，忍忍就过去了。然而话音未落，却见这小儿瞬间急了，一脸如看白痴的表情。我说你是不是傻？你看本老爷像不像个憨子？会信了他连篇鬼话？他忽悠三岁小孩呢？又一声长叹。 这是走一步算一步吧，实在不行，到时候上任倒是老老实实去上任，可每天去衙门里点个卯就走呗，或者每天就在府衙里睡觉混日子。刹那间，景龙帝牙根一阵酸痛，扭头瞪着这小儿，脸色刷的就变了。混账，简直混账啊！为了体谅你，拖家带口，包括商行产业都在林州府，朕都已经委曲求全，允许你先任一年林州判司了。你这脑袋天天在琢磨什么呢？ 可没想到，不等他说点什么，却见这家伙倒是一反刚才的愁苦，咧开嘴一乐。况且不出所料的话，到了明年再过几月，景龙皇帝恐怕得天天焦头烂额，哪还有功夫顾得上搭理我一个区区灵州判司？有没有做出政绩？请客，景龙帝心中一凛，目光如炬，压低声音：“哦，什么意思？”然而，只见王老爷只是没好气一瞪眼，还能什么意思？老哥，你这就不知道了吧？ 前些时日，听东宫太子以及孔先生提起过，说眼下不仅北方虎狼庆国粮草兵马不断在调动，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只等着大军压境，一举攻入咱大康的版图。而听太子说，庆国那女皇帝年纪轻轻，却绝对算得上庆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开拓之君，而且短短几年大刀阔斧的变革，庆国便已得到空前发展。如今不但国库充盈，兵强马壮，麾下骁勇善战的将领多如牛毛。 再加上本就国土辽阔，资源丰富，若是大举进犯，大康的日子绝对很不好过，甚至能守住国门都难。顿了顿，这也就罢了。听说就连西面的夏国，如今也是蠢蠢欲动，有了大举进犯的迹象。老哥或许也知道，这夏国本就是庆国的忠实的走狗，上百年的藩属国，此刻也同样在大规模调动辎重粮草。难道仅仅是巧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恐怕根本是得了庆国主子的旨意。 已私下达成了协议，景隆帝更是面色微变，没说话，只目光如炬盯着他。一时间，陈皇后与长公主赵婉对视一眼，也同样目不转睛凝视着这边。然而半晌，只见王修倒是不紧不慢，又一块腰花塞进嘴里，含糊不清道：“这也就罢了，本老爷也多少了解过，那夏国虽国力也算不得强大，人丁也不多，还不至于有那胆量大规模与大康正面交锋，但却地处草原地带。” 彻彻底底的游牧民族，以四处迁徙放牧为生。将士尤其善骑射，长途奔袭作战。听闻先帝时期，那夏国骑兵就曾屡屡进犯大康边境，常以几千人的骑兵横冲直撞，如无人之境，大肆抢掠一番，掳走我大康百姓数不尽的钱财粮食。可偏偏不等大康的守军驰援，又迅速退回广袤草原，根本拿人家没办法。又一口酒下肚，更重要的，本老爷看过堪舆图。 这夏国所处的位置就很独特，与庆国一道，算是对大康的金鸡一带形成了犄角之势。因此，老哥，你想一想，若有朝一日，庆国与夏国同时对大康大规模进犯，大康当如何？毫无疑问，注定陷入两线作战。面对北方强大的庆国，都已经是艰辛异常，只能据城坚守。可西面还得面对夏国的骑兵侵袭，甚至骑兵深入腹地，攻城拔寨，大肆劫掠。而偏偏…… 我们大康军队擅长的是排兵布阵，在这样的骑兵面前毫无优势。如此一来，大康危矣。朝廷若能用兵如神，运气好的话，不惜一切代价，或许尚可抵挡住庆国的虎狼之军。虽免不了损兵折将，打到最后，国库空虚，百姓疾苦，可还能保存元气。可若是运气不好，双面受敌，大康的北方之地危矣，甚至京师危矣。最后可能不得不向两国投降，割地赔款，称臣。 甚至是迁都南下，从此偏安一隅，成了个弱小之国，从此彻底沦为庆国的鱼肉，再无实力与其争锋。毫无疑问，这才是庆国那女皇帝的最终目的。倒是，一声轻叹：“哎，大康的局面危险啊！”倒是那时候，你说那景龙皇帝还有功夫搭理我一个区区灵州判司吗？于是，刹那，景龙帝脸色刷的变了，死死望着眼前这小儿，太阳穴突突跳动着，面色已是说不出的凝重。 身为天子，他如何不清楚眼下的大康朝究竟面临怎样的凶险与危机？那虎狼庆国与西面的夏国同时蠢蠢欲动，他又如何不清楚这是怎样的狼子野心？如果撒出去的探子情报不假，可能最迟明年三四月，大康便将面临两国同时进犯、生死存亡的恶战。只是此时如何料得到？别看眼下这小儿成天满脑子只想着搞钱、无心国政的小儿，居然也对这形势看得如此透彻。 堪称一针见血啊！这小儿有点东西啊。可半晌，却是强迫自己镇定一些，与他碰了一下杯，试探性问道：“这些我倒还真不大了解。那以王相公之见，大康朝廷又当何种策略才能化解这危机？”没想到王修只是没好气一瞪眼：“你问这些干什么？朝廷的国政大事，是我们这些寻常商贾所能左右的。况且，虽然本老爷身为朝廷献公，可也终究位卑言轻，改变不了什么。” 一时间倒是几分忧虑苦笑，只是说实话，打仗打到最后，受苦的都是寻常百姓，包括咱们这些做生意的，也难免深受影响。倒是陈皇后眼见景龙帝递个眼色，顿时温婉笑笑：“王相公说的是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康若真到了那一步，不仅百姓，包括咱们商贾，又岂能有好日子过？反正也是闲着，这里又没外人，王相公就讲讲，还好。” 只见这小儿总算坐直身子，又一声长叹。说实话，北方庆国与夏国来势汹汹，大康要真化解危机难。皱眉沉思半晌，但是有一个法子倒是值得一搏。短暂沉默，那便是化被动为主动。那庆国不是裹挟着夏国欲同时进犯吗？唯一的办法，那便是大康先发制人，先除去腹背受敌的隐患，趁两国准备还不充分，先砍了庆国的手脚，对夏国动手，而且要越快越好。 景龙帝与陈皇后对视一眼，几分不解。只见王老爷又缓缓沉吟道：“当然，我说的不是传统的排兵布阵的打法，而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那夏国最擅长的不正是长途奔袭作战，打完就跑，横冲直撞吗？咱大康又何不运用同样的手法呢？这种打法，兵不在多而在精。说白了，只需精挑细选两三万名善骑射的精锐骑兵，直插草原腹地。核心要点。” 便是长途奔袭、闪电迂回、穿插偷袭。其一，闪电作战必须追求速度，以战养战，辎重粮草只会成为骑兵的累赘。其二，以消灭夏国精锐力量为唯一目标，哪怕是缴获了再多的钱粮与牛羊牲畜，也一律不得带走，就地销毁。说白了，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重创夏国的骑兵，彻底斩断庆国的手脚。而且，恰巧这段时间，庆国、夏国也同样雪灾严重。 谁也不会料到大康会突然发动进攻，景龙帝眉头紧锁，没说话。却见这小儿又苦笑一声：“其实这些说起来轻松，真正要做到依然很难。最重要的便是领兵出征的主帅的选择，这个人选才是重中之重。说白了，眼下大康朝虽然名将不少，可要么擅长的依然是传统排兵布阵的打法，已成了固定思维；要么都以高官俸禄封侯拜爵。” 对他们而言，不败便是最大的功劳，因此朝廷可考虑挑选一名从未上过战场、锐意进取的年轻将领。当然，这个就看皇帝的眼光是否独到了。哎，说了这么多，也只能纯粹当佐酒的闲聊而已。尽管若真能趁着夏国尚且同样处于雪灾之中，冻死的牛羊牲畜不少，出其不意将其重创，到时候待到庆国大军压境，大康也再没了后顾之忧，至少不必担心腹背受敌。 压力会轻了许多，可要做到这些，根本天方夜谭。究根结底，那主帅人选就成了极大的难题。毕竟前世历史上，也就出了霍去病那么一个靠闪电战、风狼居胥的天才将领。寂静，一时间饭厅之内陷入一片死寂。景龙帝死死望着眼前这小儿，却已是满面骇然。不知为何，突然之间，只感觉心脏跳动的厉害，大脑都嗡嗡的响。虽然这家伙…… 一番什么长途奔袭、闪电战的言论，闻所未闻，也听得他晕乎乎的，却又总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至少，身为天子，如何不知？或许这已是要解决大康面临两线作战、生死存亡的危机唯一的突破口了。说白了，与其等着庆国,国、夏国同时大兵压境，倒不如放手一搏，先砍了庆国的一条胳膊，哪怕失败了，也影响不了什么大局。况且眼下，夏国,国、庆国同样正处于雪灾中，不正是动手突袭的好时机？ 这小儿怕真是个妖怪吧？脑子里是随时都有奇思妙想啊！至于主帅，他景龙帝脑子里倒是瞬间有了个人选，一时间喉结上下鼓动着，太阳穴都突突跳动的厉害，嘴角若有若无一声呢喃：“丫头，朕就给你这次机会，你与这混账小儿的事能不能成就，看你有没有这气运了、啊。”而此时，陈皇后与长公主赵兰又何尝不是满面震惊、面面相觑的厉害？接下来的时间倒也平淡无奇。 这个沉重的话题终究不适合聊太多，直到一坛子闷倒牛被喝了个底朝天，午饭也终于结束。只让王修唯独没料到，饭局刚一结束，这赵老哥便称突然想起京城老家还有点急事需要处理，便领着媳妇闺女匆匆离开了。时间转眼已是十一月二十六，大吉之日，宜嫁娶、祭祀、求子，却正是早便定下来兰平县公王修与那和亲的南楚长公主朱妙宇婚典之日。 王修也曾翻阅过大康一些典籍史册，历史上诸如此类，皇帝将他国送来和亲的公主赐婚给朝中国公郡王献公，已是天子恩宠，并不少见。可说到底，这种和亲的公主，终究不过国与国之间交锋的牺牲品而已。哪怕被皇帝当作拉拢朝臣的工具，赐婚给国公郡公，即便是公主身份，可也终究是他国之女。虽不至于沦为妾室名分，却也是绝无可能为正妻身份。然而，在苏婉晴那婆娘的坚持下。 今日的婚典却依然采用了迎娶平妻的规格礼制，理由无非什么？那朱妙语虽身为南楚公主，可既然以和亲公主的身份嫁到府上，日后自然便是府上的夫人。对一个女子来说，大婚之典一辈子就一次，自是不能让人家受了委屈。因此一大早，整座府上，包括府门外大街上，便已是张灯结彩，好一片喜庆气氛。尚且才刚过午时，前来道贺的客人便已络绎不绝，纷至沓来。有王家的一些宗亲。 林州府的不少商贾士绅，当然更多的依然是州府及下属县衙的一些官员。毕竟谁都知道，这王老爷年后便即将走马上任林州判司一职，绝对算是除太守之外手握实权的官职。提前混个脸熟也是极好的。婚典照样是在傍晚举行。然而，即便因为这朱妙语早已过府住了进来，免了迎亲以及入府的一大堆礼节，可婚典之时那一大堆依然繁琐，如拜天地。 头玉壶之类的繁文缛节，却依然耗费了足足半个时辰，折腾的他王老爷腰酸背痛。心腹被送入洞房，接下来自然便是流水席。当然，作为新郎，他王老爷自然又得在几位王家德高望重的长辈带领下，挨桌挨桌敬酒。只奈何，尽管有了上次同时迎娶两位夫人时的经验，饮酒之时小心谨慎了不少，可足足近百桌下来，再加上不少人起哄灌酒，被纠缠大半天下来，也是醉得两眼昏花，走路都踉踉跄跄。 直到快午夜子时，酒宴才终于渐渐进入尾声。宾客们自然带着醉意，相继告辞离开。喧闹了一整天的府上，自然安静下来。严冬时节的深夜，自是说不出的刺骨寒意。站在主要宴请宾客之处的前厅院子，王修正正望着尚且还在忙碌着收拾狼藉杯盘的丫鬟下人，一阵寒意袭来。本是大喜的日子，可不知为何，却突然想起那个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要拔剑砍人，却又尤其中爱撸肘子的女子。 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也不知道他如今身在何方，也不知有没有遇上什么危险，连个音讯都没有，就好像彻底消失。一时间，竟是让他只感觉心里一阵堵得慌。可沉思良久，却还是咬了咬牙，拖着醉醺醺的身子，径直朝朱妙雨所住那座独立小院而去。这位南楚公主随嫁的丫鬟婆子都足足二十多人，因此包括洞房都同样设在了这小院内。其实自从当初那女子刚刚住进府上。 他王老爷去探视了一番，从此以后便再没有踏入过这院子半步。而且那朱妙语也从来都是把自己关在院子里，足不出户。因此算起来，大半个月了，两人再也没见过面，更不用提任何言语交流。毕竟就连刚才婚典拜堂，那女子也是蒙着红盖头。说实话，直到现在，对于这个莫名其妙被狗皇帝砸过来的媳妇，他王老爷都依然还想不明白该如何相待。可眼下，毕竟还有何井九挑盖头的礼仪流程。 总不至于让人家就那样顶着盖头在床前一直坐到天亮。刚到达小院月,月门，便见那两个随时守在大门口的男厨随嫁小宫女又迎了上来，俏生生一失礼：“奴婢给驸马请安。”抬起头便见二楼那洞房尚且还亮着灯，而当王修径直上楼，轻轻推开房门进去，便只见里面早已布置得焕然一新，喜庆无比，红烛高燃，那张大床上的大红喜被格外刺眼。 朱妙雨身着大红喜服，蒙着盖头，正端坐在床头，身姿曼妙，盈盈动人。一侧自然早已经候着一个喜婆，以及两个端着托盘的小丫鬟。令人意外的，这女子似乎并没有因为今日洞房花烛夜极有可能发生点什么而显得万分紧张，一双葱缎般的玉手轻轻放在腿上，轻松自然。唯独当听的她王老爷推门进来，身躯微微一颤。接下来自然又是一番礼仪流程。 伺候两人并肩坐在床沿，饮过合卺酒之后，那喜婆自然便迅速领着两个丫鬟离开。于是很快，洞房内便只剩下两人。而当王老爷轻车熟路，拿起旁边玉如意，挑开盖头，却也不由得一愣。只见映入眼帘，倒是好一个如画里走出来的美人儿，首峨眉略施淡妆之下，唇若点樱，眉若墨画，特别头戴珠钗，大红喜服勾勒,勒着那匀称曼妙的身姿，在火红烛光下更那般美艳不可方物。 盖头揭开，朱妙雨缓缓抬起头，也同样注视着他。可让他惊诧万分的却是，只见这女子并没有如当初刚入府时那般，或是苦大仇深、恶狠狠瞪着他，或是为自己沦落为和亲公主的屈辱而哭得要死要活。一双美目就这样悠悠望着他，脸色平静的令人看不出丝毫情绪波动。半晌，却被齿轻启：“夫君今晚是要留宿在这里吗？如果是的话，妾身这便替夫君更衣。”刹那间。 王修差点一口口水喷出来，这女人就是这样，说话往往能把人给呛死。尽管如此，也只是摸了摸鼻子，淡然丢下一句：“早点休息吧。”随即站起身，便径直朝门外走去。可没想到，刚走两步，却听得身后一声喊：“王公子！”扭过头，不由得又是一愣。只见这女子倒是终于一反刚才的平静淡漠，神情变得说不出的复杂，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玉手轻轻抓着喜服裙摆。 嘴唇微微蠕动，半晌，却一咬牙，悠悠说道：“能陪我说会话吗？”王修顿时一阵诧异，然而朱妙语只是一声轻叹：“王公子别误会，只是眼下，你我既然已成了亲，小女子觉得有些憋在心里的话，也应该与王公子说说。”王修更加不明所以，略微沉思，倒是蛇身回来，奈何因为重新布置了一番，洞房里连椅子都没一把，也只得紧挨着他在床沿坐下。 身子靠在床头，可脸上却是一丝戏谑。怎么，夜深人静，孤男寡女，你就不担心本老爷对你做出点什么？没想到这女子居然也不恼羞，只是脸蛋微微一红。王公子切莫再拿上次小女子唐突冒昧之举来取笑了。况且现在你我已拜了堂，祭告了天地，小女子的身子，此生自然注定是王公子的，又何来担忧一说？可随即却又一丝浅笑。 最重要的，刚来之时对王公子尚不了解，在府上已住了大半个月，虽小女子未踏出院门一步，可也或多或少从随嫁来的那些宫娥口中听了一些。王公子不但对两位夫人恩爱有加，处处宠着疼着，就连府上签了卖身契的丫鬟下人都坚持发给新俸，乃是难得的君子。又岂是那种见色起意的登徒子？更何况我也知道，王公子对小女子并不喜，将来也不觉会将小女子当做自己的夫人看待，又怎会真轻薄于我？ 今晚之所以前来，也无非大婚夜有些礼仪流程而已。这一下倒轮到王老爷一阵吃瘪。然而短暂沉默，却见这女子只是理了理裙摆，侧着头悠悠望着他。知道我为何那么恨你吗？脸上涌起一丝怆然。你没有去过南楚，你不会明白。那里地处南方偏雨，虽气候还算适宜，却处处是崇山峻岭与乱石，能够耕种的土地少得可怜，而且还土壤贫瘠。不仅如此。 还毒虫蚁兽横行，而且洪灾旱灾连年不断，老百姓别说吃饱穿暖，根本连活下去都难。遇上灾荒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啃树皮拔草根度日。声音说不出的平静。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想博取王公子的同情。身为王室公主，在我十岁那年，因为见过太多百姓的苦难，便立下了誓言：哪怕倾尽一生心血，也定要让南楚变得富庶起来。奈何南楚不但偏于小国，又土地贫瘠，也没有什么铁铜矿石之类。 要做到这一点，何其艰难！唯一的出路，或许只有在学问与技术方面寻求突破。举个例子，若是南楚能在炼钢方面拥有全天下最领先的技术，或者研究出某些新的技艺，诸如在贫瘠的山地上也能种出粮食来，或许南楚便能摆脱贫苦。即便不至于如大康与庆国那般兵强马壮、国库充盈，可至少能少些老百姓挨饿受冻。因此， 十年来，小女子遍寻名师，一心扑在客务学的学习和研究中，也算有所小成。不仅如此，我还组建了一个客务所，带了不少学生。虽算不得做出多大成绩，可总归有了良好的势头，那也算是我倾尽了所有的精力。顿了顿，朱妙语悠,悠悠凝视着前方，神色之中再也掩饰不住一片悲凉与痛苦。可就因为王公子，这一切都没了。在小女子来大康和亲的时候，那客务所便解散了，里面的先生和学子。 都是男主在这方面最顶尖的人才，也遣散了。那种感觉，就像自己一手养大的孩子，就这么没了。王修没说话，神色古怪，倒还真没看出来，这小妞居然还是科学院院长级别的人物啊！然而此时，朱妙宇又一丝凄然苦笑，语气依然平静，可声音却有些哽咽。其实我不是那种无理取闹之人，我也知道，无论男主或者小女子自己，沦落到今天这地步，皆因父亲不听劝谏，太急功近利。 就连那场赌约比试，也是我男主使臣自己找上门来，结果自寻恶果而已。然而，我朱妙宇这些年所有的心血，包括我自己，都彻底沦为屈辱的和亲工具，又让我对王公子如何不愤恨？短暂沉默，才又沉吟道：“之所以跟王公子说这些，主要也是憋得太久，说出来或许会好受一些。其次，你我既然以为夫妇，小女子也不愿将心中所想瞒着王公子，反倒落了下乘，却又强迫自己露出几分释怀笑意。” 只是眼下，或许造化弄人，小女子偏偏还与自己心中愤恨之人拜了堂，成了王世妇，而王公子自然也绝对不会对小女子有丝毫男女之情，当自己夫人般对待。日后我与王公子当如何相处，倒令人头疼。道士总算悠悠转过头，可紧跟着却是神色一致。只见身边这个男人或许因为喝多了酒，不知何时竟靠在床头睡着了，都已带着细微鼾声。朱妙雨一阵讶然。 苦笑着呢喃了一句：“你倒是胆子挺大，就不怕我趁你睡着，心中愤恨起了歹念？还有，你睡在这里，让我怎么休息？”可迟疑半晌，却是盈盈起身，脱掉他脚上靴子，扶着他在床上躺好，替他盖上被子。结果他朱妙语也只得在床沿坐了整整一晚上，直到天亮。时间转眼已是二月初二，阳气出惊蛰，韶光大地周。林州府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终于离去，春暖花开的时节。 终于来临，太守郑明礼也终究在半个月前卸任离开了林州，回了京城任职户部侍郎一职。只是那一天天空上还飘着些小雪，王老爷领着郑妍儿前去相送，谁知那小妞哭得稀里哗啦。这两个月来，除了除夕过年，府上最值得庆贺的事，却是苏婉晴那婆娘在上月把脉有了身孕，这让王老爷倒是好好的激动了一番，兴奋了好几天。而唯独让王老爷颇为诧异的。 却是就在当初与朱妙宇婚典之前，思虑再三，还是就如今大康朝所面临的极有可能陷入与夏国、庆国双线作战的险峻局势。那什么先发制人、闪电战的想法，相当隐晦的给皇帝去了个折子。倒不是他王老爷多想立功，主要实在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国家若真走到割地称臣，甚至迁都南下的地步，他王老爷的万通商行恐怕也同样没好日子过。可没想到，他无非脑子一热想出来的谏言。 竟然被皇帝采纳了。上个月从京城有消息传来，说是朝廷早在十二月初十那天，精挑细选了一支两万人的精锐骑兵，没带任何辎重粮草，出平山关，直奔西面夏国草原腹地而去了。更让他大跌眼镜的，据说领兵出征的主帅，居然还是个娘们，倒是将他王老爷搞得欲哭无泪。那皇帝是不是太儿戏了一点？大清早，当王修刚从被窝里睁开眼，便见身边正儿尚且还在熟睡着。 莲藕般的玉臂轻轻抱着他脖子，一条玉腿搭在他小腹上，玲珑的娇躯只如八爪鱼般窝在他怀里，近在咫尺那圆圆的鹅蛋脸，白里透着温润红晕，微微轻皱的小摇鼻，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竟是那般秀色可餐。特别此时软香在怀，鼻息中阵阵女子特有的幽香，以及雪白内衫领口若隐若现那一抹白里透红的肌肤，更让他瞬间只感觉浑身一阵燥热。而这时，却见怀里这小妞也终于缓缓醒来。 可刚一睁开眼，看见他王老爷正直勾勾望着自己，郑妍儿一阵慌张，惊呼出声，脸蛋更唰的一下变得一片通红，眼里都快滴出水来。被窝里一只小手已掐在他腰间软肉上，没好气一声娇嗔：“坏人，还没看够吗？”却是瞬间将小脑袋已紧紧埋在他胸膛上，再不敢与他对视，倒是搞得他王老爷一愣一愣的。这小妞自打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妇人，如今是越来越像个迷死人不偿命的妖精。 可唯独这容易害羞的性子，实在让人哭笑不得。两人都早已这样了，特别自从苏婉晴有了身孕，这段时间他王老爷只得天天晚上搂着这小妞睡觉，结果还是动不动就羞得通红一张脸。可此时眼见他那副娇羞无限而又说不出妩媚迷人的样子，哪还顾得上？因为昨晚辛苦劳动，腰还有点酸，一个翻身便已将他压在身下，一只手已顺势揽着他那柔软纤细的小蛮腰。姑爷，姑爷！然而就在这时。 不等他，另一只手轻车熟路解开这小妞那山腰间束带，却只听得门外一阵喊声。听声音，正是这小妞随嫁过来那个叫春梅的贴身丫鬟。太子殿下领着陈小国公以及程小郡公来了，正在前厅看茶。于是刹那，王修气得脸色铁青，差点直接从被窝里蹦了起来，一声大骂：“那狗东西到底能不能有点公德心？莫名其妙又跑来林州做啥？上次他走的时候就跟他说的很清楚了，我们感情淡了。” 友谊的小船已经翻了，叫他等着，一个时辰后，老子再去弄死他。顷刻间，怀里郑妍儿更是早已羞得耳根滚烫，一双葱断玉手死死抵着他胸膛。登徒子，你又想干什么？恼羞之下，气呼呼嘟着嘴。自从苏姐姐有了身孕，天天就知道欺负本小姐。眼见他依然一副气急败坏德行，却又红着脸扬起小脑袋，吧唧在他嘴唇上亲了一口，又一扬小拳头补偿你的，这下满意了吧？还不快起来！ 妾身服侍你穿衣，于是王老爷便彻底无奈了，只得黑着脸讪讪从被窝里爬起来。没料到这小妞一边有些笨拙的替他整理着衣衫，却又几分黯然，悠悠沉吟道：“夫君，我有些想爹爹了。当初那你那侍卫婉儿小姐的事，前几日苏姐姐给我说了。算算时间，距离八月十五只剩半年了，而那时候苏姐姐自然已挺着大肚子，行动不便，到时候……” 妾身陪夫君一起去京城，迎那婉儿姐姐回来，顺便再陪我去看看爹爹，好不好？王修顿时一怔，满是怜惜看着这小妞患得患失、可怜兮兮的样，却也只得将她轻轻揽在怀里抚慰一番，才点了点头，转身走出房间。而当他垮着一张脸到达前厅，果然只见赵太白那两球货根本与上次前来如出一辙，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悠哉悠哉正坐在前厅，一身便装华服，手持折扇。 一副翘着尾巴欠抽的德行，可就是此时，隐约可见脸颊还有些淤青浮肿，一边摇晃折扇露出来的手腕上也隐约有些血痕。用屁股想都知道，与被他那像商纣般暴虐的老爹搞了呗。而左右两侧，陈静与程虎也好不到哪儿去，一段时间不见，还是那副颜色。一个身着如衫，头戴官巾，一副饱读诗书的儒生模样；一个傻愣愣直视前方。这时，眼见他王老爷到来。 三人自是齐刷刷起身，眨眼便已冲到跟前。赵太白折扇一收，王兄几月不见，风采依旧啊！随即已是一脸灿烂的笑。对了，前段时间王兄又迎娶了据说花容月貌、还才学惊人的男厨长公主，真是可喜可贺呀、啊！奈何本宫身为太子，当日不便亲自前来道贺，王兄见谅啊！陈东坡脑袋往前伸了伸，赵兄所言极是，恭喜王兄了。程子美傻愣愣的半天回不过神。 我也一样。顷刻，王修更一阵气结。我操！没找他算账，他还好意思提示吧？记得当初还曾问过这狗东西，老子想要用才学比试大败南楚学子，两件功劳换一个辞官诏令，他爹什么意见？这狗东西只轻描淡写一句，不大乐观。这是不大乐观吗？这叫相当悲观，好吧？要早知道皇帝会把朱妙雨那刚烈婆娘赐婚过来，老子肯定也连夜扛着自行车就往京城跑。 就算跑去宫里撒泼打滚哭闹上吊，也断不至于让狗皇帝做出如此丧尽天良的决定啊！现在好了，唐也败了，娶了个仇人在家里养着，唯一的好处就是嫁妆有点多，应该可以买下半条福寿大街。所以就这不靠谱的玩意，感情怎么能不淡吗？尽管如此，还是强忍冲动，没直接一拳整在他那鼻梁上，只是瞟一眼他脸上那已经消退不少淤青，没好气一瞪眼：怎么，又被你爹吊起来抽了？ 搓了搓手，倒是几分期待。这次又是为什么？你爹又失心疯发作了？快详细说说，让本老爷开心开心。越详细越好。可接下来的情形却让他一下子懵了。只见出乎意料，这两球货根本与以往那副如死了亲爹的哭丧模样截然不同，相反，笑得那叫一个灿烂，眼睛都眯成两道缝。啪的一声，折扇摇晃两下，一摆手：“咦，好兄弟，你胡说什么呢？这次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本宫与我爹那是父慈子孝，相亲相爱一家人，他怎可能无缘无故抽我呢？这顿抽本宫挨得舒服极了，原因也简单，就是本宫赶在我爹拿定主意之前，用太子府的名义颁布了一纸调令，把林州新任太守的人选给敲定了。哦，就是接下来你的顶头上司。王老爷顿时有点懵，只见这狗东西更来了精神，尾巴都快翘上天。王兄，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依照大康朝廷的规制。 太子府也有权力，可插手全国五品以下官员的任命调动，只是一般情况需要先由太子府一众官员审查，再奏报我爹。但本宫能走寻常路吗？直接先斩后奏，还故弄玄虚，朝他眨巴两下眼睛。那王兄，你猜猜新任林州太守人选是谁？王老爷依然一头雾水，皱着眉头，半晌才试探性憋出一句：“不会是你这货色吧？”然而话音未落，却见这狗东西更一下子乐了。 猜对了，正是本宫啊！脑袋往前一凑，怎么样？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心情很激动，而且也感到很意外。毕竟翻遍史书也没见过东宫太子跑去做州府太守的先例。当然，我依然还是东宫太子，这林州太守一职也只是暂时兼任。太子府的事，只需要每隔段时间回京去处理一下便可。一摇折扇，随即道一声长叹：“其实吧。” 王兄，你是有所不知啊！自从当初有幸与王兄结识，一起临州师馆装过笔，一起乌鸡巷,巷里喝过酒，一起福寿大街打过架，就总感觉在京城待着远不如在临州城待着来的舒坦。话锋一转，当然，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你忘了，本宫现在做梦都想着搞钱啊！看你现在天天大把大把银子往家里赚，真的比杀了本宫还难受。倒是老脸一红，当然，本宫不是想去做贪官。 横征暴敛欺负百姓，这点底线还是要有的。可关键是，如此一来，本宫不就有了理由，可以正大光明长期待在林州。上次你提过的那开办钱行的路子，的确是个好办法。可就算偷点太子妃的珠宝首饰出去卖，也最多只能凑二万两出来，根本不够。我琢磨了很久，突然悟了，当初你出这主意，压根就是在忽悠我。反正我不管，以后我就长期待在林州了。王兄得带我搞钱，而且最主要的，我也知道王兄在担心。 怕落得个蛊惑东宫太子的罪名，可到时候我做太守，你做判司，上下级关系和睦，胜过亲兄弟，堪称官场典范。再顺便一起做点生意，是不是就显得很合理了？嘶王老爷后槽牙生疼，砂锅大的拳头在咯咯的响。没想到这货还来劲了。不过这太守任命的调令一颁布，本宫自己就乖乖的找了根金条去找我爹了。哎呦，王兄，你是不知道啊，我爹那是气的，胡子都一根根翘起来了。 把我吊在太阿殿房梁上，那一顿抽啊，硬是一个时辰没歇口气。咧开嘴一乐，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本宫的一句话：身为东宫太子、国之储君，却不知民间疾苦，若连一个州府都治理不好，何谈以后能治理好一个国家？我爹觉得还挺有道理。还有，本宫还拍着胸脯给我爹保证了：如果一年时间在临州府做不出政绩，我便领着王兄乖乖去太阿殿，让他吊起来抽，想怎么抽就怎么抽。 腿打折都没关系，再加上太子府的调令都颁布了，政令岂能朝令夕改？所以，我爹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怎么样，本宫机灵不机灵？睿智不睿智？刹那间，王修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气血翻腾，气得心肝尖尖都在颤，脸色铁青的发紫，怒气上窜冲的脑袋都昏沉沉的。大爷的，神仙啊！这狗东西，神经病啊！堂堂东宫太子。 给自己下了张调令，跑来当林州太守，闻所未闻啊！哪怕是前世历史上，好像也只有正德皇帝身为太子时，给自己封了个什么大将军的职位，可也压根就是个头衔，过过大将军的瘾而已啊！华天下之大稽呀、啊！最主要的，这林州判司的职务，老子都已经打定主意，躺平摆烂了。倒是要么去府衙点个卯就走，要么就天天在衙门里睡大觉。反正就算出了事，上面还有太守顶着。 这些统统也就罢了，你那句若做不出政绩，我便领着王兄乖乖去太阿殿，让他吊起来抽腿打折都没关系，是个什么意思？果真是好兄弟啊！你特么是皇帝亲儿子，大不了一顿抽，可老子呢？还有上次没跟你说清楚吗？咱俩感情淡了呀？谁特么有功夫带你做生意搞钱啊？一时间砂锅大的拳头已咯咯直响，尽管如此，还是咬了咬牙，黑着脸问了一句。 你有治理一个州府的经验吗？赵太白使劲摇头，没有啊。王老爷嘴角在抽搐。那你知道林州府衙在什么位置吗？你知道林州府有多少人丁，下辖多少县，每年有多少税收吗？赵太白依然摇头，不知道啊。随即倒是一摆手，哎，这都不是事。一指旁边陈进、成虎两个货，没关系。东坡兄和子美兄以后便是府衙的师爷了，定能出谋划策，协助咱俩治理好林州府的。至于府衙在哪儿？ 呃，明天本宫去问问。而陈静却是脑袋向前一伸，再一摇晃。圣人云：“大丈夫当之为百姓领命，在下定能协助王兄与太白兄，在林州做一番功绩。”陈虎傻憨憨处在那儿，咧着嘴直乐。于是乎，王老爷便崩溃了，直愣愣望着这一对卧龙凤雏，不想说话了。天呐，菩萨也，老子上辈子到底遭了什么孽？啥稀奇古怪的破烂事都遇上了，还有…… 林州府上百万百姓到底又遭了什么孽？遇上这么三个货哦，还加上本老爷，一共四个货来做他们的父母官，这以后还不得三天饿九顿？半晌，才只是招了招手，叫过来一府上小厮，去给本老爷找把铁锹来。老子今天不弄死这三个东西，他们真当老子蹲着撒尿的？赵太白顿时吓得够呛。咦，王兄，你怎么能这样？咱兄弟关系不好吗？可没想到。 同样，这时不等他，王老爷杀气腾腾，暴跳如雷，先跑门口院子去找块板砖。却只见外面急匆匆奔来一护院，老爷，老爷，府门外来了！一姑娘，长得还挺漂亮，拧着一把长剑，在那里叫门大骂，支支吾吾，说是老爷您，您害惨了他兄长，他要跟您决斗，为兄长报仇，还说要弄死您。王修一阵诧异，这又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害惨了他兄长，他兄长是谁啊？ 来了这大康朝，本老爷一向性格温顺，做人低调，也没得罪过什么人啊。就连那吴子俊也没听说他有个啥妹妹啊。赵太白自然比他还猛，歪着脑袋，咦，居然有人敢跑到王兄府上来找茬闹事，还是个妹子。可当下却一下子来了精神，扭头朝陈进、成虎一声大喝：“兄弟们，操家伙，又来活了！”王修顿时一阵气结，铁青着脸，一巴掌抽在他后脑勺，破口大骂：“操什么家伙！” 跟你说多少次了，咱们要以德服人，好歹也是东宫太子，能不能学学本老爷的儒雅斯文？可又眉头一皱，朝程虎一声嚷嚷：“等等，那妹子还带着剑，你还是带把铁锹吧。”一脸嫌弃：“你好歹也是个高手，咋就没一点高手风范呢？随身也带着兵器。”程虎老脸微微一红，半晌憋出一句：“我是力量型高手。”王修嘴角一抽，不想搭理他了。而当几人拎着铁锹，雄赳赳气昂昂到达府门外。 却也不由得愣住了。只见此时大门外空地上，果然正站着一妙龄女子，目测约十八九岁模样，一袭翠绿色长裙，样式却与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婀娜拖地的款式不一样，极具习武之人的劲装风格，将身躯勾勒的前挺后翘的，娇艳精致的脸蛋，纤细柔软的小蛮腰，手中持一柄尚未出鞘的长剑，浑身上下都充斥着一种逼人的英武之气，英姿飒爽，令人生惧。特别紧身的装束下。 那双勾勒的淋漓尽致的大长腿更是勾人犯罪，连他王老爷都不由得看呆了。只是此时这妹子也不知是更年期提前到来，还是被负心汉无情抛弃，脸色难看的厉害。站在门外，小手死死握着长剑，脸蛋铁青，煞气凌人，死死望着门口几个满面戒备、紧张的护院，声声娇斥：“叫王修那奸贼滚出来！本姑娘今日非要宰了他！无耻、卑鄙、下流、无恶不作的狗贼！” 怎么做了坏事，却敢做不敢当了，不敢露面了？骂着骂着，自是一眼便看见正走出来的四人，瞬间更脸色一寒，铁青的发紫，双目喷火，一个箭步无比矫健，便已冲到跟前，握着剑柄的小手更紧了紧，可当下却又眉头一皱，阴气逼人的目光冷冷在四人身上打量着：“你们谁是王修？”于是乎，王修更加一头雾水，完全搞不清状况，这婆娘谁啊？ 老子也没见过呀，赵太白却一下子来了精神，已是一脸猥琐见笑，勾着他肩膀，脑袋凑过来，压低声音：“咦，王兄看不出来哟、啊，你还有点东西哦、啊。找上门的妹子长得都挺乖啊。”陈静却是二话不说，从怀里摸出来一根书，翻开两页，脑袋左右摇晃。圣人云：“君子当慎言，当克行。”程虎这次反应贼快，望向这女子，胸脯一挺，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 却奈何还没念两句，女子根本一脸鄙夷嫌弃，杀气腾腾一声骂：“闭嘴，臭不要脸！”于是两人闭嘴了。陈静赶紧脑袋向后一缩。陈虎老脸刷的胀得通红，望向赵太白，可怜兮兮：“太白兄，一千两从你这买的长短句，从来没灵验过。当初你是不是在骗我？”直看的王老爷一愣一愣的，脑壳疼。唉，怎就遇上了这么两个货？老子的脸都被丢光了，却也只得黑着脸。 望向跟前这大长腿妹子，试探性问道：“不知姑娘芳名，与那兰平县公王修又有何深仇大恨？”顿时，只见妹子又脸色一寒，咬牙切齿，一声冷哼：“你便是王修？本姑娘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唐娇。当朝礼部尚书唐明，乃是家父；唐子聪乃是家兄。今日前来，正是要找你这恶贯满盈的恶贼，讨个说法，为家兄报仇雪恨。”刹那，王老爷差点活生生被口水呛死。 眼珠子瞪得滚圆，哟呵，还真没料到，这居然便是那礼部尚书唐明的闺女。可关键，那唐明看着也挺机灵一人，还满肚子坏水，怎就生出个脑子有病的闺女来？老子把他兄长怎么了？又没吊起来打，又没月黑风高拖进小树林去搞，甚至现在一天三顿还是老子府上送饭去，有个鸡毛的仇怨啊，莫名其妙就气势汹汹找上门来报仇。可没想到，不等他说话。 只见这唐娇情绪却更一下子激动起来，那叫一个恼羞交加，就好像被他王老爷吃干抹净还不认账一般，杀气腾腾，又一声娇叱，怎么？好歹也是当朝献公，敢做不敢认？”娇躯颤抖不已，一副要将他生吞活剥的样。也罢，本姑娘便让你死个瞑目。实话告诉你，本姑娘与兄长自幼便关系亲近，而他又从小便患有脑疾，成天只知道琢磨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比如一杯水结成冰时。 为何会变得更多？为何天上月亮有时候是圆的，有时候又是弯的？经常就这些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他竟然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想上一天一夜，疯魔一般。这些年，本姑娘与母亲可谓是遍寻名医为他治疗这一症，奈何也不见好转。为这，母亲都经常偷偷掉眼泪，满面悲愤，双目喷火，瞪着他。家兄此番陪同恩师前来林州，父亲也是支持的。本姑娘与母亲本也想着让他来散散心。 或许对脑疾有所帮助，可谁知几个月过去了，一点音讯都无。本姑娘不放心，这才过来瞧瞧。可谁知刚才去了，他与孔先生买那院子，就看见家兄与孔先生就那么坐在一棵树下，一动不动。家兄一会儿仰头望着头顶树枝，一会儿扯一下手中一根绳子，那绳子还连着房顶一个铁盆，举止怪异，状若疯癫，嘴里还念念有词，偶尔还拿出纸笔在上面写些什么。 本姑娘在旁边叫了他半天，他也没反应。说着说着，眼眶竟忍不住几点泪花。毫无疑问，家兄就这么疯了，病情比来临州之前还要严重多了，都已经病入膏肓了。刚好遇上你府上前去送饭时的丫鬟，一打听才知道，正是你这恶贼给家兄与孔先生说了些什么，然后他们师徒二人就变成这样了，都已经两三个月了。当下又一声杀气腾腾暴喝：“姓王的，你这恶贼，你把家兄害成这样，本姑娘跟你拼了！” 王老爷便彻底哭笑不得了，直愣愣望着这妹子，印堂漆黑，嘴角直抽搐。大爷的，还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却也根本懒得搭理他，丢下一句“脑子有病”，转身就要回府。然而话音未落，却见这小妞身形一闪，便已横在跟前挡住去路，脸色气得发紫，紧握着剑柄的小手都指节发白，一声呵斥：“恶贼，你骂谁呢？”胸前饱满上下起伏的厉害。 那架势似乎就要扑上来，跟他扯头发、撕衣服、打一架。姓王的，你休想走！你到底对我兄长做了什么？你把他害成这样，难道不该给个说法？我唐教跟你没完，今又非得宰了你这恶棍，为家兄报仇！于是乎，王老爷更气得快吐血。卧槽，这婆娘没完了是吧？你那神经病兄长，当初天天跑老子府上，跟个好奇宝宝似的，死缠烂打，逼着老子给他讲学。你怎么不来问问老子心里啥感受？ 不就是忍无可忍下，给他提了两个直击灵魂的科学问题吗？然后他就变这德行了，怪我喽？莫名其妙就跑来找老子麻烦？大家都很忙的好吧？哪有闲工夫跟你在这些破事上纠缠不清？就你这样波大无脑的妹子，老子一拳整在那娇滴滴的脸上，应该能哭好久吧？一时间气得脸色铁青，砂锅大的拳头都咯咯直响。可没想到，不等他有所动作，一旁反应从来慢半拍的程虎却一下子急了。 一把拽着他胳膊，将他拖到一边，另外两颗脑袋自然也紧跟着凑了过来。随即便见这长得虎背熊腰的憨货，支支吾吾了半天，总算满面担忧憋,憋出一句：“王兄，不可，不可！我、哦、这礼部尚书之女唐娇，与他兄长不同，可是自幼习武。当然，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难怪刚才听名字感觉挺耳熟，琢磨了半天，总算想起来了。我虽然也从未见过他，但他习武所拜的师傅。” 乃是在下恩师的师妹，如此论起来的话，她便是在下的师妹了。所以今天要打起来的话，在下肯定是不能出手相助的，否则算是背叛师门。赵太白与陈静两个货一脸惊奇，王修却是嘴角一抽，没好气瞪着这怂货：“你琢磨了这半天，才总算想起来，这脑神经的传输是不是太慢了些？”我操！这大康朝的娘们咋个总喜欢习武打打杀杀呢？就不能像本老爷一样儒雅吗？ 吞了吞口水，才试探的问道：“这妹子的身手，比起当初本老爷身边那侍卫赵婉如何？”陈虎老师憨厚摇了摇头：“据我所知，师妹比起那赵侍卫，身手差远了。就王兄你这样的，赵侍卫一只手能打十个。”王修又一阵气结：“会不会说话？啥叫一只手能打十个？老子不要面子的吗？”当下却是一下子放心不少。 气势汹汹，又是叫着嚷着要把老子大卸八块的，还以为多大的粟米馍馍啃不动呢，害老子还小心谨慎了半天，原来根本是个虚架子。朝这两球货一瞪眼，怂货！铁锹给我！二话不说，从他手中抢过铁锹，转身便朝那糖胶走去。大爷的，虽然还没打女人的习惯，可人家都找上门来了，还能抱着人家大腿，一把鼻涕一把泪求饶不成？然而刚走两步，却听得身后又传来程虎的声音。 他只能打八个，噗！刹那间，王老爷一个踉跄，差点栽倒在地，后背冷汗唰的一下就冒了出来，扭头死死瞪着程虎，后槽牙疼的钻心。大爷的，有毛病啊！说话能不能一口气说完？想害死人啊！你特么管这个叫身手差远了！转过身，却见这唐娇依然杀气腾腾瞪着他，双眼寒气逼人，明显一副不将他王老爷拖进小树林搞一顿誓不罢休的姿态。于是乎。 王老爷就欲哭无泪了。善善望着他那正紧握剑柄的小手，脸色青一阵红一阵。完犊子，今天是碰上硬茬子了。赵太白与陈静这两个货又指望不上。但是求饶是不可能求饶的，是绝不可能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这婆娘大长腿，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大呼：“女侠，我错了，女侠饶命！”的。半晌，眼珠子咕噜一转，望向这唐娇，好不容易强迫自己堆起一脸和善笑容。原来是堂堂礼部尚书之女。 失敬失敬，刚才以为唐姑娘与那恶贼王修是至交好友，因此在下才谨慎了些。唐姑娘恕罪，真没想到，原来唐姑娘跟在下一样，也与那恶贼有着如此深仇大恨。说起来也算志同道合呀、啊。唐娇顿时一怔，尽管依然满面寒气，却明显有些诧异不解。只见王老爷依然满面笑意。其实唐姑娘认错人了，我们兄弟四人乃是江南四大才子。 伸手一指不远处那三颗狗脑袋，这几位是太白兄、东坡兄以及子美兄。至于在下，姓白，字乐天。寻常我们几人最爱聚在一起，谈谈诗词歌赋，舞文弄墨一番。又一声长叹，实不相瞒，在下几人与那王修恶贼也可谓是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啊！那恶贼表面看着道貌岸然，一副谦谦君子模样，可实则败絮其中，恶贯满盈，人神共愤。说着说着，已是一脸悲愤。 相信唐姑娘也听说过那恶贼昔日林州诗馆洋洋洒洒二十五首绝妙好诗一鸣惊人吧？可你有所不知，其中好几首诗乃是出自我们林州四大才子之手。就诸如那首“花间一壶酒”，实则乃是在夏前年七月十五与心仪的女子赏月之时写下来的。其中还有几首也是出自太白兄他们之手。史进眨巴着眼睛，眼眶竟有些湿润起来。奈何直到去年中秋前，我兄弟几人前往京城，想用这些诗稿求一个举荐为官的机会。 路过这林州城，凑巧便遇上那恶贼。同为才子，自然惺惺相惜。可谁曾知，一顿酒后，他竟然把我等的诗稿给偷了。转眼间，那些诗就出现在了林州的中秋诗会上。狠狠一跺脚，满腔愤慨下，声音都颤抖不已。唐姑娘，想想，如果不是那恶贼偷了我等的诗稿，如今封爵拜官，迎娶太守千金，还被皇帝赐婚南楚公主的，岂不就是在下了？好不容易写出来的诗作，就像自己的孩子般。 却为那恶贼做了嫁衣，那是越想越生气。因此，我兄弟几人满心悲愤下，才相约一起。今日哪怕豁出性命不要，也得找那奸贼讨个说法。唐姑娘也看见了，我们还带着铁锹，就是打算跟那奸贼拼了。可谁知，杀气腾腾冲进府去，却被告知那恶贼竟跑去京城了。听管家说，带了些礼品，想去京城里走动走动。哦，对了，听说六部尚书的府上，他都统统准备了厚礼。 就为了以后能平步青云、辉煌腾达，哼，真是无耻至极，实在丢我们读书人的脸面。只是没料到唐姑娘竟也与他有如此深仇大恨，那奸贼胆子未免也太大了，竟连堂堂礼部尚书的公子都敢诓骗。眉头一皱，倒是一片好心。我兄弟几人本家境贫寒，囊中羞涩，自是去不了京城了，就在这林州等那恶贼回来。但唐姑娘，在下建议还是赶紧回京城吧，说不定他真可能来贵府拜访，自投罗网。 到时候也请唐姑娘狠狠教训一下那恶贼，也算替在下几人出口气。于是乎，不远处那乌泱泱的三颗脑袋便愣住了，一个个面面相觑，眼珠子瞪得滚圆。半晌，赵太白才泱泱一声呢喃：“我的个阿娘耶，我王兄真是太稳健了，人才，大康第一人才啊！”而果然，只见这唐娇面色一下缓和下来，只几分疑惑，再打量他几眼，总算将长剑挂回腰间。原来是一场误会。 失礼之处，还望白公子见谅。目光之中已是几分同病相怜的同情。白公子也切莫太难过，只怪那恶贼实在奸诈无耻。又是一咬牙，悲愤交加，一声呵斥。实在没想到，朝廷新封的县公竟是如此罄竹难书之徒。本姑娘行走江湖，一向嫉恶如仇。放心，待到我赶回京城，寻到那奸人，定将他碎尸万段，再让爹爹将他诸多恶行公之于众，让世人都看看。 他那虚伪无耻的嘴脸，一拱手告辞，随即阴气逼人，转身就要朝前方走去。于是乎，王老爷一下子乐了：“哎，波大无脑，看嘛，女孩子家家不知道多读点书，成天就知道打打杀杀，有个什么前途吗？好大根乌梢蛇，炖不爬吗？这不就解决了？王兄，王兄！”然而，同样这时，正当他刚摆好姿势，准备目送着唐娇快马加鞭赶回京城。 却只听得远处一阵激动大喊，扭过头，只见远处状若疯癫、跌跌撞撞奔来一男子，赫然正是唐子聪。一边跑一边扯开嗓门喊：“王兄，我想出来了！我想出来了！”哟，太子殿下也在啊！顷刻，王老爷脸一下子绿了。只见这家伙却哪还有当初刚来灵州时那翩翩风度官二代模样，衣衫不整，披头散发，状若癫狂。 双眼布满血丝，下巴都有了青色胡渣子，也难怪这唐娇只跑去隔壁府上看了一眼，就气冲冲拎着长剑跑来，要跟他王老爷扯头发撕衣服干一架。唐宰聪双眼冒着光，那叫一个神采飞扬，踉踉跄跄，眨眼间便已冲到跟前，顾不上喘口气。王兄，哦不对，恩师说过，他老人家已与你师兄弟相称，我得称你一声师叔才是。师叔，我琢磨出来了，咦，你我年纪相仿。 叫声师叔别扭，我与恩师还是各论各的。以后还是称呼王兄吧。关于那树上的积雪为何会往地上掉，砸在我的脑袋上，而不是往上面飘或者左右横着飞？那只是因为咱们所处的大地对那积雪产生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吸引力。兴奋激动的声音直发抖。其实不仅是大地，任何两个物品之间都有着互相的吸引力，只是这种吸引力的大小又跟这两个物品的重量存在一定比例关系。而大地的重量大到无法衡量。 因此，相对其他物品来说，自然是它所产生的吸引力最大，所以才会导致无论树上积雪或是其他东西，都只会往地上掉落，而不是在空中左右飘。王兄，你琢磨琢磨，这道理对还是不对？只是这吸引力的大小能否计算出来，在下还找不到头绪。刹那间，王修彻底惊呆了，望着这货，嘴巴张得老大，硬是下巴都快滚到地上来。哎呦，卧槽，有点东西哦。 不愧是国子监内最拔尖的剑生，而且还是成天满脑子净琢磨些奇奇怪怪问题，都已经被老娘和妹妹当做癔症脑疾患者的疯子。在这个基础科学极其不发达的时代，才几个月时间，这么高深的问题都琢磨出来了，大康朝牛顿啊！可关键是，你早不琢磨出来，晚不琢磨出来，偏偏就在老子一顿操作猛如虎，眼见就要成功把你妹妹忽悠走的时候，跑来了，一口一个王兄叫着，你是不是太不会做人了？ 扭过头，果然只见刚走不远的唐娇已停住脚步，满面疑惑望着两人，皱着眉头：“哥，你刚叫他什么？他不是姓白，字乐天吗？”王老爷瞬间点头如捣蒜，一副傻愣愣表情望向唐宰聪，一拱手：“这位兄台，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在下白乐天，乃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此番前来林州，只是想找那恶贯满盈的兰平县公王修讨个公道。”伸手一指旁边又乌泱泱凑过来那三个脑袋。 这几位与在下共为江南四大才子：太白兄、东坡兄、子美兄。一边说着，一边使劲挤眉弄眼暗示。那三颗脑袋这次反应倒是挺快。对呀、啊，对呀、啊，这位兄台，你肯定是认错人了。我们是来找那王修报仇的。可没想到，任凭他王老爷眼皮都眨巴肿了，唐宰聪却根本一头雾水，皱着眉头，一脸不解。王兄，你在胡乱说些什么呢？哪有什么江南四大才子？ 你自己不正是兰平县公吗？找自己讨个什么公道？扭头望向赵太白几人，还有你们仨，不正是太子殿下以及左丞相陈大人的公子陈进，以及千牛卫大将军府上的城虎小郡公吗？国子监里，咱们都还一起上过课的，能骗得过在下吗？道士总算注意到不远处唐娇，又一阵错愕。咦，妹子，你什么时候来林州了？也不知来看看兄长。王老爷顿时气得老脸铁青，肺都要炸裂，脸色漆黑如锅底。 不想说话了，心里好累。与此同时，果然只见那唐娇俏脸唰的一下，已是一片寒霜。即便脑子再单纯，哪还不明白究竟怎么回事？顷刻间，滔天恼羞下，信木死死瞪着王老爷，竟是气得郊区都颤抖不已。祸害自己兄长，将其害成现在这副凄惨模样也就罢了，竟还坑蒙拐骗，样样精通，下三滥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将自己也骗得团团转。不要脸，臭不要脸啊！ 撒起慌来，竟然连脸都不红一下，差一点就被他骗得灰溜溜赶回京城去了。天哪！朗朗乾坤下，这世上怎就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而且还是当朝县公爷！瞬间一阵从未有过委屈与羞愤袭来，被齿已咬的咯咯直响，歇斯底里一声娇喝：“恶贼，骗子！本姑娘宰了你！”虽还不至于真做出将这杀千刀的奸贼剁了脑袋、大卸八块的事来。 可今日要不把这狗贼揍得鼻青脸肿，连媳妇都认不出来，是不为人！欺负人，太欺负人了！可没想到，当他刚杀气腾腾冲到跟前，身手矫健，一条大长腿正要虎虎生风，照着那狗贼就要踹上去，将他踹个四脚朝天，再摁在地上狠狠摩擦一番。唐宰聪却是一个箭步，便横在跟前，一摆手：“妹子且慢，为兄还有话要与王兄说，能否等我说完，你再动手？” 皱着眉头，一阵诧异，奇怪，王兄才学高深，为人正直，怎把妹子给得罪了？却也顾不得那许多，望着王修，满面激动，两眼直冒光。王兄，还有打雷时，我也大概琢磨出来了，闪电和雷声其实根本就是两码事，一个是光，一个是声音。我们之所以能看见东西，听见声音，是因为光和声音就好像水流与吹风一样，在空气中传送，才进入咱们的眼睛和耳朵里。可是。 光传送的速度却远远比声音的速度快很多。吞了吞口水，其实这个道理我早就想明白了，可就是一直困惑。在小院子里用木锤敲铁盆的时候，同时看见和听见。后来在下突然悟了，那只是因为距离不够远。所以找了个晴朗的好天，请恩师去了一个郊外，隔着两三里路的山顶，他使劲敲锣。果然，我听见声音就明显比看见恩师敲锣稍微晚了一点。兴奋的手足失措，王兄。 你说我琢磨的有没有道理，对不对？